我意外魂穿修真界，摸爬两千年成为元婴老祖，却在一次大战中撕裂空间重回地球。本以为这个世界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存在，结果却只是过去了一个暑假。要不是自己一身移山填海的修为还在，我都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个梦。就这时，我妈打来一个电话：“兔崽子，你要死了呀！一个月不接电话，你是不是想急死老娘啊？这回又跑哪去呀？”妈。 听到我妈的声音，我低头发酸。在修真界摸爬两千年，父母二字都已经成了久远的记忆。随便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后，我妈又让我去青州。乔说是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就算是龙图手拆头客，一剑斩飞机的原因老祖，面对老妈的催婚也无力反抗。很快，我来到老妈的指定地点——青州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两个妙龄女孩已等候多时，我上前轻声问道：“你是乔姨的女儿许淑妍吗、啊？”可爱女生吓得跟兔子一样，从椅子上弹开：“你谁啊？干嘛突然冒出来？”“你是宁晨。”许淑妍指着面前这个身上沾满划痕和泥迹，还背着登山包的男生，娇脸渐渐变得僵硬：“说好的帅哥呢？他不。” 不会真要和这个乡巴佬去吃饭吧？没错，他就是许书言。关键时刻，许书言抓了可爱女生当替罪羊，还俯下身而已。拜托小唐，江湖救急了，回头送你支口红。”可爱女生叫江糖，小声道：“三只纪梵希的。”许书言拍了拍他肩膀，成交。 这两个小姑娘，这是把自己当傻子了吗？你好，宁晨同学，从东阳县大老远过来，真是辛苦了、啊。江棠和我打起了招呼，笑容很灿烂。我们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聊也好。我揉了揉肚皮，自己倒不是饿了，而是回归知识泥丸宫破碎，导致灵力流失了一丝。虽说可以忽略不计，但长此以往，自己的灵力会不断衰弱。想不到我堂堂元婴期修士，有朝一日要靠吃凡食维持修为不跌。我嘴角泛起一丝苦涩，跟着二女出了咖啡馆。没想到乔姨的女儿居然开了车，而且还是一台价值不菲的保时捷帕拉梅拉。怎么样，这车不错吧？许淑妍掏出钥匙开锁，用余光扫了一眼我，我点点头。 我表示不错，就是太慢了。许舒言一听这话就不开心了。慢，请问宁同学，你开的什么车呀？我随口道，我没车，一般都是腾云驾雾，偶尔也遇见。江棠听后却笑喷了。同学，你修仙小说看多了吧？太可爱了，傻帽一个。一旁的许舒言翻了个白眼道，你要是嫌我的车慢，可以自己打车，比比谁快。我一脸无所谓表示可以。许舒言惊讶道，你确定？我们去城西银泰城吃饭，离这里大概六七公里，敢比吗？谁输了谁请客，你想比就比吧，不过提前说好，我胃口很大。许舒言很讨厌我这种爱答不理的语气，听到自己答应，她笑靥如花。好啊，那银泰城一号门见。 说完，他一脚油门就走。了。二女走后不久，我直接化作一抹残影消失，速度之快，连监控都拍不到。元婴期修士在城市间穿梭，根本不需要调用灵力，靠脚力即可。两分钟不到，我的身影出现在城西银泰城，其中一分半钟都是在问路。五分钟后，银泰城一号门跑过来两个女孩子，正是许书言和江糖。耶，赢了，二女笑着击掌。殊不知，这时我已经在五楼一家餐厅点起了餐，这个、这个、这个不要，其他的每样来十份。又过了十分钟，该死的家伙！许书言气得直跺小脚，本小姐这辈子等人都没等过这么长时间。 江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哎呀，舒言，你说他该不会是迷路了吧？许舒颜文言闻言，秀眉微蹙，拿出了手机。这个白痴，我打他电话试试吧。拨通妈咪给的电话号码后，意外的打通了。宁晨同学，请问你是被人贩子拐卖了吗？怎么还没到？我到了呀！你到个屁！我在一号门站半天了，压根就没看见你。 抬头往上看，什么？许书言抬起头，环视一圈，果然看见五楼的户外走廊上，一个男生正双手插兜，静静地看着他。江糖惊呼：“书言，你看，是宁晨！他什么时候上去的？这家伙！”许书言很火的挂断电话，一路小跑来到五楼。宁晨，你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也不说一声，白让我等了这么久，知不知道本小姐最讨厌的你 到老半天了，看你们太慢，我就自己上来点餐。你们到了刚好上菜。我淡笑道：“我点了不少东西。”许大小姐，你不会反悔吧？走进餐厅，来到包间，看到满满一桌子菜后，许舒言彻底傻眼了。火焰牛排、雪花鱼翅、海参汤、木瓜炖血燕、清蒸东星斑，他甚至还看见了一坛佛跳墙。什么情况？走错包间了吗？姜糖的樱桃小嘴也张得老大。服务员用手示意了一下宁晨，都是这位先生点的。宁晨，许舒言要暴走了。蕉叶晕红，我跟你有什么仇？你为什么要故意整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都说了，我胃口很大，我很无辜的耸耸肩。你不愿意请也没关系，我自己掏钱好了，用不着我许书言愿赌服输。女孩从包包里抽出一张镶钻的黑卡，对服务员说：结账。服务员把 POS 机拿过来。你好，美女，一共五千二，刷卡结账一气呵成。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谢谢。 许书言撂下这句话，拽着姜糖就走。喂，不留下来一起吃点吗？我喊了一句，可惜没得到任何回应。死宁晨，臭宁晨，本小姐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你！许书言一路上都在骂宁晨。咕噜噜，姜糖饿得肚子直叫。舒言，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吃点吧？这个点，每家餐厅都有人排队，更何况是你付的饭钱面对啊，我付的钱，我凭什么不吃？许书言忽然怔住，扭头往回走，不料迎面走上来一个男生，目露惊喜。舒言，好巧啊，你也在商场，咱们还真有缘分。 陈志豪、许舒言看见这个穿一身名牌、染着黄头发的男生，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你怎么在这儿？陈志豪是他高三同学，一个不折不扣的校霸，靠着家里有权有势，没少在学校欺负同学。他也是自己的众多追求者之一，当然是来玩了。陈志豪藏起眼底的炽热，尽量摆出绅士般的笑容。舒言，午饭还没吃吧？正好有一家新开的法餐，米其林二星，我订了位子，赏个脸吧。小唐，你也一起。陈志豪含笑的目光又落在江棠身上，娇小可爱的脸蛋，配上与可爱外形极不相符的劲爆身材，使他眼底忍不住泛起一丝炽热，真恶心。许舒言看出他神情。 异样，拽住江棠想走，江棠却有了鬼点。子。舒言，不如让陈志豪跟我们一起去，以他的性格，肯定要和宁晨狗咬狗，到时候咱们就坐在一边看笑话，岂不是很好玩？许舒言眸光微亮，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小唐，你真聪明。于是他扭头给了陈志豪一个僵硬的笑容。志豪，不如我请你吃饭吧。志豪，陈志豪以为自己幻听了，女神叫他志豪，还要请他吃饭，我遭，他有戏了。 好啊，舒言，咱们去哪吃？陈志豪压下心底的激动，问道：“跟我来吧。”许舒言冲他娇美一笑，转过脸就翻了个白眼，来到宁晨点餐的那家餐厅。两个小美女带陈志豪进来，我正在大快朵颐。陈志豪刚想问是不是走错了，便听见江糖惊讶地道：“天哪，宁晨，你属猪的吗？这么能吃？”许舒言也瞪大美目，这才离开一会儿，桌上三十多道菜已经没了一半，他到底是吃了还是倒？我看向几人疑惑道：“你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许舒言环抱玉臂：“我买的单，我回来吃点有错吗？要你管！”哼，我买的单，我回来吃点有错吗？要你管！等一下。 这个时候，陈志豪一脸懵逼的指着宁晨，舒言，这小子是谁？哦，他叫宁晨，是我妈妈好闺蜜的儿子。今天第一天从东阳来青州，我妈让我招待他一下。许舒言如实说道。不出江棠所料，陈志豪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下来。本少好不容易和女神约次会，你一个乡巴佬在这儿又吃又喝，算怎么回事？哥们，吃饱了吧？陈志豪上前拍了拍宁晨肩膀，吃饱了也好走了，我和舒言还有正事要谈。宁晨正在专心致志吃一盘炒牛腰子。 嘿，hey, 哥们，宁晨抓过来一只柠檬鸡，先把鸡腿撕了下来。哥们，要不这样，我给你两千块钱，你去别的地方吃吧。宁晨喝了一口芙蓉汤，盐放少了。陈志豪，我他妈让你吃！陈志豪直接把宁晨手里的半只柠檬鸡打飞了出去。他这暴脾气，老子和你说话呢，听不见，非逼老子发火是吧？嘻嘻，舒言，好戏开锣了。江糖古灵精怪的笑着，拉着许舒言退开，然后许舒言就看见宁晨站起身。 一把抓住陈志豪头发，把他的脸摁进了一盆鲫鱼汤里，咕噜咕噜咕噜，这盆鲫鱼汤可够多啊！陈志豪差点没淹死在里面。狗东西，我特么弄死咕噜咕噜！放放手啊！咕噜咕噜，我咕噜咕噜，救救命！救咕噜咕噜！无论他怎么挣扎，拧陈的那只手就像铁钳一样牢固，死死把他摁在汤里，动弹不得。陈志豪的声音越来越弱。天哪，这家伙好大的力气！将糖堂口张大，别说了，小唐，快救人！ 许书言看见情况不对，赶紧跑上去拉开宁晨。吃个饭可别闹出人命来了。许书言细胳膊细腿儿的，肯定拉不动宁晨。宁晨也不想下杀手，只想给这个纨绔一个教训。他一个元婴七大修士，尽管身受重创，但还能给一个世俗小屁孩欺负了？记住了，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宁晨把陈志豪的头又往汤里一送，坐回位置继续享用大餐。他可不想天天这么吃，一次性多吃点，用真气压缩在胃里，便可维持多日灵气的消耗。 虽说这些世俗食材的灵气含量低得令人发指，但多少也能补充一些消耗。扑通！陈志豪跪在地上，嘴巴和一只鼻孔齐齐往外涌鲫鱼汤。为什么是一只鼻孔呢？因为另一只塞了颗硕大的鱼眼睛，脸上更插着几根鱼刺，疼得陈志豪嗷嗷直叫。性命的，你等着，有种你别走！陈志豪从地上爬起来，满头白花花的鲫鱼肉，眼神充满怨恨。他多少年没在女孩子面前丢过这种脸了，还是在他女神面前，狗东西！ 老子今天一定要弄死你！好，你去叫人吧。宁晨在梭罗斯漫不经心地道：“你等着。”陈志豪摔门而去，前脚刚走，宁晨就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让他打包饭菜。等陈志豪换了身衣服，带人回来，宁晨三人早就没影了。志豪，人呢？一个叼着烟的不良青年呆呆望着他，身后跟了小弟。他妈的，被耍了！陈志豪一脚踹在门上，大吼大叫：“宁晨，你这个孬种，这事没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老子要让你在青州混不下去！宁晨压根没把陈志豪当半蒜。从商场离开，坐上许淑妍的车，来到绿城玫瑰园。这里是青州有名的富人区，舒适安静，鸟语花香。宁晨甚至感觉到这里的灵气也比闹市浓郁那么一丝。真不知道妈咪为什么非要把他带到家里来，这个暴力狂！许淑妍从后视镜里扫了宁晨一眼。陈志豪不过是打飞他一只柠檬鸡，就差点被他淹死在鲫鱼汤里，太可怕了！这种人以后结婚肯定会家暴。奈何。 妈咪打来电话，吩咐一定要把宁晨带回来。江糖则是对宁晨很感兴趣的样子，一路上问了好多问题。宁晨大多敷衍了事。很快，车子在一幢独栋别墅前停下，一位四十多岁的雍容美妇早就在等着了，旁边还站着一位西装革履的老管家。妈咪，许淑妍下了车，马上小跑过来，俏脸写满了委屈。下次再有这种事，千万别让我办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宁晨是个暴力狂。雍容美妇听完，摇摇头道：“瞎说什么呢？小陈可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 爱运动又有阳光，许淑妍小脚一跺，哼，她只是表面上老实罢了。这时，宁晨走了过来，手上还拎着老大一包。乔姨，好多年不见，您越来越漂亮了。乔姨一听就笑了，小陈嘴怎么变得这么甜？哎呀，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老范，快来帮忙拿一下。是夫人，老管家上前，却是引得跟在宁晨身边的江棠一笑。乔阿姨，范伯，这不是礼物，是宁晨从饭店打包回来的饭菜。啊。 打包的饭菜，乔姨先是一愣，紧接着灿烂笑道：“好好节约粮食，是个好孩子。小陈，以后住在这里，你可要和舒妍好好相处，当她是亲妹妹就行。他才不好，他是超级暴力狂。”许舒妍小报告打到一半，突然尖叫：“妈咪，你刚才说什么？”第四章黑龙看见堆在客厅里的几大包行李，许舒颜彻底崩溃了：“妈咪，你你不是认真的吧？让我和这个暴力狂住在一起，我晚上怎么睡得着？” 许书言坐在沙发上哭了，两条玉瓷般白净的小腿不停地拍打地面，呜呜，不要，我不要。小唐，你快劝一劝妈咪，不然咱们俩以后都有危险。江许两家是世交，江唐从初中开始就和许书言住在一起了，两个人比姐妹还亲。江唐说道：“乔阿姨，我和书言都是女孩子，突然住进来一个男孩子，不太方便吧？”乔姨微微一笑，阿姨信得过小陈的人品。江唐，这……此时，宁晨正望着院子里的风景，双目流转，似乎在寻找什么。 对他们这边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喂，你倒是说句话啊，别跟个哑巴一样。许淑妍看见宁晨那副淡漠的模样就来气，我可不想你住进来。我不叫喂，我叫宁晨。宁晨斜扫了他一眼，这里很好，我想住下来。许淑妍、江棠、乔一脸上露笑，这孩子性子就是直，有什么说什么。老范，你觉得呢？乔一询问身后的西装老者。老者叫范毅，是许家的管家兼许父的保镖。他也打量宁晨半天了。 对乔伊微微点头，夫人，如您所说，这孩子确实不错，成熟稳重。范博，怎么连你也帮这个暴力狂说话？许舒颜抱着靠枕哭了起来。乔伊把宁晨叫到院子里，小陈，舒颜这孩子从小被我宠坏了，你是哥哥，让着他点。乔伊说道，这妮子本性不坏，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嗯，好。宁晨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封刚从行李箱里取出的信封，里面厚厚一沓，全是钞票。乔伊不解，小陈，你这是干什么？ 宁晨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房租，也不知道够不够。”乔姨，你点点。乔姨立马就不高兴了：“开什么玩笑，住乔姨家还给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和你妈绝交了呢！快拿回去，不然乔姨不高兴了。”哦，宁晨直接揣了回去，反正也就是客套一下，这还差不多。乔姨重新露笑：“小陈啊，你要是真有心，就帮阿姨在学校多护着舒颜一点。你也知道，舒颜长得漂亮，招男孩子喜欢。你妈说你天天在外面登山攀岩，这身子骨锻炼得真结实。” 宁晨听得满头问号，许淑妍长得很漂亮吗？他怎么看不出来？感觉也就比普通人稍微好看一点，和小南天界的那些清纯玉女、妖艳媚羞完全没有可比性。作为一个活了两千年的老怪物，他人类的情感其实已经很淡薄了。但他依稀记得小时候老爹做生意失败，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是乔姨寄来一笔又一笔的钱，助他们家渡过难关。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座别墅所处的位置，乃是一口灵眼。如此稀薄的灵气，这口灵眼应该早就枯竭了。 但还残留了几丝灵脉，算了，先待一段日子吧。乔伊离开后，宁晨便在院子里逛了起来。这幢独栋别墅，房屋占地足有四百多平，再加上一平的院子，价值恐不下一亿。许家的财力的确惊人。汪！汪汪汪！忽然一阵犬吠声传来，宁晨循声望去，只见许淑言牵着一条德牧，气势汹汹的朝他走来。这只德牧犬缺了只耳朵，身材高大，威风凛凛，胆子小的人见了都不敢靠近。 宁晨，我不管你是怎么忽悠我妈咪的，但你不能住在这里。许舒妍穿着兔子居家服，一手牵狗绳，一手叉着柳腰，你走不走？不走我就放黑龙咬你。名字叫黑龙的德牧犬冲着宁晨龇牙咧嘴。我住哪间房？宁晨答非所问。没人安排的话，我就自己选了。你，你以为你是谁？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许舒妍气不过，直接松开狗绳，一指宁晨，黑龙把他给我赶出去。黑龙怒吠一声，撒丫子扑向宁晨。舒妍。 院子后门边传来姜糖的惊呼，下一秒，宁晨只是简单的拿眼睛瞪了黑龙一下，那双狗腿便急速刹车，没命的往后逃去，一溜烟窜,窜进狗窝。狗窝里还传来嗷呜嗷呜的惨叫，像是大白天撞见了鬼。姜糖，许舒妍指着宁晨，脸都白了：“你、你、你！”宁晨双手交叉，枕在脑后：“我什么？”许舒妍大胆的猜测：“你、你是不是杀过人？不然黑龙怎么会被你吓跑？黑龙可是在部队和军犬一起训练过的。” 宁晨嘴角勾起一抹阳光的弧度，嗯，总算聪明一点了啊！许书言把狗绳一扔，尖叫的逃回二楼。宁晨吹着口哨回到客厅，最后还是江棠给他安排了一间房间，位于二楼楼梯下面。宁晨也不嫌弃，直接就住了进去，无聊的躺在床上，手枕脑后，望着天花板发呆。哎，以后该怎么办呢？泥丸宫破了，丹田也破了，元神肉身双双重创，这样的伤在小南天界都很难修复。幸好我还有八千多年寿元，可以慢慢想办法。 想了半天，他觉得自己只有两条路，要么在地球上找到修补泥丸宫的仙药，要么就是找机会重返小南天界。想着想着，居然一阵困意来袭，元神受创让他的精力也大不如从前了。一觉睡到晚上九点，保姆来过，但许淑妍故意不叫宁晨吃饭，还让保姆把他打包回来的饭菜都扔了。他想逼出宁晨暴力的一面，只要这家伙敢动手或是骂几句脏话，他就有足够的把握赶走他。淑妍这家伙出门了，二楼阳台上。 江棠看着宁晨溜达出去的背影，说道：“这么能忍？”许书妍气的香腮鼓出两个小包子。“那我们晚上把门锁了，让他在外面睡大街。”第五章苏婉婉。宁晨一路溜达到大学城附近，这里有很多美食街。他挑了一家里梅烧烤店走进去，随便点了一些。他边看网络小说边撸起了串。无聊啊，不能修炼。他这个元婴期大修士瞬间变得无所事事，只好重拾高中时代的爱好，看起了网络小说。婉婉，你看。 这孩子看起来瘦瘦高高，和你差不多大，想不到这么能吃，一口气点了六百多块钱的东西。烧烤店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正一边择韭菜，一边对女儿笑道：“同为四十多，她和乔姨就没得比，像差了二十岁。”这就是保养的威力。在旁边帮忙择菜的女儿却是生得水灵漂亮，红润的嘴唇，小巧的摇鼻，还穿着一身高中旧校服，更添了几分青涩的校园感。妈，你就不怕这又是一个吃霸王餐的混蛋？女学生问道。一个月就那么几个。 大部分客人都是老老实实付钱的，老板娘苦笑。一个月几个，我们好几天都白干了。女学生苏婉婉埋怨道：“算了，婉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肖哥那群地头蛇，咱们娘俩可惹不起。”老板娘摇头叹气。所以妈妈拼了命也要供你读书，让你进入上流社会，远离这些地痞流氓。知道了，妈。宁晨把娘俩的话听在耳里，面无表情，继续看小说。没过一会儿，一伙头发染六色的人来到烧烤店，店内顿时变得很吵闹。 苏婉婉看见这伙人，脸色一变，害怕地扯了扯老板娘的围裙：“妈，他他们来了，快快躲到后厨去！”老板娘见状，赶紧让女儿离开。老板娘还不给哥几个上菜，磨蹭什么呢？一个系着骷髅头巾、流里流气的混混从宁晨身边经过，抬脚踹开几张椅子，店内响起嘎吱嘎吱的噪音。宁晨皱起眉头，干脆用真气封住听觉，继续看小说。正看到精彩的地方呢，好好的，坤哥。老板娘满脸笑容，把菜单奉上来。 各位大哥，看看想吃点什么，跟以前一样。名叫坤哥的混混大手一挥，在老板娘身上拍了一下：“梅姐，你说你也还算风韵犹存，跟着苏海超那个窝囊废有什么好？还不如跟我马坤呢，至少这水月街这块儿没人敢欺负你，是不是啊，兄弟们？”桌边混混发出哄堂大笑。坤哥，你开的什么玩笑？我人老珠黄，哪能入您法眼？您等着，我马上去后厨做，今天额外赠送几位大哥一条烤鱼。老板娘李梅卑躬屈膝地道：“好。” 去整吧，马坤摆了摆手，把双脚翘在桌子上，和他的兄弟喝酒聊天。聊天的内容不堪入目，不是讨论哪个夜场的妹子正点，就是和哪个帮派干仗，声音又大又刺耳。店内本来还有好几个客人，都吓跑了。见走掉的客人没付钱，躲在收银台后面的苏婉婉憋不住了，用校服袖子捂着脸，一路小跑出去。哎，我糟，坤哥你看，哪来的这么正点的？新号新号新号！一个小黄毛指着跑出去的苏婉婉。马坤扭头一看，眼睛顿时就亮了。另一个小弟说道。 我以前好像见过，市里没他女儿，平时都在南城上高中，几个月回来一趟。这老娘们藏了个这么水灵的女儿，还送到南城去读书，防贼一样防我们。看老子一会儿怎么收拾他！墩墩墩墩！马坤一边往嘴里灌啤酒，一边邪笑地看着苏婉婉青涩的身影。呼，总算要回来一点。苏婉婉拿着几张百元大钞往回走，却突然被一只手抢走。你干什么？这是我的钱，还给我！苏婉婉望着马坤，又急又怕。还给你。 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钱啊？你叫他一声，看他答不答应。马坤色眯眯地望着苏婉婉。我，苏婉婉用求助的眼神望向旁边桌子上的宁晨。这个男生一页一页地翻着小说，丝毫没有帮他的意思。他被齿咬紧阴唇，怒视着马坤。这就是我的钱，小妹妹真可爱啊！马坤伸手挑逗苏婉婉，把他的手打开，把钱给我，不然我报警了。哟呵，报警？来，借你一个手机，你报警试试。马坤随手去拿宁晨的手机。 本以为这个年轻小子不敢拒绝，结果他却不悦地瞪了一眼：“你干嘛？”马坤正要发飙，李梅听到动静，赶紧跑了出来，看见女儿苏婉婉暴露在众流氓的目光之下，他赶紧上前：“坤哥，东西都整的差不多了，马上就可以吃。”“吃他妈什么吃？”马坤扬起一巴掌甩在李梅脸上，恶狠狠地道：“老子告诉你，以后水月街上的每家店每个月都要补收四千块钱的管理费，这是肖哥的意思。”“妈！”苏婉婉哭着抱住李梅，李梅不顾脸上的伤，惊恐地道：“坤哥。” 你，你这是要绝我们的活路啊！四千块，我怎么交得起？交不起。这样吧，让你女儿认我当个干哥哥，这样你以后就是新号新号新号妈了。我保证这条街没人再敢欺负你。怎么样，梅姐？马坤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苏婉婉，那窈窕的身段，清纯的面孔，实在是勾人犯罪。坤哥，坤哥，你放过我们娘俩吧，我给你跪下了。婉婉她才十八，刚考上青州大学。李梅当然知道马坤想干什么，跪下来求饶。妈妈，你别跪。 苏婉婉也满脸是泪，见状，宁晨仍旧是面无表情。他活了两千多年，在修真界见识过无数类似的事情。地球上好歹还有律法，修真界那真是啥也没有，看上就抢，敢拦就杀，说屠村就屠村，一点都不含糊。就，哎，这就得过来吗？老板娘，我这些多少钱？宁晨打算付钱走人，回去接着把这本小说看完。小伙子，你？李梅不知所云的看着宁晨，苏婉婉也觉得这人很奇怪。 但还是说一三十块。宁晨正要扫码付款，马坤抡起巴掌就朝他脸上扇来：“老子让你扫了吗？你就扫！”下一秒，宁晨抓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捏，咔嚓一声脆响，马坤手腕骨断了，疼得嗷嗷惨叫，倒地打滚。支付通道账三十元。收银台那边传来播报声。苏婉婉整个人都是猛的，什么情况？这个男生一边把马坤打趴下，一边还淡定的付完了钱。付了<老>。宁晨把手机揣回兜里，准备回家。 给我弄死他！躺在地上的马坤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烦不烦？宁晨皱起眉头，一耳光就抽了过去。这一耳光快如闪电，轮流抽小混混的脸，啪啪啪啪啪响，喷他 Q！十几颗带血的牙齿飞了出去。等苏婉婉和李梅缓过神，宁晨已经走了。他想快点回家看小说。等等一下，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苏婉婉气喘吁吁的追了上来。第六章：尴尬的误会。他怎么走得这么快？苏婉婉手撑膝盖。 香汗淋漓地站在宁晨面前，就这么一会儿，居然已经走到路口了。你，你是运动员吗？走路好快啊！苏婉婉大喘气。如果你想为刚才的事情道谢的话，不必了。宁晨直言。啊！苏婉婉愣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再见。宁晨扭头就走。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青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任何事干久了都会厌烦。有些被他救了的人，从此依赖上他，甚至把他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 苏婉婉回到店里，发现马坤那些混混全部歪着嘴、斜着脸、一瘸一拐，一上了救护车。医生，医生，你看我嘴巴怎么一直歪着？我也是，我脖子转不过来了。坤哥，我们以后不会要歪着嘴过一辈子吧？几个混混哭成一团。这种情况，急诊室的医生也是第一次见到。六个人的嘴巴、脖子严重错位，而且骨骼居然已经定型。这样的情况，除非敲碎重塑。而这一切，当然是宁晨干的，算是他惩恶的一点恶趣味吧。 八成是那小子捣的鬼！奶奶的，这事儿没完！马坤不光歪嘴斜脸，还顶着一双斗鸡眼，恶狠狠地道。十点多，宁晨拎着几大袋菜，慢悠悠地回到玫瑰园，掏出钥匙捅了两下，门反锁了。宁晨也不恼，右手食指一勾，一缕真气窜进锁孔。舒言，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客厅里，江糖问许舒言：“有什么过分的？他可能杀过人诶、哎，我怎么能和杀人犯同住一个屋檐下？”许舒言捧着一杯奶茶，坐在沙发上，喂。 人家只是开个玩笑吧。江糖翻了个白眼。哎呀，许书言一边喝奶茶一边打游戏，不小心把奶茶弄到睡衣上去了。可恶，刚买的新睡衣。小唐，你帮我扔洗衣机吧，我这局马上开始了。那你脱下来。嘻嘻，小唐你真好。游戏马上开始了，许书言不想坑队友，赶紧把睡衣脱了下来。这一瞬间，宁晨正好开门进来，正面撞上宁晨的那一刻，他大脑瞬间缺氧。怎么可能？大门明明反锁了，这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不准看！许书言抱住身子，尖叫着背过身。更要命的是，他把睡衣扔到姜棠头上，后者没看见宁晨进来，以为许书言在和他说话。我没看啊！他惊呼道：“宁晨，你你你，你怎么进来的？我什么都没看到。”宁晨轻咳两声，转身走进厨房。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啊！片刻，二楼卧室，姜棠跪在床边道歉：“书言，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吧。”话说门不是反锁了吗？他是怎么进来的？ 许书言把头蒙在被子里，俏脸红得发烫。想起刚才的一幕，他就恨不得去死。开锁，他一定叫了开锁的。许书言被齿紧咬阴唇，屈辱地道：“小唐，我不管，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赶出去，不然咱俩以后都不安全。”“好好，我想，我这就想。”江棠赶紧开动脑筋：“有了，房租，咱们让他一个月交一万块的房租。他只是一个学生，肯定没钱。”“好主意，你去要。不过一个月一万太少了，两万，不，三万。” 姜糖只能去将功赎罪。刚下楼，他就被厨房飘出的一股奇香吸引了。哇，好香！谁在做饭？七点多吃的晚餐，他早就饿了。天哪，宁晨，你还会煲汤？姜糖从门边探出小脑袋。嗯，要不要一起喝点？宁晨对姜糖还蛮有好感的。好啊！姜糖瞬间忘记了下楼的初衷。他发誓，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鸡汤，差点把舌头咽下去。宁晨这个可不是普通鸡汤。 而是用十七味中药煲出来的药膳，就是鸡太拉胯了。若是他们修真界的雪羽鸡煲出来的汤，那才是人间绝味。喝完汤，江棠一脸满足的回房。许舒言站在房门口，双手叉腰，一脸愤懑的瞪着他。江<姜>，唐，一直到第二天，许舒言都不想搭理江棠，说好的要房租，他居然喝起了那个暴力狂煲的鸡汤，没骨气。许舒言一边想着，一边从劳斯莱斯后视镜里瞪着宁晨，连瞪十几分钟，从家里一直瞪到青州大学校门口。 昨天我不是故意的啊！闭嘴，不准说！许书言捂住耳朵，羞愤欲绝。司机听得满头是汗，这话的信息量有点大啊！放心，我们不会一直住在一起的，我保证。明晨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那最好。许书言暴臂扭,扭头，脸蛋晕红。十分钟后，劳斯莱斯库里南停在青州大学门口，引来人群的侧目，尤其是从车上下来的许书言，她今天打扮得很漂亮，精心卷过的香槟色长发。 韩式美妆点缀，再配上学院风小短裙，回头率百分之一百。江棠天使脸蛋，魔鬼身材，也分走了相当一部分目光。宁晨拿着手机，边走路边看小说，时不时打个哈欠。昨天半夜有人溜下楼偷喝他的鸡汤，吵得他都没睡好。进校门没一会儿，就个长得不错的男生上来搭讪，无一例外都被许书言和姜糖拒绝了。哇，女神啊！刘哥，快看那边！林荫小道上有很多校园招新的社团，一个脖子上挂单反相机的男生。 盯着许舒妍那堪称艺术品的美腿，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刘迪也看呆了，他是摄影社的副社长，拍了那么多美女，都不及眼前这一个漂亮。想也不想，他就走了上去。美女你好，你是新生？刘迪的笑容中透着一丝猥琐。有什么事情吗？许舒妍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步伐不停。学妹，你不要误会，我们是清大摄影社的，专门给帅哥美女拍照，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给你拍两张？刘迪带着几个摄影社成员一路跟随。 给你看看我们做的抖音号，百万粉丝的大号。许舒颜美眸微漾，停住了脚步。果然，漂亮的女孩子都喜欢拍照。幸好我当初学了摄影。刘迪暗笑，顺势掏出手机来、哎。两位学妹，这就是我们的抖音号“清大摄影制”。你这么漂亮，随便拍两张都能火。舒颜，他们技术好像还不错哦，视频都有十几万的点赞。江糖看了两个视频，要不要拍？许舒颜轻手轻点，那就随便拍两张好了。第七张，大力哥得手了。 刘迪脸上浮现出笑容，只要能搭上话，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很快，许书言、姜糖跟着摄影社来到湖边凉亭，开始拍美照。刚开始还很正常，拍一张，刘迪夸一张，什么天生丽质、仙女下凡，反正就是各种舔。但拍着拍着，刘迪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你有病吧？许书言早就受不了这个油腻的家伙了，甩头就走。怎么了，学妹？我还没拍完呢。刘迪上来道歉，放不开就算了，咱们再拍几张其他风格的。 我还有很多想法呢，我不拍了。许书言美眸一瞪，亭亭玉立，让开。好好，不想拍也成，那把钱交了吧。刘迪拦在凉亭门口，交钱？交什么钱？许书言蹙眉，拜托学妹，我们这么多人陪你耗了半天，不用花钱吗？刘迪笑得很女干炸，也不贵，一块，大概也就拍了一百多张吧。咦，你们还不如去抢。许书言气死了，明明是你们主动求我拍的。书言，我们走，别理他们。 江糖被恶心到了，第一天来学校就碰见这种家伙，真晦气！不交钱，那就把照片拍完吧，不然我们损失很大的。刘迪猥琐的目光往许淑妍的腿上扫去，啧啧，这么漂亮的腿，拍个系列肯定能涨不少粉，配合一下吧，学妹。你！许淑妍小脚一跺，刚准备骂人，突然刘迪双脚悬空，被人从后面拎了起来。谁？谁啊？找死啊！快放我下来！刘迪一米六八的个头在半空中扑腾，砰的一声，他被扔了出去。 撞在凉亭左侧的柱子上，摔得眼冒金星。宁晨，许淑言看着突然出现的青年，脸颊不自觉的微微泛红。宁晨，你来了！江棠惊喜尖叫，灵眸如看英雄般闪闪发亮。马德，哪儿蹦出来的？给我上，削他！刘迪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来。可这些摄影社成员整日拍照泡妞，缺乏锻炼，见识过宁晨单手提人的本领，他们哪还敢上？就你要削我！宁晨走到刘迪面前，抬脚就是一下，砰！ 直接给他踹出两行鼻血，捂着鼻子躺在地上嚎叫。其他摄影社成员齐齐后退一步，脸都吓白了。这人下手好狠，二话不说就往人家脸上踹。若是在小南天界，你脑袋已经搬家了。宁晨丢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又给了他几脚，转身离去。刘迪疼得死去活来，在几个小弟的搀扶下去了校医室。他肯定不是普通学生，估计是混地下的。小唐，你信不信？许书言远远的跟着宁晨，低声猜测，不知道，但他刚才好帅啊。 江棠双手交叉，一脸崇拜：“帅？他才不帅呢，一点都不帅。”许书言打死都不可能承认这个土鳖帅。几十分钟后，刘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涂满碘伏，从校医室走出来，拨通了他散打社好兄弟的电话：“喂，鹏哥，你兄弟我被人打了，鹏哥，你一定要替我报仇，不然我死不瞑目。”旁边的摄影社成员闻言，脸色一变：“散打社骨干赵立鹏，这人可是清大校园的一个狠角色，听说从小练武。” 曾经拿下过市级散打冠军，普通人十个一起上也打不过。而且他舅舅还是校领导，只要不捅出天大的篓子，都能给他保下来。那小子惨了。到了，宁晨把许淑妍和姜糖送到艺术系的教室，表情透着不耐烦。你们两个低调点，别惹麻烦。我可不是你们的保镖。姜糖敬了个歪歪扭扭的礼。好嘞，大力哥。宁晨头上冒出三截黑线。呃，大力哥是什么鬼？姜糖可爱一笑，嘻嘻，你力气那么大，我以后就叫你大力哥了。 宁晨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但又懒得在这种事情上和姜糖辩论。临走之前，他又嘱托：“记住啊，别惹麻烦，我最讨厌麻烦了。”哼，本小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凭什么听你的？许书妍听见这话就不爽，柳臂一抱：“要不是乔姨，我才懒得管你。”宁晨说完就走，谁要你管啊，混蛋！许书妍冲着宁晨的背影嚷嚷，用力跺了一下小脚。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做这个动作很可爱？宁晨摇了摇头，一路溜达来医学系教室报道。 平平无奇的宁晨并未引起任何注意，他随便挑了个位置坐下，掏出手机来玩。哥们，干什么呢？这么入迷？刚看十分钟，前桌一个戴眼镜的小胖转了过来，看小说。宁晨头都没抬。什么小说？比校花还好看？小胖说道。认识一下呗，我叫方涛，你叫我方小胖就好。宁晨，你投票了吗？宁晨，方小胖问。什么票？没兴趣。宁晨摇头。你肯定有兴趣。方小胖的笑容有一丝猥琐。 校园论坛评选校花，难道你不想看看校花都长什么样？其中一个还是在咱们班哦。他往前指了指，一个长相清纯的漂亮妹子，正被一群男女同学围着问东问西，脸很红，有点害羞。真没兴趣。宁晨觉得还是小说比较有趣。活了两千多年，他不是没教过道理，但无论多美的女人，看久了也就那样。你就装吧。方小胖鄙视宁晨，然后和邻桌一个大高个聊了起来。大高个叫张大春。 出身农村，人看起来憨憨的。一听能看校花，张大春立马掏出手机，登上校园论坛。这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许淑妍，哇，果然很漂亮，比明星还好看。张大壮盯着照片，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明星？人家才不屑当明星呢。许氏集团你知道吗？徐景山就是许淑妍的爸爸。方小胖推了推眼镜，徐景山，经常上电视的那个大企业家。张大春吓了一跳，许氏集团市值几千亿。 许舒颜估计都看不上明星这个职业，方小胖猜测道：“你错了。”宁晨突然插嘴：“许舒颜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当明星，这个女人没你们想的那么金贵，俗气的很。”第八章练个散打也能走火入魔。方小胖和张大春同时愣住。宁晨，你不是对校花没兴趣吗？方小胖问。对，那你怎么知道许舒颜想当明星？方小胖又问。上午我和她一起来学校，她自己在车上说的。宁晨如实道：“我天。” 你是他什么人啊？方小胖努力憋笑，我和他没关系，就是认识。宁晨又道，噗，醒醒，兄弟，许淑妍这种白富美，不是我们能高攀得上的。张大春哈哈大笑。宁晨没再说话了。来教室的学生越来越多，张大春和方小胖也讨论的越发兴奋。这个江糖听说是许淑妍的闺蜜，卧遭，天使脸蛋，魔鬼身材。苏婉婉，南中的平民校花，高考理科七百一十八分，学霸呀。鼓舞社的温青兰学姐。 听说通过了鼓舞协会的考试，是一名持证舞者。大二的崔灵秀，泡菜国的交流生，还是美女主播，拉小提琴的出没学姐。哎，人美腿长，名字也好听，可惜姓熊。方小胖和张大春讨论了半天，最终一致决定把票投给许淑妍。论综合条件，许淑妍无疑要压过其他校花候选人。没过多久，教室里闯进来一波人，气势汹汹。为首的是一个壮硕青年，浑身的腱子肉，双手叉腰，一看就不好惹。鹏哥，就是他。 一个鼻孔塞棉球、顶着俩熊猫眼的青年，目光在教室内环视一圈后，猛地锁定宁晨，就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教室内哗然一片。打学长？他们临床二班还有这么嚣张的心声，所有目光都落到宁晨身上。是他？坐在前排的清纯女生眸光一亮。而宁晨正看到小说精彩的部分，被这么一打扰，感觉都没了。方小胖和张大春则用惊恐的眼神望着他，在他们看来，宁晨就是一个沉迷网络小说的闷骚男，没想到他这么勇。 连学长都不敢打，就特么你叫宁晨？听说你很猖狂啊！壮硕青年从讲台上下来，大步流星，一脚就踩在宁晨的桌子上，发出“砰”的巨响。新生们避之不及。张大春比较壮，为人正义感也强，开口道：“这位学长，你干什么？”啪！壮硕青年抬手就甩他一个大嘴巴，一米八几的大高个被抽得直裂狙，扶住桌子才没摔倒。老子是散打社的赵立鹏，滚蛋！这话一出。 好几个清大附中的新生脸色都变了。赵立鹏，散打社的核心成员，市级散打冠军。什么？是散打冠军？那这个宁晨不是死定了？一堆学生聚在一起，担心的望着宁晨。小胖子，你也想试试？赵立鹏一巴掌放倒张大春后，冷笑的瞪着方小胖，后者吓得都站不稳了。不不不，学长，我啪！又一记耳光声响起，方小胖吓得紧闭双眼，但脸上并没有传来任何痛感。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摄影副社长刘迪捂着火红火红的脸，躺在地上嗷嗷直叫。赵立鹏，你他妈疯了！打星号星号星号什么？刘迪吐出一大口血水，还有半颗碎牙齿。我我不知道啊，不是我。赵立鹏望着自己的右手，不断后退，一脸见鬼了的表情。散打社的几个成员也都大眼瞪小眼。鹏哥这是练武练得走火入魔，敌我不分了。不是你，难道是鬼啊？所有人都看见是你动的手。宁晨还坐在位置上，说话时。 他放在桌面下的右手食指轻轻勾动了一下，真他妈不是我！赵立鹏刚吼完，突然抡圆了右臂，一记后手拳坐在刚刚爬起来的刘迪脸上。刘迪那可怜的鼻子才刚止住血，又挨了重击，吃吃，两颗棉球被汹涌的血柱喷飞。刘迪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口中喃喃：“赵立鹏，我干你大爷的！这他妈什么情况？我练个散打也能走火入魔？”赵立鹏崩溃了，狠狠给了自己几个耳光，啪啪。 啪，嘴角都扇出血了。宁晨耸了耸,耸肩，表示这几下和我可没关系。然后把张大春从地上扶起来。嗯，这大高个能处，有事是真上啊。老师，就是他，他要打我们班的人，你们快帮帮！呃，这时那个清纯女生把两个老师带进教室，却看见赵丽鹏在那狂抽自己耳光，还一脸的崩溃和害怕。清纯女生一脸蒙圈，这是发生什么了？两个老师很快把散打社的人都带走了。同学，你没事吧？ 清纯女生来到宁晨面前，是你？宁晨一看，这不是昨晚那家烧烤店老板娘的女儿吗？好像叫苏婉婉。苏婉婉双眸泛彩，正准备和宁晨聊上两句，辅导员忽然进来了，她只能回去坐好。辅导员姓王，慰问了宁晨几句，便宣布明天军训的事情。讲完后，苏婉婉迫不及待地去找宁晨，却发现后者已经离开。你好，你们知道刚才那位同学去哪了吗？苏婉婉问方小胖和张大春。方小胖从来没跟这么漂亮的女孩子说过话。 涨红了脸，不不不知道，英英应该去上厕所了吧？张大春则捂着腮帮子，暗暗惊叹宁晨没有吹牛，他的中医推拿手法确实很厉害，轻轻一揉脸就不疼了。好吧，谢谢。苏婉婉清纯的脸蛋上露出失望之色。宁晨不住笑，没有寝室分配，自然也没有舍友，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悠闲的看小说。晚上去校外美食街吃饭，李梅烧烤店中，几个凶神恶煞的混混正在逼问母女俩宁晨的手机号。 这些混混中有一半都是歪嘴斜眼，带头的马坤还顶着一双斗鸡眼，场面十分搞笑。但李梅、苏婉婉可笑不出来，不行的，坤哥，顾客的联系方式属于隐私，我不能给你。李梅央求道：“你就放过我们娘俩吧！”狗屁的隐私！那小子把我打成这样，我要不弄死他，以后还怎么混？”马坤咬牙切齿威胁道：“要么今天我把你店砸了，要么把那小子的手机号交出来，你自己选一个。他”他他其实是苏婉婉心中很挣扎，究竟要不要暴露宁晨的身份？ 宁晨的声音却突然从店门口传来：“你们在找我？”混混们转过头，看见宁晨双手插着运动服的口袋，一副学生的打扮走进店里。“好小子，你还敢出现！”马坤指着自己的斗鸡眼：“这玩意儿医院都治不好，说是不是你捣的鬼？”“对，就是新号新号新号的，有什么冲我来吧！”宁晨老老实实的承认，并扫了他们一眼：“你们一起上，别浪费时间了，我饭还没吃。”第九章，我来自纯阳无极功。妈了个蛋，这么狂！ 弄死他！马坤从腰间掏出一根甩棍，带着十个凶的就冲了上去。饭店内桌清已到，碗摔碟砸，一片混乱。宁晨，别逞强了，快跑啊！苏婉婉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拼命大喊：“这可是十个持械的混混啊，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但下一秒，他目睹了奇迹的发生。宁晨一拳撂倒一个混混，甩棍抽在身上，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两个眨眼的功夫，十个混混就全躺在地上了。阿、哎、呀！惨叫！我是青州大学散打社的。 我叫赵立鹏，别让我在这条街上再看见你们，不然见一次揍一次。说完，宁晨飞起一脚，把他们像垃圾一样踢出店门。最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点餐。李梅和苏婉婉看傻了。水月街治安很差，他们平时没少看打架，但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猛的人。一个人竟然能打十个，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的感觉。难道他就是网上说的那种武者？同学，你你没事吧？我看你刚才好像被棍子砸了。苏婉婉上前关心。我没事。 宁晨回答：“他确实可以躲，但没必要。别说棍子，子弹也破不了他的真气。对了，你们家除了烧烤，炒菜也有的吧？”宁晨又问。苏婉婉有点无语，他怎么觉得这人对打架这种事毫不在乎？他到底什么来头？有有的，李梅上前笑道：“小伙子，你想吃什么？阿姨给你做。我想吃龙肉。”宁晨脱口而出。“啊！”李梅愣住。“我是说小炒黄牛肉。”宁晨改口。“好好。” 阿姨，这就去做，这就去做。李梅转身进后厨，给苏婉婉使了几个眼色，似乎在暗示什么。水月街的混混们又进医院了，但他们不服。坤坤哥，那个叫赵立鹏的怎么那么厉害啊？拳头重的像铁锤一样，我这三个月估计都下不了床。哎呦呦！一个绿毛混,混混躺在病床上，骨科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都是老熟人了，医生护士早已见怪不怪。没想到那小子是个硬茬。马坤的脸肿成猪头，一双斗鸡眼中填满怒火。 我估计他在少林寺学过艺，有可能还练过金钟罩。金钟罩？几个混混小弟脸色一变。没看见咱们拿甩棍抽他，他都没反应吗？这么特不是金钟罩，铁布衫，我是什么？马坤咬牙道：“不行，我得打个电话给肖哥，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说完，他马上打给他的老大。水月街白潇，废物！真他妈是个废物！白潇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破口大骂：“连一个学生都干不过，老子白养你们了！”肖哥，真不怪我们。 马坤感觉很委屈，那小子练过金钟罩铁不山，我抽他一棍子，他吭都不吭一声。那小子现在在哪儿？我派阿豹、阿狼过去。白潇沉声道：“豹哥，狼哥。”马坤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潇肖哥，也没必要这么狠吧？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学生，废你妈什么话？说啊！”电话那边传来白潇的咆哮，以及一个女人的痛苦嘤咛声。“是是是。”马坤把手机拿开一点，他在里梅烧烤店吃东西，这会儿可能还没走。 白潇直接挂断。肖哥，对付一个学生用得着出动阿豹阿狼吗？他们可是咱们帮会的金牌打手。酒店套房中灯光昏暗，一个女人的妩媚声音从床边传来：“你懂什么？”白潇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坐在床上，叉开双腿，冷哼道：“水月街可是一块大肥肉，全青州多少帮派虎视眈眈。你以为那小子真的只是一个学生？凡是这么想的人，这辈子都当不上老大。”女人先是一愣，然后恍然笑道：“还是肖哥英明。”李梅烧烤店。 苏婉婉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你怎么这么能吃？”宁晨刚把一盘干炒牛河送进嘴里，边嚼边说：“你管我，我又不是不付钱。”苏婉婉：“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这么吃会把胃撑坏的。”宁晨又抓起一大把牛肉串：“听说过大胃王吗？”苏婉婉点点头。宁晨：“和我没关系。”苏婉婉满头黑线，餐盘落得越来越高。大概吃了一千多块钱的东西后，宁晨终于停了下来。再吃下去，该被当成怪物了。正打算扫码付款。 李梅赶紧拦住了他，小伙子，这两天谢谢你帮忙，这顿饭算阿姨请你的。不用。宁晨知道李梅心里想什么，无非就是求他照他们。他是一个极其讨厌麻烦的人，要不是李梅手艺好，他绝不会二次光顾这家店。付完钱他就走了，母女俩脸上都有一丝失落。走在路上，宁晨思考起了一个问题：照他这样吃，老妈给的两万块钱生活费很快就没了，到哪儿去弄点钱呢？是点石成金，弄一座金山出来，还是炼制法器，高价出售？ 亦或是找一些快死了的超级富豪，做法帮他们延寿，这些事貌似都要消耗灵气。宁晨叹了口气，突然一个急拐弯，走进一条黑不溜秋的巷子。人呢？左边追。两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紧随其后，走进巷子，宁晨的声音立刻传来：“找我的，居然被发现了。”两个风衣男闻言，有些诧异的对视一眼：“赵立鹏是吧？居然能发现我们二人的跟踪，果然是练家子啊！”宁晨双手插兜，有事说事：“谁派你们来的，小子？” 这句话应该我们问你吧。左边一个风衣男掀开兜帽，露出一张布满刀疤的脸。若有帮派成员在这里，必能认出他。陈子豹，萧哥手下两大金牌打手之一，四海帮、青龙会、虎门。说，你是哪边的？陈子豹从怀里摸出一把匕首，锋刃冒,冒着寒光。宁晨先是一叹，然后很认真的说：“我来自纯阳无极宫。”纯阳无极，你他妈跟我讲玄幻小说呢？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整死你？陈子豹持刀怒喝。 豹子，别跟他废话了，抓回去毒打一顿，看是他骨头硬还是棍子硬。陈子豹的哥哥陈子郎也是狠人一个，身材十分魁梧。说话之间，陈子郎腰背微沉，如一支利箭射出。嗖！<So, S 1> 宁晨一眼看出这个风衣男的身体素质比普通混混强上十倍不止，但距离最低的练气期标准还差了一大截。他迎面就是一脚，陈子郎没想到宁晨速度这么快，被一脚踹在胸口，当场骨头就断了好几根，一口老血喷出。 哥，陈子豹大吃一惊，持刀猛冲上来，我他妈要你的命！宁晨不闪不避，伸手将匕首夺过来，当着陈子豹的面揉成了铁泥。你你你！你你陈子豹从来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事，吓傻了。你还不如你哥呢！宁晨冷淡的说着，右手食指一勾，一股半透明的真气丝线从指尖渗出，连到躺在地上的陈子郎身上。这我这是怎么回事？陈子郎动作僵硬的从地上爬起来，发现身体竟然不听使唤了。哥！ 你怎么了，豹子？快躲开！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这特么什么情况？陈子郎如同一只提线木偶，边说边挥出一拳，把陈子豹揍的鼻血横飞。噼里啪啦，两兄弟扭打成一团，互相把对方扁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都打出来了。宁晨扭头出了巷子，顺手拨通幺幺零，喂，我要报警，有人打架，打得可凶了，太吓人了。第十章，校花的元婴期保镖，一路溜达回玫瑰园。让宁晨意外的是，许淑妍的老爸来了，徐景山。 青州有名的企业家许舒妍正在沙发上扭动雪尖撒娇，一口一个爹地，嗲得像三岁。见宁晨回来，许舒妍把俏脸一板，翘起雪白美腿，恢复了高冷姿态。你就是宁晨？许景山从客厅走过来，一对樱木打量宁晨，管家范毅寸步不离的跟着。许叔叔好，宁晨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我听说今天的事了，小陈，谢谢你替舒妍解围。许景山笑得很和善，说道：“你妈妈和舒妍妈妈是好闺蜜，我自然也希望你和舒妍能成为好朋友。” 爹地，我才不想和他成为好朋友。宁晨还没说话，许书言嗲里嗲气的声音传来，我也不想。宁晨赞同道，你。许书言气得扔过来一只靠枕，你以为你是谁啊？想做本小姐朋友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放心，最多三个月，我们就会分开。宁晨歪头躲开，什么分开不分开的，搞得我在跟你谈恋爱一样。许书言气得挥舞小拳头。好了，徐景山苦涩一笑，把宁晨叫到院子里。从光明步入黑暗，男人的脸色渐渐变冷。 宁晨注意到了这一点，问道：“许叔叔，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好，徐景山换上一副很严肃的面目。宁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赞同你搬进来。舒妍是我许家的掌上明珠，和一个正值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同居，这件事传出去，会在青州引起不小的轰动。所以，我要告诫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准外传你住在这里的消息。为什么不直接赶我走？宁晨问道。两个原因，第一，那人很喜欢你，甚至还想撮合你和舒妍这肯定是天方夜谭。 你不用想了，徐景山用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其次，舒言和我说你力气很大，练过。嗯，练过。宁晨点头。老范也练过，李氏八级，敢不敢和他过两招？徐景山问。这个问题，你得问他。宁晨说道。哈哈，徐景山和范毅对视一眼，都被逗笑了。小伙之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范毅背负双手，笑眯眯地道：“听说过内镜吗？内镜，不知道。” 宁晨摇摇头，连内劲都没听过，看来只是普通的武术爱好者了。范毅暗暗摇头，接着腾出左手微拢，就这么灵虚一抓，咔嚓！院子里的一棵银杏树上面，炸指痕陷进去有半寸之深。这一下若是落到人身上，不死也要重伤。这就是内劲，只有静印武道数十年的武者才能锤炼出来。这种境界的人被称为武将，在古代能冲锋陷阵，以一当百。范毅边说边将手背回身后。 心想这个姓宁的小伙子肯定吓得尿都出来了，这不就是内力吗？宁晨不以为然，但他忽然对现代古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问范管家：“请问内镜之上还有什么境界？”见宁晨没有被吓傻，范毅暗暗点头赞赏，心性很沉稳，不错。然后说道：“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内镜武将已是万里挑一，放在古代中个武状元不在话下。要想修成我这样的内镜，首先要修成外境，上等的根骨。” 也要花十年苦功，这老头废话可真多啊！宁晨心想，老范到底怎么样？徐景山压低声音问道：“董事长，他可以当小姐的保镖，对付一般的小混混没有问题。”范毅给出总结。徐景山点了点头：“给你一个任务，在学校保护舒颜，就像今天那样，能做到吗？”他对宁晨说道：“这就是你留下我的第二个原因。”宁晨感觉很好笑，让一个元婴期大修士去保护一个女学生，很好，很有创意。没错，这样一来。 我不用和那人吵架，你也能留下来，两全其美。徐景山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再给你开一万块薪水。像你这个年纪的男生，应该都很缺钱吧？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许叔叔还是另请高明吧。宁晨撂下话就走了，让他保护许书言。光是和他住在一起，他就要窒息了。这小子还真把自己当伴算了。徐景山脸上肌肉微微抽搐，范毅也摇摇头。许氏集团可是青州前十的大企业，许家也是江南有名的豪门氏族。 跨越阶层的大好机会摆在面前，居然错过了，他真为这个年轻人感到可惜，竟然把我的两个得力干将搞成这个样子。赵立鹏，不管你是什么来头，我白萧要你死！清大附一医院，白萧看着躺在病床上正在输养的陈子郎和陈子豹，脸色变得阴沉。两兄弟已经失去意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肖哥，查清楚了，这个赵立鹏确实是青州大学散打社的，还是骨干成员。他父母都是普通人，没什么背景，就一个当教导主任的舅舅。 一个染着酒红色头发的女人走到他身边，她叫王银花，是白潇的情妇兼秘书，一个很性感的女人。像白潇这种混出来的，都会开公司，把自己洗白成商人，其实本质上还是混混，保护费是收入大头。妈的，一个练散打的大学生有这么厉害？见他的鬼！白潇咬牙切齿说道：“不管了，银花，给我摇人，一个不行就十个，十个不行就二十个，二十个不行，个个不行就一百个。我就不信姓赵的这小子，特么的还是超人，不把他弄死！” 我白小以后也不用在西城区混了。at 王樱花暗暗皱眉，似乎对这个决定有意见，但她还是点了点头。好的，肖哥，我现在就打电话让兄弟们都准备好，一定要把他新号新号新号。号号是。第十一章，你这么说的话，那我来兴趣了。开学日，许书言起了个大早，下楼的时候故意踩踏的很大声，想吵宁晨睡觉，结果发现这家伙根本不在房间，早就出去溜达了一圈。等到了学校，许书言让宁晨在校门口先下车。 自己和江棠则去地下车库，宁晨也乐得如此。开学第一周，新生训话大会结束后，便进入军训阶段。宁晨有无数种方法避开军训，但没必要。时间到，休息二十分钟。随着年轻教官的命令，临床二的学生很多都一屁股坐在地上，用衣袖擦汗。站军姿也太累了。是啊，我感觉我腿都快断了，一动不动的真难受啊！还要熬七天，呜呜、哦……一片抱怨声。年轻教官见状，摇了摇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 太养尊处优了，连四十分钟军姿都站不了，真没用。面对这样的鄙视，班里有几个男生明显不服。教官也不能一概而论吧？一个短发男生举手，然后站了起来。站军姿对我来说就算不了什么，我每天都健身、打篮球，身体素质应该和你不相上下。年轻教官笑了：“是吗？你叫什么？”短发青年昂首：“黎炫明，好帅啊！竟然敢这么和教官说话。”班里不少女生都朝这个黎炫明投去惊讶的眼神。 宁晨也看起了戏，敢不敢比一场？年轻教官觉得有必要给这群大学生上一课。好啊，比什么？黎炫明来了劲，万一真要是把教官给打败了，那不就可以出尽风头吗？就算败了，也不算多丢人的事。就比俯卧撑吧。年轻教官随口道：“没问题。”黎炫明拍了拍胸口厚实的肌肉。两人很快就绪，手撑地并排站。这场比赛的规则很简单，谁先坚持不下去，谁就输。附近的班级听说有学生和教官比赛。 都兴致勃勃的围观过来。刚开始的时候，黎炫明还能跟得上教官的速度，动作也算标准。但八十个后就开始变形了，一百个大汗淋漓，一百二十全身颤抖。马德，这教官真厉害啊！黎炫明抬头看了一眼，差点没把他吓死，因为那位年轻教官居然是在做单臂俯卧撑。他大跌眼镜，立马起身问道：“教官，你怎么不继续了？”年轻教官也起身，脸上笑眯眯的，微微有点涨红：“哥们。” 你说的一塌糊涂，你做双臂，教官一直做的单臂。旁边有男生提醒道：“卧槽！”黎炫明脸颊一红，这才意识到普通健身爱好者和军人的差距。区区一个大学生还想挑战我们，太天真了。附近班级围观的几个教官交换了一个眼神，都是忍俊不禁。黎炫明归队后，那个年轻教官又问：“还有没有不服的，可以出来练练？”班里无人应答。又高又壮的黎炫明都输了，谁还敢自不量力？年轻教官又补充了一句：“要是赢了我。” 军训可以免，哦，宁晨眉毛一挑，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来兴趣了。大春，你这么壮，要不出去试试？方小胖在旁边怂恿张大春。张大春摇摇头，我俯卧撑最多一口气做七十个，单臂最多二十个。教官不是分分钟秒杀我，这当教官的身体素质就是猛，咱们比不了。方小胖感慨道。好了，继续训练。年轻教官刚一声喝出，忽然有个学生举起手，那个教官，我想试试。正是宁晨。 他不想军训了，感觉有点无聊。刷，全个学生齐齐朝他投来震惊的目光。就你，黎炫明一脸好笑的表情。在他看来，宁晨干干瘦瘦，一点肌肉都没有，连他都不如，怎么敢挑战教官的呀、啊？他就是昨天那个惹了散打社赵立鹏的家伙。听说他敢打学长，我遭，打学长这么勇的吗？班里窃窃私语，谁也不知道这个宁晨是什么来头。不过敢挑战教官，想必是有本事的吧？ 你想挑战我？年轻教官一脸怀疑地打量着宁晨。你确定？教官，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宁晨确认道：“赢了你就不用军训了。”算数，当然算数。年轻教官一脸自信。不过，你得先赢我。那就行。宁晨放下心来。出列后，他便和教官比起了赛。两个人刚开始都是双臂俯卧撑，一个接一个的坐着。他能赢教官，我直播吃奥利给！黎炫明对同寝的几个男生说道：“婉婉。” 你说这个宁晨能赢吗？一个戴眼镜的圆脸女生好奇地问苏婉婉。苏婉婉，请手微点，我相信她可以。婉婉，你想多了吧？一个扎着高马尾、颇有姿色的女生满脸不屑地表示：“她一个大学生，怎么也不可能赢得了教官啊！人家可是天天练这个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不要拿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还有一个麻子脸女生也说道：“尽管同寝的女生都觉得宁晨必输，苏婉婉却还抱有一丝希望。她见过宁晨暴打马坤那群混混，就跟玩一样。” 哪怕当兵的过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么轻描淡写。很快，俯卧撑的数量超个，年轻教官开始了他的表演。双臂换单臂，小子，跟我比这个，你还嫩了点。我可是我们连队俯卧撑记录的保持者啊！年轻教官心中冷笑。接着，他看见宁晨也换成了单臂，手指一根接一根收起，最后只留一根小木指杵在地上，飞快地做着动作。怎么可能？年轻教官当场懵了。临床二班里面也爆发出了一阵阵尖叫。 尤其是刚才那些觉得他输定了的女生，天哪，单指，我是不是看错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指缠俯卧撑？而且还是小拇指，我糟，太猛了吧！不止临床二班，连附近的班级都纷纷跑过来围观。很多教官看见这一幕，都惊掉了下巴。这啥呀、啊？这是自是身体素质全班第一的李雪明，脸胀得通红，像被人狠狠抽了几巴掌。第十二章，这一切与我们无关。抖音上有健身大神做各种花式俯卧撑。 一指禅也不是没有，但基本上都是食指。宁晨给他们表演了一个小拇指，而且还一口气做了好几十个，顿时就把这群凡人们的眼珠惊爆了。要不是怕把他们吓坏，不要说一指禅，无必俯卧撑他也能做。你到底是什么人？宁晨起身后，年轻教官一脸愕然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怪物。宁晨一时之间也想不到什么好的说辞，于是便套用了黎炫明的话，说道：“我每天都健身、打篮球，身体素质慢慢就练成这样了。”年轻教官扭头望了黎炫明一眼。 这小子是在故意打我脸吗？黎炫明气得咬牙切齿，尤其是发现他们医学系系花苏婉婉用一种崇拜的眼神望着宁晨，就更不爽了。想不到宁晨这么猛，怪不得敢打学长。方小胖和张大春震惊的对视一眼。教官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先走了。宁晨从地上起来后，迈步就走。等等！年轻教官赶紧追了上去，满头大汗的向宁晨解释，自己刚才只是开玩笑，他不能真的不参加军训。宁晨顿时就不乐意了。 什么意思？啊？要不是对方立下这个赌约，他都懒得出这个风头。最后这件事闹到总教官那里去了。考虑到声誉，总教官居然破格允许宁晨不用参加军训了。这小子不简单啊，在我面前一点都不露怯。宁晨心满意足的离开后，四十多岁的总教官望着他的背影，喃喃道：“总教官，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担心其他学生知道了会有想法。”年轻教官一脸难色：“有意见？有什么意见？”总教官背负双手，不怒自威。 他们谁要是能连做十个一指禅俯卧撑，谁就不用军训了。这话我说的。是。宁晨在外面溜达了一圈，换了衣服，最后去学校超市买了一盒冰淇淋，边走边吃。那不是许书言和姜糖吗？路过篮球场的时候，他看见两个熟人，便挑了个阴凉的位置坐下来。这里是表演专业一班的军训地点，美女果然多。不过他不是特地过来看美女的，只是找个地方坐坐，把冰淇淋吃完。奇怪，按理来说，徐景山随便动用一点关系，许书言就不用在太阳底下遭这个罪了。 难道是故意磨练他？宁晨边吃冰激凌边掏出手机来玩。舒言，你看，那不是大力哥吗？他怎么不用军训的？很快，江唐发现了宁晨。许舒言循声望去，发现不远处的树荫下坐着一个正在吃冰淇淋的男生，果然是那个暴力变态狂。该死，他在烈日下暴晒，这个家伙却在吃冰淇淋，故意报复我吗？这个混蛋！一天的时光很快结束，宁晨不知不觉在树下睡着了。因为没穿军装，所以教官们都以为他是大二的学生，便没有管他。鹏哥。 宁晨那小子有古怪，咱们下回多叫点人，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刘迪的声音传来。上次是我练功出了岔子，下回再让我碰见，我非揍死他不可。这是赵立鹏的声音。两人并肩从宁晨身边经过，却没有看见他。沿途捎上好几个狐朋狗友，还有两个刚认识的漂亮学妹，一行人准备去酒吧嗨皮一下。但出学校大门还没走两条街，一大群持械的混混就从巷子里涌了出来，把他们包围。我操，鹏哥，什么情况？刘迪吓得一哆嗦。 赶紧躲到赵立鹏身后，赵立鹏也吓坏了，连咽几口唾沫，说道：“别慌，别慌，帮派斗争这种事情很常见的，与我们无关。我们只要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偷偷溜走就行。”“走走走，快走！”赵立鹏带着人猫着腰，在众目睽睽之下往巷口移动。各混混的视线也随着他们而移动。巷子里静悄悄的。鹏哥，我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刘迪颤颤巍巍地道，“我怎么觉得他们都在看我们？”“你放屁！”赵立鹏回头刚骂了一句。 就看见一个穿花衬衫、提着开山刀的黄毛混混走上前来，照着他脸就是一脚，啪、啊，给他踢地上躺着。就你这么叫赵立鹏啊？听说你很能打，把我们帮会的豹哥和狼哥都干趴下了，牛逼啊！黄毛混混拿刀指着他：“不不不，大哥，大哥，你找错人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赵立鹏捂着鼻血横流的脸，不停的摇头。两个小弟立刻上前，从他兜里搜出来身份证。黄毛混混拿起来一看，咔吧一声给掰断，摔在他脸上。兄弟们。 他就是赵立鹏，给我弄死他！现场一片混乱，连带着刘迪他们几个狐朋狗友都被暴打了一顿。哈哈哈！青大伞打射赵立鹏，不过如此。兄弟们，走！黄毛混混笑着带人走了，只留下一个被打成猪头、浑身骨折十几处、屁股和大腿上还挨了好几下的赵立鹏。肖哥，搞定了！黄毛混混扛着刀给白潇打去电话，牛逼哄哄地道：“赵立鹏那小子已经给我废了，至少要在床上躺半年。”真的假的？ 某家娱乐会所里，白潇惊喜地站起身：“杨凯，你没骗我？那还能有假？”名叫杨凯的黄毛混混冷笑道：“身份证我都给他折了，肖哥，你要是不信，我现在就回去抓着他，给你再拍几张照。”“哈哈，好！”白潇开心地大笑：“杨凯，我以前一直没看到你的能力，想不到你小子有两把刷子。你现在马上来名钻，老子要当众赏你！谢谢肖哥，谢谢肖哥！”杨凯大喜过望。赵丽鹏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白潇挂断电话后。 王银花怀疑的问道：“肖哥，会不会是杨凯搞错了？”“放心吧，没搞错，都查过身份证了。”白萧搂着他，叼着烟，冷笑道：“毕竟是个人，还都带了家伙，就是特么黄飞红叶问来了，都得挨几个大笔兜子，更何况他一个人。”听见这话，王银花这才点了点头。第十三章，哪个是肖哥？宁晨，宁晨，迷迷糊糊的宁晨听到有人在叫他，还用手摇他，声音很熟悉，是苏婉婉。我居然就这么睡着了。 宁晨恍惚间醒来，揉了揉眼睛，暗道元神伤势太重，总是犯困。这要是在小南天界，不布阵法就睡在野外，八成已经没命了。宁晨，你怎么睡在这里？一张出水芙蓉般的白净瓜子脸，带着关心进入宁晨的视野。苏安婉婉袅娜的身姿站在夕阳下，美得不像话。没事，不小心睡着了。宁晨摆摆手，起身伸了个懒腰，去你家吃饭吧，饿了。好呀。苏婉婉喜上眉梢，灵眸弯成一对好看的月牙。 就这么跟在宁晨身后，一路出了校园。恰逢许家的劳斯莱斯也驶出大门，江唐看见宁晨，惊讶的拍了拍许舒颜：“舒颜，你快看，是大力哥，他和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大力哥不会上学第一天就谈恋爱了吧？”许舒颜下意识的看过去，发现宁晨在和一个清纯可人的女孩聊天，有说有笑的。切！许舒颜没来由的不爽，并道：“小唐，你以后看见这家伙，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至于这样吗？”哦，好吧。 姜糖吐了吐小舌头，校外美食街，苏婉婉正和宁晨聊着，忽然发现自家店内传来妈妈李梅的哭声，还有几个小混混的狞笑。妈！苏婉婉赶紧拨开人群，跑了进去。又是那群混混，宁晨也是脸色一沉。李梅烧烤店内，以马坤为首的混混们把店里砸了个稀巴烂，老板娘李梅坐在地上痛哭，却没有任何办法。臭婆娘，老子告诉你，赵丽鹏那小子已经被我们消个废了，今后再也不会来帮你了。四千块钱管理费。 下个月再掏不出来，弄死你！我们走。马坤还是顶着那双斗鸡眼，身后的混混清一色的歪嘴斜眼。店外的围观群众既害怕又奇怪，心想这帮混混的造型挺别致啊。妈，妈你怎么样？苏婉婉哭着跑进来，气得扑到马坤怀里一顿乱锤，坏蛋，你去死吧！小丫头片子找死！马坤刚想抽苏婉婉一耳光，结果就看见进门的宁晨，当场吓退三步。你，你，我说你们这帮人。 怎么不长记性呢？宁晨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了进来。坤哥，什么情况？这小子不是被凯哥打进医院了吗？有混混问道。你问我，我他妈问谁去？马坤脸都白了，咧着嘴说道。他知道自己不是宁晨的对手，只好点头哈腰，陪笑道：“嘿嘿，鹏哥，误会，这都是误会，我误你马的会。”宁晨一脚就踹了上去，直接把马坤从前门干到了后厨，咣当几声，后者就没了动静。我操！ 围观的群众和混混们都看呆了，一脚踢飞十几米，这特么黄飞鸿在世，佛山无影腿。他们不知道宁晨已经尽最大努力压制力道了，否则元婴期修士的一脚，别说一个人，一条街都能踢蒸发了。看来今天是要把事情一次性解决掉啊！宁晨看着那几个已经跪在地上的混混，淡淡的说道：“半小时后，名钻会所，西城区最大的夜总会。宁晨压着头破血流的马坤走进去。至于剩下的几个混混，宁晨让他们每人写一份三万字的检讨书。” 不许有错别字，写不完就弄死他们。这对于初中还没毕业的混混们来说，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好，现在由我杨凯给我的老大肖哥献上一首《我的好兄弟》。一间帝皇包厢内，杨凯正拿着话筒鬼嚎，突然，砰！包厢大门被人一脚踹飞。白萧、杨凯、王银花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出现在门口的马坤和宁晨。哪个是肖哥？宁晨把马坤丢到一边，目光扫视全场：“老子就是，你想干嘛？” 杨凯拍了拍胸脯道，嘴对着话筒吼道：“你是肖哥，很好。”宁晨一句废话没有，直接身影一闪，冲到杨凯面前就往他脸上招呼大耳瓜子，啪啪啪啪，啪啪啪每一个都像是在放鞭炮。宁晨的速度太快了，等真正的肖哥和王银花反应过来的时候，杨凯已经被抽成猪头了，鼻血狂喷，门牙全掉。操！弄死他！上！白萧怒吼一声，包厢里十几个混混。 外面还冲进来十几个，一齐朝宁晨扑了过去。噼里啪啦，不到一分钟，包厢没地儿下脚了，躺满了人，茶几被砸，满地的玻璃渣子。这群帮派成员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或是当场昏死、休克，场面堪称惊悚惨烈。你，你到底是谁？白潇瘫坐在沙发上，一脸震惊的看着宁晨。你不是在找我吗？宁晨早就看出来，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肖哥。你是赵立鹏？白潇眼珠子瞪得老大，不，你不叫你这个名字。 杨凯被你骗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算你有点脑子。宁晨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了，在出现的时候已经坐到白潇身边。包厢灯光昏暗，他的身影犹如鬼魅一般，用肉眼根本看不清。好快！缩在角落里的王银花瞳孔急速放大，白潇也被吓傻了，怪叫一声想逃，却被宁晨用手死死摁住。我是什么人？你这样的小混混还不配知道？宁晨威胁道：“你只需要知道，我经常在里面烧烤店吃饭。你要是再派小瘪三来打扰我吃饭。” 我特么就把你狗头打爆，听见了没？说话，听见了没？听见了没？听见了没？宁晨嫌他反应太慢，啪啪啪，三个大耳瓜子甩他脸上，打得他鼻血狂飙，倒在沙发上嗷嗷惨叫。听见了，听见了。白潇发出杀猪般的声音，不停的点头。最近手头有点紧，再给我拿二十万。宁晨拽着他衣领，恶狠狠地道。第十四章，早日掐断爱情的萌芽。快，银花转给他。白潇知道这人不好惹。 只能暂时顺应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大哥，你银行卡号多少？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王银花哆哆嗦,嗦嗦地从角落里起身，掏出手机。当我傻呀？现金？宁晨扫了他一眼，转账会留下证据，白潇可以以诈骗罪起诉他。他不想惹麻烦，让人失忆之类的法术用起来可是会消耗灵力的。没一会儿，几个小弟取来二十万现金，宁晨揣上就走。记住了，洞里没烧烤店，就相当于砸我饭碗，小心我打爆你狗头！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啊！ 最后又嘱托两句，宁晨才离开。白潇显然没把这句威胁放在眼里。要是每说一句“小心我弄死你”，就代表他要杀一个人，那他脚下早就尸山血海、白骨成堆了。宁晨，小兔崽子，还从来没人敢从老子手里抢钱！你等着，星号、星号、星号，死定了！白潇在包厢里大声咆哮起来。王银花却是小心翼翼地道：“潇哥，看样子这宁晨是一个武者，咱们惹不起啊。啊”啪！白潇一巴掌抽在王银花脸上，把她打得直裂狙。 差点摔在地上，有什么惹不起的？不就练过武功吗？我这白石铁砂掌要是从小练下去，刚才能把他屎都打摔三斤。白潇扬了扬手，怒吼道：“坐回沙发。”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计划，阴恻恻的笑道：“明的打不过，咱们可以来暗的。”他没注意到躺在地上的王银花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恶毒。回到李梅烧烤店，几个混混已经把店里打扫干净了。宁晨直接拿出十万块递给李梅：“小陈，你这是？”李梅看见这么厚一沓钞票，哪里敢见 你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我刚才去和肖哥讲理，他同意赔钱给你，并且以后不会再来收保护费。宁晨瞎扯道。真的？苏婉婉灵眸大亮。这李梅将信将疑。收下吧，把店面重新装修一下。宁晨直接把钱塞进女人手里，然后揉了揉肚子，我饿了，有吃的吗？有有有，我马上去给你弄的，你等着呀。李梅转身走向后厨，用手背拭去眼角的泪水。宁晨内心轻轻一叹，挑了个位置坐下。苏婉婉坐在他面前。 一双会说话的水灵眸子里微微湿润。宁晨，肖哥那帮人以后真的不会再来骚扰我和妈妈了吗？应该吧。宁晨也不敢保证。你是怎么做到的？苏婉婉好奇地问。你不会把他们都打趴下了吧？哪能啊，几十号人呢、啊？宁晨随口道。我就是以德服人，跟他们讲道理。哇，宁晨你好厉害，不仅会打架，口才还好。苏婉婉很崇拜地看着他，双手托腮，俏脸泛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别烦我就好。宁晨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让苏婉婉当场噎住，她顿时感到委屈和不解。自己在学校天天都有男生要微信，怎么到宁晨这儿这么遭嫌弃？宁晨也没打算为刚才的话道歉。作为一个活了两千多年的老怪物，他从苏婉婉眼中读出一丝爱慕。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妹子早晚会爱上他。感情这种东西是修仙路上最大的羁绊，爱情的萌芽还是早日掐断为妙。正式开学了，临床二班的课程安排得很密集，不过宁晨一节也没听，每天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就是看小说。 同班的同学看见他，都纷纷摇头。学医和别的专业可不一样，混不了。课业比高三还繁重，像宁晨这样不听课、不背书，基本上算是废了。宁晨，你这样不怕期末全挂吗？一节生理课上完，方小胖看见把手机揣进兜里，就打算去食堂吃饭的宁晨，忍不住问道：“学医也太苦逼了，期末要考十门，我现在已经后悔了。”张大春抱着一摞书，满脸郁闷：“学医不就是背书吗？期末突击一下就好了。”宁晨表示很轻松，转身就出了教室。 黎炫明望着他，冷笑地道：“十几本书，看你期末怎么突击，等着挂科吧，傻小子！凡人永远想象不到修仙者的记忆力有多恐怖。这些学生也想象不到，宁晨其实是一个身怀绝世医术的神医。对于只有短短两百年历史的西医，他压根就瞧不上。小南天界可是有着数十万年的医史。中午来食堂吃饭，正排着队呢。宁晨忽然感到身后有一道凶狠的目光，扭头一看，是许淑妍。宁晨，你个混蛋！”许淑言一看宁晨就来气。 军训七天，这家伙每天都待在篮球场的树荫下吃冰淇淋、玩手机，绝对是在馋他。嗨，大力哥！姜糖站在许书言背后，冲他打了打招呼，顿时就有很多道男生的目光惊讶地落在了宁晨身上。宁晨也冲姜糖点头致意。这时，食堂排队的人群中忽然传来一连串的女生尖叫。宁晨循声望去，看见了一个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男生，手捧篮球正朝队伍走来。那是大三的邢旭飞吧？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帅。 邢旭飞以前是孝田进队的，后来去了省里训练。听说家里很有钱，这种阳光大帅哥，我真是爱了呀！快看，他朝许校花走过去了。宁晨前面的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喳聊个不停。只见那个叫邢旭飞的男生带着几个兄弟，直接就排在了许书言和江棠身后。学妹，你就是许书言吧？你很出名啊！邢旭飞在几个兄弟的怂恿下，笑着跟许书言打起了招呼。许书言身为许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压根看不上邢旭飞，她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但发现宁晨也看了过来，他计上心头，抛给邢旭飞一个灿烂的笑容。学长，我是许舒言，你好呀！你好，你好，学妹，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吧。许舒言实在太漂亮了，娇俏、雪白的皮肤、心长笔挺的美腿，还有那种从小用金钱堆出来的千金大小姐气质，让自诩情场老手的邢旭飞都受宠若惊。怎么好意思让学长破费呢？许舒言嫣然浅笑，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邢旭飞挠挠头，看着聊得挺欢的两人，将唐纳了闷。 舒言不是喜欢霸道总裁、超级大 boss 那一款吗？怎么对个体育生这么热情？难道他是想气大力哥？江棠发现许舒言时不时瞟宁晨一眼，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偷偷的笑了起来。舒言真的好幼稚哦。第十五章，你说不打就不打了。许舒言以为宁晨看见他和别的男生聊天会吃醋，结果宁晨打完饭菜就走，看都不多看他一眼，又把他给气到了。哼，宁晨，我就不信你真的对我一点都不动心，除非你是个太监，你就装吧你。 许书言望着宁晨的背影，认定这小子肯定吃醋了，只是憋在心里不好说。学妹，你想吃什么？我帮你打吧。邢旭飞笑眯眯的看着他。许书言感到一阵恶心，神情瞬间恢复高冷。不用了，学长，我自己有手。邢旭飞吃饭的时候，宁晨发现坐在三张桌子外的许书言老看他，于是发了条微信问他：“你老看新号新号新号什么？”许书言收到这条消息，俏脸蹭的一下就红了。他怎么知道？谁看你？自恋狂。 发出这条消息后，许淑妍气都不打一处来。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讨人厌的家伙天哪，淑妍，你在和大力哥聊天？江糖惊喜的凑了过来，让我看看你们在聊些啥。没什么。许淑妍直接把宁晨拉黑。他期待宁晨会露出恼火或失望的表情，可后者似乎没发现这一点，安安静静的吃饭。正在这时，一伙人走进了食堂。一个剃着板寸头的魁梧青年拎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正好站在离许淑妍不远的地方。快把那个宁晨找出来，老子有事找他。 魁梧青年威胁道：“好好的，继副哥。”眼镜男很害怕的样子。他妈的，出去比个几天的赛，社里就发生这么大的事。魁梧青年双手叉腰，身后还跟着一群彪悍的青年。他们是来找宁晨麻烦的。许舒妍心神暗惊，他本来想看笑话，但见这帮人凶神恶煞的模样，就知道事情不小。把宁晨从黑名单拉回来后，他赶紧发去消息：“喂，你是不是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他们来找你麻烦了，你快从后门走。” 消息刚发送，临床二班的那个眼镜男突然就发现了宁晨。静夫哥，他，他就是宁晨。我知道了。魁梧青年带着一批人，立马就走了过去。沿途的学生纷纷避散，没人敢惹他们。是散打社的社长江静夫。他想干嘛？一些大二和大三的学生都认识这个魁梧青年，因为他是散打社的社长，曾为学校赢回多座市级冠军奖杯。你就是宁晨？跟我过来一趟，我有事情要问你。江静夫走过来，一巴掌拍在宁晨面前。 朕的不锈钢饭盘里的汤都溅出来了。宁晨最讨厌别人打扰他吃饭，不过他没有立即发作，而是抬起头说道：“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也行。江静夫直接说道：“我兄弟赵立鹏前几天被一群人打进医院，全身骨折二十多处，缝了几十针。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我怎么会知道？”宁晨挺纳闷：“你再说。”这回江静夫直接把他的饭盘掀飞。我已经托人查过，你小子惹了校外的混混，故意报立鹏的名字，是不是你干的？ 那也是他找我麻烦在先，宁晨说道。这么说你是承认了？江静夫冷笑暴毙。嗯，你想怎么样？宁晨神色淡然。周围静悄悄的，数百名学生大眼瞪小眼。好阴的小子！田径队的邢旭飞脸色古怪地道：“他竟然敢做这样的事，废了，废了！静夫哥连我都不敢惹他，他摊上大事了。”还有几个田径队的队员也摇了摇头。清大的学生群体中，除了鼓舞社的段师兄和温师姐，没有江静夫不敢惹的人。 而且他为人仗义，小弟也多。舒言怎么办？江棠焦急的看着许舒言，这都敢胡来，真是服了。许舒言也很头疼，然后赶快掏出手机，我认识几个老师，先联系他们看看。另一边，江静夫本来想直接动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宁晨胖揍一顿，替赵立鹏出气，结果被小弟劝住了。静夫哥，这里监控这么多，不能冲动啊！小弟劝道。不如把他带去我们的地盘，再好好教育他。另一个小弟建议道。也好。 江静夫暂时压下怒火，双手撑着桌子，恶、呃、狠狠地瞪着宁晨：“小子，敢不敢跟我们去一趟散打社活动室，跟你谈点事情？”“带路吧。”宁晨起身。江静夫和一群散打社成员都愣住了，他们想不到这个新生这么爽快。好，算你是条汉子。”江静夫冷哼一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确实不好动手。学校毕竟不是社会，有规章制度，但到了他们的地盘，还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一会儿，江静夫他们把宁晨带到清大的学生活动中心。 散打社是大社团，有自己的固定活动室，而且很宽敞，足有一个标准篮球场大小。进去吧，学弟。一个散打社员笑嘻嘻地看着宁晨，宁晨大步迈入，背后马上传来大门反锁的声音。老子特么弄死你！刚才说话，散打社员一脚就朝他屁股踹来，凶相毕露。却不料宁晨反手一抓，便抓住他的脚踝，不等他反应过来，便把他当作一根棍子抡动起来。砰砰砰几声，包括江进夫在内的六个散打社员都被人体棍子砸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墙壁上，超还会这招，一起上！江进夫大骂一声，从地上爬起来，一记正蹬又踹了上去。宁晨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动作，直接无视他的正蹬，举起拳头就是一顿砸。没两下，江进夫就招架不住了，小臂都被打肿了，脸上也是一片片淤青。其他散打社员一拳就到，要么骨折，要么胃出血，跪在地上狂呕。不打了，不打了！江进夫实在疼得受不了，他感觉他小臂骨肯定骨折了。你说不打就不打了？ 宁晨又赏了他一耳光，把他抽得晕头转向。刚才在食堂，你不是很叼吗？宁晨再一脚踹飞他，连反锁的活动室门都被撞开，门锁都被撞断了。江静夫整个人滚到走廊上，疼得视线模糊，无法呼吸。第十六章断水流大师兄，段师兄，这次你在省赛拿下前三的好成绩，保送龙湖武馆应该不成问题了，恭喜啊！龙湖武馆可是国内四大武馆之一，能进龙虎山深造，是多少武者求之不得的机会，太羡慕师兄了。师兄日后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这群学弟学妹啊！哈哈，学生活动中心二楼走廊上，一行人如众星拱月般围着一个青年，各种溜须拍马。青年二十幼，人高马大，相貌宽毅，穿一身白色练功服，胡木内寒芒四射。面对众人的阿谀奉承，他也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并未放在心上。我要回武术馆练功了，青兰留下，其他人请回吧。段师兄看向一个扎着马尾辫、容貌清秀绝俗，同样穿白色练功服的妙龄女孩。青州大学的鼓舞社团有一对璧人。 断水流，温青兰，他们是同一届的学生，都热爱古武术，根骨齐家，不到二就通过古武协会的考核，成为了持证武者。这次更是代表青州大学参加江南省武术比赛，分别斩获第三、第四的好成绩。龙湖武馆是国内最大最好的武馆，但只有斩获省级前三的成绩才能保送进去。温青兰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返校途中心情一直很不好。而就在众师兄弟准备离开的时候，砰！散打社活动室的大门突然被人撞开，门锁都飞了。 江静夫带着痛苦面具从里面滚出来，躬身如虾，凝成一朵菊花。什么情况？散打社的江静夫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鼓舞社的十几个成员都皱紧了眉头，还有人上去扶。然后他们都看见宁晨慢悠悠地从活动室里走了出来，跟他们撞了个正面。咦？宁晨扫了一眼这群学生，最终目光定格在了断水流的身上。他感到挺意外，因为这个白衣服小子的身体素质居然达到了淬体一重。淬体一重在修真界是最底层的存在，严格来说。 还远远不能算修士，但放在地球可就是个高手了，能以一敌十。这里的“十”不是老幼妇孺，而是十个成年壮汉。地球虽然灵气匮乏，但诞生出一些淬体期还是很正常的。于是宁晨简单打量两眼，便准备离开。站住！一个个子较矮的男生发现江静夫伤得不轻，立刻呵斥宁晨：“你是哪个学校的？好大的胆子，敢来清大踢馆！”“我就是清大的呀。”宁晨回答道。“你是清大的？”矮个子男生吃了一惊，然后直接骂道：“你放什么屁！” 我是清大鼓舞社的，从来没听说过你这号人物，你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宁晨不悦的说道：“我是临床二班的新生，叫宁晨。”什么？所有人都惊呆了，连段水流和温青兰都对视了一眼。一个学医的新生把散打社社长打成这个样子？江静夫可是拿过好几个世纪赛事的冠军啊！大大师兄，大师兄你回来了。这时，一个散打社云一瘸一,一拐的从散打社活动室里走出来，哭诉道：“大师兄，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啊！到底怎么搞的？” 断水流眉头猛地一沉，听这个散打社员把事情说了一遍后，断水流心里有数了。他虽然不是散打社的人，但清大所有与武有关的社团，如散打社、柔道社、拳击社、搏击社，皆是以鼓舞社为首。他更是全校学生们公认的大师兄，碰见这种事怎能不管？旋即，散打社的社员们被扶去医务室。断水流走过来，用一种欣赏的眼神打量着宁晨：“你身手不错，在哪儿学的功夫？”“我教大的。”宁晨语气有点不耐烦。 交大？哪个交大？断水流不明所以，青州交大还是滨海交大？你是转校生？啥呀？我是我姥爷交大的。宁晨胡扯道。断水流，温青兰，呵呵，学弟你还真是幽默啊。断水流干笑两声，直接步入正题，加入鼓舞社吧。华国尚武，舞者是现今社会上最稀缺的人才，你这样的好苗子。再见。宁晨摆了摆手，掉头就走。你，温青兰气得不行，三步并作两步。 拦住宁晨！你这个新生怎么搞的？我们清大鼓舞社可不是谁都能进的。知道舞者的平均薪资有多高吗？你当医生累死累活一辈子，也没有舞者一个月挣得多。宁晨翻了个白眼，他就是来大学混日子的。医生、舞者，他一个都不想当。抱歉，我实在没兴趣。结果他伸手将温青兰推开，正想潇洒离去的时候，背后突然袭来一阵劲风。大师兄出手了！鼓舞社成员们一个个木泛激动，温青兰吓坏了，想拦住段水流。 但后者已经达到淬体一重的境界，速度实在太快。唰！宁晨一个侧身，轻松躲开断水流的这一脚，然后很不爽地道：“你干嘛？找死啊！”不错的反应速度。断水流露出一种欣赏的笑容，殊不知这种表情在宁晨眼里很欠揍。我速度很快，同辈之中很少有人能躲开我的攻击。你再动一根指头，我把你也送进医务室，信不信？宁晨指着他道：“哈哈哈，好嚣张的小子，练了点三脚猫功夫，连大师兄都不放在眼里。” 现在的新生都这么刁的吗？鼓舞社成员们哈哈大笑，温青兰则一脸嫌弃的看着宁晨。这个新生身手是不错，但情商也太低了，太狂妄了。宁晨学弟，段水流忍俊不禁，笑道：“你一个人把散打社端了，我作为清大武打社团的大师兄，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你走。那你想怎么样？”宁晨干脆问道：“我们打一场吧？”段水流笑道：“也是时候让这小子明白武术爱好者和持证武者的差距了。”行啊，宁晨立刻举起拳头。 不不不，不是在这儿，这里太拥挤了。我们去武术馆吧，那里宽敞，施展得开。段水流望着宁晨这个极不专业的棋手式，多少有点想嘲讽这小子，看起来是个野路子，打个架怎么这么麻烦？宁晨一脸不快，但还是跟着段水流等人来到了魏的武术馆。第十七章，动作这么炫，我还以为你是金丹七。武术馆很大，分两层，还有观众席。宁晨跟着段水流进来的时候，有不少人正在训练，木人桩、梅花桩、沙袋。 各种练武的设备都有，甚至还有一个兵器架，不过里面的兵刃都是没开封，用作装饰。大师兄，大师兄好，大师兄比赛回来了，我们都听说了，恭喜大师兄保送龙虎武馆。所有人都过来打招呼。明晨面无表情，直接对段水流道：“喂，你还打不打？”这人谁啊？十几个鼓舞社成员不解地看着这个愣头青学弟。打，当然打。段水流冷笑：“这小子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挨打吗？”随后。 这群鼓舞社成员们听说断水流要和一个新生比试的消息，立刻在武术馆内发出惊呼：“就他和大师兄打，开什么玩笑？”有女生嗤笑：“这身板，我一招黑虎掏心他就到了。”还有几个男生表示：“你们不要小看他，这小子不简单的。”温青兰看着站上擂台的宁晨和断水流，静静的说道：“他一个人就把散打社打垮了，是个练家子，这么厉害。”几个女生看向宁晨的目光变了：“散打社那帮废物，散打就是个屁。” 能给我们鼓舞术笔吗？男生们则是不服，看大师兄怎么教训他。估计他连大师兄一招都接不下来。此时，武术馆二层的观众席，一位老者执杖而坐，静静的打量着下方的擂台。段家这小子真是越练越回去了，居然与一个新生比试，也不怕丢了他们段家八段锦的名头。老者摇摇头，段家是青州的豪门世家，祖传八段锦起源于北宋，有着八百多年历史，乃是当世罕见的一门锻体功夫。 当年段家老爷子苦练六十多年，废寝忘食，只差一点就能突破传说中的宗师，可惜最后还是老死了。想着这些，下方的比试也开始了。段水流不想欺负宁晨，执意让他三招。还是你先动手吧，不然待会儿输了，我估计你八成要不服气。宁晨其实是懒得动。哈哈哈！台下鼓舞社成员们发出哄堂大笑。我已经好几年没遇到过你这么嚣张的家伙了。段水流冷哼一声，心中生出三分火气。也好，拳脚无眼。 当心了，语罢，他后背一用力，筋骨间立时传出噼里啪啦，如炒豆子般的炸响。光是听声儿，就知道这个人体内蕴藏的力量有多可怕。雄鸡抖雨，筋骨齐鸣。温青兰评价道：“看样子师兄生气了，这小子有苦头要吃。挑战大师兄，这不找死吗？”众师兄弟冷笑。这时，断水流的眼神也变了，变得凶狠有力。他双膝一沉，身体如离弦之箭，劲射而出，又好似一头豹子朝宁晨扑来。 这样速度，普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但在宁晨眼里，断水流慢的就跟蜗牛一样，摆这么多姿势，搞得这么刁，我还以为你是金丹期呢。宁晨一边说闲话，一边抡起拳头砸了出去。对付一个淬体一虫，他实在懒得动用什么武学。砰！这一拳精准砸中断水流面门，把他揍飞了出去，两道鼻血喷洒在空中。不止温青兰他们，连观众席上的那位执杖老者也是猛地起身，眼珠子瞪得老大。在空中飞行一秒钟后。 断水流摔出擂台，重重的砸在地上，他捂着鼻子和嘴巴，嗷嗷惨叫，地上洒满了血，所有人都惊呆了。鼓舞社大师兄断水流被誉为青州大学最能打的男人，被一拳秒杀了，没劲。宁晨意兴阑珊的下台，径直朝武术馆大门的方向走去。站住！温青兰惊慌失措的叫住他，怎么着？你也想跟我过两招？宁晨扫了他一眼，你，你究竟是什么人？温青兰怔怔的看着他，你真的是我们学校的新生？ 临床二班的不信自己去查，宁晨不耐烦的摆摆手。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一道劲风突然袭来，是断水流。他无法接受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失败，再度朝宁晨发动了攻击，偷袭偷上瘾了是吧？宁晨烦了，回身抓住断水流踢过来的脚掌，往反方向一拧，只听一声嘎嘣脆，武术馆内顿时回荡起了断水流凄厉的惨叫：“啊，我的脚！你的脚断了！”宁晨无情地说道：“大师兄，大师兄。” 一群鼓舞社成员跑上来，惊恐地看着断水流。断水流疼得都快哭了，屈膝抱脚，扯着嗓子大喊：“叫救护车！还他妈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啊！我的脚不能断！”姓宁的，你给老子等着，这事儿没完，你死定了！啊！众人赶紧拨通了急救电话。嗯，这样一来，秦大应该没人再敢惹我了吧？宁晨暗暗想着，双手插兜便走出了武术馆。正要出学生活动中心的时候，那个叫温青兰的学姐又叫住了他。 你等等，又干嘛？宁晨不耐烦地转过身，发现这次温青兰身边跟了一个穿西装的老头。老头大概七十多，持花梨木手杖，满头银丝，面容和蔼，正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他。老校长好，老校长好。一些学生路过，宁晨听见他们口中的称呼，很无语地瞪了温青兰一眼。打小报告这么快，真有你的的、啊。温青兰正想解释什么，执杖老者笑道：“哼，想不到我青州大学这届新生里藏了一个外境大成的高手，不知小友从何而来啊？” 我就是个普通学生，宁晨答道。普通学生能一招击败小段？执杖老者皱着眉说道：“小友可知，小段刚刚斩获江南省武道大赛青少年组第三名的好成绩，学校已经决定保送他进龙湖武馆。”我不知道武道大赛，也不知道龙湖武馆，我就知道他很菜。宁晨如实说道。你，温青兰听见宁晨这么羞辱他的师兄，气得想骂人，但一想到师兄刚才被一招击败，连偷袭都打不过，他就哑口无言。这个叫宁晨的，到底从哪儿蹦出来的？ 小友，去我办公室谈谈吧。执杖老者脸色变得凝重，说道：“你刚才拧断了小段的脚掌，这件事会比你想象的严重很多。如果没有我从中斡旋，你的习武之路很有可能从此断绝。说到底，你们年轻人下手还是太没轻没重了。”第十八章：段家门客铁脚七。宁晨闲着也没事，干脆就跟这个老校长走了。他倒要听听这个断水流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一路闲谈，得知这个老校长叫温月，是温青兰的爷爷。 也是青州大学的上任校长，在学校威望很高。来到办公室，温月让温青兰给宁晨泡了杯茶，就开始套他的话：“宁小友，你这一身功夫没有画境大师指点，可练不出来啊！不知尊师是谁？”温月笑眯眯地问道：“说了你也不认识。”宁晨眼中浮现一丝久远的回忆，他的师傅。你好大的口气！刚泡完茶的温青兰不悦地说道：“我爷爷是鼓舞协会青州分会的常任理事，整个青州乃至江南地界上的画境大师就没有不认识的。”温月笑而不语。 显然这事是真的。江南省的画境大师和内境高手，无论是登记在册还是闭关隐修，他都有所了解。我师父道号瑶光，宁晨说道。瑶光，女的？温青兰愣了一下。道号道士吗？温月眉头暗锁。道士不同于武者，前者修魂长道术，后者锻体练武功，都是走向强大的两种路线。但将脑中关于南方强者的名单梳理一遍，温月并不认识一个叫瑶光的女道士。她当然不认识。 因为瑶光上人乃是小南天界纯阳无极宫曾经的太上长老，一位元婴期巅峰的大修士。一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宁晨拜瑶光上人为师，成为他坐下资质最差的弟子。但通过不懈努力，他逐渐成长，为了整个纯阳无极宫最出色的弟子，也尽得瑶光真传。可后来，瑶光突破化神期失败，魂飞魄散，纯阳无极宫就这样损失了一位太上长老。宁晨也失去了他的师傅。在后来的日子里，宁晨每每回想起那日湖心的场景，都很后悔没有出手，那样的话。 也许他就不会离他而去了。我师傅是隐居高人，你们没听说过也正常。宁晨从回忆中走了出来。原来如此，温月点点头。还是说正事吧。方才我查看过小段的伤势，他右脚掌伤得不轻，没个半年恐怕养不好。小段现在是习武的黄金年龄，段家肯定不会轻饶了你。段家很厉害吗？宁晨脸色始终平静。你不是青州人？温青兰蹙了蹙眉。是啊，不过我父母都是普通人。宁晨表示。难怪。 温青兰环抱双臂，段家是青州豪门，势力与我们温家不相上下，门中豢养不少武者，你麻烦大了。你现在唯一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就是赶紧找个靠山。宁晨忍笑道：“找谁当靠山？你们温家？”温青兰看见他那副模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以为我们温家愿意收你？段家和和鼓舞协会关系很好，我们才不想惹麻烦呢。你不就一个外经大成，牛什么牛？温月摆摆手：“好了，青兰。”温青兰这才停下来，坐在沙发上，拿眼睛瞪着宁晨。 宁晨静静的喝茶，也懒得跟一个小姑娘争论。温月又说道：“小友，你小小年纪就练到外境大成，可以报名参加龙湖武馆的考核。一旦通过考核，我再帮你说说好话，你自己再认个错，没准段家就会放你一马。”宁晨摇摇头：“算了吧，太麻烦。”温月、温青兰忍不住了：“喂，爷爷可是在救你的命，你什么态度？”啊？宁晨放下茶杯，悠悠起身：“谢谢温老好意，但我还是不用了。”温月哭笑不得：“小友。” 段家可是收留了社会上的不少流浪舞者，其中不乏犯过命案的。你话音刚落，邦邦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温青兰和温月对视一眼，起身去开门。老校长，不好了，段家来人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师站在门口，急得满头大汗，指着宁晨说道：“是来找这小子的。”保安快拦不住了！这么快、啊？温青兰吃了一惊。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宁晨出了办公室。小友，且慢！温月想叫住宁晨，没想到后者不理他。 直接就出门去了，温月跺了两脚，赶紧追出去。爷爷，既然他不领情，还管他的死活干什么？温青兰气死了，她从未见过这么不知好歹的家伙。走廊上，宁晨很快就被一个精壮男子拦住了。这男子大概四十多，皮肤铜黄，身材结实，尤其是一双脚穿着布鞋，沉稳有力。背后躺了一地的保安，个个捂着肚子哀嚎，爬不起来。这位同学，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宁晨呢？男子走过来，我就是，找我什么事？ 宁晨平静地回答：“这么说，我家少爷就是你伤的？”男子脚步一滞，眯起眼睛：“如果你家少爷姓段，确实是星号、星号、星号的，没错。”宁晨点点头：“好小子，够实诚的。”男子冷冷笑道。温青兰从办公室走出来，听到这段话，差点晕死。这家伙是不是脑袋缺根弦啊？铁脚七，温月走到宁晨身边，声音带着一丝凝重地道：“你敢来清大的地盘闹事，不怕五邪再把你抓起来吗？”温家老爷子，许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呵呵。名叫铁脚七的精壮男子脸上堆起笑容，不知为何，宁晨感觉这笑容中有一丝淡淡的嘲讽。温老爷子，这不关你的事，我奉家主之命来把这小子带回去。”铁脚七说道。“在青州大学就关我的事。”温月将手中的手杖一动，“温老，这的确不关你的事，你还是别管了。”宁晨突然拆他的台，你温青兰差点没气死，温月也是无语，这小子到底有没有脑子？铁脚七来自广东。 在武道界虽然不算什么高手，但好歹也练了几十年武，正值当打之年。宁晨才多大，和多少武林人士交过手，积攒了多少经验？哈哈！这时铁脚七发出一连串的爆笑。温老，你听见没？这小子压根就不理你的情。哎，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也别废话了。宁晨打断他的话，一脸的不耐烦，要打就快点动手，在那边避避个没完了是吧？第十九章，三脚猫功夫也出来丢人现眼。温青兰彻底无语了。 他见过狂妄的，还没见过这么狂妄的。铁脚七在江湖上闯荡二十多年，多次伤人，被武邪逮捕，是他能对付的吗？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吗？作为前辈，看来要给你们一点教训才行啊！铁脚七冷笑一声，右腿高高抬起，脚背弓起内扣，宛如一条土性的毒蛇，下盘却极稳，一看就是练腿的高手。嗖，<So, S 1> 一道黑影闪过，铁脚七的脚宛如出膛的子弹，直朝宁晨胸口踢来。 他知道自家少爷的八段锦已经练到外境小成，眼前之人虽然年幼，但很可能是外境大成，所以他直接下重手，想一招制敌。这一脚若是踢中，普通人不死也要重伤。但半秒后，他却踢了个空，宁晨凭空消失了。不等他反应，撑地的左脚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啊！走廊上回荡起铁脚七的惨叫。这位来自广东、练了几十年戳脚的舞者，抱着被踩烂的左脚躺在地上嗷嗷惨叫。啊！温青兰吓得发出一声尖叫。 连温月和那名男老师也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铁脚七的左脚已经成了一团烂肉，整只布鞋被鲜血浸透，十分骇人。三脚猫功夫也出来丢人现眼！宁晨冷冷地说道，似乎是嫌铁脚七太吵，他又是一脚，直接把铁脚七踹得昏死过去。接着，在温家爷女俩震惊的目光中，他大步离去。怎么会这样？爷爷，温青兰难以置信。真是好快的速度啊！温月目光透着震撼，接着胸中长舒一口气。 小小年纪居然能打败，是废了铁脚七，真是不简单。也不知究竟是何方高人，才能调教出这么厉害的徒弟。其实比起宁晨的实力，温月更震惊于他的心境。废掉一个外境大成的武者，就像才死只蚂蚱，脸都不红一下。这份心境，这份从容，实属生平罕见。他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温青兰感到匪夷所思。当今网络发达，佛岭铁脚七被一个大学生废掉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江南武道圈子，为人津津乐道。 青州某座私人庄园，一个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子正在浏览手机上的消息，脸色渐渐凝重。他就是段家家主段荣，段水流的父亲。没一会儿，门外走进来一个管家打扮的人。家主，铁脚七伤的比少爷还重，左脚掌的筋骨全部被踩烂，神经坏死，下辈子都要拄拐杖走路了。管家说道。好狠的小子！段荣眉头紧锁，查清楚了吗？这个宁晨到底是什么来头？管家回答：他是东阳县人，在青州大学读临床医学。 属下还查到，他和许家许景山的千金住在一起。许家，段荣听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消息，他是许家的人。许家也是青州豪门之一，尤其是许景山执掌的许氏集团，能在青州排进前十，势力和他们段家不相上下。如果宁晨真的是许家的人，那就麻烦了。目前还不清楚，管家回答。继续查，段荣冷冷的下令。他跟谁学的武功，和许家什么关系，都给我查出来。顺便把涂涛给我找过来。听到涂涛这个名字，管家明显一愣。 这是他们段家豢养的门客中实力最强的一个狠角色。家主，要不要把这件事交给武邪处理？管家提议，故意伤人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监禁，到时候放出来，这小子差不多也废了。先打断他的两条腿，再交给武邪也不迟。段荣恶狠狠的说道，眼中寒光四射。把我段荣的儿子打成这样，可不是蹲蹲大狱就能解决的。要是在旧社会，他早就横尸街头了。宁晨压根没把段家的事放在心上，一个小地方的豪门家族。 连个筑基器都不一定有。离开学生活动中心，他直接翘掉下午的课，慢悠悠地出了校园。玫瑰园附近有一家农贸市场，宁晨买了一些牛肉和土鸡，准备拿去店里让李梅做。拿出手机付款的时候，他发现许舒妍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喂，有事吗？宁晨拨了回去。你终于接电话了。电话那边传来许舒妍焦急的声音：“你现在人在哪里？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宁晨有点纳闷，这妮子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 你不是被散打社的人带走了吗？许书言刨根问底。哦，这个呀，后来撞见了校长，他们就把我放了。宁晨随口瞎编。你还有事吗？没事挂了，我买菜呢。挂就挂，谁稀罕给你打电话似的。许书言气愤的先挂断了，心想本小姐的电话不知道多少男生想要，这家伙怎么一副不耐烦的口气，真是气死他了。书言，大力哥怎么样？不会进医院了吧？江糖走在身边，关心的问道。算他走运，撞见校长了。许书言说道。 那就好。江棠拍拍苏兄，然后又想起一件事。对了，舒言，乔阿姨不是让你通知大力哥晚上去周记吃饭吗？对哦，我怎么把这事忘了？许舒言愣了一下，但想起对方那副不耐烦的口气，他就懒得掏手机，最后还是江棠打给宁晨。水月街，名钻会所顶楼。白肖看着放在吧台上的一袋蘑菇，抬手就给了杨凯一巴掌。啪！老子让你找毒药，你就给我搞来这个，废物，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杨凯捂着通红的脸。 很委屈的说：“肖哥，你冤枉我了，你可别小看这些蘑菇，它们叫鬼手青，产自岭南一带，剧毒。别说一个学生，就是一头牛也能放倒。”白潇目光微亮：“真的？”杨凯不停的点头：“真的，真的，这种蘑菇吃死过不少人，早就不让卖了。不过最近有一批货恰好走私到江南，我就托人拿了一点。宁晨不是经常在那家烧烤店吃饭吗？咱们就给他整点，嘿嘿嘿。”随后，几个小弟从外面牵进来一条流浪狗，杨凯戴上手套。 把鬼手青掰碎了，混入狗粮，给流浪狗喂了下去。不一会儿，流浪狗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了，全身呈现恐怖的青黑色，七窍流血，死状很凄惨。死这么多，站在一边的马坤脸色微变。白萧哈哈大笑，吩咐让杨凯办好这件事，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最好嫁祸给李梅。宁晨啊，宁晨，下辈子投胎眼睛放亮点，不是什么人你都惹得起的。第二十章汤里有毒。晚七点，宁晨打车到洲际大酒店。 服务员领着他来到六楼的豪华包间，徐景山、乔姨、许淑妍和江棠都到了，管家范毅也在。嗨，大力哥！江棠兴奋地摆了摆手。小唐，宁晨笑着回应，但看见徐景山和许淑妍父女，他脸上的笑容明显就淡了，只是礼貌地喊了一声“许叔叔”。小陈，快坐！乔姨特地给宁晨留了个位置，在许淑妍旁边，然后还埋怨起了女儿，怎么也不带小陈一起过来，还让人家打车。新号新号新号码要带他一起过来。许淑妍傲娇道。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乔姨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又笑着对宁晨说：“小陈，别在意啊，这孩子都被我们宠坏了。”妈咪，许淑妍气的小脚直跺，他甚至怀疑宁晨是不是妈咪在外面的私生子，不然怎么对他那么好？好了，上菜吧。徐景山发话，身后的范管家给了服务员一个眼神，后者很快联系厨房上菜。小陈，我听说你今天在学校干的事了。徐景山微笑的看向宁晨，呃，宁晨眉头暗皱，徐景山怎么会知道？ 老公，什么事啊？乔一叫乔静，好奇的问道：“这小子正式开学第一天就把几个学长给揍了一顿，听说还是散打社团的，好几个都进医院了。”徐景山笑道：“什么？”乔静吃了一惊。宁晨感觉自己多虑了，断水流和铁脚七的事已经被温老头压了下去，这种事若是传出去，对学校影响很差。许舒妍和江糖震惊的对视一眼：“你不是说撞见校长，他们把你放吗？”许舒妍问宁晨：“很显然，我骗了你。” 宁晨说道：“你，许书言动了肝火。”江棠则被宁晨这种态度逗笑了。小陈，你怎么能在学校里打架呢？”乔静却板起了脸，批评道：“你好不容易考上青州大学，万一被开除了，你妈妈得多伤心。”乔姨是他们先惹我的。”宁晨苦笑道：“那也不能打架。”乔静说道。宁晨不做辩解。哈哈哈、啊，没事。现在我们国家崇尚武术，习武成风，年轻人打打架很正常。”徐景山摆了摆手：“老婆，我是想啊。” 小陈这么好的身手，要是给舒妍当保镖，岂不是很好？原来他还没死心，宁晨暗暗摇头，这不太好吧？乔静蹙眉说道：“大学生学习才是第一任务，静静，你也得为咱们女儿考虑一下。舒妍这么漂亮，从小到大骚扰她的男生还少吗？”徐景山认真了起来：“我是这样想的，小陈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现在他长大了，也要懂得自己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我给他开两万一个月的薪资，这个薪水已经秒杀青州百分之九十的白领了。等他毕业，还可以直接来许氏集团上班。” 主要小陈是知根知底的人，用起来也比较安心。老婆，你说呢？乔静听完，觉得徐景山的话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舒颜人长得漂亮，爱打扮，爱玩，从小到大没少招色狼，但她就怕伤了宁晨的自尊心，于是试探性的问道：“小陈，你是怎么想的？”哎，呀，妈咪，爹爹，我才不需要什么保镖呢！许舒颜不乐意的撅起小嘴：“住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徐景山凶了他一眼。宁晨装作思考很久的样子，最终摇了摇头：“抱歉。” 许叔叔，我对你女儿保镖的职位还是不感兴趣。小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如果是薪资问题的话，咱们还能再谈。徐景山仍不死心，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跟舒妍合不来。宁晨如实回答。江棠有点无语，大力哥这也太实诚了吧？纠正一下，是我跟你合不来。许舒妍愤愤说道。嗯，但如果是小唐这种性格，不用薪资，我免费给他当保镖。宁晨又补充了一句：“大力哥，你你干嘛突然聊人家了？讨厌！” 江棠小脸红彤彤的，很可爱。宁晨当然是开玩笑，地球酋长来了也没资格让他当保镖。你，你竟然挑拨我们闺蜜感情，你无耻！许淑妍指着宁晨骂道，差点没气哭。淑妍怎么说话呢？乔静训斥道。哎，算了算了。徐景山摆了摆手，将此事接过，心里却始终觉得宁晨不识抬举。很快，厨房上菜，十菜一汤，道道色香味俱全。许淑妍气的一道菜也吃不下，宁晨却吃得不亦乐乎。 这时，服务员推着小推车又送进来一道菜。我们没点这道菜。饭管家扫了一眼，发现是一道十分鲜香的菌菇汤。先生，这是我们酒店送的，只要消费达到一定标准才有。女服务员笑道：“好，你端上去吧。”饭管家点点头。女服务员照办。由于这道汤离宁晨比较近，他马上就盛了一碗。咦？宁晨刚喝一口就察觉到不对劲，汤中的鲜香居然夹杂着一种浓烈的毒素。等等，见许淑妍也盛了一碗。 他赶紧将其夺下，满脸严肃：“你干嘛？”许书言不解地瞪着宁晨，抢我的汤干什么？还有很多，自己不会盛吗？汤里有毒。”宁晨一本正经地说道。“噗！”姜糖笑得喷饭，“你有病吧？”许书言忍宁晨很久了，张嘴就骂：“我看你才有毒！”拿来。宁晨反手把汤倒了。你，许书言差点气晕过去。第二十一章，你终于不装了，小陈，到底怎么回事？乔静投来不解的目光。乔姨。 许叔叔，这碗汤真的有毒，相信我。宁晨一脸笃定。乔静和徐景山对视一眼，都有点尴尬和难以置信。先生，请您放心。这时，女服务员走上前来，安慰道：“这道菌菇汤的原材料是件手青，来自岭南，确实带有一定毒性，但经过我们主厨的专业处理，毒素已经完全驱除掉了，您可以放心品尝。”小陈，听见了吧？没事的。乔静笑着安慰。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河豚还有毒呢，不是照样有人吃？许淑妍没好气的嘀咕道。 又盛了一碗，但没想到这一碗又被宁晨给抢了过去。你，你还给我！许淑妍气得大叫。宁晨理都不理他，径直把汤端给女服务员。你说没毒？那好，你把这碗喝了。这女服务员露出很为难的表情，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饭店有规定。我看不是有规定，是你不敢吧？宁晨紧紧盯着这个女服务员。刚才许淑妍盛汤的时候，这个女人眼中分明流露出了一抹异样。好了，小陈，徐景山有点不高兴了，说道。 洲际级酒店主厨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你坐下，好好吃饭，不要搞这些幺蛾子。大力哥，你刚才不就喝了一碗吗？没看见你有事啊？江棠好奇的问。宁晨语塞，在拜入纯阳无极宫前，他学过四百年医术，很确定这碗汤里的毒足以毒死一头大象。而他之所以没事，一是元婴期修士肉身强悍，二是他曾经吃过一条墨林蛇皇的蛇丹，因此获得了百毒不侵之体。但他如果这样说，一定会被当成疯子。我看他是猴子请来的逗逼。 见宁晨哑口无言，许书言冷笑了一声。而这时，宁晨将目光投向徐景山，扫视几下后说道：“许叔叔，你近三天内应该流过鼻血吧？你你怎么知道？”徐景山愣了一下，感到很不可思议。前天早上他起床洗漱时确实流了鼻血，但这点小事他没跟别人说过，连枕边人都不知道的事，宁晨怎么会知道？难道他能掐会算？因为许叔叔你有点虚。”宁晨一语惊人，徐景山和乔静的脸色齐齐一震。 目光都开始不自然起来，说什么呢？你才虚！许书言气的骂道：“如果我猜的不错，你最近应该再服用一剂补药，而且还是很名贵的那种。”宁晨压根不搭理许书言，自顾自地说道：“但是你补过头了，导致内火旺盛，除了流鼻血外，你还有牙龈肿痛、失眠多梦、口苦舌燥等症状。我说的可对？”徐景山和乔静露出一脸惊容，宁晨所说的症状全中。小陈，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乔伊不可思议地问。 我学过中医，宁晨说着，目光又落回那道菌菇汤上。所以这道汤我可以百分之百断定有毒，而且是致死的剧毒。夫妻俩有点懵了，那个女服务员的眼神闪烁了两下。爹爹，妈咪，她说的不会是真的吧？许淑妍谈口张大，症状确实都对了。乔静还是不敢相信，一个刚上大学的孩子能有多高的医术。老范，徐景山见宁晨这么笃定，决定派范毅好好查个清楚，找个实验室化验一下这道汤里的成分。是。 董事长，范毅立刻取走了这道汤。我还是不信。许舒妍雪碧抱胸，靠在椅背上，对宁晨道：“既然你说汤里有毒，那你怎么没事？你刚刚可是喝了三大口。”没想到许大小姐这么关注我，连我喝了几口汤都知道。宁晨调侃道：“谁谁关注你？你别自作多情了。”许舒妍俏脸泛红，赌气般的扭过去。好吧，言归正传，我之所以不会中毒，是因为……宁晨正想着要找一个什么理由，忽然那个女服务员的声音传了过来。 却不是刚才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而是带着冷意。年轻人，你的医术厉害吗？居然能解掉鬼手青的毒性？哦，你终于不装了。宁晨看向他，人都走了，自然没必要装了。女服务员说着，手一伸，就从送餐车下面摸出一把装着消音器的手枪，直接打开保险，对准了徐景山。啊！许淑妍看见枪，吓得立刻尖叫。不准叫，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女服务员威胁道。好，好，啊，我不叫，你别开枪，别开枪打我爹爹。 呜呜、哦！许淑妍哭着喊道，旁边的江棠和乔静也都吓得花容失色。徐景山稍显沉稳，手撑桌子，黑着脸道：“调虎离山之计，没错。”女服务员把黑洞洞的枪口杵在徐景山后脑勺上，铁拳百胜范也内劲高手，正面硬刚不知道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只能耍点阴谋诡计了。别动！女服务员也是个高手，说话的时候眼神一直留意其他人的动作。她将枪口转向许淑妍，恶狠狠地说道：“把手机拿出来。” 许书言不敢不照办，还有你们的，一台、两台、三台、四台手机扔到了桌子上，唯独宁晨站在那里不动。小鬼，没听见我的话吗？把手机拿出来！女服务员用枪指着宁晨。书言，你们快跑！许景山突然暴起，猛地扑过去，然而他并没有武功，女服务员却是个外境武者，一脚把他踹出远。爹爹，老公，许书言和乔静哭喊道。可惜豪华包间隔音很好，就算在里面开枪。 外面的人也听不见，不知死活的东西。女服务员冷笑一声，持枪走到宁晨面前，手机拿出来。作为一个杀手，你也太不合格了吧？宁晨突然开口：“你说什么？”女服务员很诧异，死到临头了，这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你废话太多了，应该不是专业的杀手。宁晨语气淡漠：“要你管。”女服务员持枪冷笑：“只要能完成任务，娱乐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抱歉，你完成不了这次任务了。宁晨说完这句话。 张开大手，径直抓向他的手枪。第二十二章，韦守清在线。你找死！见宁晨敢夺枪，女杀手眼中寒光一闪，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砰！包间里响起枪击声。和电影里不同，尽管有消音器，但手枪的声音还是很大。啊！许书言、江唐他们都发出惊恐的尖叫。但想象中血肉横飞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宁晨用手掌包裹住了枪头，整只手掌完好无损，只有一缕缕硝烟从指缝间溢出。 怎么可能？女杀手眼珠子差点瞪炸出来。这徐景山也看不懂，人手怎么可能堵得住子弹？见鬼！女杀手没有犹豫，再度扣动扳机，砰，砰，砰，一连三枪。女杀手很确定子弹射出去了，但不知为何，宁晨的手一点事情也没有，脸上也是面无表情。女杀手想把枪抽回来，但宁晨力气极大，根本办不到。我就不信了！女杀手还想扣动扳机，手枪却忽然砰的一声炸膛了。 把他的手炸得血肉模糊，惨叫着倒在地上。啊！我的手，我的手！女杀手捂着鲜血淋漓的右手，在地上惨叫不止。徐家人和江糖都懵了，什么情况？别看，宁晨走过来，捂住江糖的眼睛。江糖娇躯微颤，心中顿时有一股暖意。小小陈，你没事吧？这时，乔静才反应过来，赶紧跑过来查看宁晨的伤势。但宁晨白净的手掌上，别说流血，连破皮都没有。 危机解除后，徐景山第一时间搬起椅子，把女杀手砸晕，然后才过来查看宁晨的情况。许淑妍则是拿手机去联系范毅。小陈，你的手！徐景山把宁晨的手翻来覆去的看，眼中写满了震惊。许叔叔，乔姨，幸好这家伙的枪卡壳了，我没事。宁晨主动解释道，脸上还摆出一副庆幸的表情。傻孩子，你要是出了事，我可怎么向你妈妈交代啊？乔静直接哭了，后怕的抱住宁晨。当时情况紧急，我也顾不上太多。宁晨苦笑道。 过了一会儿，范毅气喘吁吁地赶过来，脸上写满了歉意：“对不起，董事长，这是我的失职。”徐景山坐在椅子上，摆了摆手：“不怪你，是我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对了，老范，那道菌菇汤确实是剧毒。范毅望了旁边的宁晨一眼，根据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说，汤里的菌菇是岭南的鬼手青，这是最毒的一种菇子。前些年当地就不让卖了，连岭南本地人都不敢碰。全家人都震惊地望向宁晨，尤其是许书言，想起刚才那些话。 他脸上火辣辣的，胀得通红。小陈，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对不起，是许叔叔误会你了。徐景山一脸歉意，他现在相信宁晨是真有本事了。天啊，大力哥，你也太厉害了吧！江棠更加崇拜宁晨了。碰巧罢了。宁晨淡淡一笑，不行，这么毒的姑子，小陈，我得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乔静大步走过来，就准备带走宁晨。宁晨顿感麻烦，无奈乔静太坚持了，连徐景山也执意让他去检查一下。 他只好跑一趟，女杀手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带走，酒店上下则乱成一片，经理连夜被问责，工作都丢了。玫瑰园别墅里，许淑妍和江棠早早的上楼去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徐景山和范毅坐在一起，却是在讨论宁晨。不可能！当聊到宁晨用手堵枪口的时候，范毅斩钉截铁的摇摇头。这么近的距离，肉掌挡子弹，毫发无伤，连化境大师都做不到。 除非他是传说中的武道宗师，能够提炼真气护体。徐景山恍然，那这么说，真是枪的问题。范毅沉默了，他知道这个说法也很牵强。一个杀手的配枪怎么会轻易卡壳，还炸膛了、啊？但宁晨小小年纪，更加不可能是武道宗师。老范，明天一早就联系警方，我要尽快知道到底是什么人想杀我。徐景山脸色沉闷。是董事长，从医院回来已经快十一点了。小陈，谢谢你今天晚上救了我们全家。 路边一台奥迪 A 八上，乔静把一张银行卡递给宁晨，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别怪乔一物质，乔一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这张卡里有三十万，密码是你生日，拿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以后要是缺钱用，随时和乔一讲。”宁晨二话没说，直接把卡接过来，塞进上衣兜，谢谢乔一。乔静温柔一笑，这个孩子不做作的率真，很对他胃口。随后，乔静驱车离开，宁晨却没有直接回玫瑰园别墅，而是去了一趟李梅烧烤。今晚的闹剧。 让他饭都没吃饱。来到店里，李梅把他下午送过来的牛肉和土鸡拿出来，开始准备夜宵。这家烧烤店为了招待宁晨，现在基本改成了一家小饭店。李梅的手艺很好，也是宁晨常来光顾的主要原因。但在满桌的食物中，宁晨却看见了一样很眼熟的食材——鬼手青，来自岭南的剧毒菌菇。怎么了，小陈？这些菜不合胃口吗？李梅穿着围裙站在一边，眼神很清澈，不像是要下毒害他的样子。这道菜以前没见过啊，梅姨。宁晨拿起筷子。 加了片鬼手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好家伙，还是没完全炒熟的鬼手青，毒性更猛。李梅听见宁晨叫她梅姨，顿时喜笑颜开，说道：“这是我从一个熟人老板那里拿的新鲜菇子，岭南产的，一百多块钱一斤，老贵了，是吗？梅姨，让你破费了。”宁晨继续吃这道蘑菇炒肉片，说实话，这鬼手青虽然毒，但却是真正的鲜美，普通人是绝对无法品尝到这种美味的。一片下肚，当场去世，破什么费？这都是你的钱。 李梅笑得很淳朴，她指的是前几天宁晨给了她十万。这姑子太好吃了，没你在哪儿买的？明天喊我一起去，我给我朋友也带点。宁晨边吃边说：“就是你上午买菜的地方，古韵农贸市场。”李梅说道：“好。”宁晨点点头，眼底却流露出一抹冰冷。第二十三章：再一再二不再三，这小子吃了半天，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会不会出了什么岔子？李梅烧烤店中零零散,散散坐着十几个客人，其中有两个是白潇的小弟，奉命监视宁晨。 当看见宁晨吃下鬼手青后，他们欣喜若狂。但等了半天，宁晨一点状况都没有，脸色依旧红润。过了一会儿，宁晨从李梅口中得知后厨还有几大颗鬼手青，他提出去看一眼，便离开座位进了后厨。两个混混走过来查看情况，会不会是李梅那死娘们把菇子炒得太透了？一个混混拿起筷子拨弄着剩下半盘蘑菇炒肉，我听说那些毒蘑菇完全炒熟后毒性就没了，有可能。另一个晚饭还没吃，拿起筷子就夹起一片菇子放进嘴里。 我尝尝，嗯，好吃，太鲜了！我操，你疯了，这都敢吃？怕什么？刚才那小子吃半天都没事。嗯嗯嗯嗯，刚才还对鬼手青味道赞不绝口的混混，突然头晕目眩，恍惚间看见许多小人拉着他的手，围着他跳舞，随后咣当一声栽倒在地。后厨，宁晨找到那些新鲜的鬼手青，意外发现里面居然有一丝灵气，虽然含量稀薄的可怜，但也足够让他惊喜了。他刚用塑料袋把三颗鬼手青装好，就听见外面传来骚乱。 和李梅跑出去一看，发现是一个寸头混混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肤色还有点发青。还有一个戴耳钉的小混混蹲在他身边，焦急万分。宁晨马上认出，这是刚才吃饭的时候一直偷瞄他的两个人。怎么搞的这事？李梅吓坏了，赶紧跑过来。已经有人打了急救电话，说道：“这个小伙子刚才好像吃了两片蘑菇，就这样了。”老板娘，你这蘑菇不会有毒吧？不可能！李梅指着宁晨说道：“刚才他吃了半盘都没事，怎么会有毒？” 你放屁！戴耳钉的小混混从地上跳起来，指着李梅痛骂：“就是你下的毒！这盘蘑菇炒肉里的蘑菇不是普通蘑菇，是岭南那边的毒蘑菇！”店内哗然一片，十几双眼睛惊恐的望向李梅。胡说八道！宁晨冷笑一声：“要真是毒蘑菇，我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吗？”说罢，他抄起盘子，把剩下的蘑菇肉片都倒进嘴里，大口咀嚼起来。等了半晌，也不见他有什么异样，李梅这才放下心。这戴耳钉的小混混哑口无言。 脸涨得通红。话说回来，我还想问你们两个，从我一进店门开始就盯着我，还特地跑过来吃我的菜，你们想干什么啊？宁晨眯起眼睛，突然质问：“是不是白萧派你们来的？”“不不不，不是，不是肖哥，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戴耳钉的小混混被吓得一哆嗦，赶紧后退。果然是白萧，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宁晨眼中流露出一丝杀意。本来明天一早他还想去菜市场找菜贩子调查一下，现在看来不用了。磊子，我的兄弟啊！ 你死的好惨啊！这时，戴耳钉的小混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趴在中毒的同伙身上开始嚎啕大哭。滚开，他还没死呢！宁晨一脚把他踹开，然后将手摁在中毒混混胸口上，开始输入真气。没一会儿，中毒混混开始上吐下泻，把吃下去的毒菇片如数排出，症状立刻就减轻了不少。你吃了没事，他吃了就上吐下泻，神志不清，这应该是过敏。急救科的医生赶来后，给出了一个初步诊断。李梅这才长松一口气。 餐饮店要是传出食物中毒的消息，那他以后也不用开下去了。等他缓过神来的时候，宁晨已经走了。水月美食街某条小巷子里，戴耳钉的小混混被揍得鼻青脸肿，跪在宁晨面前求饶：“别打了，别打了，大哥，我说，我全都说，是肖哥，是肖哥派我来的。鬼手青也是他安排菜贩子卖给李梅的。饶了我吧。我”呜！宁晨眼中闪过一丝杀意。他做事的原则，再一再二不再三。白肖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凌晨一点多，名钻会所。 白潇和他的兄弟们正在包间里嗨皮。肖哥，磊子说亲眼看见宁晨吃下了鬼手青，这会儿估计已经见阎王爷去了。哈哈！黄毛混混杨凯捧着酒杯笑道：“毛头小子一个，毛都没长齐，就想跟我斗。”白潇大马金刀的坐在沙发上，正在吞云吐雾。情妇王银花依偎在他怀里，妩媚的笑道：“肖哥，李梅进去了，那家烧烤店您打算怎么办？再招个商户呗。水月街客流量这么大，不愁没人来。”白潇说着。 直接把烟灰弹,弹到王银花浑圆的大腿上。对了，我听说里面有个女儿叫苏婉婉的，我看过照片，长得挺水灵的。你们谁去把她给我弄来？肖哥，我去，这种事我最在行。杨凯赶紧放下喝了一半的酒杯，兴奋地道：“李梅她老公叫苏海超，还欠咱们公司好几十万。那个烂赌鬼，别说让他卖女儿，就是卖他老娘，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哈哈！包间内传来一阵大笑。好，杨凯，你现在就让他把女儿送过来，几十万的利息我不要了。 白潇面露坏笑，得嘞，萧哥。杨凯直接让小弟打苏海超的电话。刚开始，对面的男人还不愿意，但当杨凯把电话夺过来，恐吓了他几句后，他就只能顺从。很快，一个中年发福、眼袋很重的男人带着一个长相清纯可人的女大学生来到名钻会所。苏婉婉身高一米六八，生着一张精致白净的瓜子脸，肌肤雪润娇美，阴唇没有涂口红，却红润欲滴，再加上一双亭亭玉立的美腿，在名钻会所前厅里惹来不少灼热的目光。爸，要不？ 你还是找别人来帮忙吧。苏婉婉察觉到了一丝危险，要不是爸爸突然打来电话说朋友喝醉了要帮忙搀扶一下，他怎么可能来名钻会所这种地方？第二十四章，宁晨的女朋友。婉婉，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个朋友能带我发大财。苏海超见状，压下心底的不安，哄骗女儿道：“只要把他伺候好了，以后咱家就不缺钱了，你妈也不用每天起早贪黑。但她那点小生意，能赚几个钱啊？”苏婉婉听到男人的语气，似乎还瞧不起母亲那点微薄收入。 不悦的说道：“从小到大，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妈妈掏的，你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你还是先把你的债还清，再来说妈妈吧。”说着，苏婉婉扭头就想走，苏海超赶紧拦住他，央求道：“好，婉婉，乖女儿，你就帮爸爸一次吧，爸爸向你保证，以后赚钱了，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苏婉婉执拗不过生父，只能跟着他一起上到二楼，来到一间豪华包厢。刚进门，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包厢里的人不是染六色的头发，就是吞云吐雾，还有搂着衣装暴露的女人。 走进去，他差点没被里面的烟味给熏死。哟，超哥来了呀！杨凯看见他，马上就走过来。凯哥客气了。苏海超脸上便堆满笑容，正想和杨凯搭两句话，好在女儿面前显摆一把。不料杨凯直接越过他，来到苏婉婉面前，上下打量道：“这就是你女儿，长得好漂亮啊！”苏海超，你该不会被你老婆绿了吧？就你长得这个批样、啊，能生出这么好看的女儿？哈哈哈！周围一片哄笑。哈哈，凯哥你太会开玩笑了。 苏海超只能跟着笑，然后决定用女儿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于是他俯下身子对苏婉婉道：“婉婉，这位是凯哥，快叫啊！”苏婉婉眼睛已经红了，粉拳紧攥，瞪着苏海超：“你不是说你朋友醉了，要我帮忙扶吗？他们哪个醉了？”这苏海超神情一正，旁边的杨凯配合的装出一副喝醉了的样子，走路直打飘：“哎呀，妹妹，你爸说的没错，我喝醉了，我喝醉了呀！”哈哈，凯哥演技太好了！十余个混混。 包括白潇在内，饶有趣味地看着这出好戏。我走了，你自己在这儿吧。苏婉婉给苏海超丢下一句话，转身就想逃。但送上门来的肥肉，杨凯怎么可能让他跑了？去哪儿啊，妹妹？杨凯一把将苏婉婉拽了回来，嬉皮笑脸地道：“来都来了，陪哥哥们喝两杯呗。”我不会喝酒，放开我！苏婉婉拼命挣扎，朝苏海超投去求助的目光。苏海超却恳求道：“婉婉，你就陪他们喝两杯吧，完事儿了，爸爸会送你回去的。”苏海超。 你让自己女儿陪酒，你还是不是人？苏婉婉爆发了，哭得梨花带雨。好妹妹，怎么哭了？别急，哥帮你报仇。杨凯先是好心擦去苏婉婉的眼泪，然后转身一脚把苏海超踹出远，茶几都撞翻了。包厢内顿时欢呼口哨声一片。啊！苏海超瘫在地上，捂着肚子爬都爬不起来。爸！苏婉婉急了。嘿嘿，妹妹，实话告诉你吧，你爸欠了我们四十万，算上利息一共六，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们了。哈哈。 杨凯肆无忌惮地扫视着苏婉婉，但后者终究是白潇点名要的人，他可不敢上手，只能过过眼瘾。不，我不信！苏婉婉哭得肝肠寸断，苏海超疼的跪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杨凯拽着苏婉婉的头发，把她带到白潇面前。妹妹，你都这么大了，应该要为家里减轻负担了。肖哥发话，只要你跟了他，你这个废物老爹欠的利息就不用还了，那可是整整二啊！也就是说，你只要陪好肖哥，就能挣二。怎么样，这买卖划得来吧？ 杨凯循循善诱地道：“你们要是敢碰我一下，我男朋友不会放过你们的。”苏婉婉尽量摆出凶狠的眼神，但一个女大学生的凶狠程度实在有限。这群混混非但没被吓到，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白潇没叼他，一边抽雪茄一边问道：“小妹妹，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叫宁晨？”“对，我男朋友就是宁晨，他练过武功，很能打的。”苏婉婉试图威胁，不料白潇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发出爆笑。“你笑什么？”苏婉婉不解。 他知道白潇的人已经在宁晨手上吃了好几次亏了。妹妹，你那个小男朋友确实很能打，这一点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只听杨凯说道：“但他再能打，也就是一个学生。我们有无数种办法整死他，用枪打死他，开车撞死他，或者下药毒死他。实话告诉你吧，宁晨他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但八成是抢救不过来了。”哈哈。苏婉婉俏眸一怔：“什么？医院抢救？你、你们把他怎么了？”好了，闭嘴。见杨凯越说越兴奋。 白萧摆手打断了他，然后四下一扫：“你们都出去。”“好嘞，肖哥，你开心点啊。”杨凯此时招了招手，笑嘻嘻地带人离开。苏海超也被拖走了，一路上不停地哭，说：“对不起，苏婉婉。”王银花见状，也只能无奈的一叹，于是径直出了名钻会所，来到外面抽烟。抽着抽着，迎面走过来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神色一愣，指着宁晨，磕磕巴巴地说道：“你你还活着？哦，看来给我下毒的是你也有份啊。” 宁晨笑着站在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面前，他是来找白潇算账的。不过他并不知道，此时的白潇正在包厢里欺负苏婉婉。不不不，我只是知道，并没有参与。王银花深知宁晨的恐怖，赶紧把烟扔了，拼命的摇头。看见宁晨悠哉的出现，他顿时就感觉这个大学生远没有白潇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对了，你女朋友在上面，白潇正准备对他下手。王银花突然想起重要的事，我女朋友。宁晨挺纳闷，心想。 我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女朋友？苏婉婉啊，她不是你女朋友吗？王银花心急如焚。婉婉，宁晨眉目一沉，快步走进名钻会所。王银花也赶紧跟了上去。第二十五章：愚蠢的凡人。豪华包厢内，白潇喝了一杯洋酒，笑着看向苏婉婉：“救命！救命啊！”苏婉婉缩在角落里，像一只无助的小猫，大喊大叫，眼泪宛如断了线的珍珠，不停的从那张娇俏脸蛋上淌下来。喊吧！ 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这里是老子的地盘！”白潇牛逼哄哄地说道。他朝苏婉婉伸出魔爪，不料女孩眼疾手快，突然躲了过去，拼命朝包厢大门跑去。可惜她头发太长，被白潇一把薅住，硬拽了回来。啪！一个重重的巴掌落在苏婉婉脸上，打得她躺在沙发上，头晕眼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马德，跟老子玩捉迷藏呢？白潇朝地上啐了一口，便准备直接动手了。偏偏这时，包厢外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在大喊大叫，还有拳打脚踢的声音，但一秒钟后就没了动静。杨凯，你小子在搞什么飞机？白潇打开大门，怒骂一声，但表情马上就凝固住了。走廊上躺满了他的小弟，哀嚎声交织回荡。一张稚嫩而熟悉的面孔转向了他：“你你你怎么在这里？”白潇跟见鬼了一样，瞪着死而复生的宁晨。我记得我前两天才跟你讲过，不要动里面烧烤店，不然我打爆你的狗头。你好像没有听进去吗？白潇，宁晨气势极强。 一脚把杨凯踢开，朝他走过来。这不可能！你明明吃了。白潇话还没说完，宁晨便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他面前，一拳捶在他肚子上。人中肝脏最为柔软，受此一拳，当场破裂，大量的鲜血从白潇口中涌出。他跪在地上，疼得说不出话来。宁宁晨，苏婉婉晕晕乎乎坐起身，惊讶的看着宁晨：“没事了，睡一觉吧。”宁晨走过来，右手在苏婉婉脖颈后面一按，后者便晕了过去。不许动！ 突然，这时杨凯带着两个小弟冲进包厢，这家伙居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把手枪。有枪在手，杨凯有信心多了，一脸装逼的瞪着宁晨。他坚信武功练得再牛，一颗子弹也能要了你的命。糟了，我怎么忘了白潇有一只手枪？王银花站在外面，暗道不妙。阿辉、阿强，送萧哥去医院。杨凯吩咐道：“是，凯哥。”两个小弟刚要动身，宁晨却发出一声怒斥：“今天谁也走不了！他妈的小兔崽子！” 你当我手里拿的是玩具枪是吧？杨凯直接打开保险，又往前走了两步，跪下。你让谁跪下？宁晨身影一闪，犹如鬼魅般瞬移到杨凯身后。我操<造>！杨凯吓得一个机灵，赶紧转过身。宁晨却再次消失不见。杨凯四处乱瞄，却根本找不到宁晨人在哪里。你以为你拿把枪就无敌了？愚蠢的凡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多么卑微、多么弱小的存在。在我眼里，你就跟树上的一只臭虫没区别，随时都能掐死。 宁晨平淡的声音在包厢内回荡。啊、哎、呀，臭小子，我打死你！杨凯用双手持枪，到处乱打。砰砰砰砰，开了没几枪，声音戛然而止，一道清脆的骨折声紧随其后。杨凯惨叫着倒在地上，手枪掉在地上。宁晨顺手捡起来，照着他就是一下，然后又对着白潇就是一枪。砰砰！啊！王银花和两个小弟吓得鬼叫连连，往外逃去。宁晨章凌空一抓。 三人立刻被一股无形之力拽了回来，重重摔在地上。饶命，饶命啊！大哥，我们什么都没做。两个小弟爬起来就不停的磕头。陈哥，我也是被白潇这个人渣逼成这样的，我也是受害者，不关我的事啊！王银花也在求饶。冤有头，债有主，我对你们没兴趣。宁晨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低声的说道。而此时，他们心想：马德，这真的是普通学生吗？怎么他狠起来比他们还要猛啊？白潇混了几十年，也绝对不敢这样做事情。 而这个青年眼神平淡的，真的就好像踩死了路边的两只虫子。今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知道怎么说吧？宁晨这个时候已经从沙发上抱起了苏婉婉。两个小弟愣了一下，王银花不假思索的说道：“白潇和杨凯起了争执，杨凯一怒之下上楼取枪，打死了白潇，然后畏罪自杀。”对对对，两个小弟赶紧附和。嗯，宁晨点点头，满意的抱着苏婉婉走了。其实有心人就算查到他也没事，大不了浪费一点灵力。 施两个抹除记忆的法术，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杨凯和白潇，王银花突然想起宁晨之前撂下的话：“记住了，洞里没烧烤店，就相当于砸我饭碗，小心我打爆你狗头！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啊！”咕噜，王银花深深的咽了口唾沫。宁晨把苏婉婉抱回烧烤店，丢给李梅就离开了。他虽然不是嗜杀之人，但闯荡小南天界两千年，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八千，杀这么两个小混混对他来说连放屁都算不上。回到玫瑰园别墅，已经两点半了。 他冲了个澡，便回房睡觉。或许是昨晚动用灵石牵动了元神伤势的原因，他一觉睡到上午十点才醒。大力哥，你起来了？今天是周末，许淑妍和江糖都宅在家。这对姐妹花穿着居家短裤，露出纤细修长的美腿，正在客厅看电视。看见他起来，江糖飞快的迎上来。大力哥，你今天怎么起的这么晚？平时你不点就起来了吗？周末嘛，睡个懒觉。宁晨伸手在江糖头上摸了摸，便去卫生间洗漱了。这突如其来的亲密动作，让江糖小脸发红变烫。 一向古灵精怪的他，居然有点方寸大乱。第二十六章姜糖的劝和。不知道为什么，许书言看见宁晨对姜糖这么亲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道我真的很招人烦吗？他心中暗道。其实，宁晨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是下意识做出来的。他在小南天界有一个师妹，和他一样资质平平，却努力上进。这个师妹个头和姜糖差不多，同样的古灵精怪。每次见面，他都要摸摸这个小师妹的头，以示友好。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话说回来。 地球虽然很安全，但他也很怀念小南天界，毕竟在那边生活了两千多年，有着很多挚友和回忆。洗漱完出来，江糖像只小兔子蹦过来，把他拉到厨房，一顿丰盛的早餐摆在桌上。大力哥，你看，这是舒言一大早让阿姨给你准备的蟹粉小龙、肠粉、虾饺，还有豆腐脑。舒言不知道你爱吃咸的豆腐脑还是甜的，所以让阿姨都准备了哟。江糖在撮合宁晨和许舒言的关系，许舒言依旧是那副大小姐架子，死都不肯说几句软话。 他扬起雪白精致的天鹅颈，淡淡地道：“宁晨，谢谢你昨天救了我们。以后你可以住在这里，想住多久都可以。我可没说要在这里住下去。”宁晨拿起一只虾饺丢进嘴里，“你，你什么意思？难道还要我求你吗？”许淑妍没想到宁晨这么不识好歹，自己都这么说了，他就不会顺杆爬吗？这个白痴！你每次下楼都要跺几脚，一到晚上闭锁门，还偷偷把我放在冰箱里的食材都扔了。要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你以为我愿意住这儿？ 宁晨没好气的看着他，你听见宁晨给自己挑了一大堆毛病，许舒妍气死了。你爱住不住，我巴不得你今晚就搬走。说完，他转身气呼呼的上楼去了。舒妍，大力哥，你哎，江糖本来想让这两个人借此修复关系，但没想到宁晨说话这么不留情面。大力哥，你和舒妍是不是八字相冲啊？怎么一见面就吵架？江糖苦笑不已，确实有这个可能。宁晨煞有其事的说道。吃完早餐，他就出去遛狗了。 狗自然就是许舒颜养的黑龙，一条缺了只耳朵的德牧犬。本来是要保姆遛的，但自从宁晨住进来后，这个工作就交到了他手上。一来二去，黑龙和宁晨都混熟了，一看见他就摇尾巴。大力哥，其实舒颜心地很善良的，就是被宠坏了，有点大小姐脾气。江棠今天陪宁晨一起遛狗，在风景如画的玫瑰园小区闲逛。他看着黑龙说道：“黑龙是我们高一寒假在路边捡到的，他的前主人是个变态，用剪刀把他的耳朵剪掉了。舒颜见他可怜，就把他带回来养。” 宁晨木然地点点头。晚上回去，江棠又对闷闷不乐的许书言说：“书言，要不你明天早上亲自下厨做碗面给大力哥吃？新号新号新号吗？要做给他吃。”许书言还对上午的事耿耿于怀。大力哥毕竟救了我们一命，还有许叔叔和乔阿姨的命，这可是救命之恩。江棠劝道：“他也只是误打误撞罢,罢了。”许书言嘟囔道：“书言，我觉得大力哥之所以不买账，是你报恩没有诚意。一份早点才多少钱？而且还是叫阿姨买来的。”江棠表示：“那还要怎么报恩？” 难道要我以身相许啊？我才不要嘞！许淑妍骨子里还是有一点嫌弃这个小镇青年。你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让你亲自下厨做早餐，这样肯定能赶动大力哥。江棠自信的拍拍苏兄。那好吧，我明天早上试试。许淑妍不情不愿的答应了。她许大小姐这辈子还没给谁做过饭呢。第二天早上，她又是查教程又是请教阿姨，好不容易做成一碗番茄鸡蛋面，却发现宁晨早就出门了，差点没把她气死。宁晨在美食街吃过早餐。 顺路去名钻会所溜达了一圈，因为发生命案，会所果然被查封了，大门上贴着暂时暂停营业的封条。不过他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争吵：“白潇死了，王银花就凭你一个女人能守住名钻？今天你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在前厅回荡。十几个混混站在一个西装男人身后，身上大多都有纹身，恨不得在脸上写个狂字，看样子都是混社会的。郑阳，你们四海帮的手伸过界了，名钻现在就在我名下，我死都不会卖给你。 王银花站在前台边，瞪着西装男人：“有种你就弄死我！”星号星号星号，以为我不敢？这个叫郑阳的男人走过去，掐住王银花的脖子，指着前台上放着的一份合同，道：“给老子签了，不然老子二十四小时派人守在这儿，让你下半辈子都在这里吃喝拉撒。”好啊，有种你天天在这里耗着！王银花态度很强硬。啪！郑阳一个大嘴巴子把他抽飞了出去，给脸不要脸！老子现在就让你知道我们四海帮的厉害！你、你们想干什么？ 王银花身子往后蜷曲起来，她嘴角被打破了，渗出嫣红的鲜血。干什么？你说呢？郑阳摸着下巴，低笑道：“王银花，听说你以前是被白潇强行逼迫，白潇这么多年都没换人，你应该还不错吧？”王银花咬牙切齿地瞪着郑阳，气得全身发抖。就在这时，明钻会所前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了。这里在干什么？一只好奇的脑袋探了进来，自顾自地问道：“正是宁晨，是他。” 王银花瞳孔骤缩，仿佛找到了救星一般，扯着嗓子大喊：“阿晨，快走，快去报警！他们要杀了我！”看门的几个四海帮混混正要轰走宁晨，但听王银花这么一喊，立刻就不准备放他走了。这小子是白帮的人，带他进来。”郑阳沉声说道。第二十七章，我现在只想好好读书。宁晨在四个四海帮混混的簇拥下走进前厅，王银花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他刚才的求救实际上是利用了宁晨，而郑阳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脸上还带着一丝青涩和稚嫩的大学生，就是干掉白帮老大的狠人。小鬼，你是来找王银花的？你和他什么关系？郑阳走过来，饶有趣味的问道。我和他，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宁晨如实说道。郑阳显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没关系？我看你是他养在学校里的小白脸吧？郑阳大声的说道，又将目光转向王银花。好你个臭星号星号星号，拿着男人的钱到学校老牛吃嫩草，真有你的！ 白萧头上都顶了一片青青草原了吧？哈哈哈！不，不是，没有。你别胡说八道！王银花用力摇头，然后扑过去抱住郑阳的大腿。郑哥，郑哥，我求求你，你放了他吧，他跟这件事没关系，他还是个大学生啊！宁晨，这女人真能演戏。她越是这样说，郑阳就越不可能放过宁晨。这样一来，宁晨就不得不出手。这是赤裸裸的阳谋！滚蛋！郑阳一脚把王银花踹开，然后准备给宁晨一点教训。 以此来胁迫王银花签合同，但还没等他抡起拳头，宁晨反手就是一耳光，啪的一声炸响，跟放鞭炮一样。郑阳整个人随两颗门牙飞出去老远，撞在墙上，疼得半天爬不起来。卧槽！四海帮的混混们吓了一大跳，半天没反应过来，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他是超人吗？王银花见状，暗暗松了口气。宁晨却径直上前，冷冷的瞪着这个妖艳星号星号星号，你敢利用我？陈哥，我我没有。 王银花自然不会承认，反而露出一脸迷茫和无辜。给我星号星号星号打。郑阳的咆哮声传来，十几个四海帮混混，有搬椅子的，有赤手空拳的，一拥而上。滚！宁晨转身就是一记暴喝，这记暴喝蕴含了一丝真气，形成肉眼可见的冲击波，一举将四海帮的混混震退，个人倒在地上，耳中同时的渗出鲜血，哀嚎不止，有的甚至当场昏死了过去。宁晨却始终平静的站在那里。王银花也捂住耳朵，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 幸好宁晨是背对他，不然他有可能会被直接震死。你，你你，郑阳离得最远，惊恐地指着宁晨，让你滚！听不懂？宁晨斜扫,扫了他一眼，走，走走走，快走！郑阳赶紧带着小弟逃跑，连那些昏迷的也都抬走了。谢谢陈哥，谢谢陈哥救命！王银花跪倒在宁晨面前，感激涕零。我以后就是你的女人了。滚！你想得美！宁晨怒骂，然后环视一圈，现在这里什么情况？白潇的那帮小弟呢？都。 都在医院，王银花弱弱的说道：“哦，那我走了。”宁晨转身就走。等等，陈哥！王银花突然想到什么，赶紧跑上来说道：“陈哥，要不您来接手白帮吧？咱们道上本来就是谁拳头大谁当老大。既然白潇被您杀，嗨嗨，他去世了，那您自然而然就是白帮的老大。名钻会所的股份我也双手奉上，您看怎么样？”不怎么样。走在美食街上，宁晨淡淡回应。王银花愕然。名钻会所是西城区的大夜店之一。 一晚上的流水好几十万，再加上大学城附近的几条美食街，不知惹得全青州多少帮派眼红。四海帮今天奔着抢名钻会所来的，宁晨却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王银花以为宁晨不懂，于是便阐述了一遍当帮派老大的好处。陈哥，只要您当上白帮老大，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动里面烧烤店了。王银花说到最后，太麻烦了。宁晨摇摇,摇头，我现在只想好好读书。王银花有点无语，读书读书以后一个月能挣一百万吗？要不你来当这个老大算了。 宁晨建议道：“啥？我当老大？”王银花愣住，他就一个女人，何德何能当白帮老大？手下小弟又怎么会服他？这家会所不是在你名下吗？顺便当个老大又没什么。”宁晨说道。这，王银花还有点犹豫。她篡改了白潇的遗嘱，名钻会所才落到他手上。但当老大这种事，她还真没想过。眼珠子一转，她有主意了。“陈哥，要不明钻会所我来经营，利润分你一半。但如果出了今天这样的事……” 你得来帮我，不然我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王银花楚楚可怜的说道。“都一把年纪了，还女孩子？”宁晨暗道好笑，嘴上却说：“随你，不过别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来叫我，我没空。”“真的吗，马晨哥，谢谢陈哥。”王银花连连鞠躬，觉得跟着宁晨这样的神人混，以后肯定有前途。随后，他拿到宁晨的联系方式，主动汇过来一笔款，整整三百万。这还只是名钻会所账面上一半的现金，可以想象白潇这些年在西城大学城附近横行霸道。 压榨商户究竟捞了多少黑心钱？除此之外，宁晨还交给王樱花一个奇怪的任务，帮他去岭南收购新鲜的鬼手青。他要吃，而且是天天吃。军训后没几天，青州大学便举办了运动会，临床二班变得格外热闹。宁晨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天来教室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就是埋头看小说。老师找他谈话，说他这样是毕不了业的，他也满口敷衍，从来不当回事。宁晨同学，你要报什么项目？ 一个穿着整洁的白衬衫、扎着丸子头的漂亮女生，拿着一张报名表走到宁晨面前。宁晨抬头，这个妹子叫张欣然，临床二班的班长。听方小胖和张大春说，她还是青州本地人，家境很优渥。报名？我没打算报名啊。宁晨对运动会一点兴趣都没有。第二十八章：石好汉、涂涛。不行！张欣然很强势说道：“辅导员规定，班里所有男生每人至少要报一个项目，连方涛都报了跳高，你也不能例外。”方涛就是方小胖。 一米的头去跳高，嗯，挺勇敢的。可是我真的没兴趣。宁晨嘴角流露出一丝苦涩，让他一个元婴期大修士参加校运会，万一不小心破了世界纪录，岂不是很麻烦？张欣然不死心，继续逼他。军训的时候你那么厉害，连教官都打败了，怎么叫你参加个运动会这么难？运动会也没俯卧撑这个项目啊。要是有，我就参加。宁晨说道。你张欣然气得直咬牙。算了吧，欣然，这种人就是典型的没有集体荣誉感，自私鬼一个。 这时，一个明显夹杂着讥讽的声音传来：“是副班长黎炫明。他长得高，皮肤白，性格又阳光，在班里很受女生们的欢迎。有他没他都一样。”黎炫明带着几个男生走过来，笑着道：“放心吧，欣然，我和我同寝，还有隔壁寝室的几个哥们都打好招呼了。临床二班的校运会名次有我麦捍卫。真能装逼。”旁边的方小胖低声对张大春说道。张大春则是好奇：宁晨做俯卧撑这么厉害，体能一定不差，怎么就不愿意参加校运会呢？ 明明是出风头的大好时机，谢谢你支持我的工作，炫明。张欣然朝黎炫明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又看向宁晨，目光明显带上一丝讨厌。这是辅导员的意思，每个人都要报名，你要是不报，我就去告诉辅导员。你咋这么烦呢？宁晨头都大了，行，那你随便帮我报一个吧，什么都行。好，那你到时候可别玩消失。张欣然说完就走了，回到座位上，他正犹豫帮宁晨报哪个力量型项目，黎炫明走了过来，拿起笔。 直接在一百米短跑一栏填上宁晨的名字。炫明，你这是？张欣然很惊讶，黎炫明为什么帮宁晨报一百米短跑？宁晨做俯卧撑那么厉害，明显是力量型和耐力型选手啊。他不是说随便报哪个都行吗？黎炫明耸耸肩。张欣然不愿得罪他，想了想，又在铅球一栏填上了宁晨的名字。宁晨当然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他看的小说接下来的剧情怎么发展。宁晨，又一道倩影斜香风而至。宁晨抬起头。 发现是苏婉婉，苏婉婉神情憔悴，眼睛也有点红，显然一宿没睡。宁晨，昨晚，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宁晨很坚定的说道：“我不信。”苏婉婉在宁晨身边坐下来，美目泛红，透着委屈，真叫一个我见犹怜。哦卖高的，方小胖听到这些，顿时脑洞大开，各种难以启齿的画面从脑海中浮现，对宁晨是羡慕嫉妒恨。传下去，宁晨昨晚把苏西花睡了。他转过头对张大春说道：“啥？” 张大春的下巴直接砸到了地上。宁晨，你这个杀千刀的人渣！黎炫明从室友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把课本都撕了。苏婉婉是医学系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她最近正琢磨着怎么追呢，没想到宁晨先下手为强了。这个禽兽！幸好苏婉婉并不知道白潇的死讯，不然宁晨就真的有点解释不清了。她是来道谢的，顺便讲了讲他们家的事。尽管宁晨并不感兴趣，最近团委有一个大学生创业扶持，我想开一家奶茶摊。聊到快下课的时候。 苏婉婉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妈妈太辛苦了，明年的学费我想自己赚。”不错，懂事。宁晨敷衍地翻过一页小说。那我以后每天带奶茶给你喝呀、啊。苏婉婉低下头，俏脸泛红，甜不拉几的，我不爱喝。宁晨又翻过一页小说，也可以做微甜的。苏婉婉小声说道。宁晨受不了了，他关上手机，正准备好好告诫苏婉婉一番，不要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咱们俩是不可能的。但话到嘴边，看见苏婉婉眼神中那楚楚可怜的期待。 他突然又有点不忍心，只好说：“你想带就带吧。”嗯，苏婉婉终于开心的笑了，一对灵眸弯得像月牙儿。上完一天的课，同学们都在讨论后天运动会的事。宁晨双手插兜，径直出了校园，去苏婉婉家吃饭。对了，李梅烧烤店现在已经变成了李梅饭店。白潇死后，再也没人敢来这里闹事。不过吃晚饭的时候，苏海超来了一趟，问李梅要钱，两个人在后厨吵了起来。苏婉婉低着头，轻轻啜泣着。宁晨轻轻一叹。 也没去管人家家里的闲事，只是随便安慰了几句。回到玫瑰园别墅，许舒妍和江棠都不在，家里漆黑一片。宁晨打开灯，发现一个脸上带疤的陌生男人坐在沙发上，正一脸玩味的看着他。喝茶吗？宁晨很平静地问道。啊！疤脸男愣住了，这小子什么情况？正常来说，家里忽然冒出一个陌生人，不是应该吓一大跳吗？不错的心理素质。疤脸男眯起眼睛，你劝你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要自讨苦吃。 宁晨去厨房给自己泡了一杯茶。呵呵，我屠涛纵横江湖十几年，可不是被吓大的。八脸男自曝来历。宁晨一脸漠然。你没听说过我？八脸男好奇的问。你很有名吗？宁晨倚着桌角，淡定喝茶。我乃十好汉之首，江北屠涛。八脸男呵斥道。哦。宁晨木然回答。你乃一大把年纪，还当十好汉之首，厉害厉害。找死！屠涛眼中寒光一闪，一拳朝宁晨打过来。这一拳。 呼呼作响，快若闪电，从客厅移动到厨房门口，十米的距离一瞬而过。涂涛是外境巅峰的实力，比铁脚七强倍，但眼前一花，宁晨却突然凭空消失了。涂涛一拳打空，大吃一惊，赶紧转过身。宁晨坐在沙发上，正吹着茶杯里的热气。我不管你叫涂涛，还是你奶叫涂涛，赶紧滚，不然我打死你！他淡淡威胁道。第二十九章校运会，好可怕的速度！涂涛显然没把这句威胁放在心上。 而是震惊，宁晨小小年纪，轻功居然练到这种程度，心里顿时有点没底。但任务完成不了，家主那边也没办法交代。这时恰逢许淑妍和姜糖手挽着手从外面逛街回来，涂涛透过客厅的落地窗看去，忽然咧嘴一笑：“他们是你女朋友吧，小子，艳福不浅嘛！但你今晚要是不跟我走一趟，我就把他们都杀了。你有武功，他们可没有，而且你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保护他们吧？嘿嘿。”宁晨捧着茶杯默默一叹：“他呀，最讨厌别人威胁他了。” 半分钟后，大力哥，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江棠打开家门，换上拖鞋，发现宁晨不在客厅，而是在院子里拿着铁锹铲土。大力哥，你在买什么呢？江棠好奇地跑过来。没什么，种了点菜。宁晨把土盖得严严实实的，还在上面踩了几脚。谁允许你种菜的？许书妍的声音传来。她今天打扮得很精致，小香风短裙搭配一字领上衣，露出性感而精致的锁骨，一对银杏叶耳坠更添了一抹风情。下身穿着牛仔短裤。 一路上不知惹得多少男性侧目回头。你在看什么？许舒妍发现宁晨在盯着她看，于是傲然抬手。原来这家伙喜欢看腿啊！那好办了，你今天挺漂亮的。宁晨认真的说道。哼，要你说。许舒妍转身撩发回客厅里去了。走的时候，他还稍微踮起一点脚尖，好让那双腿看起来更长。尽管他已经有一米七的傲人身高了。大力哥，舒妍买了很多水果，一起吃啊！江糖笑得很开心。好，你们先去。 宁晨招呼道：“嗯，快来啊！”江棠也跑走后，宁晨总算松了一口气。要是让许淑妍发现他在院子里埋了个人，估计会吓得当场心脏病发作。唯一目睹了全过程的，只有默默趴在狗屋里的黑龙。嘘！宁晨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把铁锹放回杂物间，就回去和二女一起吃水果、看电视了。许淑妍还挺纳闷，这家伙今天怎么这么老实？到了后半夜，宁晨本想把那人转移走，但转念一想，都埋了十几米深，应该不会暴露吧？于是。 他第二天去农贸市场买了点小青菜的种子，播撒在院子角落。只要自己不说，许淑妍和姜糖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运动会当天，清大体育场阳光明媚，人潮汹涌。苏婉婉真的给宁晨带了奶茶，是自制的那种，包装虽然不咋好看，但味道还不错，跟店里买的没两样。宁晨，味道怎么样？临床二班坐席中，苏婉婉坐在宁晨身边，一脸期待的看着他。一般般，不咋好喝。宁晨一口气吸了个精光，把空杯子放到一边。 苏婉婉露出一个灿烂而甜美的笑容，说道：“你肺活量好大！”正在他说话的时候，观众们不知何故沸腾了一阵，将“肺活量”三个字淹没。苏婉婉为了能让宁晨听清，在后面三个字上加重音量，于是恰好走过来的方小胖和张大春都听呆了。卧“我操！”宁晨、苏细花，你俩这也太奔放了吧！大白天就讨论这种话题。方小胖咽了口唾沫，“啊！”苏婉婉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滚蛋！”宁晨瞪了他俩一眼。 两个人坐下来，方小胖一脸羡慕的看着他，接着说道：“宁晨，我刚才看了一眼我们班的参赛表，你怎么参加了两个项目？两个项目？”宁晨皱了皱眉，也无所谓。看见苏婉婉一脸乖巧的坐在身边，他随口就问：“婉婉，你报名了没有？”“没有。”苏婉婉摇头，“我身体素质不好，从小到大。”“那你去帮我借个充电宝吧，我手机电不多了。”宁晨打断他的话：“好。”苏婉婉立即起身。班里其他人看见这一幕，都感到很气愤，这个宁晨。 居然把他们医学系的系花当做丫鬟呼来喝去，真是太过分了！苏婉婉，你别去！一个男生看不过去了，愤然起身，眼中带着心疼。他是没有腿吗？不会自己去借？宁晨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是副班长李炫明。自从军训的时候自己抢了他的风头，他就一直不爽。没事啊，我去一趟寝室，很快的。苏婉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绕过李炫明，一路小跑离开体育场坐席。马德！李炫明双拳紧攥。 望着苏婉婉那轻俏动人又略带匆忙的倩影，一股名为嫉妒的怒火油然而生。宁晨，你是不是救过苏细花的命？方小胖很认真的说道，不然他怎么又给你带奶茶，又帮你跑腿？你怎么知道？宁晨很意外的看了方小胖一眼，我还真救过他的命。周围学生一阵鄙夷，根本没人信。只有方小胖偷偷,偷做了个少儿不宜的手势，还冲宁晨挑挑眉。这么说，你俩真的已经？宁晨正想澄清，黎炫明忽然阴阳怪气的说道：“哎。” 苏西花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某些人估计是死缠烂打才把苏西花追到手的吧，真是卑鄙无耻。宁晨也学着他那种语气叹息道：“哎，某些人就算死缠烂打也追不到心目中的女神，真是可怜。<臭>”“操！”宁晨，你个人渣！你说谁可怜？黎炫明气得炸毛，指着他骂：“谁的号入座，我就说谁可怜喽。”宁晨头都没回一下，噗！方小胖和张大春都笑喷了。黎炫明现在这个样子确实是急了，尼玛！ 黎炫明脸都绿了，他赶紧解释道：“苏婉婉才不是我的女神，我的女神是艺术系的许淑妍。”哦，许淑妍啊！宁晨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心想：黎炫明这小子要是知道自己就和许淑妍住一起，不知道会不会气吐血。而在黎炫明报出许淑妍后，班里大多数男生都非常赞同地点点头。第三十章：男女之间就不能有点纯洁的友谊吗？许淑妍确实漂亮，刚入学一周便获封清大校花，甩了第二名一万多票。 苏婉婉虽然清纯动人，但颜值和许书言比还是差了一点。宁晨却知道，苏婉婉只是家境贫困，不爱打扮。若是换身衣服，做个头发，再稍微化个妆，未必比许书言差。没一会儿，苏婉婉从寝室取来充电宝，香额上细汗淋漓，交口气喘吁吁，连那乌黑柔亮的青丝都打湿了急流，显然是顶着烈日一路小跑过来的。谢了哈。宁晨随手接过，就给手机充起了电，也不问苏婉婉热不热，累不累。人渣呀！男生们在心里狂骂。 苏婉婉却一点都不介意，继续坐在宁晨身边，时不时的找他聊会儿天。不过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仿佛这样就已经足够。而在开幕式结束后，校运会便正式打响。宁晨的铅球比赛安排在上午十点半。参加铅球比赛的有四十多人，基本都是比较壮硕的学生，甚至有好几个身高在一米九以上的，膀大腰圆，满脸彪悍。宁晨属于那种脱衣有肉，穿衣显瘦的类型，放在一群肌肉男里面就被衬托的有点单薄。老张，你看那个妹子。 是不是校花榜第六的苏婉婉？苏婉婉，那个家里很穷的平民校花？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苏婉婉，尽管穿着朴素的高中旧校服，留着长长的头发，但丝毫不影响她被人注意到。张韵不假思索，大步走了过去：“学妹你好，我是大三千球社的社长张韵。”苏婉婉正和陪她过来的两个室友聊天，忽然被一个大块头近身，不免有些惊慌失措：“你你好，学妹，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能给我你的微信吗？”张韵尽量保持风度：“啊，这个。” 苏婉婉下意识地看向宁晨，宁晨好像一脸的无所谓。对不起，学长。苏婉婉婉拒。本以为张韵会和其他追求者一样知难而退，给个机会嘛，学妹。张韵双手叉腰，露出臂膀上结实的肌肉。说实话，学妹，你性格这么柔弱，应该找一个厉害的男朋友保护你，不然会有很多流氓骚扰你的。你不就是个流氓吗？方小胖在旁边嘀咕，但不敢太大声。学长，婉婉有男朋友了。这时，苏婉婉的室友徐荣丽看不下去了，毫不客气地指着宁晨。 就是他，他叫宁晨，学妹，他是你男朋友。张韵指着瘦不拉几的宁晨，一脸惊讶。苏婉婉低下头，心中对宁晨的漠视感到些许失望。宁晨，你还是不是男人？另一个女同学蒋颖瞪着他说道：“婉婉都被骚扰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为什么要有反应？”宁晨感到很纳闷，因为婉婉是你女朋友啊。蒋颖骂道：“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保护，你算什么男人？”莹莹，你别说了。他其实还不是。苏婉婉的声音很小，大家几乎没听到。 宁晨很无语，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苏婉婉是他女朋友？男女之间就不能有点纯洁的友谊吗？这个世界病了。张韵是情场老手，一看这种场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俩人八成是刚好上，还没公开呢。宁晨学弟，就你这副瘦不拉几的小身板，也敢来参加铅球比赛？你很勇吗？张韵一边嘲笑，一边伸手推向宁晨，想把他推个大跟头，让他丢脸。但宁晨就像是老树扎了根，任由那只粗糙大手在肩上施加力道。 岿然不动，你怎怎么可能？张韵发现自己根本推不动宁晨，脸都涨红了。我不信，张韵可是练铅球的，力量是同龄人的数倍，怎么可能推不动一个大一新生？只见他一沉腰，一用力，整只手掌都贴住宁晨胸口，但宁晨突然闪人，张韵因为惯性的缘故往前连跑好几步，本来也不会摔倒，可惜前者使坏，屈指一弹，一道无形无色的真气绊了张韵一下。哎呦！张韵咚的一声以脸着地，摔了个倒栽葱。 看，那不是铅球社的张韵吗？他在干嘛？很多人都看了过来，包括几个体育老师。宁晨一抬纸，只听撕了一声，张韵裤裆炸了线，一条美少女战士主题的短裤露了出来。噗，哈哈哈哈！围观师生们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方小胖和张大春笑得最大声。靠！张韵赶紧爬起来，借来一件外套系在腰间，咬牙切齿地瞪着宁晨：“臭小子，你敢阴我？学长，这才九月份呢、啊。” 你怎么就给大家拜年啊？宁晨微微笑道：“还有学长，你的风格很别致嘛，想不到一米九的大汉却喜欢女孩子家家的东西，啧啧，有点意思。”可恶！张韵下意识地捂住屁股，老脸涨成了茄子色。大庭广众之下，怪癖被曝光，他真是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尤其是看见苏婉婉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望着他，他更加想死了。臭小子，你给我等着！张韵都恨不得把宁晨生撕了。苏婉婉的两个闺蜜徐荣丽和蒋颖也都笑得肚子疼。 他却用一种很怀疑的眼神看着宁晨。没一会儿，铅球比赛开始，张韵的自信心也随之而来。我跟你们讲，在这所大学里，就没有人扔铅球能扔得过我。张韵很装逼的说道，还拿手拍拍胸脯。清大的铅球记录就是由我保持的，三年了还没人能打破。他故意说的很大声，好让苏婉婉那边也能听到。但苏婉婉不太感冒，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喜欢铅球，论观赏性远远不及短跑、篮球这些。只有我才能打破我的记录。张韵这句话刚吼完。 宁晨便站好身位，随手把铅球扔了出去。围观的师生们只见一道黑影从眼前飘过，铅球“咚”的一声便落到二十米开外的位置。糟了！宁晨暗道不妙，他没有控制好力道。第三十一章，一不小心打破全国纪录！我遭！我没看错吧？扔这么远！我刚才还想说他连背向滑步都不会，这这有十几米？不对，恐怕有二十米！不，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世界纪录也才二十多米啊！ 现场哗然一片，连当裁判们都傻眼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宁晨。张运看见铅球的落点，更是吓得怪叫一声：“卧槽，很快，成绩量出来了，二十一米四十一，破了全国纪录，世界纪录是二十三米十二。铅球的比赛场地陷入了死寂，一个大一新生破了全国铅球纪录，这让众人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哎，麻烦了，宁晨暗自叹息。身后不远处，苏婉婉却是带头鼓起了掌：“哇，好棒呀！” 徐荣丽、蒋颖都傻眼了，还有方小胖和张大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宁晨。我不信，我不信，球一定有问题！张运大吼着，失控一般冲向宁晨扔的那颗铅球。但无论他怎么检查，球都是标准的七点二六千克。这一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信仰都崩塌了。宁晨懒得再去打击他，转身就回了班里。他考虑过施展法术抹除围观众人的记忆，但那样就意味着浪费灵力，还是算了吧。铅球比赛的消息很快传开。 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大一新生能破了全国纪录，这不开玩笑吗？如果说国足，那万事皆有可能。但这是铅球，堂堂国家队要是连一个大学生都比不过，那还不如原地解散。李炫明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宁晨的嘲讽：这小子要是能破全国纪录，我特么把学校所有厕所里的屎都吃完！比赛没有录像，宁晨以为这件事能搪塞过去，不料一群老师很快就气势汹汹地找了过来。系主任刘威和辅导员王川都在里面，哪个是宁晨？ 秃头系主任过来就问：“报告刘主任，是他，他就是宁晨。”李炫明以为是来找宁晨麻烦的，马上指着宁晨大喊，跟打了鸡血似的。秃头系主任很惊讶：“就这小子，超全国纪录整整一米。”宁晨，辅导员和系主任来了。苏婉婉和方小胖他们赶紧提醒宁晨，不情不愿的起身。王辅导、刘主任，刚才的二十一米四十一是你扔的？一个气质严肃的中年男人走上前来，背负双手，满脸怀疑的打量着宁晨。是的。 宁晨知道现场那么多双眼睛看着，瞒是瞒不过去的。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中年男人问道。不是很清楚。宁晨两手一摊。宁晨，你态度端正点！辅导员王川急头白脸的训斥。这位是市体育局办公室的马副主任，今天立校指导，你赶紧实话实说。我不知道，这就是实话啊！宁晨眨了眨眼睛。马红有点无语，提出让宁晨再扔一次。宁晨哪里高兴跑，当场就拒绝。宁晨，你怎么回事？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哪儿那么多废话！王川不高兴了，呵斥道：“那你去扔吧，我懒。”宁晨干脆坐回原位。你王川差点没气死，这小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居然不给他这个辅导员面子！马红眉头紧锁，他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学生。临床二班哗然一片，连隔壁班，急都过来看热闹了。黎炫明马上就跳了出来，指着宁晨鼻子骂：“宁晨，你怎么跟王辅导说话的呢？我怎么跟王辅导说话，关你屁事！” 宁晨说话的时候都没看他一眼，可把他气得不轻。刚要开队，一老一小的身影出现，引发全场关注。呵呵，马副主任，别来无恙啊！宁晨听着声音有点耳熟，扭头一看，是老校长温月，还有他孙女温青兰也陪在身边。那就是大四的温青兰学姐，果然好漂亮。在场的大一新生们都是眼前一亮。温青兰今天穿着一套紧身运动服，将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展露无遗，再配上一张轻俏冷艳的脸蛋，实在让人有点挪不开眼睛。 方小胖和张大春和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温老，老校长，系主任刘威、辅导员王川和体育局的马红副主任则赶紧迎向温月，表情十分恭敬。尤其是马红，态度毕恭毕敬。在市体局办公室工作的他，能接触到许多社会资源，知道清大校长只是温月众多头衔中最不起眼的一个罢了。不等他说话，温月笑着开口：“马副主任，借一步说话。”马红岂敢不从？来到一边，老校长，你有何指示？ 马红问道：“宁晨不是一般的大学生，他是舞者。”温月直奔正题：“舞者。”马红瞳孔骤缩，他马上就懂了。温老，我记得鼓舞协会有明确规定，舞者不许参加世俗界的体育赛事，怎么这？马红又问：“宁晨这个孩子有些特殊，我回头再和你解释。”温老敷衍道：“行，温老，我明白了。”马红松掉一口气，舞者的话就能说得通了。舞者这个群体很可怕，说是一群超人也不为过。 哪怕奥运冠军也是里面垫底的存在。王川和刘威那边还在数落宁晨，说老校长都过来了，让他待会儿一定要配合，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宁晨挖了挖耳朵，好像把他们当空气。宁晨，你还是配合一点吧，不然我怕辅导员和系主任给你穿小鞋。身边的苏婉婉小声劝道，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他听说过不少学校给学生穿小鞋的事，要是不听话，一张毕业证能卡你半辈子。没事。宁晨一脸的无所谓，他本来就是混日子的。宁晨。 快站起来！系主任刘威小声呵斥道：“老校长和马副主任过来了。”哦，宁晨嘴上答应，身体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替换了辅导员王川，恨不得大耳瓜子抽死宁晨。学生不听管，系里肯定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将直接影响他的前途。想到这里，王川压低声音说道：“宁晨，你还想不想毕业了？”第三十二章鼓舞协会。随便。宁晨仍旧是一脸无所谓。你，王川还是头一次碰见这么刺头的新生。 气得脸红脖子粗。就在这时，温月和马红走了回来，王川和刘威急得满头大汗，恨不得一人一边把宁晨从座位上架起来。这小子竟然敢和辅导员、系主任作对，简直活得不耐烦了。黎炫明乐死了，他是不是真的不想毕业了？张欣然秀眉紧蹙。宁晨，这时温月威严的声音传来，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顿饭吧。温月语气带着一丝和蔼，围观众人头上都冒起一个问号。 老校长请一个新生吃饭，他们没听错吧？喂，爷爷在叫你呢。温青兰不悦地走到宁晨面前，目光却很快打量了苏婉婉一眼。好漂亮的女孩子，是这家伙的女朋友吗？他心中暗想。苏婉婉也赶紧推了推宁晨的胳膊，宁晨这才懒洋洋地回答：“吃什么呀，温老头？”刘威和王川他们差点一根头在地上。学生们全都张大嘴巴，还以为听错了。宁晨叫老校长，老头，他疯了！温青兰正要发作，温月摆摆手。 三食堂的清蒸鲈鱼不错，就吃这个吧。行，宁晨终于肯起身了，跟随温月野女离开。马红见状也道：“刘主任，局里还有点事，就不多留了。”刘威和王川赶紧去送，只留下一群呆若木鸡的学生们。他们不明白，宁晨这么不尊重老校长，老校长居然还请他吃午饭。老校长居然是这么随和的一个人。黎雪明心中暗震，他马上想到了最近很苦恼的一件事，倒是可以请老校长帮帮忙。三食堂，温月和宁晨坐下来。 温青兰负责去打餐，很新鲜的鲈鱼呀，吧唧吧唧。宁晨边吃边说，心中不由怀念起小南天界更加鲜美的灵里。现在除了吃，确实没有太多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了。温月笑了笑，也不着急动筷子。小友，你有外境大成的实力，身体素质连奥运冠军都甘拜下风，为什么会想去参加校运会呢？他问道。还能为什么？装逼呗。温青兰没好气的说。宁晨不理他，答道：我也不想参加的，可是我们班长和辅导员太烦了。 原来如此，温月苦涩一笑，下午我和你们系主任打个招呼吧。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真的，那就谢谢温老了。宁晨也笑了，然后用筷子指了指温月餐盘中的鲈鱼，你这个吃不吃？啊？温月愣了愣，然后将餐盘推给宁晨，你吃吧，我不饿。今天主要是想找你聊聊。太好了，宁晨毫不客气地接过来，大快朵颐，两大条鲈鱼外加一些蔬菜和米饭，宛如风卷残云一般进了他的嘴。喂。 你饿死鬼投胎啊！你吃了爷爷吃什么？温青兰无语死了，拍了一下桌子。没事没事，年轻人能吃是福。温月笑着摆摆手，然后问道：“小友，最近有没有什么人跟踪你？你是说段家的人吗？”宁晨边吃边说：“他们过来找你了。”温月眉头一沉：“呃，没。”宁晨摇摇头，把那个十好汉之首屠涛的事情隐瞒了下去。不应该啊！温月皱了皱眉：“段家人行事狠辣，有仇必报，不应该拖这么久。总之，小友最近要当心。” 段家不会轻易放过你的。知道了，知道了。宁晨很敷衍的说道。还有一件事，温月再次开口，表情带上几分严肃。小友知道鼓舞协会吧？不知道。宁晨很诚实的摇摇头。温家爷女俩都蒙圈了。你连舞协都不知道？温青兰怀疑宁晨是不是在耍他。新号新号新号吗？非要知道。宁晨纳闷了。温青兰无语。身为舞者不知道舞协，就相当于普通人不知道公安局一样离谱。很快，他把这个舞者世界势力最庞大的组织。 简单向宁晨介绍了一下。总之，武者不能参加任何世俗赛事，这是武协定下的规矩，你可以理解为武道界的律法。说到最后，温青兰一字一句的告诫：“我就参加个校运会，关他们什么事？”宁晨一脸不屑：“他们会把你抓起来，关进专门为武者量身打造的监狱。”温青兰冷冷的说道：“呵呵。”宁晨笑了：“你觉得我在开玩笑？”温青兰娇颜冷俏，十分认真的说道：“为了不让武者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武协的律法远比普通人的律法严苛得多。” 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到时候进去了，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青兰没有这么严重，温月摆摆手，校运会又不是奥运会，顶多就是一次警告。爷爷，青大可是您的管辖范围，万一这小子捅出什么篓子，被问责的还不是您？温青兰不满的说道，他总觉得爷爷对宁晨太纵容了，换了他直接把宁晨送去武管所改造，让他好好学点规矩。我吃饱了，宁晨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拿起餐盘起身。且慢，温月叫住他。 笑着从上衣兜取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名片，小友，这上面有我的号码，万一遇到什么棘手的事，记得打给我。宁晨扫了一眼，好家伙，这老头头衔还挺多，青州大学名誉校长，温和药业董事局副主席，鼓舞协会青州市分会常任理事，下面还有什么组织的研究员，什么协会的名誉顾问，看得宁晨眼睛都花了。行吧，宁晨很勉为其难的将温月的名片收下，然后拿起餐盘走向食堂到剩菜剩饭的地方。爷爷。 你干嘛这么给这臭小子面子？我看见他就来气，拽什么拽啊？温青兰很不爽宁晨的态度。十九岁外境大成，这还不够资格拽吗？温月苦笑道：“你才外境刚入门呢，至少还得苦年才能达到他这个境界。”第三十三章，许学妹，你听说过降维打击吗？爷爷，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啊？温青兰不高兴了，一反清药常态，撅起樱桃小嘴：“我以后会用功的，我一定会超过他。”难哦。温月望向宁晨的背影。 这个年轻人既不怕段家报复，又不把武邪放在眼里，究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有着什么底气？温老头。这时，一个男生走到餐桌边，笑呵呵的看向温月。温月愣了一下，身边的温青兰俏脸发寒，对他道：“你是谁？”温学姐你好，我叫黎炫明，是临床医学二班的副班长。今天找温老头是一点事情想报告。男生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温月，你好大的胆子！温青兰怒了，猛地一拍桌子。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两张餐盘被震得飞了起来，长长的桌子都摇摇欲坠。整间食堂一楼大厅，数百个学生都听到动静，转过头来。温温学姐，我就想找老校长提点建议，学校宿舍的空调老化得太严重，该该换了。黎炫明被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脸色煞白。即便是外境入门舞者的气势，也不是普通人能扛得住的。那你怎么叫温老头？温老头也是你叫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温青兰怒斥。 如果不是在学校食堂，他保证把这小子打出屎来。我听我们班的宁晨这样叫我，以为老校长喜欢。黎炫明支支吾吾的回答，然后快速从地上爬起来，九十度的鞠躬道歉：“对不起，老校长，对不起温学姐，我我我……别说了，把你们班辅导员叫过来。”温月也不是没脾气的。几个小时后，学校广播通报违纪处分：医学系临床二班副班长黎炫明对老校长不尊重，为了严肃校纪，教育本人，经校领导研究决定，给予黎炫明同学警告处分。 宁晨听到通报的时候还有点意外，黎炫明这小子看不出来，挺牛逼的呀。下午最热闹的比赛当属男子一百米短跑，半决赛最后一轮打响，宁晨分在第四道，以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向前跑去，最终斩获第二，有惊无险的挺进决赛。这时，一高一矮两个漂亮女生路过塑胶跑道，个子较矮的那个惊喜的指着宁晨喊道：“舒言，你看，那不是大力哥吗？”矮个女生是江糖，高个女生自然是许舒言。她瞥了宁晨一眼，颇感意外。 他居然能进决赛，想不到大力哥不仅力气大，速度还很快哦！江糖悄悄用肩膀撞了闺蜜一下，狡黠笑道：“舒言，你以后嫁给大力哥有福喽、哦！”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许舒言听出了江糖话里的话，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许学妹，突然，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从比赛场地那边跑过来，惊喜地看着许舒言。许舒言今天即便戴着遮阳帽和墨镜，一路走来，那双美腿也吸引了无数学生的注意力。邢旭飞更是一眼认出这双绝世美腿的主人。 你是谁？许淑妍半摘墨镜，扫了眼这个男生，便知又是一个凡人的追求者。男生愣了一下：“许学妹，我是邢旭飞啊，田径队的。前几天咱们还在食堂聊天来着。”“哦，是你啊。”许淑妍应了一声，脸上并无太多表情。她记性没这么差，只是单纯的不想搭理。谁知邢旭飞不知趣，仍旧笑着凑上来：“许学妹，决赛快开始了，要留下来看我比赛吗？”“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事。”许淑妍冷淡的表示。比赛就快开始了。 邢旭飞竭力挽留，赛道上的他是最帅的，他一定要让许舒言看见他健步如飞的身姿。这时，一些路过的学生认出了他，他就是田径队的邢旭飞，长得果然帅。听说邢学长从小就练短跑，现在是省队成员，还有希望升国家队，说不定以后能在奥运会上看见学长的身影呢。邢学长家里还是开公司的，超有钱的。不少大一学妹望见邢旭飞那英俊的侧颜，小脸都微微泛红，心里更是怀春，甚至有想上来要联系方式的。 但看见许书言和姜糖的姿色后，便知难而退了。许书言不必露脸，光凭那双白的发光的绝世美腿，便能秒杀他们。你这么出名、啊？许书言瞥了一眼邢旭飞，邢旭飞笑了笑：“校草而已，不提也罢。许学妹，还是留下来看我夺冠吧，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许书言冷哼一声：“比都没比呢，你就知道你能夺冠？”呵呵，邢旭飞又笑了，脸上写满了自信。在这所学校里，还没有人能在短跑项目上赢我，我就是绝对的王者。学妹，听说过降维打击吗？ 我是省队成员，参加校运会就属于降维打击。许书言雪碧环抱，半信半疑地道：“是不是真的呀？这么厉害？”学妹，我先过去了，等会儿你就会见识到什么叫降维打击。邢旭飞冲许书言一挑眉，一眨眼，差点没把他恶心坏。真能装逼！许书言摇,摇摇头，他最讨厌这种装逼男了。小唐，我们走。小唐，江糖不见了，一路小跑穿过塑胶跑道，出现在宁晨身后。大力哥，江糖从后面拍了宁晨肩膀一下。 巧笑倩兮的出现在他面前，嗨，小唐，你怎么来了？宁晨诧异的扭过头，习惯性的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脸上浮现笑意。你们看，那不是校花榜江糖吗？他竟然被一个男生摸头杀，是江糖男朋友吗？周围投来许多惊讶的目光，方小胖和张大春的下巴差点砸地上。大力哥，我跟你说啊，江糖踮起脚尖对宁晨耳语了几句，宁晨马上目光一亮，真的？江糖很认真的颔首，如假包换。行，没问题。 宁晨拍了拍胸脯，不就是冠军吗？我闭着眼睛拿的，真的吗？大力哥，你这么厉害！姜糖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充满惊喜。妹子，你就听他吹牛逼吧。第三十四章，年轻人真喜欢装逼。有两个大二男生的声音传过来，他们正在做赛前热身。百米短跑冠军肯定是大三的邢旭飞，这不用想的。你不垫底就不错了，还想夺冠，真是痴人说梦。两个男生满脸痴讽，有一种在姜糖面前显摆的意思。宁晨懒得搭理他们。 小唐，你跑来这里干什么？许书言追了过来，满脸不悦。恰逢比赛开始，十位选手走向跑道，体育场坐席上响起如山如海般的狂潮。舒言，我刚才跟大力哥说了一件事。江唐笑嘻嘻地道：“什么事？”许书言问：“那个，你听了可不能打我哦。”江唐目光有点害怕。“我打你干什么？”许书言不解。“我跟大力哥说，如果他能夺冠，舒言你就让他亲一下啊。”江唐还没说完，许书言便气愤地抬起手。 佯装要抽他，小唐，你太过分了！呜呜<我>，舒言说好的不打人，我可没说。砰！随着发令枪打响，十位参赛者如离弦之箭从原地进射而出。旭飞起步状态不错，稳了。某处坐席，几个校田径队的男生观赛聊天。这还用说？老邢肯定是第一。十个进决赛，八个都是咱们校田径队的，还有两个什么来头？没什么来头，纯粹就是没人了，滥竽充数的。这些体育生。 对于邢旭飞夺冠没有任何怀疑，省队成员参加校运会可不就是降维打击吗？许学妹在看我吗？邢旭飞本人甚至都没专心比赛，路过刚才和许淑妍碰头的地方，他还回头望月，果然看见了许淑妍和江糖。此刻，二女眼中带着深深的惊讶，一定是在惊讶我的速度吧？邢旭飞暗暗发笑，果然啊，只有赛场上的他才最有气魄。他已经在幻想，待会儿第一个撞线后，许淑妍和江糖脸红心跳的走向他，问他要联系方式。不对。 许学妹是校花，不可能这么不矜持，还是我主动点吧。邢旭飞正沉浸在美梦中，突然一道黑影从他身边一闪而过，带起的劲风刮起了他的头发。什么？邢旭飞看见那个跑到他前面的影子，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ad，不，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能超过我？加速，加速啊！邢旭飞卯足了劲，爆发出了生平最快的速度，想要追上那道身影，甚至扯着嗓子大喊起来。但换来的结果却、就是离那道身影越来越远。 赛前嘲讽宁晨的那两个大二男生也都瞪圆了眼珠子，其中一个还因为太吃惊，脚下不慎栽了一跟头。啊！大力哥好棒！舒言，你看见没有？大力哥是第一名哎！赛场边，姜棠又蹦又跳，为宁晨呐喊助威。许舒言也不可思议的瞪大美眸，这家伙居然跑得这么快，专门练过的吗？看，那是谁？居然比体育生跑得还快！我遭，甩邢旭飞好几米，牛逼啊！邢旭飞可是省队成员。 观众席上都沸腾了，数万师生们的目光随着宁晨一骑绝尘的身影飞快移动，直到冲过终点线，杀死比赛。十一秒十六，负责记录成绩的老师直接惊叫了出来，然后双手抱头：“卧槽，这这是国家队水平啊！他是谁？他到底是谁？”百米短跑的热度果然比铅球比赛高了太多，几乎现场每个人都在看。临床二班的同学们看见宁晨率先冲过终点，有尖叫的，也有懵逼的。冠军，陈哥是冠军！ 方小胖和张大春激动地抱在一起，他真的夺冠了！苏婉婉双手捂住脸，不敢相信自己刚才的幻想居然成真了，这不可能啊！黎炫明咬牙切齿，嫉妒的都快死了。想不到宁晨居然这么厉害！班长张欣然也瞪大美眸。很快，苏婉婉在好几个室友的陪同下，拿着一瓶水跑下看台去找宁晨，但就在快接近的时候，苏婉婉却逐渐停下了脚步，因为她看见有两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子正围着宁晨，其中有一个身材高挑。 皮肤雪白，美得好像仙女下凡。婉婉，他们是谁啊？室友蒋颖问道。不，不知道。苏婉婉摇摇头。好你个渣男宁晨，有婉婉了还勾搭别的妹子，不要脸！另一个室友徐荣丽撸起袖子便准备上前质问。荣丽，算了，我们其实不是情侣。苏婉婉拽住徐荣丽，摇摇头。啊！室友们大跌眼镜。苏婉婉拿着水，安静地看着宁晨和江糖、许淑妍聊天，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她身边的那两个女生。 真的好漂亮，是他的朋友吗？怪不得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苏婉婉忍不住把自己和许书言、江糖做了一下对比，于是他就自卑了。这份自卑更多来源于家境。许书言和江糖全身上下穿的加起来，估计不会低于一千块，实际上是几万。而自己一身地摊货。江糖阳光可爱的性格，许书言近乎完美和身材，都让他感到深深的自卑。而不远处还有另一个校花级妹子也在关注宁晨，不过却是带着深深的怒火。这家伙。 把我和爷爷的话当成耳旁风吗？参加铅球比赛也就算了，百米短跑这么多人看，他也敢参加，还跑出媲美国家队的水平，他是真不怕引来武协的调查吗？温青兰小脚跺地，决定一会儿好好找宁晨掰扯掰扯。而在看见宁晨身边站着两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生后，她便冷哼一声，原来是想泡妞啊！最惨的还要数邢旭飞了。他本来以为自己这个省队成员回大学比赛肯定是稳拿冠军，而且是吊打，但却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十分挫败的坐在地上。 望着万众瞩目的宁晨，满脸的怀疑人生。一个大一新生跑出媲美国家队的成绩，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清大校园、论坛、贴吧、空间，各种群聊到处刷屏，连校领导都惊动了。但随着温月打了几个电话，这场风波逐渐平和了下来。这位老校长坐在办公室里，悠悠一叹：“年轻人真是喜欢装逼啊！”哎，百米短跑后就没有宁晨的比赛了。他在临床二多个同学的注视下，径直离开体育场。 连班长张欣然想跟他搭句话都没机会。许书言，你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第三十五章桃花园大酒店。校园某条林荫小道上，宁晨很认真的看着许书言，什什么承诺啊？许书言故意装作不知道，俏脸泛起朵朵红云，娇艳如花。你别装，小唐都告诉我了。宁晨摇摇头，说实话，我已经忍很久了，忍很久。许书言美眸中掠过一丝异样，目光飞快瞥向别处，坚定的摇摇头，小唐开玩笑的。 你怎么还当真了？我肯定当真啊！宁晨义正言辞的说道：“你这几天早上做的东西能吃吗？咸的咸死，淡的淡死。反正我拿下冠军，你就再也不做早饭给我吃了。这可是你说的，不准反悔啊！”许淑妍听得一懵：“你说什么呢？”身边的江糖忍俊不禁，悄悄往后退了两步。许淑妍察觉到闺蜜的异样，脸上很快升起一抹羞愤的愠怒：“江，萧 <laughs>，唐，我跟你拼了啊！杀人了，大力哥救我呀、啊！” 宁晨这几天一直过得很痛苦，因为许淑妍不知是想报恩还是想锻炼厨艺，居然每天都做早饭给他吃。要是味道好，他自然愿意享用。但这妮子养尊处优十八年，十指不沾阳春水，做出来的东西那是给人吃的吗？端给狗狗都不吃。宁晨，你太过分了！许淑妍弄明白事情经过后，玉指指着宁晨，声音带着一丝哭腔：“你知不知道，就连我爹爹也没吃过我做的早餐。我要不是为了报恩，才不给你做呢。” 宁晨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点点头道：“幸好你没给许叔叔做，不然许叔叔至少要少活十年。”许淑妍差点没气晕过去。你，宁晨郑重表示：“嗯，你已经报完了，以后不要进厨房，真的实在是太难吃了。”宁晨，你混蛋！我讨厌死你了！许淑妍骂完，哭着跑走。大力哥，你这话说的过了吧？江糖在犹豫要不要追上去，还不是你闹的这出？宁晨斜了他一眼：“哎，你俩真是八字犯冲。”江糖无奈的摇摇头。 去追许书言了，宁晨也乐得清静，一路溜达去图书馆。为期两天的校运会很快结束，宁晨这个名字很快响彻校内校外，很多学生都猜测他是不是退役的国家二级运动员。奇怪的是，校方一直没找他麻烦，这个大新闻始终只在学生间流传。好不容易熬到周末，宁晨正准备宅在房间看一整天小说，不料一阵敲门声响起，乔静的声音传了进来：“小陈，在里面吗？乔姨啊，怎么了？快收拾一下。” 乔姨今天带你们出去吃饭。宁晨其实不怎么乐意出门，但听说要去青州最有名气的饭店，他便马上起来了。许淑妍和江糖也打扮收拾好了，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见他出来，许淑妍把精致雪白的俏脸一撇，似乎还在生气。小陈啊，你来青州半个月了，乔姨工作忙，还没好好请你吃顿饭呢。乔静苦笑道：“上次在洲际酒店，谁能想到会出那种事？哎，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宁晨一边穿衣服一边笑道：“对了，乔姨，最后那件事怎么说？” 目前还没问出来什么，职业杀手的嘴巴太紧了。乔静摇摇头，今天天气不错，不谈这个了，快收拾收拾，咱们出去吃饭。好咧。桃花源大酒店，青州本地最有名气的酒店，每晚都座无虚席，连大厅的座位往往都要提前一个月预定。徐景山也是动用了许家的关系，才勉强弄到一个包厢的座位。不过他今天中午要开会，就没有过来。奥迪 A 八一路北行，半小时后驶入青州的宝石山风景区。桃花源酒店就在宝石山脚下，这里大面积栽种着桃树。 桃花朵朵映人红，游客如织，赏心悦目。车子驶入饭店后，宁晨陡然间感应到了什么，一直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瞟向了外面的桃林。小唐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来桃花源酒店，我都感觉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心情也跟着好了。后座上传来许淑言的声音：“真的吗？淑言，你也有这种感觉？”江棠惊讶地道：“我也是哎，每次来桃花源都觉得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要不是这里离学校太远，我都想住在这里了。”乔静听见二女谈话，也是微微一笑。 桃花源集团成立，反客率屡创新高，主要就是因为酒店的环境。所有来过这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从喧嚣的城市闯入了一片世外桃源。曾有专业团队评测过桃花源酒店的空气质量，得出的结论是比五 A 级风景名胜区的空气质量还高。没有人知道桃花源集团是怎么办到的，这也是桃花源集团的股票一直涨个不停的原因。宁晨却是一进来就看出了端倪：巨灵镇这家酒店的地基居然是一座大型巨灵镇。宁晨怒犯惊讶，四处打量。 虽然是最粗浅的聚灵阵，但也确实能起到聚集灵气的作用，怪不得这家酒店这么火。天地灵气汇聚之处，往往是风水宝地，空气清新只是最基础的现象，灵气浓度再往上走，人的肉身都会发生蜕变，身强体壮，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甚至寿命都会延长。可惜这家酒店所使用的的聚灵阵地基还远远达不到能延寿的效果，顶多能让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客人身体健康。桃花源集团的幕后老板一定是位修炼者，宁晨心中暗想。 下车后，他跟着乔姨一路上到六楼。酒店内部的装修风格偏向于田园风，让人有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舒言一行人边走边聊，忽然一道惊喜的声音传来。许舒言扭头看去，发现竟然是陈志豪。宁晨也认出了这个他来青州踩过的第一个富二代。舒言，这要巧，你也来桃花源吃饭。哈，青州这么大，咱们还真是有缘。陈志豪很开心地抛下几个朋友，大步走过来，看见乔静也在，他赶忙打招呼：“乔阿姨好。” 我啊，是你。第三十六章，菜单上有的都上一遍。在发现宁晨也在场后，陈志豪差点抡起拳头就冲上去了。大半个月前，他被这小子摁、嗯、在鲫鱼汤里，差点淹死，这个仇他一直想报来着。小陈，你认识志豪？乔静皱了皱眉，问宁晨。陈志豪是舒言的高中同学，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他可不希望宁晨和这种人一起玩。见过一面，算不上认识。宁晨会如实回答。哦，乔静这才放下心。 乔阿姨，我在这里订了一个包厢，还请了几个朋友，要不要一起吃顿饭？陈志豪收起眼中的恼火，转而摆出一副笑脸。不用了，我们订好了包厢。乔静想都没想，直接拒绝，然后便带着宁晨三人离开。陈家和许家一样，做的都是房地产生意，交情只能算一般。他倒是从许景山口中听说过，陈耀祖、陈志豪这对父子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且还和道上的帮派牵连极深。陈志豪被拒绝后，有点尴尬，也有点失望。他还想趁机展示一下自己家里的财力。 好让许淑妍的母亲看看，顺便再打压一下这个叫宁晨的小杂碎。就在他以为今天没机会了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对不起，乔总，小刘是我们这儿新来的，工作太疏忽大意了，我代表酒店向你道歉。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在六楼一间包厢外面不停地向乔静道歉，旁边跟着一个前台妹子，脸色更是难看，因为他记混了牡丹间的预定，导致乔静和另一位客人同时抵达，但包厢只有一个。你们怎么回事？乔静很生气。 大声训斥道：“这么大的酒店犯这种低级错误，实在对不起，乔总，这都是我们的错。”中年经理和前台妹子的腰都鞠成九十度了，满脸歉意。中年经理试图挽回，说道：“乔总，要不您稍微等一会儿，作为补偿，您这餐我可以给你打对折，您看？谁稀罕你们打折？”许淑妍也很不开心：“我们许家差这点钱吗？你看不起谁呢？”“是,是是是是。”中年经理点头哈腰。江糖轻轻一叹，扭头望了宁晨一眼。 后者正望着走廊外面的风景，静静的在思考着什么。就在这时，四个穿的满身名牌的富二代有说有笑的朝这边走来，其中一个就是陈志豪。他看见包厢前的情况，先是一愣，然后猛拍大腿，喜不自胜。这个前台小妹真是帮了我大忙，等会儿吃完我一定要给她小费。哈哈，陈志豪心头暗喜，嘴上却说：“乔阿姨，要不咱们凑一桌算了，反正我们才四个人，也坐不满。”这，乔静打量了陈志豪和他的三个富二代朋友一眼，有些犹豫的看向许书言。 她就是市一中的校花许淑妍，什么市一中？人家现在是青大校花，你消息不行啊，老杨！怪不得志豪隔三在我们耳边念叨，这也太漂亮了，女神啊！三个富二代，一男二女，目光就没从许淑妍身上离开过，尤其是那个女生，早上化了三个小时的妆，许淑妍素颜就能秒她。这许淑妍也挺犹豫，她肯定是不想和陈志豪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但她已经心心念念桃花源的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很久了。这时。 他望了宁晨一眼，心想：宁晨不是和陈志豪有仇吗？何不借这个机会，好好让他出次丑，让他嘲，讽我做菜难吃。打定主意后，徐舒颜仰起头，对乔静笑道：“妈咪啊，快中午了，就在这里吃吧。我想吃他们家的醋鱼了。小唐，你觉得呢？”江糖马上应道：“我想吃油焖春笋。”那行吧。乔静点点头，便走进了包厢。她也没有说麻烦的话，毕竟自己也是花了好几万才订到这个包厢。下一次排队，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去。呼。 中年经理也松了口气，搞定了。陈志豪在后面攥紧拳头，又偷偷对他的三个狐朋狗友说：“尤娜，小星梁平跟在许淑妍后边那小子，你们看见没有？”三个富二代都点点头。怎么了？我跟那小子有仇。待会儿进去了，你们听我指挥，给我玩命踩他！老子今天要让他丢人丢到姥姥家！陈志豪恶狠狠地说道。三个富二代表示没有任何问题，踩人、打击人什么的，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走进牡丹间包厢。 一张足以坐下二十人的大桌子摆在里面，旁边还配有沙发、茶几、吸烟房以及两个卫生间。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一坐下，陈志豪便吆喝起来。两个身材不错的女服务员赶忙上前。陈志豪接过图书般精美的菜单，笑着交给乔静：“乔阿姨，您是长辈，您先点吧。”志豪，你太客气了。乔静笑了笑，心想：陈家这小子还挺有礼貌的嘛。乔阿姨，您随便点，今天这顿我请了。陈志豪拍拍胸脯：“不不。” 这怎么好意思？乔静想要拒绝，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就是我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陈志豪心中暗笑，嘴上却说：“没事儿，乔阿姨，您敞开了点。”话音刚落，宁晨的声音传了过来：“服务员，把菜单上有的都上一遍吧。”噗，许书言和姜糖正在漱口，差点一口喷出来。“你有病啊！”陈志豪瞪着宁晨，点那么多菜，吃得下吗？你放心，吃得下。宁晨斜了他一眼：“菜单上一百多道菜，你都吃得下？你是属猪的？” 几个富二代中的女生很嫌弃的瞥了宁晨一眼，她叫林尤娜，长相顶，化了妆也不过六分，穿着满身的 GI 包包也是限量款的爱马仕，乡巴佬吧，没吃过饭。人家让乔总敞开了点，和你说话了吗？笑死！另外两个叫杨小新和叶良平的富二代也开始讥讽宁晨，宁晨也不发作，只是静静看着他们四人。若是随意被几个纨绔挑拨情绪，他两千年的道行也是修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小陈是新号新号新号儿子。这时。 乔静突然发话，眼神寒冷：“你们几个说话小心点。”第三十七章八十二年的飞天茅台。一听这话，陈志豪他们迅速安静了下来，面面相觑。乔静是徐景山发妻，在青州也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近些年在徐景山的支持下，事业蒸蒸日上。等闲之人绝不敢招惹。这臭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能认乔静当干妈。陈志豪心里有点嫉妒。这么说来，宁晨和许书言就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或者姐弟，这尼玛很危险啊！ 乔静不会有撮合宁晨和许淑言的意思吧？而这时，只听乔静对宁晨说道：“小陈，想吃什么随便点，这顿乔姨来请好了。”说着，乔静还宠溺地用手抚了抚宁晨脑后。“乔阿姨，瞧您说的，刚才都说好了，我来请。”陈志豪站起身，宁晨却突然插嘴：“刚才说了呀，菜单上有的全上一遍，我都想尝尝。”你，陈志豪欲要发作，瞪着宁晨，乔静又瞪着他，他只好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劝宁晨道：“兄弟。” 不是我小气，这么多菜你吃不完，不是浪费吗？现在都在推行光盘行动，咱们要懂得勤俭节约呀、啊。勤俭节约？你在说屁呢！就你身上这件衣服，少说也得万八千吧。宁晨脸上浮过一丝笑意，没钱就别请客。我没钱。陈志豪指了指自己，当场从兜里掏出来钱包，取出一张黑卡，摔在桌子上。中商黑卡万额度，看见没？宁晨点点头，看见了。什么时候上菜？陈志豪瞪着他，有点咬牙切齿。好，既然你想吃。 今天看在乔阿姨和舒颜的面子上，我就请你一顿，但你别后悔。服务员把菜单上有的全上一遍。服务员早就听懵了，酒酒水也算上吗？当然算。宁晨笑嘻嘻的说：“你们这儿最贵的酒是什么？”服务员答道：“at。”宁晨大手一挥，上。陈志豪气的大骂：“尼玛！”宁晨露出疑惑之色：“怎么了，陈少爷掏不起钱啊？”陈志豪这一次没有再冲动。at，志豪哥哥，你是不是买不起这瓶酒啊？ 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江糖忽然开口了，一脸怀疑的看着陈志豪。可我刚才听舒言说，她想尝尝 AT。小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许舒言小声埋怨闺蜜。舒言有兴趣？陈志豪眼睛一亮，马上就对服务员说道：“让你们经理把那瓶 AT。”好的，好的，先生。服务员连连点头，转身出去了。这个冤大头，江糖心中暗笑。许舒言有点无语，这人怕是个傻子吧？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他们面面相觑。 都觉得陈志豪这顿饭真是大出血了，一百多道菜再加上一瓶 at，陈志豪的老爸却对他讲过，追许书言这种妹子一定要舍得花钱。许家本就是青州豪门，许书言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家里根本不缺钱，追这种超级白富美不下血本怎么行？乔阿姨，书言，我去看一下菜，失陪一下。陈志豪点完菜不久，便神神秘秘的出去了。宁晨从他眼中捕捉到了一丝忙碌，估计这小子打算使坏，于是也起身说道：乔姨，我去方便一下。 说罢，他走向包厢位，生间锁上门后，直接跳出窗外。借助真气，他稳稳当当站立在墙上，如履平地。如果有人看见这一幕，一定会张大嘴巴大喊“蜘蛛侠”。没走两步，凌晨便听到了陈志豪的声音：“陈少，又该请出我们的老戏骨来了。”“ <laughs> 王经理，包装都做好了吧？放心，一回生二回熟，包装上绝对看不出问题。我请专门的师傅做的。酒呢？不是专业品酒师，根本喝不出来的。那就好。” 一间办公室内，陈志豪笑得很欢。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瓶飞天茅台酒，外面裹着破破烂烂的棉纸。根据历史记载，国营茅台酒厂成立后，为了防止酒瓶的磨损，就采用了棉纸来进行包装。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为了能够让包装变得更加美观，茅台才开始采用了更加精美的包装盒用于外销。真正的 at，反正一般人也尝不出来，哈哈哈。陈志豪捧着手里的假酒，满脸笑容。包厢里的人以为他是大冤种，其实他精着呢。 等他回到包厢的时候，宁晨也恰好从卫生间走出来，不动声色地坐回位置。很快，一道道凉菜先端上来了：水晶鸭舌、金葱拌耳丝、尺汁鲍鱼，本帮最下，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许舒言和姜糖他们胃口大开，夹菜往嘴里送，直夸好吃。相比之下，宁晨的吃相就难看多了，直接端盘子起来吃，丝毫不顾及颜面，连乔静多感觉有点尴尬。饿死鬼投胎吧？没吃过饭吗？吃这么快也不怕噎死？ 和这种人坐在一起吃饭，太丢人了。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三个富二代都用非常嫌弃的眼神看着宁晨，宁晨也不理他们，自己吃自己的，反正也不用他掏钱。大力哥，你慢点吃，别噎着了。江糖关心的递过来一杯水，谢谢，噎不着。宁晨接过水来喝了一口，然后问陈志豪：“陈少，你那瓶 at 又不是给你喝的，你急个什么劲儿？”陈志豪瞥了他一眼，然后指了指桌上的一瓶白酒：“先喝这个吧。” 宁晨二话不说，伸手拿过酒瓶，打开瓶盖，直接就一仰头，对瓶吹了起来。我遭<糟>！在场众人都吓呆了，这可是五十三度的国窖，又不是啤酒，这小子是不是疯了？第三十八章桃花源酒店卖假酒。哇，大力哥好厉害！江棠兴奋地鼓起了掌，乔静则是赶紧伸手去抢酒瓶。小陈，你不要命了？快放下来！然而没两下，一瓶国窖就见了底。陈志豪、林游那四个富二代。 目瞪口呆的看着宁晨干完了一整瓶白酒，那可是一斤的量啊，一口气就干了。现在可以上茅台了吗？我还没解渴呢。宁晨擦了把嘴巴，笑眯眯地看着陈志豪。哎，地球上的酒果然没什么劲，喝起来跟水一样。他心中感慨。陈志豪难以置信地拿过酒瓶，用力晃荡了两下，发现真的空了。这小子的嗓子和胃是铁打的吗？他脑中蹦出一个疑问，但转念一想，不行，我堂堂陈家大少怎么能被一个乡巴佬给唬住了？兄弟。 好酒量啊！陈志豪佯装夸赞，竖起大拇指，然后笑道：“不过酒不是这么喝的，一瓶国窖也要一千多块钱呢、啊，你这喝的也太浪费了。”陈少迟迟不上茅台，该不会心里有鬼吧？宁晨忽然笑着说。陈志豪心脏咕咚跳动了一下，表面却很冷静，说道：“好，既然宁兄弟想喝，服务员那就上酒吧。”好的，陈少。服务员马上走了出去。不一会儿，那个中年经理走进包厢，手里抱着一瓶包着棉纸的老款茅台酒。陈少，乔总。 我来给你们上酒了。中年经理把酒放在桌子上，随手就撕开棉纸，露出里面的酒瓶。乔静平时应酬也比较多，扫了一眼就知道这瓶酒应该是真的。at 万算个毛，志豪一个星期的零花钱都不止这个数。志豪对许大小姐真是一往情深啊，我要是妹子肯定感动死了。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三个人当起了聊机，各种暗示陈志豪的付出。许淑妍却是暴毙冷笑，欧万就想打动本小姐的心，只要她不喜欢，就算是世界首富来了。 他也不会多看一眼。而这时，中年经理开始逐个倒酒，先是乔静，然后是许书言、陈志豪，最后才倒给宁晨，而且还没倒满。乔阿姨，以后我们陈家的生意还得靠您和许总多多照拂才是啊！这时，陈志豪笑着起身，先给乔静敬了一杯酒。志豪，你太客气了。乔静也不好意思拒绝，端起酒杯后，小小的抿了一口。乔阿姨，您感觉这酒怎么样？陈志豪坐下来，笑眯眯地问道。嗯，好酒，很醇厚。 乔静随口说了句：“他平时虽然喝酒多，但 at 安全过关。”陈志豪心底暗暗发笑，就连乔静这种经常应酬的人都尝不出真假。王经理果然造假的高手啊！心里这么想，他嘴上却哈哈大笑：“那当然了，多的酒肯定香，茅台就是越陈越香。”说着，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宁晨，宁晨已经干掉三杯了，眼中透着思索之色。这么好的酒给他喝糟蹋了，林尤娜冷笑道。陈志豪也是笑道：“宁兄弟，这么好的酒。” 估计你这辈子都没喝过吧，呵呵，这酒也不怎么好啊。宁晨放下酒杯，一脸嫌弃的咂巴几下嘴，不好喝。你一口气干了二两。杨小新嗤笑道：“土鳖就是土鳖，还嘴硬。”叶良平也是笑道：“大力哥。”江棠看见宁晨被几个富二代群嘲，心里挺不舒服。这家伙嘴笨，也不知道反驳几句。许淑妍心中暗想。乔静听不下去了，正欲开口，宁晨突然语出惊人：“陈少，你这酒我越喝越不对劲，怕不是假酒吧？” 陈志豪手里的筷子一抖，瞳孔明显收缩了一下。你说啥？姓林的，你有毛病吧？林尤娜满脸不悦，喝不明白就喝不明白，说什么假酒？你在搞笑吗？桃花源酒店可是青州本地最豪华的酒店，怎么可能卖假酒？杨小新笑了，真是土鳖一个。叶良平也紧跟在后面嘲讽。陈志豪面色阴沉，心想这乡下来的土鳖还挺厉害啊，居然能喝出这是假酒，连乔静都喝不出来。他和王经理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者上前笑道。 这位先生，您太会开玩笑了。我们这里的酒水都是假一赔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是吗？宁晨冷冷的扫了这个中年经理一眼，可这瓶茅台怎么喝也不像沉了四十年的样子，反倒是像近期新冠的。你，王经理眼神明显怔了一下，浮现些许的紧张。这位先生，您应该喝醉了吧呵？你看我像喝醉的样子吗？宁晨语气平淡，脸色没有一丝通红。小陈，不要乱说。这时，乔静也开口了，用眼神示意宁晨。 桃花源刚刚评选级酒店，不可能出现卖假酒的问题的。神经病！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三个人都是朝宁晨投来鄙夷的眼神。许淑妍也觉得他有点丢人，出声道：“好了，宁晨，你坐下吧。桃花源酒店怎么可能卖假酒啊？真是的。”唯独江糖用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宁晨，他想起上个星期在洲际酒店，当时宁晨也是这样力排众议，固执的说出蘑菇汤有毒，结果化验证实了他说的话。啪！就在这时。 陈志豪猛地一拍桌子，指着宁晨就骂：“姓宁的，老子好心好意，不计前嫌的请你吃饭，你非但不领情，还诬陷我卖假酒！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想吃，赶紧滚！”怒喝声在包厢内回荡，宁晨却笑了，伸手朝那瓶茅台酒拿去。王经理见状，大呼不妙，赶紧去抢。由于酒瓶就在他手边，他一下子就握在手里，然后笑道：“既然这位先生觉得酒有问题，那我们酒店也有义务检查一下。”说完，他就想走，不料宁晨摁住他的肩膀。 强行把酒瓶从他怀里抽出来，你干什么？还给我！王经理没想到宁晨力气这么大，按到坏了，拼命伸手去抢。第三十九章真相暴露，打空酒。宁晨，你耍什么酒疯呢？快放开王经理！陈志豪也意识到不对劲，赶紧挪开椅子过去帮忙。妈咪，你快劝劝他，我真是服了。许淑妍感觉宁晨很丢自己的人，以后再也不想和他一起出来吃饭了。就在这时，宁晨一脚把王经理踹开，左手握住酒瓶。 右手轻轻把标签撕了下来。操！见此一幕，王经理和陈志豪都跟死了爹一样，脸色煞白煞白的。乔姨，你再看看。宁晨随手把酒瓶抛向乔静，乔静满腹疑惑的接过来，扫了一眼原本标签覆盖的地方，立刻吃了一惊。这这是？妈咪，怎么了呀？乔阿姨，那是什么？许淑妍和江糖两个不懂酒的人也好奇的围观过来，还有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三个富二代。只见标签下面赫然有着一个针孔。 打孔酒，乔静一下子就反应过来。所谓打孔酒，就是先撕下针酒酒瓶上的标签，利用专业设备在瓶身上钻出针孔，将里面的针酒抽出，灌入其他价格便宜的酒，再将针孔堵上，并将标签贴上，然后冒充真茅台酒进行销售。一些无良饭店会利用针酒酒瓶重复进行售卖，绝大多数客人都喝不出来，就算尝出有一点不对劲，也不会说出来。王经理是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栽在一个毛头小子的手里。怎么会这样？这瓶居,居然是打孔酒，这…… 林尤娜、杨小新和叶良平三个富二代也被蒙在鼓里，他们刚才还一直夸这酒好喝来着呢，顿时就感觉被打脸了，还真的是假酒。许舒妍和江糖都感到不可思议，震惊看着宁晨，大力哥，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好厉害啊！江糖更崇拜宁晨了，你不会有透视眼吧？宁晨笑着摇摇头，我只是尝出酒味不对，试了一下，没想到上面还真有针孔。王经理，你刚才不是说你们桃花源酒店不可能卖假酒的吗？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上面这个针孔是怎么回事？宁晨指着酒瓶，总不可能是茅台酒厂生产出来的时候自己戳的吧？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王经理急得都快哭了。陈志豪的脸色也彻底黑了下来，装傻是吧？没事，我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来处理。相信调查一下你的人际关系网，很快就能查个水落石出，还你清白。宁晨笑眯眯的掏出手机，不不不不！王经理跑过来，猛地摁住宁晨的手，先生，我错了，是新号新号新号的。 求您不要报警，求求您了，不然我肯定要丢工作。扑通，他直接跪在了地上，眼泪汪汪的，这就承认了。宁晨感到索然无味，不过这个经理也真是昏了头，事情已经败露，现场这么多人看着，怎么也不可能瞒过去啊！真的是假酒？许淑妍一阵懵圈，难以置信地看着宁晨。几个富二代也说不出来话，谁能想到这个乡巴佬真的能喝出他们都喝不出来的假酒？这也太离谱了！很快，王经理当着众人的面将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太过分了！乔静当场就要报警。乔总，不要啊！王经理赶快跪在地上，他不想丢掉这份月的工作。一旦因为这种问题被桃花源酒店开除，他就彻底完蛋了。没有任何一家酒店再会招他。做出这种事，你以为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吗？乔静冷哼道。就在包厢里乱糟糟的时候，宁晨一抬手制止了乔静。乔姨，等会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他。宁晨一脸严肃，他是知道这瓶打孔酒。 是陈志豪故意买的，目的就是花最少的钱装最大的逼。陈志豪也有所警觉，直接掏出手机来报警。乔阿姨，您兄弟这种人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赶紧送里面吃牢饭吧！陈志豪，你个瘪犊子，这件事也有你的份儿，你别想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见对方这么无情无义，王经理也什么都不管了，直接把事情真相抖了出来。什么？全场震惊，连林游那三个富二代都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志豪。哼，狗急跳墙，开始乱咬人了。 陈志豪怎么可能承认，这是你逼的我的陈志豪？王经理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死定了，于是想拉个垫背的。他掏出手机播放了一段通话录音：“喂，王经理，你酒店那边还有没有茅台的存货啊？”这是陈志豪的声音。茅台当然有啊，不不，不是真茅台，是假的，你懂得，嘿嘿。你小子又打算坑人了？瞧你说的，这怎么能叫坑呢？我就是装个逼，反正也喝不坏他们。别说废话了，有还是没有？有，最近刚收了一批茅台瓶子。 at，at，at, 真六假的吗？嘿嘿，一千就够了。假的还要一千，王经理你不厚道啊！陈少，我也是要担风险的，好吗？一段段录音从手机里播放出来，陈志豪气得差点把牙齿咬碎。王浩，你个新号新号新号，竟然录音！他扑上去想抢手机，却被宁晨一把推开。看不出来，陈少这么勤俭持家，居然还懂得这种省钱小窍门。宁晨笑着道：“太恶心了。”许书言和江糖目录鄙夷，就连林尤娜。 杨小新他们都是受害者，因为今天陈志豪本来是打算请他们吃饭的，乔静一家是正好撞上，不在计划之内。陈志豪，想不到你是这种人，没钱就别请客，装什么大尾巴狼呢？小新、梁平，我们走。这种人连朋友都骗，以后咱们别跟他一起玩了。林尤娜扭头出了包厢，两个青年也十分鄙视这种行为，觉得很恶心，马上就走了。尤娜，小新，你们！陈志豪老脸涨得通红，咬牙切齿的瞪着宁晨，宁晨，老子跟你没完，你等着。 说完，他也走了。轰的一声，关上包厢大门，震得整层楼都在作响。第四十章，我不管，我当真了。喂，坤哥，有点事儿，请你帮忙。桃花源大酒店，对，你们在大门口等我就行。出包厢后，陈志豪给一个朋友打去电话，目光透着狠毒。宁晨，你个乡巴佬，今天老子要跟你算总账，你给我等着。此时的宁晨还在包厢里大快朵颐，可惜陈志豪没结账就跑了，这顿饭还是要由乔静来请客。不过没一会儿。 桃花源酒店的一个副总经理听说这件事，匆匆赶来，表示这顿饭他们酒店请了，希望乔静他们出去以后不要声张。乔静见这位副总经理认错态度诚恳，便答应了。至于那位王经理，已经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了。小陈，你吃了那么多，真的没有问题吗？从六楼下来，乔静很担心宁晨的身体，毕竟后者吃了差不多七八人份的食物，胃真的消化得了吗？放心吧，乔姨，我是大胃王，经常这样吃的，没事儿。宁晨笑着摆摆手，要不是怕把乔姨。 小唐他们吓着，他能把那一桌子菜吃空，怪不得大力哥力气这么大，也太能吃了吧？江糖笑嘻嘻地道：“一顿顶我半个月。”许书妍撇了撇小嘴，可能他是饭桶转世吧。嗯。刚出酒店大门，宁晨忽然感觉路边桃林之中投来几道狠毒的眼神，他目光一扫就看见了陈志豪那张脸。四<死>。宁晨突然摆出肚子疼的姿态，表情透出一丝痛苦。不好了，乔姨，我好像吃太多，要闹肚子。叫你不要吃那么多吧，快去快去，我们等你。 乔静赶紧招呼道：“许淑妍下意识的背过身去，生怕被宁晨的屁熏到。那小子怎么往酒店跑了？好像是闹肚子了。”陈志豪几个混社会的朋友小声交流道。他也赶紧对一个歪脖子、斗鸡眼的混混说道：“好机会啊，坤哥，咱们直接去厕所堵他吧。”怎么感觉这小子的背影有点熟悉呢？斗鸡眼混混皱着眉头，也没想太多，他便带着几个小弟跟着陈志豪进了桃花源酒店，一路跟踪宁晨，来到某个室外卫生间，见四下无人。 陈志豪直接砰的一脚爆开卫生间门，只见他左手抄着一根甩棍，恶狠狠地指着正在洗手的宁晨，姓宁的妈了个锤子，今天老子非弄死你不可！说着，个混混鱼贯而入，将宁晨团团围住。其中那个带头的斗鸡眼还叼着烟，拽的不行。但让陈志豪没想到的是，宁晨一点都不怕，只是抽出几张卫生纸擦了擦手，从镜子里瞄了他们几眼。就是你小子欺负我马坤的弟弟！我槽！斗鸡眼混混叼着烟走进来，一句话还没说完。 便看见了宁晨那张脸，吓得当场脸都白了。哟，熟人嘛！宁晨望着马坤，亲切的笑了起来。这个斗鸡眼混混不是别人，正是白潇手底下的马仔马坤。他那双斗鸡眼还是拜宁晨所赐。你认识坤哥？陈志豪愣了愣，下一秒让他更懵逼的事情发生了。马坤和他小弟吓得畏畏缩缩，不停的往后退去。陈陈哥，误会，都是误会啊！马坤笑得跟哭一样。我是来上厕所的。宁晨呵呵一笑。 上厕所你哆嗦什么？马坤正想说什么，陈志豪马上接话，一脸不高兴地道：“坤哥，你收了，答应帮我修理这小子。你现在在干什么呀？来修理我？马坤，你胆子挺大呀！”宁晨冷冷的笑了起来。白潇和杨凯死了，虽然白帮底层的这些马仔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死因，但新上任的女老大王樱花透露过，在西城区有一个人绝对不能招惹，那就是宁晨。也就是说，潇哥的死和眼前这个人脱不了干系，就是在给他马坤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招惹宁晨啊！我去新号新号新号，老子再让你胡说八道！马坤没有丝毫犹豫，跳起来对着陈志豪后脑勺就是一拳，直接把他捶得往前踉跄几步，一头扎进尿池。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马坤又对几个小弟说道：“给我捶他！”噼里啪啦！别打了，别打了！呜、哦、呜、哦哦！陈志豪直接被打哭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话都说不利索了。马坤这才掏出一盒烟，递给宁晨一支：“陈哥，今天真是个误会，哎，抽烟，烟就算了。” 我还是个学生，宁晨摆摆手，马坤悻悻一笑，把手抽了回来，心想这小子肯定有大背景，不然怎么能弄死肖哥？而这时，宁晨走到陈志豪身边，笑着道：“陈少，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宁少，宁少，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吧。”陈志豪跪在地上，捂着高高肿起来的腮帮子。“不是这个。”宁晨摇摇头，“你再好好想想。我”“我我不知道啊。”陈志豪一脸冤枉。“尼玛的！”马坤过来就是一脚，把陈志豪踹了个仰八叉。 赶紧给老子想！宁晨笑眯眯拦住马坤，又说：“陈少之前在包厢，你说要请客，结果装逼失败就跑了，一桌子的饭钱还是我结的，你懂我意思吧？”其实这顿饭酒店免单了。宁晨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想敲诈一波。我、哦，陈志豪听出了宁晨话里的意思，表情带上一丝难看。那顿饭他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啊，还不掏钱？马坤又是一脚，陈志豪脸上多了一只鞋印，赶紧就掏出手机，屈辱的说道：“宁少，多多少钱？” 我转你，宁晨笑眯眯的说，不多。陈志豪吓傻了，是什么？怎么会这么多？宁晨解释道，光菜钱就将近九万了，再加上你那瓶 at，陈志豪差点气哭。可那瓶是假酒，假的。宁晨脸色冷了下来，我不管，我当真了。第四十一章剑圣德川一郎，你妈废什么话？陈哥让你掏钱就掏钱，再墨迹打死你。马坤抬脚又想踹，陈志豪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认栽，把他饭钱转给了宁晨。 宁晨收了钱，又很奇怪的伸出手，在他脸上摸了摸，最后转身离开。陈志豪却是一脸歹毒，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喂，警察叔叔，我被人抢劫，还被人给打了，你们快来啊！”很快，几个民警气喘吁吁的赶来，看见陈志豪完好无损的站在那里，带头的民警很诧异的问道：“你就是陈志豪？”陈志豪点点头：“是我。”民警纳闷：“你不是说你被人给打了吗？”陈志豪指着自己的脸：“是啊，你们看不见吗？” 我脸都肿成这个样子了，疼死我了！几个民警顿时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小声道：“老张，我看这小子脑子有点不对劲，要不要联系七院？青州第七人民医院专门治神经病的。我”我遭！怎么会这样？陈志豪这时掏出手机，对着相机一照，发现他满脸的淤青和熊猫眼全部消失了。扑通！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满目茫然。市中心某处，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大门边立着一块巨石，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五字。 这里是鼓舞协会青州分会的总部，总部高楼顶部一间办公室内，副会长梁永志正在会见段家家主段荣。梁副会长，这小子还是个学生，就当众拧断我儿子一只脚，还废了我段家门客。要是等他毕业了，走上社会，那还得了？段荣正在蒋宁晨，满脸怒火，杀人放火估计都能做得出来。梁永志坐在椅子上喝茶，侧重点却和段荣不一样。十九岁外境大成，还废了铁脚七，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弟子，梁永志心中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批捕这个宁晨？万一要是惹到什么不敢惹的大佬，乌纱帽怕都保不住啊！老梁，您打算什么时候批捕这小子？段荣很着急，双手撑着桌子。据我所知，这小子不仅在公共场所出手打人，下手狠辣，还公然参加校运动会，并且破了全国纪录，引发社会舆论。这可是公然违反武协规定了啊！梁永志眉头一皱，有这种事？段荣冷哼道：“这小子就是有人教，没人管，咱们必须要替他的父母和师傅。” 好好管教一下他，不然早晚是个祸害。确实要留意一下了。晚点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梁永志说道。段荣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段家还没有牛逼到能命令武协的地步。这几天他也是联系不上涂涛，没有办法，才不顾颜面把这件事捅到武协里面来。对了，老梁，我听说晋国武师会有高层踏足国土了。段荣临走前忽然出声问：“哦，老段，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梁永志说着，眉头却皱得更深了。 不知道是哪一位，来我们华国干什么？段荣追问。晋国武士会是樱花国的一个强大组织，据说里面吸收了樱花国全境的强者，培养了上百位内境武者，化境大师都不在少数，甚至于传说中的武道宗师都有。这么说吧，晋国武士会随便派一个小喽啰过来，段家就没了。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你先回去吧。梁永志显然不可能把机密告诉段荣这个外人，一脸严肃他说：“宁晨的事，我明天就派几个督导员过去看看。”好，那就麻烦老梁你了。 段荣没有久留，很快就走了。哎，最近这是怎么了？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梁永志揉了揉太阳穴，晋国武士会的元老，被誉为顶梁柱的剑圣德川一郎，居然亲自来华国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希望他不要跑到青州来吧。下午，乔静带宁晨、许淑妍和江棠在市中心逛了一圈，买了一大堆东西，还看了电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乔伊躺在沙发上休息，许淑妍在洗澡，江棠在院子里陪黑龙玩，阵阵夹杂着犬吠的欢声笑语传来。 宁晨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现在的生活还挺美好的。地球虽然也有武者存在，但远远比不上小南天界危险。正在他感慨生活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了过来。呵呵，宁小友，这是温月的声音。温老头啊，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宁晨问。没什么大事，就是明天中午请你吃顿午饭，不知道小友赏不赏脸？温月笑着问道。有好吃的东西吗？没好吃的，我懒得跑。宁晨说道。啊、呃，那小友想吃什么？我让管家去准备。 温月苦笑着问：“你看着安排吧，山珍海味我来者不拒。”宁晨说道：“好，那明天九溪庄园中午十一点，我等小友来。”温月挂断了电话。江棠斗完了黑龙，汗淋淋的跑进来：“大力哥，跟谁打电话呢？”宁晨把手机揣进兜里：“没什么，一个老头要请我吃饭。”江棠纳闷了，问道：“老头，请你吃饭？”宁晨随口道：“我是神医吗？他请我治病。”江棠半信半疑地点点头。第二天九点多。 宁晨先用手机查了查这个九溪庄园的位置，发现还挺远，就打车过去了。他现在是越来越懒了。但他前脚刚走，一台白牌车便驶进玫瑰园。霍队、哦，是他，他就是宁晨。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穿着黑黄色制服，指着上了出租车的宁晨说道。副驾驶上还坐着一个年轻人，也是身穿黑黄制服。他拿出一张照片比对了一下，霍、哦、队，确实是他。跟上去。后座上坐着一个双臂环抱的魁梧男子，正在闭目养神。是。 一个小时后，出租车绕着美丽的西子湖，在玉皇山脚下的一座私人庄园前停了下来。第四十二章舞邪霍欧，这就是九溪庄园，青州十大豪宅之一，听说价值好几个亿，啧啧。出租车师傅露出满脸的羡慕，宁晨却不以为然，漫步走向大门。不过就是一座小小的世俗庄园罢了，和他们纯阳无极宫的山门完全没有可比性。早就有一个中年女管家在门外等着，得知宁晨就是老爷今天宴请的客人，女管家不由感到吃惊。 九溪庄园占地极大，走过长长的中央大道，他们进到一座六层大型住宅，里面的装潢中西合璧，创意十足，一看就是出自知名设计师之手。你来了，温青兰从客厅里走出来，上下打量宁晨一眼，心想他就这么空手来的，也不拎点东西什么的，哪怕稍微客气一下也好啊。嗯，宁晨看着这个学姐，只是点点头，都没拿正眼瞧她。温老头人呢？温青兰心头压抑着不悦，扭头就往二楼走去。哼，跟我来吧。宁晨跟了上去。 留下目瞪口呆的女管家和一些佣人。我没听错吧？那个年轻人刚才叫老爷温老头。这时，忽然有一个保安跑了进来。孙管家，又有人来了，还是武协的督导小队。什么？姓孙的女管家暗暗吃了一惊。老爷今天还邀请了武协的督导队，怎么没跟我讲？保安说道：“不是的，孙管家，那个姓霍的督导队长说他来找一个叫宁晨的人。”孙管家神色微惊。宁晨，二楼一间中式餐厅。 温月邀请宁晨坐下来，对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道：“小友，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八大菜系便都准备了一些，你觉得怎么样？还凑合吧。”宁晨直接大大方方地坐下来，用筷子夹一块佛跳墙里面的鲍鱼，塞进嘴里就咀嚼起来。温月没想到宁晨这么自来熟，尴尬的笑了笑。温青兰则是不悦，嘟囔道：“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嗯，味道还不错。宁晨又抓起一只八宝鸭的鸭腿啃了起来。温月笑着坐下来，和小友的口味就好。 哼，爷爷连夜动用关系，从青州各大酒店请来十几位大厨，又花了几十万，做出来的东西能不好吃吗？温青兰冷哼一声，她的吃相就比宁晨好看多了，用筷子夹着一碗翡翠豌豆，细嚼慢咽的。可宁晨似乎并没有把温月的付出放在心上，只是一个劲埋头吃吃喝喝，可把他气得够呛。温月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找宁晨聊天，试图套出他的背景关系。其实今天这顿饭只是单纯的为了增进感情。温月觉得宁晨是一只潜力股，但没一会儿。 餐厅大门便被重重推开，数名保安都拦不住闯入者。小周，怎么搞的？温月不悦的起身，却看见三个穿舞鞋制服的人，眉头立刻紧锁了起来。老爷，他他们是来找女管家上前望了宁晨一眼，温月大概看出了什么，丢下还在大快朵颐的宁晨，走上前去。你是霍欧，温老爷子有礼了。名叫霍欧的魁梧男子，双拳一抱，一股雄浑有力的气势从体内散发出来，把温青兰吓得不轻。外境巅峰。 温老爷子皱了皱眉，武协这些年发展真是越来越好了。一个小小的督导队长，居然都有外境巅峰的修为。温老爷子，他就是宁晨吧？霍欧行完礼后，指着还在桌上吃吃喝喝的宁晨说道：“我奉命把他带回去接受调查。”不行！温月坚定的摇摇头：“宁晨是我的客人，也是我的学生，我不能让你随随便便带走他。”老爷子，您这是想违反梁会长的决定吗？可别忘了，您是咱们分会的常任理事。”霍欧微笑的说道。 随手从兜里取出一张纸质的逮捕令，上面有着一个武邪的鲜红印章。at 温青兰一看这张逮捕令，就知道大事不妙了。这个家伙成天在外面惹是生非，跟他讲他还不听，果然惹上武邪了吧？活该！温青兰狠狠地瞪了宁晨一眼，见后者还吃个不停，他暗自神伤，摇摇头。霍督导还没吃饭吧？不如留下来吃顿便饭。这时温月试图转移话题：“不用了，我得赶紧把这小子带回去。”霍欧拿着逮捕令，淡淡的说道：“最近会里比较忙。” 说罢，他带着人大步走向宁晨。温月和温青兰对视一眼，后者能看出自己爷爷眼中的焦急，但逮捕令都下来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阻止武邪抓人？开什么玩笑！这可会出大事情的。吃完了吗？霍欧站在宁晨身边，也不着急动手。宁晨扫了他一眼，没鸟他。兔崽子！一个年轻的督导员见宁晨这么嚣张，都准备直接动手了。霍欧拦住他，直接亮出逮捕令，说道：“宁晨，零三年生人，祖籍东阳县。” 十九岁，目前就读于青州大学大一临床医学系。说完宁晨的基本信息，霍欧又把那张逮捕令伸过去。我是古舞协会青州分会督导二组的督导队队,队长霍欧，现在一律对你进行逮捕审讯。话音刚落，宁晨终于停下了进食，直起腰，接过那张逮捕令就擦起了嘴巴。你，霍欧瞪大眼睛，身后的两个武协督导员和温家爷女俩都惊呆了。撕了，撕了，撕了！擦完嘴巴，宁晨又随手撕掉逮捕令。 往霍欧脸上一扬，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张废纸。温青兰毫无形象的张大嘴巴，这人是疯了吗？连武邪逮捕令也敢撕？你好大的胆子！霍欧怒了，一巴掌拍在餐桌上，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整张红木餐桌从中间轰然炸裂，桌上放的菜噼里啪啦摔了一地，汤汁溅的到处都是，现场一片狼藉。宁晨脸色当场就黑了下来，老子干督导队还从没碰见过你这么嚣张的武者。 霍欧、哦、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吼道：“小吴、小李，把他给我拿下！”第四十三章，一顿暴打。是两个督导员一左一右朝宁晨走去，其中一个脸上带着谨慎和凝重，因为他们知道宁晨是外境大成的实力，比他们强上很多，真动起手来，他们肯定不是对手。另一个则很大胆，直接就拍在宁晨肩膀上做擒拿之势：“喂，跟我们走一趟。”在他看来，没有武者敢对鼓舞协会的督导组员出手，因为这是大不敬。 要罪加一等。然而，宁晨只是肩膀轻轻一抖，一股无形力道传递出去。这个督导员突然尖叫一声，手掌好像被无数钢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掌心已然血淋淋一片。你，督导员瞪大眼睛，你敢伤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真是烦人！再来，我可要动手了。听见这话，霍欧震怒，伸手就要抓向宁晨。疯了，真是疯了！温青兰吓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宁晨不仅敢撕武邪的逮捕令。 还敢对武协督导员动手？他这辈子几乎都毁了呀！砰！而此时，只见一道黑影当场横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到墙上。敢暴力拒捕，你找死啊！霍欧彻底怒了。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有外境大成的实力，所以也不敢大意，立刻使出看家绝学，一招八极拳中的上步顶肘，狠狠击中宁晨胸口。砰！一声闷响传来，那个较为谨慎的督导员立刻面露喜色。霍队练了三十多年八极拳，勇猛如虎。 中了一记顶肘，别说一个人，就是一头老虎也要受重伤。温月见状，也是内心一揪，仿佛能感受到宁晨体内那钻心的疼。但事实却和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宁晨用一种几乎看弱智的眼神看着霍欧：“你在干嘛？”霍欧的眼睛渐渐瞪大：“你……你没事？你……马德，最烦打扰我吃饭的人！”说完这话，宁晨当即一脚踹出，随后看了一眼满地已经不能吃的山珍海味，悠悠一叹。这个时候，温月才反应过来，一脸震撼地看着宁晨。 小友，你不是不是外境大成，他是外境巅峰，甚至可能是内境高手。温青兰也瞪大美眸，紧紧捂住樱桃小嘴，脑中震撼的无以复加。十九岁的内境，这可能吗？还不快滚！这时，宁晨对着那个呆愣愣站在原地的年轻督导员暴喝一声：“想进医院啊！”年轻督导员咽了口唾沫，没敢撂狠话，背上他的同伴狼狈逃走。小友，你太冲动了。温月走过来，他先挥了挥手，让佣人收拾残局。 然后一脸凝重对宁晨说道：“原本武邪只是想调查你一下，但你现在动手打了人，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下一次来的就不是督导队了，而是防暴队。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防暴队的人个个都是狠角色，带头的必然是内劲高手。”宁晨像没听见一样，扭头问那个女管家：“我还没吃饱，能再做点东西给我吃吗？”女管家愕然，转头看了看温月，见后者点头，他这才快步走向厨房准备食物去了。居然一点都不怕，难道他也是内劲高手？ 或者有内境高手做靠山。温月刚才是拿话试探宁晨，见他当成耳旁风，心里不由嘀咕起来。对了，他那个师傅瑶光上人，该不会是化境大师，甚至是一位宗师吧？他心头暗震。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宁晨的确不用害怕了，敢对督导队出手，也能解释得通了。武道宗师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一座城市万人，最多也就能出一个。鼓舞协会都要尽力拉拢。没一会儿，女管家回来了，告诉温月厨房食材不够了。 谁能想到家里请客吃饭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美食，宁晨也懒得多待，和温月闲侃几句后便是离去。而宁晨报答武协督导队的事，很快也传遍了圈子，引发轩然大波。梁永志听到这个消息，怒发冲冠，马上把秘书找了进来：“小胡，通知人手，立即逮捕这个学生！竟敢武力拒捕，我不管他身后是谁，他都要付出代价，不然武协威严何在？”话音刚落，一个电话打到了座机上，梁永志气愤的接起来，说了几句。 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里还拿着话筒。梁会长，您怎么了？秘书赶紧跑过来。来青州了，来青州了，来青州了！梁永志重复着这句话，脸色异常难看。该死，真该死啊！那个人怎么会来青州？他到底想干什么？梁会长，您说的是谁啊？秘书不解。堂堂青州武协分会的副会长，什么人物能把他吓成这样？樱花国剑圣德川一郎。梁永志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来。 离开九溪别墅后，宁晨晃悠回家，路过菜市场，他顺手买了几斤排骨，还去隔壁中药铺子抓了一些中药，晚上准备做个药膳。在小南天界生活这两千年来，除了道术、武学、阵法、医术，他还学了一身的厨艺，但他太懒了，很少亲自下厨。回家后，他一边炖着排骨，一边看小说，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忘记买大葱了。哎，自从元神受损后，我这脑子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了。宁晨揉了揉太阳穴，小唐。 帮我看一下火，我出去买两根大葱。出门前，他对着躺在沙发上正在和许书言双排打王者荣耀的姜糖说了一声：“好嘞，大力哥。”农贸市场，宁晨晃晃悠,悠悠走到一处菜摊前。老板，大葱怎么卖？六块钱一斤。老板是个很和善的胖子。来两根。宁晨拿起一根瞅了瞅。好嘞。老板随手挑了两根，正准备给他装袋。呃，等等，我不要了。宁晨往旁边菜摊一瞅，发现那边有山东的大葱，一米多长。 看着就带劲，哎，这小伙子说不要就不要了。胖老板很不快，把葱放了回去。第四十四章德川一郎与夜孤楼。宁晨来到拥有山东大葱的摊位上，正想问问多少钱一斤呢，突然摊位后的老板一翻白眼，当场晕了过去。宁晨头上冒出一个问号，随后附近的摊位老板和顾客们齐齐倒地昏厥了过去，场面十分诡异。扑通，扑通，扑通，倒地声不断传来。如果是普通人，肯定会吓得半死。 不过宁晨是何许人也？他马上就找到了凶手。菜市场顶棚上破了一个大洞，下面的承重钢梁上站着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身形瘦削，穿着和服，执武士刀。无形无色，如潮水一般的剑意从他体内扩散出来，任何接触到这股剑意的人都会瞬间昏厥。除了宁晨和站在他面前的一个青年，青年身上的剑伤足有几十处，但都不深也不致命，只是血流浃背，将他几乎染成了一个血人。 他半跪在钢梁上，气喘吁吁，鲜血不停地从伤口中涌出滴落。感受到了吗？夜孤楼老者平举长剑，淡漠的日语中夹杂着一丝恨意。寿男生前所受的痛苦，老夫要你一百倍偿还回来。哼，堂堂樱花国剑圣，居然远渡重洋，亲自来追杀我一个后辈。德川一郎，你也不怕消息传出去，让人笑掉大牙？青年冷哼道：“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德川一郎并不为之所动。该死，这老东西从滨海追杀我到青州。 始终没有下杀手，是在玩弄我吗？青年咬牙切齿，眼中布满求生的欲望。我叶孤楼今天要死在这种地方了吗？咦，那是怎么还有个没晕呢？生死之际，叶孤楼目光游离，却是发现了在摊位前思考的宁晨。他一时愣住。德川一郎明明使用了剑意，方圆数百米内应该不可能有意识清醒的东西。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付钱呢？要不拿两根偷偷摸摸离开，反正大葱又不值钱。宁晨暗暗想着。嗯。 上空的德川一郎也注意到了他，神情透着一丝困惑：怎么会这样？这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倒下！他运转目力，狠狠瞪了宁晨一眼，一股无形无色的精神冲击射出。即便是像叶孤楼这样的内劲高手，也无法承受他剑圣德川一郎的目力，会当场晕厥过去。但实际情况却和他想的天差地别。宁晨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还伸手拿了两根大葱，看样子是来买菜的。纳尼？德川一郎老眼瞪大，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个华国青年。 叶孤楼也懵逼了，这什么情况？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抵挡住德川一郎的可怕目力？要知道，这位樱花国剑圣可是当今世界一流势力晋国武士会的创始人、宗师，过来也只有被砍杀的份儿。好坚韧的精神力！德川一郎也不急着杀叶孤楼，反倒是对宁晨产生了兴趣。他将手中的武士刀一挥，一缕白色剑气斩落，只听“吃了”一声，菜摊像豆腐一样被切开，各种蔬菜散落一地，连钢筋水泥都被切开。 宁晨刚刚挑好的两根山东大葱也被一切两半，你有病吧？宁晨冲着德川一郎就是一顿臭骂：“你打你们的，没事切我菜干什么？”叶孤楼陷入了懵逼和沉默。正常人看见这种场面不是应该吓得手足无措吗？有意思。德川一郎嘴角勾起，对宁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朋友，快逃啊！这时，叶孤楼在上面发出警告：“去滨海叶家，让我爸帮我报仇。”宁晨懒得理会这两个人，他把手中被劈得稀烂的大葱扔掉。 又重新捡起一根完好的，咔嚓，白色剑气应声而至，将这根大葱也斩碎。宁晨额头爆突出一根青筋，缓缓抬头：“老头，新号新号新号，活的不耐烦了是吧？”哼，你到底是谁？德川一郎发出冷笑，直勾勾的盯着宁晨，用蹩脚的中文说道：“古舞协会就派你这么个小屁孩来送死吗？我就是来买菜的，没兴趣掺和你们的事。”宁晨深吸一口气：“如果你再敢劈我的葱，我就把你劈了，说到做到。”说罢，他再次弯腰。 捡起最后一根完好的大葱，唰，白色剑气再次袭来。他堂堂剑圣、宗师之上的存在，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屁孩吓住？你让我不劈，我就不劈，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我不光劈葱，我还要劈了你！抱着这样的心思，德川一郎也不打算继续和宁晨这种炮灰纠缠，这一剑就是要把他连人带葱一起斩杀，狠狠震慑鼓舞协会。但下一秒，宁晨却诡异的消失了。堂堂剑圣的一剑，居然斩空了！纳尼<你>？德川一郎大惊失色。 赶快聚精会神，意识力横扫四方，搜寻宁晨的方位，在后面。他猛地转过身，果然看见了宁晨。这个脸上还透着一丝稚嫩的华国青年，以大葱为剑，脸色冰冷至极。不好！德川一郎心脏剧烈跳动起来。高手，他看走眼了，这个青年和他一样，是宗师之上的高手。阴险的古舞协会！德川一郎发出怒吼，刚把武士刀横起来，大葱便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打在他的脖子上。接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德川一郎的人头竟扑哧一声冲天飞起，大葱横扫而过，带起喷泉般的血柱。樱花国剑圣被消手了。叶孤楼望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宁晨却已经落地，满脸嫌弃地看着德川一郎下坠的尸体，嘀咕道：“真尼玛犯贱！”丢掉杀过人的大葱，他跑去别的摊位拿了一根，然后顺手又拿了几颗冬笋，这才慢悠悠往菜市场外面走。直到此时，叶孤楼才回过神，他双手抱头，向外撕扯自己的头发。死了，剑圣德川一郎。 死了，被一颗大葱斩首。等等，叶孤楼急忙从上空跃下，落到宁晨身边，用一种复杂而震撼的眼神看着他。前前辈，您有事吗？宁晨扫了他一眼，扑通，叶孤楼直接跪在地上，抱拳道：“请前辈收我为徒。”第四十五章，古武界震动。我不收徒的。宁晨扭头就走。请前辈务必收下我。叶孤楼又绕到宁晨前面，无比诚挚的说道：“让开！”宁晨脸上透出不耐烦，故意说道。 你要是个妹子，我还可以考虑考虑，男的就算了。前辈，叶孤楼咬了咬牙，我也可以女装的。宁晨，叶孤楼又一咬牙，实在不行，我、呃……后面的话没说完，他感觉有人在他后脖梗上摁了一下，他就晕了过去。昏迷前，他只看见一个拎着塑料袋的人大步出了菜市场。想不到地球上还有筑基期修士，倒是挺意外。回家的路上，宁晨特地绕开监控。没错，刚才那个耍剑的樱花国老头是一个筑基期小修士。 虽说含了点水分，但确实已经筑基，实力远超普通修士。不过在他这个元婴期老怪面前，还是不够看，远远不够看，甚至都不需要动用灵气，就凭真气就可以秒杀。希望不要把我卷进这件事里。宁晨默默祈祷，他只想安安静静混日子。回家后，他把大葱切断，扔进煮锅，慢慢等待排骨煮熟。许淑妍和江糖在客厅里打王者荣耀，他们好像最近特别迷这个游戏。而此时，古武界正发生着世纪大地震。 晋国武士会老祖级的存在，剑圣德川一郎死了，在华国江南境内被人一剑斩首。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就是假的。德川一郎有宗师之上的修为，一身剑术为出神入化，曾在海中斩杀一头发狂巨鲸，于是被世人尊称为剑圣。晋国武士会因为有他，才能跻身全球一流势力。即便放在卧虎盘龙的华国，德川一郎都能横扫众多强者。然而，当一张身首分离的血腥照片被曝光在鼓舞论坛，所有人都震惊。 真是德川一郎，樱花国剑圣死了，这图怕不是 P 的吧？不是 P 的，江南武协总部刚刚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德川一郎确实栽了，听说还是死在青州一家菜市场里面。德川一郎的宝贝徒弟被叶家少主杀了，他不是来报仇的吗？谁能杀他？一定是武协的总会长出手了。总会长，我遭，怪不得。古武论坛是一个专业武道论坛，用户必须是注册在籍的武者，自建站以来还从未这么热闹过。德川一郎的死。 炸出了众多潜水党，大家津津有味的讨论着这位樱花国剑圣死亡的真相。因为宁晨亲自下厨的缘故，保姆晚上没有过来做饭。嗯，哦、太香了，太好吃了。江糖吃着碗里热腾腾的排骨，舌头都快咬掉了。大力哥，你这排骨到底怎么做的？看着挺清淡，但为什么吃起来这么香？喜欢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宁晨笑着道，眼中有一丝淡淡的宠溺。由三十二味中药调制出来的药膳，那味道能差得了吗？也就是他比较懒。 不然高低搞一个华国食神当当的，小唐你矜持点，搞得像没吃过排骨似的。相比于姜糖的狼吞虎咽，许书言就体现出了良好的素养，细嚼慢咽，慢条斯理。他其实也觉得这个排骨炖的很好吃，肉一点都不柴，还透着一种淡淡的药香，尤其是汤汁鲜香十足。但他就是不说。对了，大力哥，你打王者吗？姜糖吃完一大碗，又去厨房盛了一碗，然后冷不丁的问宁晨：“不怎么打，怎么宁晨随口回答：“他初中沉迷 dota。” 高中沉迷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倒真没怎么玩过。不过近些年真是越来越火了。你下载一个，一起玩吧。我和舒言都是星耀段位，可以带你。江糖笑嘻嘻地说。许舒言蹙了蹙眉，本想说宁晨又不会玩，干嘛拉来坑他们？但一想到吃人嘴短，他就没有多说什么。宁晨闲着也没事儿，便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王者荣耀，然后和许舒言、江糖开始一下午的三排。刚开始，宁晨确实不会玩，连坑了二女好几局。不过元婴期修士的思维何等敏捷。 后便轻松上手了这个游戏。到了晚上，他的段位就已经从青铜提升到了钻石，而且已经反过来带二女上分了。大力哥，你骗我！在宁晨拿下以后，江糖愤愤地扔掉手机，挥舞小拳头：“你明明这么厉害，为什么说没玩过？”“我真没玩过。”宁晨嘴角流露出一抹苦笑。不过这游戏确实很简单，你就装吧。许淑妍哪里肯信他的鬼话？王者荣耀上手难度确实不高，但哪有人一个下午就能变得这么厉害，甚至还拿？ 要知道，他打了两千多局都没拿过一呢，你们不信算了。宁晨耸耸肩，又问道：“还来不来？”他突然觉得偶尔打打游戏也不错，总是看小说容易腻。来，许书言很肯定的说道：“虽然宁晨耍他让他很不爽，但只要能上分，管他呢。”三天后，白云山滨海叶家，叶家是滨海势力最大的家族，几乎没有之一。放眼整个华国，也是顶尖武道世家。今天，一行身穿武协制服的人。 气势汹汹的在白云山庄内穿梭，最后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门前。家主，我我们拦不住。几个叶家护院很羞愧的低下头。叶家家主负手挡在楼阁前，眉头暗皱。叶家主带头的武协人员是出头的壮汉，身高一米九多，眉目不怒自威。我们来自最高总部，奉长老会之命调查德川一郎的死因。据悉，令郎叶孤楼可能知道一些消息，请让我们见一见他。一位温婉美妇从楼阁中走出，对叶家家主道。 小楼才刚醒，需要休息，让这帮人明天再来吧。夫人，事关重大，请让我们见一见叶少。带头人语气紧迫。第四十六章，想要拜师的叶孤楼。好吧，叶家家主想了想，你们跟我来。多谢通融。一群武邪精英鱼贯而入，很快就来到三楼。叶孤楼浑身缠满了绷带，躺在床上，脸色异常惨白。面对众人的质询，叶孤楼只艰难地吐出两个字：侠魁。侠魁现世了。 武邪带头人瞳孔骤缩，激动的上前问道：“叶少，请多透露一些，侠魁他如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叶孤楼摇摇头，一字一句的说道：“他杀杀了德川一郎就走了，没和我说话。”武邪带头人很失望，又盘问了几句后，这才离开。前脚刚走，叶孤楼便从床上坐起身。原来他伤的并没有网上传的那么严重。看见自己老爹从外面进来，他问道：“爸，他们走了？”“嗯。”叶家家主点点头。 然后一脸复杂的坐在床上，小楼，你刚才说的太离奇了，会不会是你做的噩梦？不是，一定不是。叶孤楼摇,摇摇头，杀死剑圣德川一郎的不是武邪创始人侠魁，而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人。哥，你一定是糊涂了。一个容颜清丽绝世的少女担忧的说道：“比你还年轻，那岂不是二十出头？德川一郎可是武王境的强者啊，整个华国都没有几个武王境，这么恐怖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被一个二十岁的人杀死？爸，还是再请几个医生来家里。” 帮哥检查一下脑子吧。叶家家主点点头，确实是要好好检查一下。那不是梦，那绝对不是梦。叶孤楼如此坚信。待父亲和妹妹离开后，他找到手机，给一个狐朋狗友拨去电话。喂，叶少，你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稀罕事啊！电话那边很嘈杂，似乎是在酒吧。勤奋，帮我查个人，查到了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什么人啊？男的女的？值得你叶家大少这么激动？名叫勤奋的青年很惊讶地说道：“少废话。” 我现在把我掌握的资料发给你，你马上去办。是是是，叶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挂断电话，叶孤楼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恨不得马上就见到那个比他还年轻、实力却强的没边的家伙，然后想方设法拜他为师。一连几天，宁晨白天上课，晚上回别墅和许书言、江棠开黑打王者，日子过得还挺悠闲。让他感到诧异的是，在他打了霍欧之后，鼓舞协会一直没来找他麻烦。嗯，这样挺好。上王银花忽然发来消息。 说他去了一趟岭南，专门帮他采购了一大批鬼手青，这种剧毒蘑菇，岭南当地人都不敢碰，因为毒性极难去除，就算煮的透熟，也难保不会出问题，所以价格并不贵，钱基本上都花在运费上了。陈哥，我已经和岭南那边的一家物流公司谈好了合作，您如果需要，我每个月都让他们运来一些，您看可以吗？名钻会所某间办公室内，王银花笑着给宁晨端上来一杯茶。嗯，有劳了。宁晨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然后弯下腰，敞开蛇皮袋的袋口。 直接伸手就拿起了一颗白森森的鬼手青，陈哥当心啊！王银花不知道宁晨是百毒不侵之体，赶紧拦住他。门边的两个小弟也看得眼皮直跳。不料宁晨直接把这颗毒蘑菇往嘴边凑，一口就咬下他的伞帽，津津有味地尝了起来。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王银花转身对着两个小弟喊道。宁晨摆摆手，不用了，我没事。陈哥，你你真没事？王银花有点难以置信。 负责帮他采购鬼手青的岭南老板再三嘱托过，鬼手青哪怕煮熟了都不能直接吃，必须经过层层加工，更不要说生吃了。但宁晨始终脸色如常，细嚼慢咽一会儿后，睁开了一双惊喜的眼睛，果然含有灵气。什么？王银花没听明白。每个月帮我拉一车过来。宁晨拎起地上的蛇皮袋，丢下这句话就直接走人了。王银花有点懵圈，他不明白为什么宁晨吃剧毒蘑菇一点事情都没有，明明岭南本地人都谈之色变、啊 岭南出产的毒蘑菇，居然还有一丝微弱的灵气。看来有空我得去一趟岭南。离开名钻会所后，宁晨默默想到，虽然鬼手清中的灵气浓度还是低得可怜，但总比没有好。说不定在岭南这块风水宝地，他能找到对伤势有帮助的药材。回家的路上，宁晨又抓了一些药材，轻轻松松就驱除了鬼手青的毒性，加上老母鸡一起炖出来的汤，好喝的姜糖和许淑妍差点把舌头吞下去。他怕二女偷吃，还特地嘱咐过放在厨房杂物间里的鬼手青的毒性。 让他们不要随便偷吃，毒死了他不管。不知不觉的，许书言也渐渐接受了宁晨的存在。从一开始的厌恶，每晚必锁门，还扔他买回来的食材，到心平气和的吃他做的饭，每晚三人开黑打王者，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许书言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日子一天天过着，鼓舞协会始终没来找宁晨麻烦，是因为他们最近碰上了一件大事。青州分会的所有人手都被派出去调查剑圣德川一郎的死因，根本腾不出时间来管他。温月却总觉得不放心。 无论宁晨背后有没有一位宗师撑腰，和青州武邪交恶总归不是好事。这个时候，身为常任理事的他便起了调解的心思。这天，宁晨正和方小胖、张大春在食堂吃饭，忽然一道带着幽香的倩影站在了他身边。宁晨，你跟我来一趟，爷爷要见你。是温青兰。不知为何，温青兰明知宁晨比他实力高很多，但就是不服他，语气也很不客气。喂，宁晨，温学姐叫你呢。方小胖用手肘捅了捅宁晨，小声提醒道。 哦，宁晨不以为然，抬头对温青兰说道：“我菜快吃完了，帮我再打点过来。”温青兰攥了攥粉拳，恨不得抄起不锈钢饭盘盖在宁晨头上，但这种事情他也只有想想的份儿。宁晨可是外境巅峰的天才，连武协的督导员霍欧都打败了，一根指头都能捏死他。好，你等着。就在周围学生都在讨论脾气火爆的温青兰会不会抽宁晨一耳光的时候，前者居然扭头走向了食堂打菜口。第四十七章侠魁。 我只听说过花魁。午饭过后，宁晨跟随温青兰来到行政楼的校长办公室。温月正坐在里面泡茶，看见宁晨过来，他赶紧起身，笑呵呵地迎上来：“小友，坐。”温老头，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我最近有点忙。”宁晨坐在沙发上，哦，不知道小友最近在忙什么？温月好奇地问道。他以为宁晨忙着修炼什么绝世武功，结果后者从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打起了游戏。T I，<爱>清脆的声音从手机里发出。 温青兰瞥了一眼，冷哼道：“合着你就忙着打王者，怎么不行啊？”宁晨没抬头，两根大拇指不停的在屏幕上滑动。温月苦涩一笑，说道：“小友啊，游戏能不能先放下？我找你来是有要紧事谈。”宁晨头也不抬：“我这也是要紧的事，你说你的呗。”温月无奈的摇摇头：“还是上次的事，你打了武协的督导队，武协不可能善罢甘休的。小友，你下午有没有空？我带你去一趟青州武协的总部，你当面跟梁会长道个歉吧，我帮你说两句好话。” 梁会长应该不会太为难你一个学生。宁晨摇摇头，懒得去。武邪来找就来找呗，我又不怕，大不了把那个防暴队也揍一顿。温青兰嘴角抽搐了一下，疯了吧，揍防暴队？小友，你听我一句劝，年轻人不要锋芒毕露，要懂得收敛。温月苦口婆心的劝道：“你想啊，武邪这么大个组织，源源不断的派人来找你，烦都能烦死你。而且你还有父母吧？”说的也对。宁晨转念一想，那我道个歉，他们就能放过我了。能的。 能的，温月连连保证。他敏锐的发现，这个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最怕麻烦。那我就去道个歉好了。宁晨捧着手机，无所谓的说道：“不过要先等我把这一局打完，我不能坑队友。”温月、温青兰也是彻底无语了。刚才还说要做防暴队呢，这就要道歉了。这小子到底有没有一点身为武者的骨气啊？喂！十分钟后，宁晨望着屏幕上大大的胜利，会心一笑，终于跟着温家爷女俩出去了。市中心某处。 青州武协总部副会长梁永志正在主持会议，听到温月把宁晨带来了，略微吃了一惊，让他们在接待室等着。梁永志决定先晾这小子一会儿，磨磨他的性子。是梁会长，小秘书领命告退。这一晾就是三个小时。宁晨等得无聊，索性掏出手机打王者。温月和温青兰就只能干等着。爷爷，他们就是故意的吧？温青兰很快就不耐烦了，对温月道：“坐这么久了，除了添茶倒水，一个高层都没有现身。” 爷爷，你好歹也是青州武协的常任理事，他们怎么能这么不给面子？最近会里出了一件大事，梁会长他们整天忙着开会。温月安抚躁动的孙女。大事？温青兰好奇地眨了眨眼睛，难道是古武论坛盛传的樱花国剑圣德川一郎死在咱们青州的事情？嗯。温月点点头，这件事已经在国内武道圈子里传开了，并不是秘密。他扫了旁边正在打王者的宁晨一眼，透露道：“德川一郎是晋国武士会老祖籍人物。” 在樱花国地位超然，他的死，两国都想调查清楚。根据上面的情报显示，出手击杀德川一郎的，很可能是咱们鼓舞协会的创始人侠魁陈一山。温青兰听到陈一山这个名字，吓得直接尖叫出来：“什么？侠魁陈一山？天哪！爷爷，侠魁不是消失十几年了吗？怎么会突然现身？爷爷，侠魁现在在青州吗？他是我们华国所有武者的偶像啊，我好想见见他。”温青兰扯着温月的袖子，眼中满是崇拜的小星星。 侠魁是何许人也？咱们这样的凡人怎么可能见得到？温月呵呵笑道，他又瞥了宁晨一眼，发现后者还在专心致志地打游戏，忍不住开口问道：“小友，你可知侠魁？”侠魁？不知道，我只知道花魁。宁晨随口应了声：“呸！”温青兰瞪了他一眼：“胡说什么呢你？侠魁也是你能调侃的？好吧，我没听说过。”宁晨全程没抬头，连侠魁都没听说过，真是孤陋寡闻。温青兰撇,撇撇嘴。 这宁晨虽然有外境巅峰的实力，但关于古武界的事，简直一问三不知，跟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一样。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身穿唐装、体型魁梧的中年男子走进接待室。温老，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中年男子正是青州武协的副会长梁永志。梁会长，严重了。温老起身摆了摆手，示意没事。他马上侧过身向梁永志介绍道：“梁会长，这位就是宁晨，他今天是专程过来认错的。”哦，梁永志事先不知道，眼中金光一闪。 盯住了沙发上正在打游戏的宁晨，小友，温月赶紧伸手推了推宁晨，宁晨这才恋恋不舍地把手机揣回兜里，上下打量了梁永志一眼，眉头微微皱起。淬体一重，在过来之前，他以为青州武协的副会长最起码也是个练气期吧，结果这么垃圾，心里虽然百般看不上，但他为了接下来的平静生活，还是主动打了个招呼。梁会长，你好。呼，温月松了口气，宁晨是吧？霍欧、哦、是你打伤的？梁永志往沙发上一坐。 端起茶杯喝了起来。你师傅是谁？知道袭击督导队是什么罪名吗？啊！你好大的胆子！他猛地把茶杯砸在茶几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这一举动让身边的贴身秘书和温青兰都吓了一跳，而宁晨却忍俊不禁。一只练气七都不到的蝼蚁，在他这个元婴期老怪面前装逼，怎么就这么想笑呢？第四十八章，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个屁！梁会长，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温月赶紧上前安抚。 顺势将一张银行卡塞进梁永志兜里。梁会长，宁晨的师傅是一位隐居高人，刚从小地方出来，不知道咱们武协的规矩，还望你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这个红果果的贿赂行为，在场几人都看在眼里。温青兰脸色不悦，心想这小子犯的错，凭什么要他们温家花钱摆平？爷爷真是的。嗨嗨，梁永志不动声色的收下卡，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温老，你坐，别站着呀。at 宁晨看见这一幕，大概就知道古武协会这个组织。 已经贪污腐化的不成样子了。而这时，温月已经把他的大致情况告诉了梁永志。原来隐士高人调教出来的孩子、啊，怪不得年纪轻轻就修炼到了外境巅峰。咱们江南可好些年没出过这样的天才了。梁永志点点头，收了钱，他态度明显缓和多了，看向宁晨的目光甚至还带上一丝笑意。不过一码归一码，犯了错必须要付出代价。梁永志脸色又变得严肃。这样吧，宁晨，明天叫你父母过来一趟，给霍队长赔礼道歉，再赔些医药费。看在温老的面子上。 案底就不给你留了，不过我希望不要再有下一次。宁晨听在耳里，笑在心里。什么看在温老的面子上，明明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梁会长，你放心吧，宁晨已经全面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温月笑着保证。旁边的温青兰刚松一口气，接待室大门猛地被人推开，一张气急败坏的面孔闯了进来。梁会长，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子暴力拒捕，公然殴打督导队，一定要把他关起来，让他牢底坐穿。闯入者正是督导队队长。 霍欧，他身上裹满了绷带，还打着石膏，脸色透着苍白。温月的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霍欧不是在医院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很快，他看见霍欧身后还跟着一个熟人，正冷笑的看着他和宁晨。段家家主段荣，温月眉目一沉。霍欧<鸥>，你什么时候出院的？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梁永志脸色也不太好，起身走了过去。看见段荣，他就明白事情的原委，不忿的瞪了他一眼。哼，梁会长。 这起事件的性质十分恶劣，绝不能息事宁人。段荣却是上前，也偷偷塞给梁永志一张卡，笑眯眯地说：“当初侠魁大人创立武协，只在推行武律。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就没有今天繁荣昌盛的古武界。您说呢？”这梁永志一脸为难，但还是默默收下了卡。梁会长，我觉得应该给年轻人一个机会。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威月走上前来，沉声道：“段荣，你们段家豢养那么多门客，平日里没少作孽。按照武律，你是不是也应该进去蹲几年？” 温老，虽然我们两家关系很熟，但我一样可以告你诽谤。”段荣笑眯眯的表示。“好了，别吵了。”为了德川一郎的事，梁永志连续开了好几天的会，头都大了。这样吧，宁晨，你现在给霍队长道歉，赔偿他三百万医药费，再写一份保证书。”霍欧突然打断，咬牙切齿地道：“梁会长，我霍欧不差这点钱，按照规矩，一定要拘留他三个月才行。”宁晨脸色越来越不快了。温青兰看得着急，用手肘捅了捅宁晨，小声道：“喂。” 你倒是说句话，别傻站着。宁晨默然不语，静静的打量着这几只蝼蚁。霍队长，年轻人容易冲动，其实那天之后，宁晨也很后悔的。温月赶紧安抚，他还小，要是留了案底，以后在咱们圈子里还怎么混啊？哼，不留案底也行。霍欧突然冷笑，那就赔偿一千万，再跪在地上给老子磕头道歉。什么？此言一出，接待室里的人都震惊了。下跪磕头，这对武者来说，绝对是不亚于杀身的羞辱。 温青兰都气得不轻，这个霍欧太恶毒了，居然想打击宁晨的武道之心。不过也是宁晨不听老人言，咎由自取的。怎么样，刘案底和下跪磕头之间选一个吧？霍欧冷笑的瞪着宁晨，心想：臭小子，之前在九溪庄园你不是很刁吗？有种再刁一个呀！年轻人，你要想清楚啊！段荣对宁晨说道：“被武邪拘留，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这意味着你的名声臭了。我建议你今天还是认个怂，不然前途……你们特么的到底有完没完？” 宁晨实在受不了了，脸上堆起不耐烦的神色，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是吧？你，段荣神色一怔，这小子在武协总部还敢这么嚣张？很好，霍欧脸色一沉，小兔崽子，老子给过你机会了，可惜你没有抓住。梁会长，你也听见了吧？这小子这么嚣张，如果不送进去，以后走上社会肯定要捅出天大的篓子。梁永志也对宁晨狂妄的态度很不爽，正准备说话，宁晨却突然抬腿一脚踹在了霍欧胸口上，砰！霍欧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凌空暴吐一口鲜血，噗！温月、温青兰、段荣，所有人都懵逼了，谁也没想到宁晨敢在总部当着副会长梁永志动手。天哪！温青兰玉手紧捂方唇，震惊的看着宁晨，完蛋了。温月有些绝望的闭上眼睛，心知今天的努力全白费了。霍欧撞开接待室大门，在冰冷的走廊上滑出去二十多米，沿途引来一大片震惊的目光。宁晨<很>，你好大的胆子！接待室内，梁永志暴跳如雷。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敢在青州武协动手，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呵，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个屁！宁晨冷笑一声，接着将目光移到了段荣身上。你，你想干什么？段荣咽了口唾沫，往后退了几步。两个段家门客上前试图阻挡宁晨，但被后者瞪了一眼后，就双腿发软，头冒虚汗，不自觉地让开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惹过你，但你今天搞我，那我就搞你。说话之间，宁晨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段荣眼前一花，就感觉后衣领子被人拎了起来，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抛向高空，接着狠狠砸在地板上，而且还是脸着地的那种。第四十九章闪避子弹，内境武者。砰！一声震响过后，段家家主段荣，整个青州市屈指可数的大佬鼻梁骨当场折断，大量的鲜血从他脸上飙溅出来。啊啊哦。段荣凄厉地惨叫，响彻接待室。他也是外境武者，没那么容易晕过去。 此刻捂着脸在地上滚来滚去，痛得不停地叫唤，所有人都看傻了。尤其是梁永志的那个贴身女秘书，一直觉得宁晨就是个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不料他突然露出了残暴狠辣的一面。快叫防暴队，快把防暴队叫过来！梁永志抄起座机，冲着话筒吼道：“糟了！”温月脸色难看，事情已经不受他控制了。他也远远低估了宁晨的胆量。温青兰瞪大美眸，好像是第一天认识宁晨这个人。再来找我麻烦，我就弄死你！ 宁晨蹲在破了相的段荣身边，淡淡的说了一句：“温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他冲温月打了声招呼，转身就想走。不料，一队持枪警卫从走廊上冲进来。“会长，您没事吧？”卫队的队长来到梁永志身边。他们不是防暴队，防暴队出任务去了。他们只是武协的警卫，虽然是普通人，但手上有枪，威慑力一点不逊色于防暴队。把他给我抓起来！梁永志指着宁晨，暴跳如雷：“敢反抗，就地击毙！”上。 警卫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一挥手，十几个持枪警卫朝宁晨围拢过去。小友，别反抗啊！温月大声地提醒。老实点！一个警卫上前，把手搭在宁晨肩膀上，宁晨肩膀轻轻一抖，这个警卫立刻被一股无形气劲撞飞了出去。开枪！警卫队长毫不迟疑，直接下令。啊！温青兰吓坏了，赶紧拉着温月往后撤。哒哒哒哒哒,哒！接待室内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十二把突击步枪喷吐火舌，就在众人以为宁晨会被打成筛子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宁晨身化黑影，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起来。一梭子子弹打完，十二个警卫还来不及换弹夹，便一个接一个飞了出去，啪啪啪的撞碎窗户，从三楼摔了下去。突击步枪也都被拧成麻花，随意扔在地上。老天爷，这是什么情况？那个警卫队长看傻了，眼睛瞪得滚圆，闪避子弹。内镜，你是内镜舞者？ 梁永志像见了鬼一样瞪着宁晨，梁会长，快走！警卫队长端起突击步枪，直接扣动扳机。下一刹，他手里的枪消失了。砰！一道黑影顺势朝他抡下来，把他砸晕过去。宁晨掂了掂手里的突击步枪，把他当成了棍子，走到梁永志面前：“你，你想干什么？我可是青州武协的副会长，你、你、你、你不能动我！”梁永志双腿发软，话都说不利索了。他死都没想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毛孩子，居然是内劲武者。 他们青州武协的的内部也没有几个内劲武者呀、啊，小友不要！温月赶紧跑过来求情。你若是动了梁会长，就相当于和整个鼓舞协会开战，倒是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温青兰也帮着劝。对对对，爷爷说的对，宁晨你千万不要冲动。鼓舞协会，宁晨干倒一帮人，脸不红心不跳。你们不会真以为我把这个星号星号星号组织放在眼里吧？老实讲，我是怕麻烦才选择过来的。没想到他们这么不识好歹。梁永志听得嘴角肌肉直抽搐。 奶奶的，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年纪轻轻修炼到内境，还这么瞧不起鼓舞协会？难道他来自望族？啪啪啪啪！这时，宁晨用手轻轻扇了扇梁永志的脸，说道：“你们记住了，我根本不怕你们，再敢来烦老子，老子就把你们全给灭了，懂吗？”“懂，懂了。”梁永志哪敢不低头？他虽然是副会长，但只有外境实力，内境武者一根指头就能捏死他。很好，啪！宁晨最后又重重拍了梁永志脸一下。 这才满意的转身离去，只留下一脸懵逼的几人，尤其是温青兰，怔怔的望着宁晨的背影，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在他离开后不久，一队人马便匆匆赶回，看见接待室满地的狼藉，防暴队队长王琦差点没气疯。哪里来的疯狗，竟敢在青州武协总部撒野？会长，你一句话，我现在就去把他给你抓过来！”王琦咬牙吼道，“堂堂武协总部被打砸成这个样子，这种事传出去，他们青州武协还怎么在江南众分会中立足？”不，梁永志受了惊。 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脸色还透着极大的凝重。那个年轻人的实力，说不定比你还要强，你未必是他的对手。什么？王琦大吃一惊，赶紧在沙发上坐下来。会长，你没开玩笑吧？一个大学生真的有内劲修为？他怀疑自家会长的脑袋是不是被打坏了。我刚才让人去调查了。梁永志一字一句的说道：“那小子大闹武协后，没有畏罪潜逃，而是回了学校，这说明他一点都不怕武协，背后应该有大势力撑腰，形势才如此肆无忌惮。” 王琦眉头紧锁，那怎么办？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当然不行。梁永志摇摇头，不过也不能贸然出击。这小子脾气火爆，万一惹毛了他，大开杀戒，咱们就完蛋了。王琦无语了。他当了七年的防暴队长，抓过数百个穷凶极恶的罪犯，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家伙，让武邪都投鼠忌器。梁永志又说，还是等会长从滨海开会回来吧。我也很想看看，这小子背后到底有什么大人物在撑腰。会长。王琦听到这两个字，精神便是一振。 古舞协会有一个规定，是武协的会长一定要有宗师修为，只有宗师才能坐镇一座城市，稳定民心。他们青州武协的郑会长便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宗师，和梁永志这种靠关系爬上来的家伙完全不一样。at 第五十章上古强身术。从武协总部离开后，宁晨径直回了学校。古舞协会在普通武者眼里是高高在上的庞然大物，是制定武律的统治者，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但在宁晨眼里，要不要把这个狗屁协会给灭了呢？ 宁晨坐在教室里思考着这个问题，思量许久后，他摇摇头。这个协会貌似还挺大的，每座城市都有分会。真要灭掉的话，得浪费不少灵力和精力。算了，暂时先饶他们一条狗命。宁晨暗暗想到。华国数百万武者怎么都想不到，修炼界最庞大的势力，差点就因为一个学生的一念之差而覆灭。这节课上的是解剖学，大多数学生都听得很认真，唯独宁晨望着窗外景色发呆。下课后，方小胖和张大春约他去打球，被他婉言拒绝了。 一个能移山填海的元婴期修士，对篮球这种运动实在提不起兴趣啊！婉婉，李主任怎么这样？创业基金系里明明都同意拨给你了，结果又临阵变卦，给了关小曼，气死我了！几个女同学聚在系花苏婉婉身边，关小曼家里那么有钱，她创业就是为了玩，李主任也真是瞎了眼。徐荣丽正在为闺蜜打抱不平，苏婉婉摇头一笑，荣丽，莹莹，算了吧，系里不把经费拨给我，应该是有自己的考虑，考虑什么啊？蒋颖冷哼一声。 关小曼是青州本地人，老爸经商，老妈背景也很强，就是靠关系才拿到这笔基金的。昨天她还在群里炫耀来着呢。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苏婉婉轻轻一叹，看来她的奶茶摊创业计划要泡汤了。宁晨面无表情的从她身边经过，苏婉婉抬头看了他一样，也没有多说什么。他知道宁晨不喜欢自己缠着他，宁晨也没多管闲事。出校门后，去了一趟名钻会所。王银花刚才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他，请他务必过去一趟。正是傍晚。 日薄西山，华灯初上之际，水月美食街大大小小的商铺都忙活了起来。大学生们不满意食堂的饭菜，成群结队的外出觅食。名钻会所办公室，王银花笑着将一只包装袋递到宁晨面前：“陈哥，您尝尝，这是鬼手青。”宁晨接过包装袋，发现里面装着大小不一的青绿色薯片，乍一看还有点像黄瓜味的百事薯片。没错，王银花笑道：“陈哥，您上次不是说喜欢吃鬼手青吗？我找人帮你做成薯片了，您觉得怎么样？” 咔嚓咔嚓咔嚓，宁晨捧着薯片袋子，当场就吃了起来，边吃还边点头。不错，王银花，这件事你干得漂亮，我记下了。谢谢陈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王银花赶紧点头哈腰，然后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陈陈哥，有个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就别讲。宁晨边吃边说。王银花愕然，这个美艳女人咬了咬牙，硬着头皮道：“陈哥，四海帮你知道吧？上次来会所找麻烦的郑阳。” 就是四海帮的人，最近四海帮又来我们地盘搞事，好几家商铺和酒吧都被砸了，还有几个兄弟被打进医院。宁晨面无表情，你是想让我出手对付四海帮？王银花点点头，嗯。宁晨摇摇头，区区一个地下小帮派，何德何能要让他一个元婴期修士亲自出手对付，这不拿艰心炮轰蚊子吗？没空。宁晨直截了当。王银花脸上的表情凝滞了一下，他知道宁晨就在青州大学读书，怎么会没空？八成是懒得动手吧。 好，好吧，陈哥，那我再想想办法。他也不敢强逼宁晨，不过嘛，宁晨话锋一转，边咔嚓咔嚓的吃着薯片，边说道：“看在这些独孤片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王银花目露精光，一套功法。宁晨躺在椅子上，边吃边说：“功法。”王银花愣了一下：“武武功秘籍吗？差不多吧。”宁晨道：“其实功法和武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一个修仙，一个习武。” 不可同日而语。陈哥，王银花并没有很激动，反而面露难色。我听说练武很苦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而且还要从娃娃抓起，这这能行吗？放心，宁晨微微一笑，这套功法经过我的改良，资质再低的渔夫也能练，只要十天半个月就能让他们的身体素质翻十倍。什么？王银花震惊了，半个月，身体素质翻十倍，开什么玩笑？美国队长打超级士兵血清吗？这样吧，你把陈子豹和陈子郎叫进来。 我先把上古强身术的口诀传授给他们。”宁晨说道。“好的，陈哥。”王银花抱着怀疑的态度打电话叫进来两个人，陈子豹、陈子郎，白霄麾下的两个金牌打手，现在跟着王银花混。银花姐，陈哥，两兄弟并排鞠躬。他们从王银花口中听说了宁晨的厉害，此刻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毕竟他们曾找过后者的麻烦。但宁晨早就忘了这件事。接下来，他就把上古强身术的基础篇传授给了陈家兄弟。这套锻体功法。 是他探索一座上古秘境所得，能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三重淬体，晋升炼气期。而在与陈家兄弟的交谈中，他也得知了古武界的境界划分：外境、内境、化境、大师、宗师境。根据他们的描述，外境、内境和化境应该分别对应淬体一二三重，宗师境就是炼气期了。地球的修炼文化真是太落后了。炼气期在小南天界属于最底层的修士，在地球却被尊为一代宗师，坐镇数城。宁城哭笑不得。 陈家兄弟的悟性很差，宁晨教了一晚上，他们也才记住十分之一。对不起，陈哥，我们实在太笨了。陈家兄弟满脸尴尬，宁晨摆摆手，示意无妨。你们回头把这套功法传给下面的人，只要勤学苦练，十年内突破炼气，呃，突破宗师不是问题。什么？陈家兄弟差点把眼眶瞪炸。第五十一章暗网血刃酒馆宗宗师，陈哥，你没有开玩笑吧？连王银花都吓呆了。这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宁晨很嫌弃地瞥了他们一眼。对了，还有这个。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纸笔写下一张药方。这是淬体散，你们练功的时候辅以此药，能够事倍功半。王银花咽了口唾沫，伸手接过。好好的，陈哥。陈家兄弟还有点发懵。宗师那种传说中的境界，他们真的能达到吗？别做梦了。陈子豹摇摇头。陈哥这是给我们画饼呢，我还真信了。又交代了一些练功注意事项后，宁晨便动身离开。 他还留下玫瑰园别墅的地址，让王英花寄几箱独孤薯片过去，以后出门上课就可以带几包吃。十点多，宁晨坐电梯来到一楼大厅，打算去李梅饭店吃宵夜。这时，一个穿西装、戴眼镜、打扮得挺斯文的中年男人从包厢走出来，醉醺醺地走向卫生间。滚开！没长眼睛啊！西装男见宁晨挡住他的去路，挥手就骂。宁晨怎么可能惯着这种人？上去就是一脚，砰！西装男屁股挨了一下，直接栽了个狗吃屎。 酒也醒了大半，你你敢踢我？西装男揉着屁股爬起来，惊恐地看着宁晨。怎么看，这个年轻人都像一个学生。离水月街最近的大学就是青州大学，你是青大的？西装男恶狠狠地问。关你屁事！宁晨撇了撇嘴。马德，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踢老子，老子让你出不了这家会所！西装男吼道。啪！宁晨转身又赏了他一记耳光，抽得他晕头转向，扶着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宁晨一眼看出，这个西装男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虚的不行。而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会所的安保人员。谁在这里打架？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壮汉走过来，手里提着甩棍。看见宁晨后，他们不约而同的打了个哆嗦。陈哥，四个保安齐刷刷鞠躬。西装男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转身想溜，却被两道高大的身影挡住。是下来的陈子郎和陈子豹。宁晨把事情说了一遍后，陈子豹一个大笔兜就抽在西装男脸上，啪。 知道陈哥是什么人吗？不想死就赶紧道歉。陈子豹明显认识西装男，冲他使了好几下眼色。西装男心领神会，转过身，不顾一张高高肿起的猪脸，不停地向宁晨鞠躬道歉：“陈陈哥，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陈哥，他是清大的一个主任，叫做李吉言，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酒。今天喝傻了，冲撞了您，真他妈该死。”陈子豹走过来，点头哈腰地说道：“嗯。”宁晨压根没把这种刁人放在心上，可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问道。 你知道苏婉婉吗？苏婉婉，李吉言愣了一下。您，您说的是医学系临床二班的那个苏婉婉？李吉言最近负责一个大学生创业扶持的项目，而苏婉婉想在校内开一家奶茶摊，为家里减轻负担，所以他对这个名字很熟悉。陈哥，我斗胆问一句，您是清大？李吉言肿着脸问。我就是临床二班的。宁晨说道。噗！李吉言差点喷饭。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吗？ 但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敢在名钻会所这么嚣张，恐怕背后势力不小，估计是哪个大人物家的公子吧？李吉言暗想。这时，宁晨再次开口：“我听说你们本来打算批给苏婉婉的一笔创业基金，被另一个女生劫走了。您怎么知道？”李吉言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这句是废话。苏婉婉是医学系系花，八成已经被宁晨泡到了手。创业基金已经发下去了。宁晨又问：“还还没？”李吉言回答：“这样吧。” 把创业基金还给苏婉婉，我今晚就放你一马，怎么样？宁晨又说，他特地咬中“还”这个字眼，显然知道那个叫关小曼的女生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弄到这笔基金的。陈哥，李吉言面露难色。关小曼家里关系挺硬，和蔡院长打了招呼的。我一个主任，李吉言，你别给脸不要脸。陈子郎脸色一沉，知道萧哥是怎么退位的吗？陈哥的手段，你想象不到。萧哥，李吉言心神一怔，白萧是青州西城区的地下大佬之一。 最近传出退位给了一个女人，自己消失的无影无踪。有小道消息称，他惹了不该惹的人，再也不敢回青州。难道这个不该惹的人就是李吉言？扫了宁晨一眼，咽了口唾沫，说道：“好的，陈哥，没有问题。”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宁晨转身离开。修仙者做事全凭缘分，好可怕的气势！李吉言这才发现自己的衬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他真是学生吗？深夜，段家私宅。 段荣脸上缠着绷带，咬牙切齿地坐在沙发上。内镜，这个宁晨竟然是内镜舞者，这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年轻的内镜舞者？他拳头攥得嘎吱作响，鼻梁上的伤口随着表情狰狞撕裂，浸红了厚厚的绷带，疼得他直抽冷气。怪不得涂涛始终联系不上，估计人已经没了。家主，悬赏被人接了。突然，管家推门进来，捧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是谁？段荣目光一凛，露出几分残忍。 今天从事务协总部回来，他让管家在暗网上发布一条悬赏，四百万美金，要宁晨的人头。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接单了，是血刃酒馆的 B 级杀手。管家报喜，B 级杀手相当于古舞界的内劲武者，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段荣默默想到，不要紧，暗网是全匿名制网站，就算杀手任务失败了，宁晨也找不到咱们头上。管家说道，希望如此吧。段荣盯着宁晨的照片，眼中尽是杀机，他有一种预感。 这个学生如果不除，将成为他段家在青州崛起的最大阻碍。第五十二章关小曼。而同一时间，远在樱花国一座开满樱花的山上，数十名强者正在开会。德川先生的死对我们晋国武士会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论凶手是谁，我们都要查到他，然后展开最恐怖的报复。一个穿着和服、全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女子席地跪坐，表情肃穆。雪慧小姐，这样做是否欠缺考虑？一位瞎眼老者皱眉说道：“据我所知。” 杀死德川先生的是有着华国守护神之称、一手创立鼓舞协会的侠魁陈一山。瞎眼老者盘腿而坐，腿上放着一柄长长的武士刀。德川先生一死，我们晋国武士会已然沦为二流组织。陈一山单枪匹马就能灭了我们。此话一出，晋国武士会的诸多高层都点了点头，眉宇间流淌出不安和恐惧。名为雪惠的和服女子却是冷笑道：“真是一群胆小如鼠的家伙啊！区区一个侠魁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侠魁再强。” 也不敢孤身踏足我们樱花国的国土，否则伊邪那岐、原之宫、伪民一族，还有内府的高手们是坐不住的。就算是侠魁，面对一群超级强者的围攻，也会死得很惨。女人的语气充满了信心，她不容置疑地说道：“德川先生的死已经震动了黑暗世界，如果不展开报复，外面会怎么看待我们晋国武士会？一个懦弱无能的势力是不会有未来的。”屋子里沉默了数秒后，一个身材窈窕、紫发紫眸的女人问道：“既然如此。” 雪慧小姐打算怎么报复呢？我已经安排了两个人前往青州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雪慧小姐唇瓣弯,弯翘，露出迷人的微笑。苏婉婉本以为自己的创业计划泡汤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刚到教室的时候，她就接到了校里主任李吉言打来的电话。喂，苏婉婉同学，实在不好意思啊，经系里研究决定，快的创业基金还是拨给你。a 特，希望你在不耽误学业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利用这笔钱创造价值，给咱们青大学子做个好榜样。李吉言满嘴官话。 语气中甚至还带着一丝讨好。好的，谢谢李主任。苏婉婉有点懵逼。李吉言那边正要挂断，他赶忙问道：“李主任，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李吉言啊，了一生笑着说道：“你去问问你的男朋友吧，还有点事，先挂了。”嘟嘟嘟，听见电话里的忙音，苏婉婉满头问号。男朋友？她什么时候有个男朋友了？恰逢此时，宁晨走进教室，手里捧着一包薯片在吃。苏婉婉坐在前排，视线正好和宁晨对上。宁晨。 苏婉婉忍不住叫住他，走过来问道：“系里快创业基金，是你帮了忙吗？”“不是。”宁晨丢下这两个字，径直绕过他，走向教室后排坐。虽然宁晨在装傻，但苏婉婉心里清楚，这事儿八成和他有关系。否则李主任对他的态度，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呢？以前去办公室催问，都是要挨一顿骂的。宁晨，你吃的这是什么薯片？怎么没见过？方小胖凑上来，笑嘻嘻，把手伸向包装袋，给我吃点。啪！ 宁晨把他的手打了回去，活腻了是吧？别这么小气嘛，给我来点，我早饭都没吃。方小胖伸出手说道：“这薯片有毒，你不能吃。”宁晨如实相告：“切，小气鬼，不给就不给嘛，说什么有毒，真鸡脖能扯。”方小胖撇撇嘴，又凑到另一边去抢张大春的饭团。他哪里知道自己刚刚死里逃生了？鬼手青虽然加工成了薯片，毒性却没有丝毫削减，一片就能毒死一个成年男子。这节课上的是药理学。 宁晨照常不听，趴在桌子上打王者荣耀。最近他有点沉迷这个游戏。大学老师都没有拖堂的习惯，下课铃响起后，老师就抱着书本离开了。学生们也群地外外面走。婉婉，你运气也太好了吧？戏里不是决定把快给隔壁班的关小曼了吗？怎么突然又给你了？蒋颖牵着苏婉婉的手，兴奋的看着他。婉婉，到时候我们都来帮忙。婉婉，你中午要请客哦。以后是不是不能叫婉婉了？得叫苏老板。徐荣丽和几个同寝的姐妹都很开心的笑道。 苏婉婉也很开心，偷偷望了宁晨一眼。宁晨刚起身，和方小胖、张大春一起朝教室门口走来。方小胖想抢他的薯片吃，但手太短，怎么都够不到。就在这时，一个全身奢侈品、打扮很洋气的女生从某个座位上冲过来，很用力地从后面推了苏婉婉一下。啊！苏婉婉毫无防备，突然就失去重心，往地上摔去。宁晨正好路过，伸手扶住了苏安婉婉。谢谢谢。苏婉婉被宁晨抱在怀里，惊魂未定地看着他。 还没有离开教室的学生们都投来惊讶的目光。关小曼，你有病啊！徐荣丽和蒋颖这两个闺蜜一左一右挡在苏婉婉面前，怒骂那个推人的白富美女生。关小曼家里很有钱，爱炫富，长得又漂亮，所以在一学系算个名人。只不过很多女生都看不惯她。不管你们的事，滚！关小曼气急败坏，还瞪了多管闲事的宁晨一眼，然后指着苏婉婉骂起了街：“苏婉婉，你这个不要脸的，未快的创业基金居然勾引李主任，你真是太恶心了！” 关小曼语出惊人，在教室内掀起一场惊呼。这节药理学是大课，四个班一起上。虽然走掉了一部分，但教室里还有一百多号人，震惊地望着苏婉婉：“你你胡说八道什么？”苏婉婉差点气哭，努力争辩道：“你才勾引李主任呢，我没有！”狐狸精，别想狡辩！关小曼抬起手冲过来，又想扇苏婉婉耳光，却被宁晨抓住了手腕。第五十三章：光天化日下的污蔑，骚狐狸，你到底勾引了多少人？关小曼被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 气得破口大骂。他家虽然有钱，快也不是小数目，能买一个中奢包包也够他去酒吧潇洒一晚上了。就这样被一个野丫头抢走，他接到李吉言电话的时候差点没气炸。李吉言，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关小曼决定先给苏婉婉扣一顶屎盆子。这时，好几个男女生走到关小曼身边，指着苏婉婉说道：“对，就是她，我也认出来了，她就是昨天晚上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还要约李主任吃饭的那个女生。昨晚穿的那么暴露，今天装的这么清纯。” 小丫头还有两副面孔，真恶心！我我没有。苏婉婉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污蔑她，眼睛马上就红了，泪光盈盈闪动。哟，这就哭了？狐狸精就是狐狸精，真会演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些人并不打算放过苏婉婉，继续变本加厉，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周围异样的目光越来越多，徐荣丽和蒋颖怎么申辩都没用，就连方小胖和张大春看苏婉婉的眼神都变了，真是可笑。突然，宁晨开口。 一股洪亮的声音压进了整个阶梯教室，因为他在校运会上的耀眼成绩，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平日里闷声不响、身体素质却强得变态的男生。空口无凭就来这里污蔑人，我还说我活了整整两千岁呢，有人信吗？众人，苏婉婉感动地看着宁晨，不自觉地拉住他的衣袖，将身体贴紧他。一股名为安全感的东西在心头萦绕。宁晨，你睡过他几次啊？这么帮着他说话？关小曼冷哼一声：“你要是让我睡一次，我也可以考虑帮你对付他。” 宁晨微笑地道：“你，关小曼气得直瞪眼，你无赖。”苏婉婉俏脸泛红，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自己被宁晨睡过一样？宁晨盯着关小曼：“真正的无赖是你，没证据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小心人家告你诽谤。”你瞎了？他们可都是人证。关小曼指着刚才说话的几对男女：“对，没错，我们都看见了。”临床一班的这几个学生纷纷点头，他们收了关小曼的好处，肯定要帮她整苏婉婉，是吗？宁晨掏出手机，冷笑道。 那要不咱们报警，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就是不知道等事情调查清楚了，你们想要通报批评还是警告处分？一个警告处分，马上吓住了几个造谣者。哼，吓唬谁呢？有种你报警，报吧！关小曼说完，只听滴滴滴三声，宁晨真的按下幺幺零报警了。然后他扭头对苏婉婉说道：“婉婉，我现在陪你去天台。关小曼污蔑你，你要跳楼，也不用真跳，把事情闹大就可以了。到时候警察和校领导肯定会为你主持公道。走吧。” 说完，他真的牵起苏婉婉的手，朝教室大门走去。我遭！来真的！几个跟着关小曼造谣的学生全都懵逼了。他们就是开个玩笑，这人怎么还当真了呢？这时，李吉言得知消息，匆匆从他的办公室赶了过来，正好撞到要去跳楼的宁晨和苏婉婉。了解了一番事情经过后，李吉言气得火冒三丈：“关小曼，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赶紧向苏婉婉同学道歉！”李吉言恨不得跳起来抽关小曼几个大逼兜。我就不！关小曼暴毙冷哼：“李主任。” 要不是苏婉婉勾引你，你怎么会把我的创业基金拨给她？还有李主任，你的脸是什么情况？很多道疑惑的目光落在李继言满是淤青的脸上。李继言用手捧着脸，下意识地扫了宁晨一眼：“我我昨晚喝酒摔了，这个不是重点。”关小曼，快的创业基金，系里本就打算拨给苏婉婉，是你妈硬靠关系抢走的，非要我这么说你才满意吗？李继言直接把真相公布了出来。咻<秀>！宁晨很骚包的吹了声口哨，顿时很多双震惊。 愤怒的目光聚焦在了关小曼那张涂满粉底的脸上，尤其是刚才冤枉了苏婉婉的那些学生，恨不得用眼神撕碎关小曼，连婉婉这么善良的姑娘都欺负，你还是个人吗？关小曼，你家里这么有钱，干嘛非要争快？你有病吧？蒋颖和徐荣丽气得骂道：“李继言，你胡说！我妈没有。”关小曼涨红了脸，她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失控。宁晨则打算火上浇油，他指着关小曼身边的几个造谣者，对李继言道：“李主任。” 这几个人是帮凶，也不能放过他们。能安排警告处分最好，实在不行搞个全校通报批评也能接受。好的，陈陈同学，嗨嗨。李吉言差点喊出“陈哥”。处分这种东西，对学生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李主任，我们就是和苏婉婉同学开个玩笑。是啊，开个玩笑，别当真嘛。我们认错，我们给苏安婉婉赔礼道歉还不行吗？四个学生赶紧解释。开个玩笑？宁晨瞪着四个学生，眼神一狠：“我给你俩耳光，再给你道个歉，好不好？” 四个学生被这凶悍的眼神吓住了，没敢还嘴。宁晨又恢复平静：“李主任，照办吧。”李吉言点点头：“嗯，这个问题性质不一般，必须严惩。”四个学生脸色一白，他们才刚上大一，绝对不想背上处分啊。而这时，宁晨又道：“除非你们交代出幕后元凶，倒是可以酌情。”我说：“我说，一个出身农村、家里没什么背景的女生，弱弱的举起手，不顾关小曼充满威胁的眼神，她畏畏缩缩说道：是。” 是关小曼给我们一人一千块，让我们帮她搞搞臭苏婉婉的名声。第五十四章，老婆，再给我五万块！哗，这句话说出，教室里一片哗然。万敏，你胡说八道什么？压根没这事！关小曼还死鸭子嘴硬。我，我有聊天记录和转账信息。名叫万敏的女生小声说道：“万敏，我 Triple X, X。”关小曼口出极国粹，你敢出卖我？万敏没还嘴，直接掏出手机晒出证据，然后他一脸害怕地看着李吉言：“李主任，对不起。” 我错了，能不能不要给我处分啊？李吉言还没开口，旁边的宁晨一脸严肃地说道：“不行，处分必须给，让他们都长长记性。造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万米四人气得差点骂娘，讲不讲武德呀？你这人！苏婉婉也很震惊地看着宁晨，善良的她还以为宁晨会放过这四个人。干得漂亮！两个闺蜜蒋颖和徐荣丽瞬间对宁晨刮目相看。宁晨，苏婉婉，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关小曼自知大势已去。 撂下一句狠话就想跑，身后是无数的谩骂和指责。这个关小曼人长得挺好看，没想到心思这么恶毒，毒妇啊，毒妇，太尼玛恶心了！今天幸好有宁晨帮忙，不然苏婉婉可能真的要去跳楼了。是啊，平日见宁晨闷声不响的，没想到这么有手段。我要是有这么的男朋友就好了。关小曼听到这些，越想越气，脚步也越来越快，都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出了教室，下楼梯的时候，她脚下一个不慎，咕咕咚,咚咚的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还伴有刺耳的尖叫声。 李吉言听见动静，先是一愣，然后赶紧跑了过去。我操，怎么搞的这事？救护车，快叫救护车！一大帮学生赶紧跑过去看热闹，然后大骂活该。不用说，这自然是宁晨的杰作。只需打入一丝真气，普通人就是他的提线木偶。苏婉婉也跑了出去，看见关小曼摔得满脸是血，脸都吓白了。啊，天哪，这怎么？你还心疼起他了？宁晨瞥了他一眼，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你这种性格，如果不学着强硬，以后走上社会还有苦头吃。哦，那那我努力。苏婉婉小拳头紧攥，眼神透出一股狠劲，但仅仅维持了两秒，她便忍不住朝关小曼投去了担忧的目光。见状，宁晨轻轻一叹：“下午没课，去你家吃饭吧。”哦，哦好。苏婉婉这才把目光抽回来，跟在双手插兜的宁晨后面，一路出了校门。那个，宁晨，谢谢你。快到店的时候，苏婉婉小声说了句：“不用，我只是单纯看不惯这种人。” 宁晨语气淡漠，还是很谢谢你的。苏婉婉补充道：“那你的奶茶摊什么时候开张？我喝不用钱吧？”宁晨开玩笑：“当然。”苏婉婉唇瓣一弯，露出明媚而灿烂的笑容。这可是你说的。宁晨呵呵笑道。苏婉婉顿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这个家伙的食量可是出奇的大、啊。来到小饭店，李梅依旧很热情地招待宁晨。听说了上午在教室的事，她心里越发感激宁晨。站在收银台后看他的眼神，要多满意就多满意。 就是丈母娘看金龟婿的那种眼神。宁晨选择无视，一边看小说一边吃东西。恰逢此时，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进店里，恍惚间，男人发现李梅用一种十分满意的眼神看着宁晨，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狠狠瞪了宁晨几眼。走到收银台前，他用很重的口气呵斥道：“给我拿点钱！你怎么回来了？”李梅脸色一变，不自觉地扫了宁晨几眼。这个不修边幅的男人是她的丈夫苏海超，一个烂赌鬼。苏海超虽然喝了个烂醉。 但眼睛很尖，发现自己老婆一直在看宁晨，他勃然大怒，哗啦<辣>一声，他直接化身桌面清理大师，在收银台上乱砸仪器，你疯了呀！李梅又气愤又无奈的瞪着苏海超，你干什么？苏婉婉听见动静，从后厨跑过来，挡在李梅面前。见母女二人的态度很差，苏海超更气了，一脚踹翻一张桌子，对着店里的客人吼道：“看你马什么看，都滚蛋！”十几个客人留下饭钱，匆匆离去。这年头，谁会惹一个疯子呢？ 新号新号新号龙了，苏海超看见还有一个大学生坐在那里，骂咧咧的走过来。这人自然是宁晨。苏海超，你有病是不是？李梅赶紧跑过来，挡在宁晨桌子前。你到底想干什么？呵呵，李梅，你是不是对这小子有意思？苏海超自认为看出了什么，不停的拿手指着宁晨。你是不是想跟了他？苏海超，你……李梅听见这话，那是气得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了。妈，苏婉婉赶紧过来搀扶。 漂亮的大眼睛马上就红了，兔崽子还不滚，找打呀！苏海超又扭头冲着宁晨吼。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志气未脱的大学生站起来冲他脸上就是一个大壁抖，啪！苏海超直接被抽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冷饮柜上。宁晨从不惯着这种人，上去又补了一脚，踹的这个失意潦倒的男人趴在地上狂吐。接着宁晨又是一脚，把苏海超踹进一堆啤酒瓶里，终于爬不起来了。打完人，宁晨又坐回原位吃起了自己的午餐。 李梅和苏婉婉愣在原地半天，过了一会儿，李梅终究还是不忍心，把苏海超从地上搀扶起来。整个过程眼中充满了失望。老婆，老婆，你帮帮我吧！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苏海超被打老实了，不敢再在妻女面前耍横。他跪在地上不起来，两只手紧紧攥住李梅的围裙，泪眼婆娑地道：“老婆，你再给快，让我缓一缓。要债的就在外面，我今天要是拿不出钱，他们要砍我一只手啊！”第五十五章，让他摇人，我看他有多大本事。 李梅流着泪摇头，把手放在丈夫头上，说道：“砍吧，要是能让你戒赌，砍手我也认了。”李梅，苏海超狠狠打开李梅的手，从地上跳了起来。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怎么这么狠心？难道你宁愿我被砍手，也不愿意掏钱吗？不快钱吗？可能是最后一句话刺激到了李梅，她擦了擦眼泪，一巴掌扇在苏海超脸上，痛骂道：“不快钱，你一块很容易挣吗？我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大半年才能挣这么多，你一个晚上就赌没了。” 苏海超，我李梅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了你。近乎崩溃的声音在小饭店里回荡。苏婉婉流着泪，心沉杂。她既觉得丢人，又恨透了这个赌鬼父亲，同时又觉得他很可怜。曾几何时，苏海超也是一个好父亲，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直到后来，他接触了赌博。宁晨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并无太多感触。活了两千岁的他，什么没有见过？他只是奇怪，白潇死后，王银花看在他的面子上。 应该免了苏家的债款才对啊！苏海超，你个狗东西，还要让老子等多久啊？一家人正沉浸在痛苦中的时候，几个流里流气的混混走进小饭店。带头的是一个穿黑色皮衣、剃着飞机头的家伙，满脸的凶悍。细伟哥，你再宽限我一天，我老婆有钱，我老婆有钱的，我晚上和她聊聊，她一定会帮我给的。苏海超跑到飞机头混混面前，不停的哀求。去你的！飞机头混混细伟一脚把苏海超踹开，指着他就臭骂。 当我们四海帮开福利院的呀，宽限你多少天了？心里没点逼数？李梅望见这一幕，赶紧转身护住苏婉婉，母女俩默默流泪。要不这样吧，细伟话锋一转，用炽热的目光打量着母女俩，笑眯眯说道：“让你老婆或者女儿陪陪我，那我就再帮你宽限七天，怎么样？”他早就听说苏海超老婆女儿都很漂亮，今天一见果然不俗。李梅虽然上了年纪，又整日操劳，但风韵犹存，身材也保持的不错。苏婉婉那就更不用说了，清大医学系公认的系花。 姿色能差得了吗？细伟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不行啊，细伟哥！苏海超像条狗一样从桌子底下爬出来，抱住细伟的大腿：“别动我妻女，除了这个，我什么都答应你。”喂，能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吃顿饭？这个时候，宁晨实在忍不了了，无奈的开口询问。小饭店顿时安静了下来。细伟等几个混混扭头看着这个脸上还透着青涩和稚嫩的男生，一脸惊讶：“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野了吗？这里特么有你说话的份吗？” 赶紧滚蛋，不然弄死你！细伟身后一个穿背心的混混骂道：“宁晨懒得动手，直接拨通了王樱花的电话。喂，带人来李梅饭店一趟。对，有几个不长眼的，帮我处理一下。”细伟等几个混混一听，顿时乐了：“小子，挺能装啊！”细伟点上一支烟，似笑非笑的看着宁晨：“混哪儿的？没听说过四海帮？”细伟宁晨没理他。细伟哥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呀？一个绿毛混混上去就要动手，细伟笑着拦住他。 让他摇人，我看他有多大本事。一个学生摇来的，估计也都是学生吧。哈哈哈！四个混混相视大笑。见此一幕，苏海超满腹狐疑。这个大学生虽然力气很大，很能打，但学生终究是学生，怎么敢和混社会的斗呢？名钻会所离李梅饭店不远，三十多个持械混混在王银花的亲自带领下，很快就赶到了。哗啦！陈子郎和陈子豹兄弟冲在最前面，一人拎着一把大刀，掀开门帘就冲了进来，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片人。我遭！ 细伟哥，四海帮的几个混混正坐在店里桌子上抽烟，看见这么一大帮凶神恶煞的人提刀进来，当场烟都吓掉三根。别慌，细伟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他依旧叼着烟，镇定自若地从桌子上跳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还没开口说话，陈子抱上来就是一刀，咔嚓一声，直接剁在他肩膀上。啊！店里顿时响起杀猪般的惨叫。啊！苏婉婉也吓得尖叫，李梅和苏海超赶紧捂住女儿的眼睛，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 细伟的几个小弟人也都吓妈了。陈哥，王银花带着一群小弟过来，齐刷刷朝宁晨鞠躬。这一刻，苏海超感觉自己大脑有点缺氧。宁晨点点头，嗯了一声，带到后面去处理吧。是，王银花领命，把他们带到后街去。走，起来，踏马的，敢惹陈哥，活腻了你们！细伟几人很快被带走，时不时的一声惨叫从后厨的方向传来，吓得苏海超连话都不敢说了。老老婆。 他到底是是谁啊？苏海超咽了口唾沫。他是婉婉的同学，叫宁晨。李梅回答。还真是学生。苏海超更震惊了。哎，婉婉要是能找到这样的男朋友，我就是死也放心了呀。李梅感慨道。这时，苏海超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上前道歉。陈陈哥，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宁晨懒得理这种垃圾人，干完饭后抽出一张纸巾擦擦嘴巴就走了。苏海超目送宁晨离开，呼。 松了一口气。至于细伟等几个四海帮的混混，王银花最后还是没下杀手。现在毕竟不是旧社会了，不能随便杀人。很快，细伟他们被废掉的消息传到了四海帮老大的耳里。一个电话能把王银花、还有陈子郎和陈子豹兄弟都叫过来，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哈哈哈！给我查，我胡四海倒要看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西城区某处一家地下酒吧，一个满脸胡渣的油腻中年男人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第五十六章：外卖员杀手。 回到玫瑰园别墅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夜幕降临，清风拂柳，景色宜人。许书言和江棠在客厅里打王者，电视放着也不看，就听个响，连败四局，闺蜜俩心情都不太好。忽然，宁晨开门进来，江棠像找到了救星一般，赶紧跑过来：“大力哥，你回来了呀！开黑不？”许书言也投来期待的目光。宁晨这个人虽然很讨厌，但游戏技术没得说，上次带他们连赢了十几局。不开，你们太坑了！宁晨直言不讳。 气得许书言差点抄起枕头砸过去。哎呦，大力哥，你就带我们打几局，就打几局嘛，好不好嘛？江糖不甘了，小手扯住宁晨的衣袖，撒娇卖萌打滚。好吧，宁晨答应下来，心中暗道带两个坑比，提高一点游戏难度也好，不然赢得太轻松也没意思。许书言被骂坑，本来还挺生气，但在连胜数局后，他心情开始变得美丽，甚至打算点个肯德基，还特地问宁晨吃不吃。宁晨没拒绝，全当是带妹的酬劳了。不一会儿。 门外传来外卖员的声音：“你好，肯德基宅急送。”江棠闻言一愣，现在外卖能进来了？许淑妍摇摇头，不知道。绿城玫瑰园是高档小区，外卖员是不允许进入的，一般自己去取或者打电话让物业送。你好，肯德基宅急送，请出来拿一下。外卖员的声音又传来，宁晨眉头暗锁，因为他听出了一丝淡淡的杀气，他知道又有麻烦上门了。正好这局结束，他起身说道：“我去拿吧，你们在这里等着。”哇。 大力哥怎么这么勤快、啊？江糖笑着夸奖，许书妍也朝宁晨投去惊讶的目光。打开大门，一个穿着蓝色外卖服的外卖员正站在外面，低着头，看不清面貌。他把两份全家桶递给宁晨的一刹那，右手指突然变化爪形，朝宁晨脖子抓来，速度快若闪电。黑夜之中，一双透着狰狞的利目亮起。啪！宁晨轻而易举地抓住他的虎爪，然后在他震惊的目光中轻轻一掰，咔嚓一声脆响，外卖员的手骨当场折断。 还来不及张嘴惨叫，宁晨眼疾手快，一指点在他胸口的哑穴上，让他发不出来的声音。大力哥还没拿来吗？我饿了。at，<Ad, S 1> 江棠的声音从客厅传来，闺蜜俩聊着刚才的战绩，并不知道外面正在上演一起惊心动魄的刺杀。宁晨拎着两份全家桶扔到客厅沙发上，又折返了回去。你们先吃，我出去抽根烟。小唐，宁晨平时抽烟的吗？许书言眨,眨了眨精致的美眸，家里从来没有闻见过烟味啊。嗯。 可能是大力哥心疼你，不忍心让你吸二手烟，每次都去院子里躲着抽。姜糖葱指点红唇，你又胡说八道。许淑妍嗔怪的骂道：“嘻嘻<谢>。”姜糖见两人关系改善，打心底里高兴。另一边，宁晨拎着被点了穴道的外卖员，悄悄来到后院。在得知后者只是拿钱办事，并不清楚雇主的身份后，宁晨便懒得再追问。他从杂物间找来铁锹，开始铲土挖坑。嗯嗯，杀手脸上写满了绝望，内心也崩溃到了极点。老天爷啊！ 他堂堂血刃酒馆 B 级杀手，一个内劲武者，居然又被人活埋了！救命！救命啊！耶稣、上帝、如来佛祖、圣母玛利亚，不管是谁，救命啊！两三分钟后，铁锹被放回了杂物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万一我不在的时候有杀手闯进来怎么办？宁晨走到院中的埋尸点，一边用脚夯实土地，一边想到：我虽然不喜欢许淑妍，但她毕竟是乔伊的女儿，还有小唐。有了！宁晨忽然将目光投向了院角的狗屋。 一双泛着绿光的眼睛正不解的盯着他。黑龙，这条德牧犬已经目睹两次这种事情了。幸亏他是狗，不会开口说话，不然把这个消息告诉许淑妍，这位大小姐估计要活生生吓死过去。嗷呜、哦！哦、黑龙有些害怕的盯着宁晨，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接下来的几天，宁晨每天都把一些神秘的红色小药丸掺进狗粮，喂给黑龙吃。吃完后，黑龙浑身燥热难耐，那些药丸似乎有什么魔力，使他的肉身力量成倍激增。很快。 许舒言和姜糖震惊的发现，一向老实的黑龙竟然开始拆家了。起先只是咬破沙发、啃掉树皮，后面发展到咬烂电视、咬穿冰箱，甚至连水泥墙都刨出一个大洞。闺蜜俩吓得不轻，正犹豫要不要把黑龙送走的时候，宁晨站了出来。说来也怪，黑龙在宁晨面前气势全无，摇尾星号星号星号，别说拆家了，都不敢大口出气。见有人能制住黑龙，许舒言索性就不管了。宁晨继续喂红色小药丸给黑龙吃。地球上虽然灵药稀缺。 但好在王银花通过走私弄来十八种猛兽的鲜血，再加上一些名贵中草药，炼出了这些低配版血四丸。等过一段时间，帮黑龙把肉身提升到炼气期，应该不是问题。宁晨暗暗想到，炼气期也就是武道宗师，整个青州貌似也就一位宗师。这就是元婴期老怪的手段，在不动用一丝一毫灵力的情况下，都能让一条狗踏入炼气期。消息若传出去，能把无数武者活活吓死。而王银花手下的小弟们在练了上古强身术后，身体素质也嘎嘎猛长。 四海帮在地下火拼中被打得节节败退，水月帮的这群牲口，一个个特么嗑药了吗？怎么这么猛？魅力酒吧，西城区南边最大的一家酒吧，也是四海帮的大本营。至于白霄的白帮，现在被王银花改成了水月帮。某间包厢里，一个四海帮的高层顶着熊猫眼对老大胡四海说道：“老大，这才两个月，我们已经有十个兄弟住院了，每天医药费都好几万。”胡四海也是满脸愁容，吞云吐雾地道：“山炮，到底怎么回事？” 水月帮那帮废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能打？他们一个人可以追着咱人。第五十七章，我们老大请你过去喝酒，赏个脸吧。不止啊，老大。绰号山炮的男人捂着满是淤青的脸，说道：“那陈子豹和陈子郎兄弟，一个人干翻了十几个。我怀疑水月帮的都打了超级士兵血清，集体变成美国队长了。你漫威看多了吧？”胡四海斜了他一眼，接着沉默不语。要不要用枪呢？胡四海心里很纠结。他们混道上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火拼不许掏枪！四海帮如果破了这个先例，恐怕会遭到黑白两道的一致追杀。但再这样下去，四海帮的地盘就要被水月帮给抢光了。at 就在这时，山炮接到一个电话，脸色马上变得惊喜。老大，水月帮的幕后老大找到了，真的！胡四海仿佛看到了破局之法，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把烟都扔了。老大，我们花了十万收买了一个水月帮成员，他把他们幕后老大的资料发过来了。山炮赶紧把手机交给胡四海。 胡四海满怀希望的一看，差点没气死。青州大学医学系临床二班，宁晨，山炮，新号，新号，新号，是不是傻？花了十万，还被人给耍了！胡四海把手机砸到山炮脸上，气得大吼。山炮好像早有准备，赶紧解释道：“老大，你先别生气，我刚才问了一圈，正阳之前被这小子打过，当时王银花也在场。这个大学生肯定不简单，要不我们先把他抓回来问问？”胡四海沉思一会儿，好，山炮，你走一趟，把这小子带回来，老子亲自问他和王银花是什么关系。 是老大，苏婉婉的奶茶摊最近生意很不错。由于这是学校扶持的项目，所以可以开在校内商业街的路口。很多人都是奔着苏婉婉来的，想看看这个医学系系花究竟有多美。舒言，我们也去买一杯吧。听说这里有一个奶茶西施，长得很漂亮呢。江糖挽着许舒言路过商业街，好呀。许舒言笑着走过去排队。不一会儿，轮到他们的时候，一道清甜可人的声音传来：“两位小姐姐下午好，喝点什么？” 苏婉婉疲惫但充实的娇俏脸蛋上挂着明媚的笑容，雪白的香娥被汗水打湿，沾了几缕秀发，但丝毫不影响女孩的美丽。哇，果然很漂亮呢！江糖眼中直冒小星星。你好，两杯葡萄奶盖。许舒妍很有礼貌的说道。好好的。苏婉婉已经认出这两个女生就是运动会上围在宁晨身边的那两个，自己和她们无论气质还是家境都差得太远了。江糖和许舒妍则完全没这么想，他们小声交谈。 直夸苏婉婉好看，不愧是医学系系花。很快，两杯奶茶做好了，二女付账告辞。突然，江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舒言，你看，那不是大力哥吗？哪里？许舒言循声望去，果然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也不排队，手里拿着一包薯片，悠闲的走到奶茶摊边。他怎么不排队啊？一点素质都没有！许舒言没好气的说道。接着，他们便看见苏婉婉亲切的递过来一杯奶茶，很开心的和宁晨聊起了天。 宁晨也有说有笑，甚至还帮忙收拾了两个企图调戏苏婉婉的大二学生。他们认识？许淑妍微微一愣，不知为何看见宁晨和漂亮女孩站在一起聊天，她心里有点不舒服。随后，另外两个合伙人蒋颖和徐荣丽赶过来，苏婉婉便脱下工作服，和宁晨并肩离开商业街。天啊，舒言，他们一起去吃饭了。江糖很惊讶，大力哥不会再和苏细花谈恋爱吧？管我屁事！许淑妍扭头往相反的方向走去，绝色娇颜上布满了气氛。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气，可能因为某人眼瞎吧。奶茶店生意怎么样？出校门的路上，宁晨随口问道。挺好的，上个月有一万多利润呢，和荣丽、隐隐他们分一分，每个人差不多能。苏婉婉笑靥如花。宁晨很少主动问他问题，这不禁让她更开心了。哦，其实宁晨就是随便问问。宁晨，你好像很喜欢吃这个薯片，真的有那么好吃吗？苏婉婉好奇地看着宁晨手里的薯片包装袋，还好吧？ 宁晨叹了口气，其实他吃的都快反胃了，但没办法，谁让这独孤片里有灵气呢？虽然含量低得可怜。刚出校门，忽然有十几道身影从后面跟了上来，又来。宁晨摇了摇头，十分无奈地道：“婉婉，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你先回去吧，我随后就到。”好，苏婉婉很乖，没问什么就走了。宁晨目送他安全离开，然后很快被这群人围住。山炮哥，那个妞儿跑了。一个混混提醒道：“不用管他，老大要的是这小子。” 带头的是一个体壮如牛的年轻人，额头上带着刀疤，看起来十分凶悍。你就是宁晨？山炮走上来，一米九的身高带来极大的压迫感。想干嘛？宁晨淡淡的抬起头。我们老大请你过去喝酒，赏个脸吧，宁晨同学。山炮咧嘴一笑。行，带路吧。宁晨直截了当。你，你都不问问我们老大是谁？山炮闻言一愣。废你妈什么话？走不走啊？宁晨很不耐烦。小野，把车开过来。 山炮沉着脸，很快，几台金杯面包车呼啸而过，带走了宁晨。山炮坐在副驾驶上，不断从后视镜里打量着宁晨。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可学生不是最怕混混的吗？四十多分钟后，山炮带着宁晨及十几号小弟走进了魅力酒吧。路过的某张卡座上，正坐着一个富豪公子哥，他叫秦奋，滨海七少之一。两个月前，被叶家大少从滨海派过来，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他奶奶的！ 就给我一张素描，还不知道准不准，让我怎么找啊？这不海底捞针吗？叶孤楼，你妈炸了！第五十八章四海帮灭。老大，人带到了。至尊 VIP 包厢里，ad 山炮把宁晨推了进去，旁边跟着一群小弟，个个都很好奇的打量宁晨，还有一些妆容妖艳的公主也朝宁晨投来讶异的目光。宁晨同学坐，胡四海还挺客气的，让一个公主给宁晨倒酒。找我有什么事？宁晨大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 还没吃完的薯片也放在茶几上，一路上过来，渴了吧？来，先喝酒，喝完咱们再谈。胡四海笑着劝酒，有屁快放！宁晨不耐烦了，这一句可把倒酒的公主吓得不轻，手都颤抖了一下。这个大学生疯了吗？敢这么跟四海帮老大的说话？山炮也欲发作，不过却被胡四海拦住了。他用两根手指轻轻把酒杯拨到宁晨面前，陈哥，这么多小弟和妹妹在场，给个面子吗？好啊！宁晨抄起酒杯。 随手泼在胡四海脸上，啊！几个长相甜美的公主发出尖叫，脸都吓白了。星号星号星号找死！山炮等四海帮成员也是勃然大怒。胡四海抹了一把脸上的酒水，却是发出大笑，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水月帮的幕后老大，有胆量。他终于不再执着让宁晨喝酒，而是坐回沙发，让小弟给他点上一支烟。看见茶几上有一包薯片，他随手拿起，就这么吃了起来。喂！宁晨顿时不淡定了。 这特么可是他的独孤片啊！不过见胡四海吃的这么香，他也没好意思阻止。陈哥，谈谈吧。胡四海边吃边说：“四海帮和水月帮每天这样斗来斗去，只会两败俱伤，让别的帮派趁虚而入。我并不是水月帮的老大，你们应该找王银花。”宁晨摇摇,摇头：“别搞我了，陈哥。王银花区区一个小女人，何德何能管理这么大一个水月帮？”胡四海根本不信。我倒是有个提议，不如以后咱们两个帮派合并，我比你大，就勉强当个大当家，你是二当家。 怎么样？一边说着这些，他还低头扫了一眼包装袋里的薯片，心想这什么牌子的薯片这么好吃？这股淡淡的药香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突然，这时一股剧痛从小腹处涌来，死，胡四海戴上痛苦面具，捂着肚子，哼哼唧唧的斜靠在沙发上。老大，老大你怎么了？山炮赶紧走过来。哟，有毒？胡四海指着手里的薯片，一张脸变成了猪肝色。啥？山炮愣了一下，一把抓过薯片包装袋。 恶狠狠地瞪着宁晨，姓宁的，星号星号星号不讲武德，竟然下毒。零食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宁晨伸手接过包装袋，当着众人的面就吃了起来。这，众人一愣，仔细想想，在薯片里下毒，这也说不通啊。毒菇片的原材料是鬼手青，这种剧毒蘑菇能在十分钟内毒死一头牛。人类肝脏的解毒功能，在这种剧毒面前根本不够看。胡四海没撑到救护车过来，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老大。 老大，山炮抱着胡四海青黑色的尸体，大哭大喊：“给我砍死他，砍死他！”宽敞的包厢里响起一阵喊打喊杀的声音。原来今天这个局是鸿门宴，四海帮的成员们早就准备好了家伙，人手一把砍刀，不要命的朝宁晨冲过来。一群蝼蚁，宁晨冷笑：“区区管制刀具，被他单手一握就成了铁泥，手臂一挥，人就像叠罗汉一样横飞出去。”没一会儿，地上就躺满了四海帮成员，哀嚎声交织成一片。 而宁晨全程坐在沙发上，动都不带动一下的。你，山炮等四海帮高层看傻了，还有那几个陪酒的公主，以为是在做梦，要么就是拍电影。他是武者，一个帮派高层大喊道：“武者又怎么样？老子照样打死你！”山炮大吼着，直接从腰间拔出一支黑色的勃朗宁手枪：“去死吧！”砰的一声，扣动扳机，他瞄准的是宁晨的太阳穴。但在这刹那之间，宁晨也动了。 两根手指往太阳穴上一挥，便是轻松夹住一颗子弹。整个过程，宁晨甚至目不斜视。此时，他还倒上了一杯酒，淡定地喝了起来。我操<走>！众人吓得发出怪叫，同时都联想到了一个电影人物：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你你你,你，你是人是妖怪？山炮拿着手枪，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宁晨没有回答，屈指一弹，子弹以原先两倍的速度射了回去。噗的一声轻响，直接在山炮脑门上开了个眼儿。 四海帮的二号人物，绰号“山炮”的陈大炮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哎呀！几个公主发出刺耳的尖叫。这时，包厢大门被人从外面踹开，一群人鱼贯而入。看到王银花、陈家兄弟等人的脸色，宁晨微微松了口气，幸好不是其他人，不然就要浪费灵力施展消除记忆的法术了。毕竟这种事情他可不想传出去，这样可会惹来不少麻烦。陈哥，你没事啊？这……王银花风风火火的闯进来，看见满地狼藉，愣在当场。 陈子豹、陈子郎等水月帮成员全部都傻眼了。这里没我的事了，你们处理一下，我先走了。宁晨起身，潇洒离去。胡四海、陈山炮、王银花看见四海帮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马上让人过去查看情况。银花姐，他们俩俩人都没气了。小弟颤抖的声音传来。王银花大脑有点缺氧，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四海帮没了，老天爷啊！第五十九章大伯许建国。 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西城区的大帮派之一四海帮被人给灭了，水月帮秘密接手了四海帮的产业。等别的帮派反应过来，想分一杯羹的时候，已经迟了。陈哥，西城区现在一半都是我们的地盘了，我们今天接手了很多店面，以后每个月光靠收点钱就有好几百万的收入。王银花激动地打来电话，有了新地盘，好好做点正当生意，不要欺负普通人，什么保护费最好都不要去收了。凌晨说了几句之后，忽然提出一个问题：“你这边有一万吗？”一万。 陈哥，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王银花话刚脱口，便意识到不妥。老大怎么花钱，哪里轮得到他一个小弟来教？于是赶紧道歉：“对不起，陈哥，我多嘴了。”宁晨嗯了一声。王银花想了想，回答道：“最起码也要一两年时间，一两年啊！”宁晨听见这话，多少有些失望，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免得他们去瞎搞。然后又说：“算了，近期多生产一点独孤片，我不够吃，还有兽血也快用完了。”“好的，好的。”王银花用双手捧着话筒。 不停地点头。宁晨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看见前排正在认真听讲的苏婉婉，于是说道：“对了，有个叫苏海超的欠的高利贷，抹了吧？抹了？啊、呃，好。”王银花不敢多问，他以后再敢问你们借钱，你帮我揍他一顿。宁晨又补充了一句：“好的，陈哥，没有问题。”王银花满口答应。挂断电话后，彻夜未眠的王银花躺在座椅上，心中忽然升起一个荒谬的念头：抱紧陈哥这条大腿，日后自己成为整个青州的地下女王，或许都有可能。 只是陈哥需要一万干什么呢？另一边的宁晨压根没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下课后，苏婉婉从桌上捧起一杯新品奶茶，打算让宁晨先尝尝味道。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冷傲女生忽然从她面前经过。她是？苏婉婉愣了一下。这个学姐，好强的气场，是大四的温青兰学姐。听说出身武道世家，她来找宁晨干什么？蒋颖好奇的声音传来。在许多学生惊艳的目光中，温青兰径直走到宁晨面前，又干嘛？ 宁晨斜了他一眼，温青兰看着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就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三个月前大闹青州武协总部，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副会长梁永志就像认栽了一样，再也没有派人去找宁晨的麻烦。堂堂是武协，被欺负成这样，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魔幻故事。没事，我走了。宁晨起身，有有事？温青兰赶紧开口。亲眼见识过宁晨的凶悍，温青兰气势上不由得就矮了一截。下周爷爷八十大寿。 想请你去洲际酒店做客，不用礼物，人到就行。”他说道。“有好吃的吗？有好吃的我就去。”宁晨说道。“当然有。”温青兰轻手轻点。“行。”宁晨说完就走了，路过苏婉婉身边，他拿过那杯新品奶茶，插上吸管喝了一口，蓝莓味还挺好喝的。他边喝边离开教室。温青兰清冷的眸光马上落在苏婉婉身上，上下打量着。宁晨身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漂亮女孩子？苏婉婉感到非常不自在。一路来到校门口。 乔静的奥迪 A 八正停在路边，宁晨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许淑妍和江糖正在聊天，看见他，江糖热情的打起了招呼，许淑妍却是把精致脸蛋扭过去，摆起了脸色。宁晨挺纳闷，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又招惹到这位大小姐了，不过再忍一忍就能解脱了。小陈，今天去乔姨家吃饭，你还没去过呢吧？乔静开着车。是啊，宁晨点点头。玫瑰园别墅只是徐景山为了女儿上学方便购置的，夫妻俩平时不住这儿。 他们有自己的公寓，想吃什么？乔伊让保姆去准备。乔静随口问道：“我想吃奥龙和牛帝王蟹、鲍鱼、海胆、佛跳墙。”宁晨毫不客气抱起了蔡明，车里一阵沉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许书言小声咕弄道：“乔静笑了笑，也没有放在心上，马上打电话让保姆去准备。”不一会儿，车子兜兜转转来到市中心的武林公馆。武林公馆是全青州最豪的公寓住宅之一，左临西子湖，又靠大运河，最小的户型也能卖千万。 徐景山和乔静住的是一平的大平层，装修没有想象中的奢华，反而透着一股浓浓的生活味道。夫妻二人平日里的生活还是比较朴素的。中午，明晨正和许家人吃着饭，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老公，你还请了客人？”乔静问道。“没有啊。”徐景山也很奇怪。管家范毅去开门，一个身宽体盘的中年谢顶男人大步走了进来，闻见飘在空气中的饭菜香味，哈哈大笑：“景山在吃饭呢，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你怎么来了？徐景山走上去，眉宇间却闪过一丝不快。他是舒言的大伯，叫许建国。餐桌上，江棠对宁晨说道：“不过两家人关系不好，平时都不怎么来往，不知道今天怎么突然跑来了，可能是来蹭饭的。”宁晨嘴里嚼着一只黑金小鲍鱼，分析道：“蹭你的头。”许舒言没好气的斜了他一眼，说道：“我大伯家做房地产的，比我家还有钱，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宁晨懒得搭理，继续埋头干饭，就知道吃。许舒言眉目一横：“你有病吧？” 我吃饭关你屁事！宁晨没好气的骂道：“自己到底哪招这个大小姐了？一上午都没给她好脸色。莫非她有间接性精神分裂症？”你，许淑妍一拍桌子，本想骂回去，但想到还要靠这个家伙带她上分，还是暂且忍下吧。这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公寓大门被重重关上。许淑妍的大伯许建国气呼呼的走了。第六十章黑龙的实力。爹爹，你怎么又和大伯吵架了？等许景山坐回来，许淑妍问道。 没事，吃饭吧。徐景山努力让铁青的脸色恢复正常。爹爹，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你快和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嘛？一家人还是要好好相处的。许舒言追问。一家人？哼，我把他当一家人，他把我当一家人吗？徐景山冷笑，接着道：下周是温老爷子八十大寿，老爷子包下桃花源酒店宴请全青州的名门望族。舒言爷爷让我代表许家去给温老爷子贺寿，许建国今天就是奔着这个代表名头来的。他说他想花一个亿。 买这个代表名额，哼！我的生意虽然没他大，但也不缺这点钱。乔静摇摇头，真是太不要脸了。许书言没带青锁，大伯怎么这样一个代表的名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当然了，徐景山很肯定的说道。温家可是青州排名大家族，和咱们许家齐名。温老爷子八十大寿，谁敢不给面子？武协都要派人过去祝贺。许建国一直想在这种大场面刷存在感，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许书言红唇一撇，无聊，跟娱乐圈四方位一样。 徐景山摇摇头：“你不懂，算了，吃饭吃饭。”许叔。这时，宁晨忽然插嘴：“你说的那个温老爷子，是不是叫温月啊？”“是啊，怎么了？”徐景山问。“没什么。”宁晨没多说什么。他对青州上流社会的势力不太了解，没想到温老头面子还挺大。你又不去，瞎打听什么？”许淑言又对他：“谁说我不去？”宁晨回呛：“你去个屁！”许淑言再对：“好了好了，吃饭。” 徐景山无奈地打断这对冤家，他确实不打算带宁晨参加温老爷子的寿宴。试想一下，以宁晨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许家的作息中，会引来什么猜测？舒言的男朋友，他未来的女婿。虽说宁晨很优秀，但徐景山骨子里还觉得以他的家境背景配不上自己的宝贝女儿。下午没课，吃完饭后，许舒颜和江糖决定去逛青州大厦。江糖本来想拉宁晨一起，让他当个人肉苦力，却被无情拒绝。回到玫瑰园小区，宁晨发现有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正用望远镜监视别墅里的情况，目标出现，注意隐蔽。两个杀手发现宁晨，迅速把头缩进绿化带。不一会儿，宁晨牵着黑龙出门遛狗去了，两个杀手赶紧跟上。绿城玫瑰园附近有一大块荒地，还没有开发，长满了齐腰高的杂草。宁晨打算在这里检验一下黑龙的战斗力。黑龙后面有两只跟屁虫，去干掉他们。宁晨取下黑龙的项圈，用手爱抚着他头顶的毛发，接着指了指身后。汪汪汪汪汪！王王王黑龙昂首回应。 悠悠的目光盯住了草丛中两个杀手，老燕<爷>，我怎么感觉他发现我们了？其中一个低声怀疑道：“妈的，暴露了，快跑！”另一个扭头就跑。这两个被组织派过来盯梢级杀手，死都没想到一条狗能跑得这么快。黑龙被宁晨喂了近百粒蟹四丸，身体素质堪比内境武者。荒地之上，仿如有一道黑色闪电疾驰而过，两个杀手先后被黑龙扑倒，以利齿封喉。两个杀手身体抽搐，惊恐的看着慢悠悠走过来的宁晨：“不，不要！” 一个杀手挣扎着想爬走，黑龙抬起狗腿往他大腿上一拍，咔嚓一声，大腿骨折断，杀手发出凄厉的惨叫。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狗啊？啊另一个杀手临死前脑中充满了震步。宁晨都懒得留活口，直接让黑龙刨个土坑，把这俩人就地掩埋。这种一看就是炮灰，没什么拷问的价值。他希望这个杀手组织不要不识好歹，不然哪天自己心情不好，很可能会把他们连根拔起。日常埋尸后，宁晨又溜达了一会儿。 才带着黑龙回到玫瑰园别墅，不料又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站在门前，张望着屋里的情况。你干嘛？宁晨走过去呵斥道。呃，是你，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一眼认出宁晨，堆满肥肉的脸上立马露出笑容。你怎么在这儿？原来他就是许淑妍的大伯许建国。我住这儿，你有什么事儿吗？宁晨牵着黑龙。你住在这里？许建国指着别墅，惊讶的瞪着宁晨，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同居？ 女婿，四个大字从许建国脑海中跳出，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浓郁了。你叫叫什么来着？算了，小兄弟，我有笔买卖想跟你谈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多大的买卖？一百亿以上，我可以考虑看看。宁晨说道。一百个亿，许建国瞬间怀疑宁晨脑子有病。他尴尬的笑了笑。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你帮我一个小忙，我给你十万块，怎么样？你搁这打发叫花子呢？宁晨走上去，一把将其推开，闪开。 黑龙也冲着他狂吠，汪汪汪！二十万，许建国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比了一个二。宁晨掏出钥匙，直接打开别墅院门，理都不理他。正准备关上的时候，许建国忽然作死，把脚心号心号心号门缝。你的脚？宁晨脸色一冷，你别逼我。许建国没把他的警报放在心上，笑眯眯的说：“小兄弟，晚上有空吗？大伯请你去桃花源吃饭，再去名钻会所按个摩，那里的妹子可水灵了，你懂得啊。”轰！话还没说完。 宁晨一使劲，把院门重重关上。只听咔嚓一声，许建国左脚骨折，发出杀猪般的惨叫。他把脚抽出来后，宁晨这才牵着黑龙慢悠悠地走了进去。小兔崽子，你给老子等着，不弄死你，老子就不姓许！许建国捂着肿成猪蹄的脚，疼得冷汗直冒。宁晨已经把黑龙带进院子，又喂给他一粒血丝丸。第六十一章，你妈妈身体还好吗？这种丹药其实是带有一点狂暴属性的，哪怕是一只小白兔长期服用。 也会勇猛如豺狼虎豹，普通人很难驾驭。服用了血丝丸的野兽，宁晨却掌握着一门御兽诀，哪怕黑龙日后能一口咬死宗师，也不敢不听他的话。许舒颜和姜棠一直玩到九点才回来。大力哥，舒颜给你买了一双限量款 AJ，你快来试试看呀！姜棠抱着一只包装精美的鞋盒，敲开了宁晨的房门。客厅里立马传来许舒颜的声音：“小唐，你又胡说八道了，明明是你给他买的，我才没有呢，还不是你出的钱？”姜糖吐了吐小舌头：“我随手一起付掉了。” 许书言很傲娇，根本不可能承认自己给宁晨买鞋子，尽管确实是他付的钱。宁晨接过鞋盒，拿出一双灰蓝相间的 A J 球鞋，多少钱？我转你吧。宁晨穿上后，在客厅试了试，意外的发现很合脚，然后朝许书言看了过去。正巧许书言坐在沙发上，翘着他那双雪白新长的美腿，从宁晨的角度看，那玲珑诱人的曲线一览无余。许书言俏脸微红，赶紧拿过靠枕盖住大腿，然后狠狠剜了宁晨一眼，看什么你？ 我没看，宁晨摊了摊手，然后掏出手机。我只是想把鞋子的钱转给你。哎呀，大力哥，舒言每个月零花钱十几万，不差你这点。江棠把宁晨拉开，巧笑倩兮的说道：“就是，把我们带上荣耀王者，比什么都强。”许舒言也撇了撇红唇，宁晨却是摇摇头：“我还是给钱吧，你们俩太菜了，带你们上荣耀王者，我得累死。”去死！一只带着许舒言体香的枕头砸了过来。翌日一早，宁晨穿着他的新球鞋上课去了。 刚到教室，他就听见副班长黎炫明在吹牛逼：“我这双球鞋是 A J 和灌篮高手的联名款，全国限量五百双。毫不夸张的说，整个青州有我脚上这双的不超。”黎炫明坐在前排座位上，翘着二郎腿，将一双红黑配色的崭新球鞋露出来。旁边围满了男学生，方小胖和张大春也在里面。李哥，全国限量五百双，那应该挺贵吧？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盯着黎炫明的脚，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他叫戴振强，是一个篮球迷。 成天跟在黎炫明屁股后面混，这不废话？黎炫明掂着脚，牛逼哄哄地说道：“我这双是流川枫联名的限量款，一双要我磨了我老爹好几天，他才给我买的。我敢保证，整个清大，你们找不出第二双一模一样的来。”正吹着呢，宁晨从众人身边经过，张大春目光往下一扫，就看见宁晨脚上穿着一双和黎炫明一模一样的球鞋，红底配色，大大的黑沟十分亮眼。宁晨，你脚上这双！张大春赶忙一指，大喊一声。 顿时吸引了所有男同学们的目光。哇，又一双流川枫联名款！方小胖也叫了出来，羡慕的盯着宁晨脚上。宁晨，想不到你是隐藏的富二代，刚出的联名款你就买了。宁晨随口道：“不是我买的，人家送的。” at 假鞋，一看就是。黎炫明打断他的话，还瞄了他脚上一眼，笃定的说道：“我这双流川枫联名款，整个青州也不超过十双，而且我都认识。”宁晨，你这假鞋穿的舒服吗？几百块钱买的呀。 黎炫明故意嘲讽宁晨：“舒不舒服关你屁事？”宁晨斜了他一眼：“你再哔哔一,一句，信不信我大臂兜子抽你？”他才不在乎假鞋真鞋，能穿就行。急了，哈哈，急了！黎炫明指着宁晨，对着旁边的兄弟嘻嘻哈哈。结果宁晨一个大臂都真抽了上来，啪的声音在教室内回荡开来。黎炫明捂着脸，直接被打傻了，愣愣的看着宁晨。他没想到宁晨这人说动手就动手，一点都不含糊。 尼玛！二十一世纪了，法治社会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啊？宁晨，我他妈弄死你！黎炫明到底是个男生，挨了打怎么可能不还手？抡起拳头就朝宁晨打来，啪！结果又挨了一个大逼兜。我跟你拼了！啪！宁晨，你不得好死啊！啪！别打了，别打了！黎炫明倒在课桌椅里面，书本掉了一地，左脸高高肿起，疼得直咧嘴。你在他们面前装装逼可以，在我面前装逼，抽死你！ 宁晨又瞪了他一眼，这才转身离去。黎炫明这种人就是欠收拾，要是不好好揍一顿，以后肯定变本加厉。太暴力了！临床二班的学生们看见这一幕，脸都吓白了，连班长张欣然都不敢管。没一会儿，病理学老师来上课，发现今天教室里出奇的安静。一问才知道，宁晨把黎炫明给打了。这还得了？他马上把两个人带到了系主任刘威的办公室。打架？刘威坐在办公桌后面，摘下眼镜。 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着宁晨和黎炫明，然后说道：“于老师，你先回去上课吧，这里我会处理的。”“好的，刘主任。”病理学老师于平转身就走了。刘主任，他他打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打我！黎炫明捂着脸开始哭诉：“刘主任，您一定要给我做主啊！”“好了好了。”接下来，刘威打起了领导们都擅长的太极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居然让宁晨给黎炫明道个歉，赔点钱就算了。“刘主任，你你怎么能这样？” 黎炫明瞪大眼睛。前阵子人文系学院有两个男的打架，结果两个都差点劝退了。这样吧，宁晨，你给黎炫明道个歉，然后再赔块钱，这件事情就这么处理吧。刘伟摆了摆手，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黎炫明差点气疯，他爸妈都开公司的，差这点钱吗？干！我给你一万吧，连下次的一起给了。宁晨掏出手机准备转账。宁晨，你妈！黎炫明正欲破口大骂，结果宁晨又把手举了起来，吓得他赶紧改口。 你妈妈身体还好吗？第六十二章邂逅奶茶摊的危机。宁晨这才把手放了下来。好了好了，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出去。刘威装模作样的训斥道：“同学之间要和和睦睦，以后不要再打架了，听见了没有？”宁晨哦了一声，就出去了。李炫明也不是傻子，知道系主任在偏袒宁晨，只好先出去再想办法。结果宁晨出去以后，直接把手机揣进兜，径直朝教室走去。宁晨，你等一下！李炫明喊住他，皮又痒了。 宁晨转过身，黎炫明缩了缩脖子：“你，你不是要转我一万块钱吗？我看你想吃大笔兜子。”宁晨又抬起手吓唬了黎炫明两下：“滚！”“行，你狠！”黎炫明满嘴的牙都快咬碎了，扭头离开，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与此同时，刘威给温月打了一个电话，把宁晨打人的事说了一遍：“老校长，他再这样下去，指不定会捅出什么大篓子。您还是想想办法，把这位爷转走吧。”刘威欲哭无泪的说道：“他之所以不敢处置宁晨，” 是因为老校长温月跟他打过招呼，唉，电话那头温月也是叹了口气：“刘主任，宁晨的背景不是你能想象的，或许连我也招惹不起。这尊佛，咱们还是小心翼翼的供着吧。”刘威吓得一个机灵，这么恐怖，还好他刚才没给宁晨什么处分，不然麻烦就大了。我八十大寿那天请他过来，到时候跟他好好说一说，在学校里收敛一点。温月只能这么安慰刘威。而另一边，宁晨安然无恙的回到教室上课，也是让临床二班的学生们很诧异，连老师余平都懵逼了。 下课后，于平赶往系办公室询问情况，却被刘威一脸严肃的警告：“于老师，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打听了，里面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结束了一天无聊的课程，宁晨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往校内商业街走去。邂逅奶茶摊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苏婉婉、蒋颖、徐荣丽他们用料很讲究，把一杯奶茶的利润压得很低，薄利多销，所以大家都爱来买。宁晨是个吃货，每天路过都要拿几杯。苏婉婉从不收他的钱。嗯。 那是，穿过商业街的时候，宁晨无意间瞥见一道熟悉的背影。关小曼，这个临床一般心思歹毒的白富美，带着两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一路钻进小树林。宁晨没有去刻意偷听，只是路过的时候，耳朵一动，三人的聊天声便传入耳中。身为一个元婴期大修士，如果他愿意，临时可以覆盖整个华国，听到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谈话内容。东西带来了吗？这是关小曼的声音。放心，都准备好了。小家伙鲜活得很。说好的三千，少一分都不行啊！ 两个青年声音带着一股社会人的味道，一听就不是学生。成交！关小曼眼中闪烁着恶毒之色，只要能搞垮苏婉婉的邂逅奶茶摊，别说三千，三万他都肯掏。他就是要出这口恶气，又是针对婉婉的。宁晨摇了摇头，随后两个青年钻出小树林，去奶茶摊排队。嚯，人还挺多。一个小平头笑着打量一圈，看那个女服务员真水灵啊，比那些网红好看多了。另一个脖子上有纹身的男生指着苏婉婉，怎么？ 舍不得，小平头笑道：“切，有什么舍不得的？又不是我的女人。”纹身男冷哼。很快，他们各买了一杯奶茶，坐到商业街附近的石桌上喝了起来。没几分钟，那个小平头就大叫了一声：“我遭！这是什么？”纹身男从座位上站起身：“怎么了？蟑螂！奶茶里有蟑螂，太尼玛恶心了！”小平头指着奶茶，弯腰做出呕吐状。他嗓门很大，附近桌的一些学生也都扭头看过来。只见一杯喝了大半的蜂蜜柠檬水上面。 漂浮着一只黑乎乎的小虫子，凑近一看，果然是一只小蟑螂，还是活的。哦,哦，哦。纹身男下意识的想吐，拿起手里的奶茶准备扔掉，小平头赶紧拦住他：“等等，阿、啊、豪，这是证据，不能扔，咱们去找他们。”“对，去找他们，必须要赔偿。”两个人气呼呼的来到邂逅奶茶摊前，直接把两杯奶茶砸到操作台上，啪的一声，汁水四溅。你们正在点单的苏婉婉吓了一跳：“你们就是这样卖奶茶的？”小平头叉着腰。 恶狠狠的质问：“不好意思，两位同学，请问发生了什么事？”蒋颖和徐荣丽走过来，自己看，小平头指着他那杯柠檬蜂蜜水：“我遭，蟑螂！”刚刚点完单的两个男生看见一只小蟑螂正在奶茶杯里仰泳，六条腿在黄绿色的柠檬水中不停的扑腾，脸都绿了。“不，不好意思，能退钱吗？”“我不买了。”其中一个男生说道。“我也不买了，好恶心。”另一个也说道。他们身后正在排的队伍顿时骚动了起来。 一些经常光顾邂逅奶茶摊的学生们脸色很难看。蒋颖和徐荣丽心知事情不妙，赶紧安抚起顾客。苏婉婉则把那杯奶茶拿起来，仔细检查了一下，然后犹犹豫豫地问道：“虫虫子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吧？”“你说什么？”小平头一巴掌拍在操作台上，怒目圆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进去的？我闲得蛋疼，没事来这里栽赃你们、啊。可可是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昨天才采购的新鲜水果，怎么会有虫子呢？”苏婉婉争辩道。 李梅开烧烤店，从来不用地沟油，不进僵尸肉，本本分分的经营，所以利润不高。有母亲的言传身教，苏婉婉也是把诚实守信放在做生意的第一位。你问我，我替谁去？小平头冲着苏婉婉吼道。纹身男直接摆了摆手，说道：“别废话了，赔钱。”第六十三章，二位居然有这种癖好。小平头也摆出一副被恶心坏了的样子。对，必须赔钱，少说也要一千块钱。一千块，我们一天的营业额也才一千块。 苏婉婉看着顾客们怀疑、厌恶、恶心的目光，心里真是又气又急。每一杯奶茶，她都很用心的去做，头发盘着，口罩戴着，连一根头发、一滴唾沫都不会溅进去，怎么可能会出现蟑螂？白痴！谁让你们要赔偿的？这也太明显了吧！正在不远处观察的关小曼差点气死。果然，一提到赔钱，有几个顾客的眼神瞬间出现怀疑。虫子该不会真是你们放进去的吧？一个女生小声说道。是啊，我每天都在这里买奶茶。 这里的卫生可好了，越看越像来讹钱的。又有两个男生附和：“滚一边去！感情不是你们喝出蟑螂是吧？”小平头怒喷，然后冲着苏婉婉又嚷嚷起来：“赶紧道歉赔偿，不然这事没完！小心我们告诉你们老师，让你们这破奶茶摊开不下去！”纹身男也大声威胁。正在苏婉婉不知何时好的时候，救星又现身了：“麻烦来一杯柠檬蜂蜜水。”是宁晨。苏婉婉顿时投来感激的目光。蒋颖和徐荣丽也很开心，在这种时候点单。 无疑是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两个青年不干了，喂，他们的奶茶里有蟑螂，你还敢喝？不怕喝死啊？第六十五章三十万。正说着，宁晨的声音忽然传来：“你们三个在这里干什么？”苏婉婉赶紧抬头，一路小跑过来、嗯：“宁晨，你怎么样？刘主任怎么说？”宁晨一脸的不知所云：“什么怎么说？”蒋颖跟了上来：“关小曼她爸不是来学校了吗？宁晨，你爸来了没有？”话音刚落。 几个穿着白大褂的校医冲进行政楼，很快从里面浮出来两个伤员，正是关伟明和关小曼这对父女。其中关伟明伤势过重，还是用担架抬出来的。苏婉婉三个女孩眼睛瞪得老大，一脸惊恐地看着宁晨。宁晨，关小曼左边脸高高肿起，从宁晨身边经过的时候，几乎只是用一种杀人的目光看着他。还有苏婉婉，苏婉婉有点害怕，下意识地躲到宁晨身后。还不服气？宁晨瞪了关小曼一眼，上去就是一脚，直接把关伟明的担架踹翻。 让这个伤员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宁晨，你混蛋！关小曼尖叫一声，赶紧去追逐自己老爸。而这一幕都被躲在二楼栏杆后的黎炫明看在眼里。果然如此啊！宁晨这个杂碎，仗着自己在学校里有关系，这么嚣张！你等着，我要曝光你，让你尝尝网络暴力的滋味！从行政楼离开后，蒋颖和徐荣丽识趣的离开，给苏婉婉和宁晨制造二人空间。宁晨虽然已经说了很多遍，但我还是想说，谢谢你。苏婉婉走在宁晨身边。 没忍住哭了，他无法想象今天还有上次，如果不是宁晨帮忙，他会被关小曼逼到什么地步。我不是在帮你，我只是不想以后喝不到免费奶茶罢了。宁晨依旧冷漠，看都没看身边这个水灵的细花一眼。你要是真心感谢我，就多研发几款奶茶的口味，不然哪天我喝腻了，就不会再帮你了。苏婉婉先是一愣，然后低头浅笑，轻轻的点了点头。这个男生真是嘴硬啊。两人沿着风景秀丽的人工湖走了一段路，快到校门的时候。 苏婉婉忽然鼓起勇气，宁晨，干嘛？宁晨不耐烦的转过头，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尽管在心里练习了很多次，但真说的时候，苏婉婉还是口误了。她闹了个大脸红，赶紧改口，不，不是，是我做你的。你别做梦了。宁晨毫不留情的打击。苏婉婉一下子沉默了。你是不是不想谈恋爱？没事啊，我可以等你，等你想谈恋爱了。不是，我觉得你不好看。宁晨再次拒绝，这次理由更加直白，我。 苏婉婉瞬间有点怀疑人生。从小到大，她走到哪里都被人夸漂亮，这个可不是客套。从初中到大学，被她拒绝过的男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生平第一次，有人说她丑。不知为何，她突然想到了他们青州大学的校花，那个名为许淑妍的女孩。宁晨，你是不是喜欢许淑妍？苏婉婉小声问道。啥？宁晨头上冒出来无数个问号。但为了让苏婉婉死心，他只好说：“对我就喜欢许淑妍那一款。”我知道了。 苏婉婉扬起清纯甜美的脸蛋，强行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没事的，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以后还是会天天给你带奶茶，直到你追到许舒言，嗯。医院内，关伟明浑浑噩噩的醒来，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痛。宁晨，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姓关。死！忍着剧痛，他从枕边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喂，豹哥，三十万，帮我卸一个人的腿。电话另一边。 名钻会所天台，陈子豹正赤着膀子练功。自从练了上古强身术，再加上服用淬体散，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每天都在突飞猛进，比三个月前强了何止十倍。接到关伟明的电话，他顿时想笑：老子都什么实力了，还接你这种小单子？关老板又什么人招惹到你了？我最近忙着练功，没空。你给我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交给手底下的小弟去弄。陈子豹淡淡的说道：“好嘞，豹哥。”关伟明连连点,点头。 他可听说了，最近水月帮在银花姐的带领下占了西城区地下半壁江山。豹哥，这事儿说起来也挺离谱的，也有点丢人。关伟明还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学生把我给打了。陈子豹眉头微沉。学生？关伟明嗯了一声，不是一般的学生，家里估计有点背景，在青州大学真是一手遮天，连系主任都不敢惹。要不然我也开不出三十万。不知为何，陈子豹想到了一个人，他继续问：“好刁的学生，他叫什么呀？”宁晨。关伟明爆出两个字。 然后电话那边就沉默了。豹哥，喂，豹哥，女人呢？还在吗？关伟明一脸懵逼的拿开手机，看了看屏幕，奇怪，信号也没问题啊。另一边，陈子豹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他第一反应就是挂断电话，拉黑关伟明这个新号、新号、新号。但转念一想，这貌似是个立功的好机会啊，他马上对关伟明说道：“喂，关老板，我这边信号不好，刚才你说那个学生叫宁晨是吧？”关伟明：“对对对，就叫宁晨，医学系临床二班的。” 陈子豹点点头，好，我现在马上安排人过去。你先把定金打过来。关伟明大喜，好，好嘞，豹哥。陈子豹挂断电话，立马穿上衣服下楼，把情况告诉了王银花。王银花便将事情如实转告给了宁晨。三十万买我一条腿？宁晨笑了，既然他这么狠，那我也不客气了，报警吧。报报警？王银花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是啊，买凶伤人，性质这么恶劣，当然是要好好惩治的。宁晨理所应当地道，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是，王银花哭笑不得。记得把证据搜集齐全，再聘请最好的律师，最好让他把牢底坐穿。宁晨又嘱托了一句，挂断电话，悠闲的走进玫瑰园别墅。第六十六章林骄阳。哟，这不是宁大侠吗？宁晨刚换上拖鞋走进客厅，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便传了过来。许舒妍穿着毛茸茸的凯蒂猫睡衣，正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他。什么毛病？宁晨撇撇嘴，走到茶几边，给自己倒了杯水。他现在在这个家里。 已经没有任何拘束感了，大力哥，今天的事情我和舒颜都听说了，英雄救美也太帅了吧！江棠面带坏笑，一路小跑凑过来问道：“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和医学系的系花苏婉婉谈恋爱？”宁晨摇摇头：“你想多了。”江棠竖起玉指戳住他鼻子：“呆，还敢狡辩！上次我和舒颜都看见了，你和苏婉婉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吃个饭就谈恋爱了？”宁晨很无语：“那我们也吃了不少次饭，合着你俩都是我女朋友呗？”“呸呸呸呸！” 许舒言像是犯了什么晦气，赶紧骂道：“宁晨，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就告诉妈咪，你占我和小唐的便宜。稀罕占你们便宜？”宁晨撇撇嘴，径直回了自己卧室。切，总是这么清高。小唐，你说他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许舒言瞥了宁晨卧室的门一眼，以他和小唐的姿色，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关注。但平时在家里，就算穿着超短裤，宁晨都不带多看他们一眼的。有时候，许舒言甚至怀疑宁晨到底是不是个男人。我觉得吧。 江棠嘻嘻一笑，大力哥是装的。卧室内，宁晨听见二女的私谈，嘴角悬起一丝无奈的笑意。在他这个活了两千岁的老怪物眼里，无论许淑言、江棠还是苏婉婉，都只是小毛孩子，实在提不起兴趣。周日一大清早，宁晨就被温月打来的电话吵醒。喂，干嘛啊？他带着点起床气问道。宁小友贵人多忘事，今天是我的八十大寿，你答应青兰会过来的。温月也不恼，笑呵呵的说道。哦，八十大寿啊，我知道了。 宁晨想起来确实有这回事，然后挂了电话继续睡。昨晚带许书言和江糖这两个坑货打游戏，一直打到后半夜。中午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家里空荡荡的，许书言和江糖都不见了。平时这个点，这俩货应该还在呼呼大睡才对。大力哥，我和书言有点事，出去一趟。冰箱里有饭菜，你自己热一下。这是江糖早上八点多给宁晨发的消息。宁晨看见后心里暖洋洋的，在这里住上四年，貌似也挺不错的。下午，桃花源大酒店。 豪车如云，宾客如雨。今天是青州豪门温家老爷子的八十大寿，整个青州上流社会的人物基本都到齐了，许家自然也不例外。许景山带着爱妻乔静、爱女许淑妍盛装出席，在青州的名流权贵间应酬。哎，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大力哥要是在，肯定很开心。江棠路过一桌桌无人问津的美食，拿起一只葡萄放进嘴里，心中感慨：精致的甜品、昂贵的酒水、进口的水果，宛如艺术品般堆砌在桌子上。但大多数宾客都忙于应酬。 贪权富贵，没人会动这些美食，最多吃两块寿司垫垫肚子。另一方面，吃东西嘴里会留有食物的味道，保持口气清新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舒言，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骄阳。徐景山带着许舒言认识了一个高富帅。这个高富帅很年轻，穿着一身昂贵的定制款西装，身高在一米六，相貌英朗，简直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连许舒言看了都感到一丝惊艳，喜欢谈不上，但心里的好感是有的。你好。 许舒妍很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你就是许叔叔的女儿，果然和传闻中一样漂亮。”这个叫林骄阳的高富帅直接去牵许舒妍的手，甚至还想吻她的手背。“你，你干什么？”许舒妍赶紧后撤一步，警惕地看着林骄阳。身边的乔静也暗暗皱眉：“抱歉，许小姐。”林骄阳很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刚从英国回来，还不是很适应国内的社交礼仪，实在对不起，是我梦浪了。”“没关系。”许舒妍摇,摇摇头：“人家都这么说了，她自然要给台阶下。” 徐景山却一点不在意，反而对林骄阳推崇备至。舒言，你和林骄阳加个微信，以后多联系联系。我和他老爸是高中同学，你别看他年轻，其实已经身价几十亿了，而且没靠家里，都是自己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身价几十亿，白手起家？许舒言和乔静都大吃一惊。这个林骄阳也就二十，怎么可能这么厉害？许叔叔过誉了，我就是运气好，玩虚拟币挣了点小钱。以后市场行情不好，指不定要赔成什么样子呢。林骄阳自嘲地道。 和许叔叔这种实干企业家不能比的，不能比的，哈哈，年轻人真谦虚啊！徐景山很受用的笑了。乔静却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条新闻，说是英国有一个留学生创办虚拟币公司，收割国内韭菜，卷走好几十亿，不知让多少家庭倾家荡产。难道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景山，你来一下。乔静把丈夫拉走了。徐景山临走前让许淑妍和林娇阳加上微信，然后问道：“怎么了，老婆？景山，我问你。” 你是不是想撮合舒颜和这个林骄阳？乔静问道。是啊，怎么了？徐景山理所当然地说道。骄阳现在在青州可是一块香饽饽，很多人都盯着他手上几十亿资金。我和他老爸又认识，你这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乔静突然打断他，怒道：“你也投了虚拟币？我不信你没关注币圈。这小子搞内幕交易，还涉嫌洗钱，逼得多少人跳楼，你不知道吗？”这很正常。徐景山毫不在意的摆摆手。虚拟币不确定性因素太多，那几年熊市，天台上不也站满了人吗？ 第六十七章，温家请我过来的。另一边，林骄阳和许淑妍加上微信，相视一笑。听说许小姐还在读大学，林骄阳随口问：“嗯，青州大学。”许淑妍谈口亲戚：“你呢？我在国外读的大学，名字就不提了。”林骄阳刻意隐去自己读的那所野鸡大学，然后感叹道：“还是国内好啊！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应该不会去英国。”许淑妍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为什么？”林骄阳心里想说：“因为青大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但他深知这种土味情话油腻，于是微微一笑，说道：“不为什么，异国他乡想吃一口青州本地的青帮菜都吃不到，整天吃牛排汉堡都快吃吐了。”哈哈，没想到你还挺接地气。许淑妍被逗乐了，笑靥如花。林骄阳看得心神一滞，暗道：没想到青州本地也有这么漂亮的妹子，这趟回国真是妙啊！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她。要不要吃点东西？许淑妍察觉到了林骄阳的异状，随口找了个话题：“我去帮你拿啊。”“好啊，谢谢。” 林骄阳尴尬地挠挠头，就在许舒妍转身的瞬间，他目光不受控制的往女孩屁股上瞄去，还咽了一下口水。恰好徐景山和乔静走过来，后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青年才俊眼底的炽热，眉头微微皱了起来。随后，林骄阳碰到几个朋友，和许舒妍打了声招呼就走开了。许舒妍终于脱身来和江唐会合。小唐，我跟你说，我刚才认识了一个超级高富帅。许舒妍对林骄阳的印象很好，俏脸泛着微红。爹地和他爸爸还是同学，我感觉甜甜的恋爱要轮到我了。 江棠拿着许舒颜的手机翻看林骄阳的朋友圈，仅三天可见。江棠暗暗皱眉，他知道有些渣男为了不暴露自己太多信息，会在调到新妹子的时候，把自己的朋友圈设为仅三天可见，同时也为自己增添了一抹神秘感。舒言，你才刚认识他，千万别着急。你这么漂亮，不愁找男朋友的。江棠古灵精怪的笑道：“反正家里还有个大力哥兜底，矜持点。”他，许舒颜脸上的期待瞬间换成了嫌弃，可拉倒吧，他和林骄阳。 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江棠小手一叉腰，我就觉得大力哥挺好的，起码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保护好我们。咦，小唐，你都为宁晨打抱不平起来了？许书言坏笑道：“老实交代，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哪有我，我就是打个比方了。江棠没承认，然后赶紧转移话题。对了，舒言，这里的东西能不能打包？我想带回去给大力哥。哼，这么关心他，还说对他没意思？许书言没好气地瞥了江棠一眼。 虽然宁晨救过他们一家性命，但他骨子里还是看不起这个小镇青年，觉得闺蜜配宁晨稍微有点糟蹋了。不过他们两个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自己肯定还是要祝福的。而这时，许舒妍目光斜扫，华人在自助餐区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这道身影正对着一盘甜点狼吞虎咽，与周围应酬中的社会名流们格格不入。宁晨，许舒妍娇躯一怔，呆呆的拍了拍江棠肩膀：“小唐，我是不是看错了？宁晨怎么跑这里来了？”什么？江棠转过来一看。 俏脸立马掀起一抹惊喜，真的是大力哥耶，大力哥，这边这边！他兴奋地摇了摇手，引来不少注意，这让许舒言感觉一丝尴尬。徐景山和乔静也投来诧异的目光，显然很诧异宁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小唐，宁晨抬头打了声招呼，嘴角还沾着奶油。大力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江糖蹦蹦跳跳来到宁晨面前，像只可爱的小白兔。温家请我来的，宁晨如实相告。吹牛！许舒言走过来。 双臂环抱，有点嫌弃的扫了一眼宁晨。温家怎么会请你？怎么不会请我？宁晨用舌头舔去嘴角的奶油，淡淡地道：“我跟温老爷子勉强算是朋友吧。”许淑言懒得吐槽了。温家以前可是呼风唤雨的顶级豪门，近些年虽然没落了，但在青州地界上依旧举足轻重。由温家控股的济世药源集团更是全国五百强企业。宁晨一个出身县城的毛头小子，怎么可能和温老爷子是朋友？这个勉强也太勉强了点吧？啊、呃！ 姜棠被逗笑了，也觉得宁晨在吹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见宁晨就觉得很有安全感。许小姐，这是你朋友？突然，林骄阳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啊，林先生，朋友，不是，他是我妈咪闺蜜的儿子。”许淑言没想到林骄阳会突然出现，有点语无伦次的说道：“哦。”林骄阳点点头，朝宁晨伸出手：“你好，我是林骄阳。”他本来正和几个新朋友聊天，看见许淑言这边有男性接近，心中立马升起危机感。 于是快步走了过来，让他不爽的是，宁晨并没有第一时间跟握他手，而是先吃了一块蛋糕，然后才慢吞吞的伸出手，表情还充满了不耐烦。宁晨这么拽，不知道是哪个大家族的继承人。林骄阳心想，你能不能有点礼貌？许书言不由瞪了宁晨一眼，宁晨完全没放在心上，继续低头享受甜品。温老头接他进来的时候，特意告知这里的东西可以随便吃。您兄弟看起来很饿，过来的时候没吃饭吗？ 林骄阳见宁晨狼吞虎咽，不免讪笑。吃了没吃饱？宁晨礼貌性的回了一句：“这样啊。”林骄阳还在猜测宁晨的来头有多大，敢在这种场合无所顾忌。突然，他刚认识的几个新朋友走了过来，其中一个人看见宁晨，顿时瞪大眼睛：“宁晨，你特么的怎么会在这里？志豪兄，你认识他？”林骄阳看向来人，正是和宁晨有过两次过节的陈家少爷陈志豪。第六十八章，宁先生是我温家贵客。糟了。 许书言心中一震，保安，保安！陈志豪直接招呼不远处的保安，然后指着宁晨：“这里有个溜进来混吃混喝的乡巴佬，你们快把他赶出去！”几个不明所以的保安对视一眼，快步走来。乡巴佬！林骄阳不解地看向许书言，许书言也感觉有点丢人，先是瞪了一眼宁晨，然后说道：“陈志豪，你干什么？什么干什么？温老爷子寿宴，也是这种小瘪三能随随便便进来的？”陈志豪冷哼一声：“原来没什么背景啊！” 林骄阳反应过来，心里顿时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脚上那双油亮的皮鞋立刻往旁边挪了好几步。很快，保安赶了过来，围住还在大吃大喝的宁晨先生，请问你有请柬吗？一个保安皱眉问道。没有，宁晨摇摇头。那请问您是怎么进来的？保安又问。哼，偷偷溜进来的呗，还能是怎么进来的？陈志豪冷笑。温老头带我进来的，宁晨回答。保安顿时无语了。许家、陈家。 林家等几大家族的代表进来，温老爷子也不曾现身。这个小屁孩吹牛也不打,打草稿，丢出去！保安队长一声令下，两个保安各搭住宁晨的肩膀。陈志豪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住手！但就在这时，徐景山和乔静赶了过来。乔静很生气，直接动手把两个保安推开。你们干什么？他是新号新号新号,新号儿子啊！这保安队长认识乔静，赶紧道歉。对不起，乔总，我们不知道。小陈，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乔静表情有一丝尴尬。那个阿姨不是故意不带你过来的，没事的，乔姨。宁晨笑了笑，并不在意。好了，小陈，你既然也来了，那就待着吧，吃吃东西，不要四处乱跑。徐景山暗暗皱眉，嘱托道。话音刚落，啪的一声爆响传遍酒店大厅，数百个穿着笔挺西装和晚礼服的宾客们纷纷转过头来。陈志豪宛如一只破布娃娃，被丢出去十几米远，哗啦啦，连着撞翻好几张桌子。 桌上摆放着的食物全部淋到他身上，把他浇成了落汤鸡。地上还有两颗沾着血的牙齿。林骄阳和许淑妍等人全看傻了，谁也没想到宁晨敢在这种场合动手打人。徐景山在短暂的迟疑后暴跳如雷：“宁晨，你在做什么？打人啊！”宁晨慢悠悠的抽回手掌。你，徐景山气得直翻白眼，身子竟有些站立不稳。爹爹，许淑妍知道爸爸心脏不好，赶紧上前扶住他，然后大骂道：“宁晨！”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宁晨没理他，正考虑是继续留下来吃东西还是走人的时候，陈志豪的父亲，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富豪，被人告知：“老陈，你儿子被打了，快去看看吧。”什么？陈志彪大惊失色，赶紧跑了过来。他的宝贝儿子陈志豪如一条死狗般躺在地上，鼻子、嘴巴和耳朵齐齐淌血，门牙都掉了两颗，意识都不清楚了。什么情况？一个正在泡妞的富家公子哥诧异的朝陈志彪望去。秦少，好像是陈家的陈志豪被人打了。 一个打扮艳丽的名媛很惊讶，竟然敢在这种场合动手。咦，秦奋看见宁晨的脸，发现这人和画像上有七分相似，难道是他？秦奋激动了起来，赶紧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远在滨海的叶家大少。而这时，孙志彪打完急救电话，挥拳就想揍宁晨：“小兔崽子，敢打我陈志彪的儿子，我特么整死你！”住手！一道清丽的声音忽然从人群传来：“彩礼中，这家伙就惹事了，怪不得爷爷让我看着他。” 温青兰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陈志豪，暗叹无奈。温小姐，陈志彪咬牙切齿，指着宁晨这个小兔崽子，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儿子这件事，温家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愤怒的声音在一楼大厅回荡着，所有人都以为宁晨要倒霉了。不料，温青兰扫了一眼宁晨，然后说道：“交代什么交代？宁先生是我温家贵客，静，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宾客们都以为自己听错了。温家贵客，就这小子？ 什什么？陈志彪愣住了，怔怔的看着宁晨，又看了看温青兰。温小姐，你你没搞错吧？这小子！温青兰一脸郑重，陈董，请注意你的称呼。陈志彪咽了口唾沫，怪不得这个年轻人敢有恃无恐的打人，原来是有大背景啊！众宾客心中恍然，唯独徐景山一家在懵逼中徘徊。淑言，我我没听错吧？江糖木讷的问道。温家大小姐说，大力哥是是温家贵客，我也不清楚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舒妍忽然觉得自己不认识宁晨这个人了，再联想到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顿时像是一记记耳光抽在自己脸上。小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乔静的询问声传来，许舒妍恨不得把耳朵贴过去听，她太好奇宁晨和温家的关系了。没什么，我会一点医术，给温老头治过病，他没事就请我吃饭，一来二去就成朋友了。宁晨满口胡诌。原来如此，乔静恍然点头。上次洲际酒店的毒蘑菇事件，宁晨就透露过自己会医术。 但让许家人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能和温老爷子成为朋友，这实在是离谱。a 特，嘿嘿，小陈，就算这样，你也不能随便打人啊！今天可是老爷子的八十大寿。徐景山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哦，oh, 宁晨掏了掏耳朵。徐景山见他这副态度，不免有点尴尬，只好不说话了。大力哥，你好厉害啊！江棠很崇拜地看着宁晨，眼里都是小星星。宁晨宠溺,溺的一笑，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许书言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揪心和难过。第六十九章，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宁先生，这时温青兰恭敬的声音传来：“晚宴快开始了，我们给您留了贵宾位，这边请。”宁晨嗯了一声，路过许淑妍身边的时候，他忽然开口：“看在乔姨的面子上，奉劝你一句。”许淑妍一愣：“什么？离那个林骄阳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撂下这句话，宁晨大步离去。徐景山和乔静对视一眼，都不明白宁晨话里的意思，莫名其妙。 许舒言既不解又恼怒，合着救他是好东西，变态暴力狂一个，就知道用武力解决问题。走开后，温青兰忍不住扭头问道：“林骄阳就是林权的儿子吧？”宁晨点点头，大概是。温青兰对这种态度已经习以为常了，又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东西？”宁晨吐出两个字：“杀气。”温青兰纳闷：“杀气？你说那个林骄阳，他杀过人？”宁晨淡淡道：“不是杀过人，是杀过很多人。”温青兰满脸怀疑：“真的假的？” 我怎么看不出来？宁晨笑了，就你那三脚猫功夫，能有什么眼力？你温青兰气愤地攥起粉拳。场中众宾客缓缓往二楼宴客厅移动。林骄阳也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父亲林泉。哦，青州还有这样一位青年才俊，有意思。林泉是多岁的老男人，不过保养的很好，看起来四十出头，穿着一身笔挺西装，戴着细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林家父子身后不远，勤奋的手机响了，是叶家大少打过来的。喂。 叶少，秦奋按下接听键，下一秒耳膜差点被吼穿。是他，秦奋，就是他。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马上飞过来。叶孤楼的声音充斥着激动。呃，青州的桃花源大酒店。秦奋话音刚落，叶孤楼又吼了起来。桃花源酒店，好，你把他给我看住了，我现在就过来。嘟嘟嘟，嘟电话挂断。秦奋有点懵逼，那个人到底是谁？叶家大少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二楼宴客厅。 温月安排宁晨坐在自己身边，许家、林家等等豪门世家都坐在这一桌，足足坐了将近三十人。温月拿起话筒上台，随便客套了几句，晚宴便开始了。一道道精美的菜肴端上来，茅台叶等名贵酒水随处可见。听闻宁小兄弟精通医术，不知道来自哪个医道世家？滨海孙家、姑苏汤家还是金陵兰家？趁着敬酒的功夫，林家家主林泉端起酒杯，对宁晨说道。桌上二十余位富豪权贵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医术。 温月和温青兰爷女俩都有点纳闷，宁晨不是内境武者吗？怎么还会医术？无可奉告。宁晨懒得搭理他，不断用筷子夹菜，满桌尴尬。林家在青州也是大家族，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不给面子。哟，这么拽，小兄弟该不会来自七府世家或是京城望族吧？那我们可不配和您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个染着酒红色头发的胖女人开口，语气带着嘲弄。在座的富豪权贵没有不知道七府世家的，那是南方最强大的七个家族。 每个都有上千年历史，无比可怕的底蕴。其中以滨海叶家为尊，至于京城望族，那就是另一个位面的存在了。那你还不快滚！宁晨直接开骂。你说什么？胖女人大怒，肉长在桌上一拍：“温老，你请来这么个愣头青，是想扫大家的心吗？”夏总，乔静阴着脸开口：“是你先阴阳怪气的吧？新号新号新号，儿子可没惹到你。”乔总，你这话说的，我就开个玩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胖女人叫夏红，是做医疗器械生意的。 和温家有很多合作，他和陈志彪是多年好友，所以才言出不善。您小兄弟确实太过了。刚刚被驳了面子的林权，自然选择站在夏红这边。他抚了抚鼻梁上的眼镜，不悦的说道：“大家都是来为温老庆生的，小兄弟又是打人又是骂人，这成何体统？再逼逼，我连你俩一块揍，信吗？”宁晨拿着筷子看向林权和夏红，你两个企业家气得差点破口大骂。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吃菜。温月终于发话了。 夏红和林泉这才悻悻坐下去。夏红还不消停，她看了坐在对面的林骄阳一眼，笑道：“这是林总家的公子吧？哎呀，真是一表人才。”夏总过奖了。林骄阳笑着回应：“不愧是豪门公子，就是有礼貌，不像某些人。呵呵”呵夏红斜了宁晨一眼，继续阴阳怪气：“林公子啊，听说你年纪轻轻就赚了几十亿身家，哎呦，简直让我们这些老前辈无地自容。”“没有没有，运气罢了。”林骄阳连连摆手。谈起儿子，林泉也是十分骄傲。 不过他还是很谦虚的说道：“骄阳也是投机取巧，算不得什么真本事。”林总太谦虚了，数位企业家纷纷笑道：“哎呀，林总，我看你家公子和许总的千金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夏红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指着林骄阳和许淑妍，惊喜地道：“你们看看，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夏总不要乱说啊！林骄阳见许淑妍脸红了，赶紧摆手：“我和许小姐今天是第一次见面，那有什么关系？以后慢慢认识嘛。”夏红起了没人心思，不停的撮合。 林泉和徐景山相视一笑，乔静却不愿意让女儿成为资本联姻的工具，打算终结这个话题。她从脚下拎起一个包，笑着让服务员递给温月：“温老，这是我前段时间托人在岭南买的一块鸡血石摆件，今天就送给您当寿礼，祝您福如东海。”众人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过去。许书言被夏红说的都不好意思了，见妈妈成功转移话题，终于松了口气。林骄阳却还意犹未尽，在他看来，许书言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第七十章无价之宝，你想象不到。 到了送礼环节，桌上三十余位宾客纷纷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寿礼。温老，听说您爱喝茶，这块百年大红袍茶砖送给您当寿礼。温老，听说您对字画有研究，这幅刘春霖的字帖我收藏了很多年，今天送给您了。温老，温月脸上笑容逐开，不住的点头。温青兰帮忙收礼。温家很有钱，根本不差这些百八十万的俗礼，所以温青兰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这时，林骄阳站了起来，从脚下拎起一只礼盒。 温老，我刚回国，也来不及准备什么礼物。这颗参是长白山的百年老参，我花了八百多万买来的。您是医药行业的泰斗，帮忙看看是不是真的。哗，满桌震惊，八百多万的长白山老参，这几乎相当于青州一套江景豪宅了。连夏红、徐景山这样的企业家都不敢这么送。舒言，他好有钱。江唐惊叹。是啊，听说他有几十亿身家，八百万对他来说应该是 A S E。许舒言回答道：“我的意思是，他人傻钱多。” 江棠捂嘴偷笑，这时温月让人把礼盒拆开，一根纺锤形、根须极长的人参吸引了满桌宾客的注意力。宁晨也瞥了一眼，从上面嗅到了一丝灵气的味道。虽说不是假货，但灵气含量未免也太低了，对他的伤势没什么用，所以也就不感兴趣。是真货。温老戴上老花镜，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这才抬起头看着林骄阳：“林公子有心了，不过这颗人参太贵重，我不能白要。这样吧，青兰，你回头把钱给林公子转过去。”温青兰还没点头。 林骄阳便是豪横的拒绝，温老真的不用，一点小意思罢了。实不相瞒，我这趟回国准备进军医药行业，到时候还需要温老多多提携呢。温月还在犹豫，林泉带着一丝感慨说道：“温老，其实我和骄阳提过温总，他听说百年老参对那个病有好处，就不计代价的花钱买来了。总之，这都是晚辈的心意，您老就收下吧。”听到“温总”二字，满桌的宾客表情都有些怪异，温青兰美眸中也掠过一丝悲伤，把头深深低下。好吧。 教养有心了，温月终于不再拒绝，收下了这份贵重的寿礼。而宁晨也从许书言和江棠的聊天中，得知了温家的一些情况。小唐，这件事你不知道吗？温老的儿子温华四年前出了车祸，变成了植物人。既是要业股价大跌，温家也一年不如一年。许书言谈起这件事，也是满口感慨。原来如此，宁晨心中恍然，怪不得认识温老头这么久，一次也没听过他谈起自己儿子。就在这时，夏红那令人讨厌的声音响起：“喂。” 姓宁的小子，你给温老带来了什么寿礼啊？闻言，众人齐齐看向宁晨，不会空着手来的吧？夏红假装惊讶，啧啧地道：“同样是晚辈，人家林公子送了价值八百万的百年人参，你空着手来，这不太合适吧？”场面一度尴尬，徐景山和乔静脸上都没光。林骄阳笑了笑，也没说什么，坐了下去。好了，夏总，温月脸色沉了下去：“是我让宁小友不用准备东西，他人来就行。”哎呦，温老，这小子到底是您什么人啊？ 您这么护着他，夏红不爽的说道：“谁说我没准备寿礼？”这时，宁晨终于吃的差不多了，拿纸巾擦了擦嘴，淡淡的说道。众人的目光迅速集中过来，林骄阳也饶有趣味的打量着宁晨，他倒要看看这小子能拿出什么礼物，能否比他的贵重。宁晨说着，从兜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摊开后，随手递给温月。众人满头的问号：什么鬼？一张纸也能当成寿礼？难道上面写着下期彩票的中奖号码？ 温月接过皱巴巴的白纸，迅速瞄了两眼，不解地问道：“龙胆生精丸，这是什么药方啊？”宁晨语气带着一丝训责：“你不是搞医药的吗？这都不知道，还真是药方。”温月苦笑。夏红的嘲讽声马上传来：“笑死人了，拿张药方糊弄人，你懂个屁！”宁晨冷笑一声：“我这张药方的价值，比他那株破人参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闻言，林娇阳嘴角抽搐了两下，当场就想骂人，但良好的教养还让他维持着礼貌的笑容：“宁兄。” 你未免装得也太过了吧！一张药方而已，就算是失传的古药方，又能值多少钱呢？宁晨笃定地说道：“无价之宝，你想象不到。”林骄阳，呵呵，真能吹牛逼啊！众宾客，包括徐景山在内，都无语了。真是无价之宝，你舍得送人？不过温月知道，宁晨很可能有一位宗师师傅，所以他决定明天找人把这龙胆生津丸做出来试试。这张来自小南天界的药方，经过宁晨的改良，药效虽然减弱了大半。 但药材地球上都找得到，温月若是有眼光，未来可以凭借这个药赚取成千上万亿的财富。这也是宁晨对温家的一次测试。面对众宾客的嘲讽，宁晨也懒得去回应。林骄阳也开始把宁晨当成一个小丑看待，甚至怀疑温月老糊涂了才会邀请这样一个小丑来参加寿宴，扰了大家的雅兴。而这时，桃花源大酒店外，夜幕降临，数辆面包车停下，十几个打手手持钢棍坐在车上蓄势待发。陈哥，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一个光头把烟屁股弹到窗外，不急，里面正在举办温老爷子的寿宴，等那小星号星号星号出来也不迟。陈志彪坐在驾驶座上抽烟，满脸的凶悍。砰<棒>！他一拳捶在方向盘上，妈的，敢打我陈志彪的儿子，怕是不知道老子以前混哪条道的吧？阿刀，一会儿蒙上头套，把那小子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算我的。光头咧嘴一笑，好嘞，陈哥。第七十一章再见叶孤楼，宗师藤铁山。两个小时后。 一台台豪车驶离酒店大门，陈志彪聚精会神地观察着。许家、林家他们的人都走了，好，很好。突然，他看见一道身影在温家野女的陪同下出现在酒店大门口，就是他。陈志彪指着宁晨，凶相毕露：“上，兄弟们，下车！”光头抄起脚边的甩棍，拉开车门就跳了下去。哗啦，哗啦，哗啦！一群戴着头套的打手跳下车，跟在光头身后，气势汹汹的走来。at 什么情况？ 夏红乘坐的宾利车刚从地下车库开出来，就看见了这一幕。此时，绝大多数宾客都已经离开了。有人试着报警，结果发现附近有信息屏蔽器，电话根本打不出去。原来是老陈的人。夏红收到陈志彪发来的短信，会心一笑，教训那小子一顿也好，让他再狂走吧。他没有留下来看，他忙着呢。而这时，宁晨和温家野女也发现了这群来势汹汹的打手。爷爷，小心！温青兰赶紧拦在温月面前，警惕地望着来人。 你们是什么人？宁晨皱眉问道：“什么人？”哼，专门来星号、星号、星号的人。光头冷笑，还在手里掂了掂甩棍。忽然，这时秦奋带着几个保安冲出酒店大门，拦在了宁晨面前：“兄弟，你快走，这里我们来挡着。”宁晨莫名其妙的看着这个人：“你谁呀、啊？我认识你吗？我认识你就行了。”哎呀，你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啊！秦奋火急火燎的说，心想：要不是叶少吩咐的，你以为我乐意护着你啊？找死！ 光头眼神一狠，上，把他们给我往死里打！十几个打手正欲上前，突然一阵飓风和强光临场，呼啦啦的直升机旋翼的声音出现在天空之上。我遭，什么鬼？光头抬起头，一脸震惊，所有人都惊呆了，连温月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架直升机居然出现在了城市上空！刀哥，有人跳下来了！这时有一个眼神好的小弟惊呼道：“放屁！”光头破口大骂，却不料。 一道黑影直直地从天空坠下，咚的一声巨响砸在酒店门口的广场上，水泥石板被砸穿，裂痕蔓延出去几十米。所有人都惊呆了，除了宁晨，他怎么找来了？宁晨望了直升机驾驶舱,舱那一眼，暗暗皱眉：这这尼玛，超人！坐在面包车里的陈志彪看见一个人从百米高空跳下来，眼珠子差点瞪炸。跳机的人是一个穿着黑褂的魁梧男子，他屈膝一跳，跃起十几米，落在地上。众人呆愣愣的看着。 很快，直升机落地，一个样貌英朗、身穿古装的青年从舱室内走出来。少爷，魁梧男子来到他身边，躬身行礼。古装青年只是简单点头，然后怀着无比的激动的心情，快步走到宁晨面前。叶少，真的是他，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勤奋跑过来，叶孤楼冲他点点头，又拍拍他肩膀，以示感激。太激动了，太他妈激动了！找了四个多月，终于找到面前这尊大佛了。这一次，他说什么也要拜师学艺。 你是叶家少主叶孤楼？温月盯着古装青年半天，忽然大吃一惊，喊出他的名字。放肆！那名魁梧男子沉声训斥。宗宗师恕罪！温月赶紧退了两步，躬身致歉。什么？宗师？温青兰粉唇大张，足能塞进去一只苹果。跳击的这人是武道宗师？藤叔！叶孤楼赶紧训斥：武王当前，不可造次。是少爷。藤姓宗师欠身行礼。 却始终用一种很怀疑的目光看着宁晨，这么个小毛孩子是武王啊？自家少爷一定是疯了，脑袋被打坏了。前辈，叶孤楼鼓起勇气，你认错人了。宁晨摇头就想走，不，我没有，就是你。叶孤楼绕到宁晨面前，一脸坚信地道：“德川，闭嘴！”宁晨没好气的瞪着他，敢乱说，老子掐死你！温月整个人从里猛逼到外，这可是欺负世家之首叶家的大少爷啊，宁晨怎么敢的呀？要知道。 叶家作为南方第一大世家，族中可不止一位师腾宗师。藤姓宗师闻言，眉头也是暗暗皱起。当着他的面威胁掐死他们家少爷，是不把他藤铁山放在眼里吗？好好，不说，不说了。叶孤楼看出了宁晨不愿暴露的心思，然后又道：“前辈，这里人太多，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对了，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叶孤楼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光头阿刀等打手。宁晨淡淡地道：“几只不长眼的蝼蚁罢了。”叶孤楼早就看出这帮人来者不善，脸色猛地一黑。 你们好大的胆子！藤叔，收拾掉他们！是少爷。藤铁山领命，一眼扫向光头阿刀等人。妈呀！这些混社会的打手哪里承受得住宗师的目力？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亡魂皆冒，手脚并用的朝广场外逃去。但下一秒，藤铁山袖袍一挥，一股肉眼可见的雾白色气劲扫向了这群打手。啊！十几个打手都好像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上，狠狠抛飞了出去，有的挂到树上，有的摔进车窗。 还有的把酒店大门口的石狮子都撞翻了，一片狼藉。陈志彪坐的那辆面包车，风挡玻璃被一个人撞穿，就杵在他跟前，吓得他哇哇乱叫，从驾驶位窜到后座去了。没有一个打手还能站起来，基本都重伤濒死。这，这是真气，宗师，真的是宗师。温青兰连呼吸都是颤抖的。他听爷爷说过，武功练到极致，可以从内镜中提炼出真气，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力量，能杀敌于千步之外。这个黑挂男子只是简单的一挥手。 几乎弄死了十几个打手。第七十二章，区区练气期也敢口出狂言，少爷。藤铁山转身朝叶孤楼一点头，示意解决完了。叶孤楼只是简单的嗯了一声，然后又看向温月和温青兰，礼貌地道：“天色不早了，二位还不走吗？”叶少说的是。温月看出了什么，深深一礼后，带着孙女温青兰离去，头都不带回的。秦奋，你先回酒店，我晚点过去找你。叶孤楼又把秦奋支走，保安们也都赶走。你想说什么？宁晨有些不满。 前辈，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讲话吧。叶孤楼很有礼貌，就在这里说吧。宁晨说道：“好。”叶孤楼满怀期待，又有些紧张。前辈，还是上次那件事，我想拜您为师。别做梦了！宁晨没等他说完，便言辞拒绝：“我从不收徒。”前辈，叶孤楼急了：“只要您肯收，无论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真的？宁晨斜睨了他一眼：“千真万确。”叶孤楼坚定地点头，他已经决定了。 无论宁晨开出多高的价码，哪怕是要他们叶家一半的资产，他都会说服父亲接受。只因眼前之人，乃是一尊传说中的武王，自己亲眼看见他杀死了剑圣德川一郎，绝对错不了。那好，我要灵药，很多很多的灵药。宁晨开口：“灵药，好，腾叔，你马上回一趟家族。”叶孤楼扭头吩咐藤铁山，还没说话，宁晨又道：“慢着，我要的灵药不是普通的灵药，而是高级灵药，最起码也要千年人参那种。” 藤铁山脸色大变，什么千年人参？阁下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千年人参只是打底，我真正需要的远不止。宁晨又道。藤铁山脸色僵硬，看了自家少爷一眼。叶孤楼脸色也有点尴尬，显然满足不了宁晨的要求。真正生长了千年以上的人参，何其珍贵！即便是他们叶家发动所有资源，也只能收集到寥寥几根，更别提其他的了。弄不到吗？那我走了。宁晨拔腿就走。叶孤楼拳头紧攥。 脸上写满了不甘。爷爷，他们在说什么？不远处一片桃林之中，温家野女并没有走远，而是在偷看，听不清。温月摇摇头。爷爷，宁晨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叶家大少爷对他这么尊重？温青兰真是越想越后怕，当初自己还跟着断水流去找他麻烦呢。或许真应了夏红的那句话。温月目光复杂。他是京城望族的人。爷爷，宁晨好像要走了。这时，温青兰伸手一指，爷女俩就看见。 藤铁山在宁晨转身的瞬间，发出一声暴喝：“站住！有事？”宁晨皱了皱眉，瞥了这个穿黑色马褂的宗师一眼。藤叔，叶孤楼看出来藤铁山要帮他说话。藤铁山一摆手，示意叶孤楼不要管。他目光悠悠的盯着宁晨，说道：“听我家少爷说，阁下小小年纪，却是传说中的武王境，不知是真是假？什么武王、武神的，玄幻小说看多了吧？”宁晨根本不清楚地球上的古武境界划分，我猜也是武王境。 整个华国也没有几位。藤铁山冷冷一哼，我还听我家少爷说，樱花国的剑圣德川一郎死在了阁下手里。不认识？宁晨摇头。叶孤楼就知道宁晨不会承认，不由苦涩一笑。事实上，整个叶家都认为他脑子被打坏了，出现了幻觉。天黑了，我要回家了，再见。宁晨嫌烦了，准备离开。等等！藤铁山再次作死，慢悠悠地说道：“我家少爷希望阁下留下来，把一些误会解释清楚，阁下可否赏脸？”宁晨语气冰冷。 我要是不赏脸呢？藤铁山咧嘴一笑，那可由不得阁下。说着，他把手搭在宁晨肩膀上。宁晨身形一滞，微微叹了口气。我最讨厌别人不经过我同意就碰我，给你三秒拿开，否则后果自负。藤叔，算了吧。叶孤楼再劝。没事，少爷。藤铁山很自信的摆了摆手，说道：“我倒要看看，他能让我付出什么样的后果。”啊啊！突如其来的惨叫吓了叶孤楼一大跳。他看见了什么？藤铁山整条右臂。 莫名其妙炸开，臂骨断成六节，刺出皮肉，血淋淋的呈现在他眼前。一股股乳白色的气劲从宁晨体内散发出来，炼气成钢，大宗师，你是大宗师！藤铁山看见宁晨身上笼罩着的乳白色真气，简直像见了鬼一样，嚎叫起来。宗师提炼真气，身扛火炮，杀敌于千步之外。而真气可以进一步提炼出钢气，这种力量更加可怕，据说可以扛住导弹的轰炸。 提炼出罡气的宗师则被称为大宗师，比普通宗师要强上好几倍。这些念头从藤铁山脑海中一闪而过，一只秀气的拳头不断在他眼前放大，最后一个他反应不过来的速度砸中他胸口，砰！藤铁山直接原地消失，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哎，暗中观战的温青兰揉了揉眼睛，问温月爷爷：“那位黑挂宗师人呢？”不知道。温月也看不清。你，你杀了藤叔？叶孤楼离得近。 却是知道宁晨干了什么，他瞪大眼睛，颤抖的往后退了几步。杀倒没杀，就是给了点教训。宁晨淡然负手，区区练气期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实在是不知死活。练气期，叶孤楼不解，但听到藤叔还活着，他稍微松了一口气。at，你若能收集来一些高级灵药，我倒是可以考虑收你做个记名弟子，不然就别做梦了。宁晨说完这句话，一辆网约车缓缓驶来路边。原来他之所以和叶孤楼避避这么久，是在等车。 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子很快驶离桃花源大酒店。随后，叶孤楼也在距离酒店大门几公里外的一处工地上找到了衣衫破烂、重伤吐血的藤铁山少爷。我有眼不识泰山，此人，此人是大宗师，是媲美老祖宗的大宗师。藤铁山说完最后一句话，竟因伤势过重，当场昏死了过去。藤叔，藤叔，你坚持住啊！第七十三章：读大一的舞王回到玫瑰园别墅，许淑妍坐在客厅玩手机，似乎在给某人发消息。 脸上不时浮现一抹甜甜的笑容，看见宁晨回来，他马上就把脸板了起来。宁晨也没理他，径直回了卧室，准备打会儿游戏就睡觉。江糖忽然发来消息：江糖，大力哥，舒言好像喜欢上那个林骄阳了，回来后就一直在和他聊天，竟然都不理我。宁晨，哦，那我带你打王者。江糖，大力哥，舒言都要被拐跑了，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后边跟了一个生气的表情。宁晨，他被拐跑，关我什么事？江糖。 乔伊一,一直想撮合你和舒言啊，宁晨打不打游戏？不打，我自己打了。后边跟了一个翻白眼的表情。江棠，哎呀，大力哥，你正经一点嘛！我总感觉那个林骄阳不是好人。宁晨，恭喜你答对了，那家伙确实不是好人。江棠，我感觉他是一个渣男。宁晨，宁晨还以为江棠也看出林骄阳身上的杀气了，没想到只在乎他是不是渣男。至于许舒妍日后被杀还是被渣，那就不关他的事了，反正他已经打过招呼了。刚打开游戏。 王银花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告诉他关伟明提着一袋子现金来名钻会所买凶杀人，现在被抓了。按照他们聘请的律师推算，蓄意杀人未遂至少要判个八年的样子。关伟明这种小人物，宁晨根本就懒得搭理，恩恩哦哦几句后便挂断。结果温月又打进来，小心翼翼地问他下周有没有空，想请他吃顿饭。哎，这群人怎么这么烦啊？宁晨干脆把手机关机，蒙头睡觉。凌晨时分，滨海白云山叶家祖宅内，藤铁山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奄奄一息，情况怎么样了？叶家家主赶过来问向一个麻衣老者，麻衣老者摇摇头，左臂被废巨裂，好在心脉未断，尚可活命。竟然把老藤打成这样！叶家家主气得火冒三丈，对守在床边的叶孤楼说道：“孤楼，那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对你藤叔下此毒手？”我早就说过了，他就是杀死德川一郎、救下我的那位武王前辈。可惜没人信我。叶孤楼重重一叹，藤叔也不信我，三条形前辈，结果，哎，武王。 我们整个华夏泱泱大国，明面上的武王一共也才四个，江南一个都没有。这个年轻武王到底哪冒出来的？叶家家主十分郁闷。若不是藤铁山现在重伤躺在这里，他根本不信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能修炼到传说中的武王境。爸，我决定了。这时，叶孤楼起身，坚定的说出一句话：“我要去青州大学读书。”啥？叶家家主愣愣的看着儿子，不明白这是要干嘛。叶孤楼解释道：“勤奋刚刚帮我查到，那位前辈在青州大学读大一。” 我想跟他做个同学，慢慢加深感情，说不定以后他一开心就收我为徒了。武王，读大一，叶家家主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毛病了。爸，事不宜迟，现在就安排人帮我办理入学手续吧。叶孤楼越想越激动，若是得到一位武王的指点，他能省去多少年的苦功？一个平淡的周末就这么过去了，除了林骄阳约许淑,淑言出去吃饭，江棠埋怨宁晨为什么不阻拦之外，再无任何插曲发生。周一早上，宁晨抱着几大包薯片，悠哉悠哉地去上课。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辅导员王川趁大家都没走，领着一个转学生走进来。各位同学，这位是滨海大学转过来的叶孤楼，大家鼓掌欢迎。王川话刚说完，教室内便掀起一片哗然。叶孤楼，哇，好酷的名字，人也很帅啊，身材也很棒，真的好帅啊，校草级别的。一群女生开始发春，连家境优渥的白富美班长张欣然都有点挪不开眼睛，这个叶孤楼简直就是她的理想型啊。宁晨听到这个名字，却是皱起了眉头。 抬头一看，尼玛，果然是叶家那小子。他换上一身校服，戴着眼镜，剃着短发，整个就是一阳光大男孩。任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南方第一大家族的少主。看见宁晨黑脸，叶孤楼也是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讪讪的笑着。王川走后，许多女生围上来要微信，叶孤楼三言两语把他们打发后，快步追上宁晨。前辈，好巧啊，你也在青大上学。叶孤楼嬉皮笑脸的跟在后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宁晨很不耐烦。没想干什么呀、啊。 我就是来读个书，前辈千万不要误会了。”叶孤楼一本正经地说道。宁晨摇摇头，快步走开。接下来的一天，他去哪儿，叶孤楼就去哪儿。叶家大少爷俨然化身成跟屁虫，连尿尿都要淋着。到了晚上，宁晨照常去邂逅奶茶摊拿奶茶。叶孤楼虽然是内劲武者，可以几个月不进食，但回到校园，他嘴巴也馋了。你好，我要一杯芒果珍珠奶茶。”叶孤楼对着点单的女店员说道，心中还添了一句：“都说清大盛产美女，看来是真的。” 连个卖奶茶的小妹都这么漂亮，不好意思，叶同学，请你到后面去排队。苏婉婉认出这是上午的转学生，于是很有礼貌地说道：“他怎么不用排队？”叶孤楼愣了愣，指着宁晨问道：“咕噜噜！”宁晨正在喝奶茶，没理他。一旁的蒋颖笑道：“叶同学，婉婉和宁晨关系可不一般，你说呢？”莹莹，你别乱说，我和宁晨没什么的。苏婉婉赶紧澄清，还偷偷瞄了宁晨一眼。宁晨已经喝完一杯，正在喝第二杯。我遭！ 难道是师母？叶孤楼心头一震，看向苏婉婉的目光瞬间发生了巨大转变，背后甚至渗出冷汗，后怕不已。他刚才还想，好不容易回到大学校园，要不泡个妹子玩玩。幸好他还没付出实际行动，不然就死定了。好的，师母，我现在就去排队。叶孤楼说完就往后面走了。第七十四章，打死这个吃霸王餐的狗东西！莹莹、荣丽，他刚才叫我什么？苏婉婉一脸迷茫，两个闺蜜也摇摇头，没有听清。宁晨瞪了叶孤楼一眼。 然后指着奶茶摊边上的二十杯奶茶，问道：“这些我能喝吗？”“呃，这个不行。”苏婉婉难得拒绝他：“这些是别人订好了的，下次做给你喝吧。”“哦，那算了。”宁晨把喝完的两杯奶茶扔进垃圾桶，拍拍屁股准备走。每天喝这么多奶茶，也不怕身体出事？蒋颖和徐荣丽在后面唧唧歪歪。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走到奶茶摊边，问道：“我早上预定了二十杯奶茶，做好了没有啊？”“做好了，一共一百六十元。”苏婉婉看向他。 服务态度很热情，哦，鸭舌帽青年弯腰把二十杯奶茶拎起来，然后掏出手机在他面前晃了晃，牛逼哄哄的说道：“我们是做大学城美食探店的自媒体，抖音上有八十多万粉丝，帮你宣传一下吧，钱就免了。”苏婉婉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个人是想吃霸王餐吗？不好意思，同学，苏婉婉赶紧拦住他：“你还没有付钱，不是你听不懂中文啊？”鸭舌帽青年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们是做探店的，抖音八十多万粉丝，随便帮你们这个破奶茶摊宣传一下。” 带来的利润就不止一百六，而且是免费的，我还没管你要钱呢。苏婉婉很无语，这人什么？我什么时候请你来宣传了？不准走！蒋颖和徐荣丽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从摊位里跑出来，拦住鸭舌帽青年，把钱付了。就是想吃霸王餐呢？管你探不探店，买东西必须付钱。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啊！许多学生都帮忙打抱不平。叶孤楼目光一亮，也觉得自己机会来了，于是兴奋的撸起袖子，准备上去英雄救美啊，不是英雄救师母。 探店都是不给钱的，你们懂不懂啊？鸭舌帽青年满脸不爽，把奶茶往地上一扔，又开始吹牛逼。平时那些饭店、餐厅都是求我们过去做宣传的，完事儿还给我们宣传费呢。现在免费帮你们这个破奶茶摊宣传，你们还不乐意了？连几杯奶茶都舍不得送，活该你们连个店面都租不起。我呸！鸭舌帽青年越说越气，一伸脖子，竟往奶茶摊上面吐了一口痰。杂牌奶茶，老子还不要了呢！切！说完，他拔腿就想走，过分了。 苏婉婉他们气死了，他奶奶的！叶孤楼也气得不轻，正欲上前教训这个人渣，突然一道清丽倩影掠来，一脚把鸭舌帽青年踹了个仰八叉。阿斯、啊，谁啊？谁偷袭我？鸭舌帽青年疼得直咧嘴，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又被一只白净小手薅住头发，一路拖到奶茶摊边，擦干净。冰冷的女声传来，带着无容置疑，是鼓舞社的温学姐。温学姐好棒！打死他！打死这个吃霸王餐的狗东西！学生们欢呼雀跃。 苏婉婉三人也朝温青兰投去感激的目光。鸭舌帽青年本来还想反抗一下，结果温青兰力气大的惊人，连扇他几耳光，终于把他打服了。他用衣袖把土的痰擦干净，然后又买下那二十杯奶茶，这才狼狈逃离清大校园。这不是前几天碰到的那个妹子吗？叶孤楼认出了温青兰，暗暗咒骂他抢自己功劳。温学姐，谢谢你。苏婉婉三人来道谢，温青兰只是简单的摆摆手，示意没什么。宁晨在不远处看戏。 他快步走过去，小心翼翼地问道：“宁先生，爷爷在家准备了晚宴，您可否赏脸？”宁晨想了想，很严肃地问道：“有好吃的吗？”温青兰笑靥如花，当然，比寿宴那天只好不差。自从知道宁晨是个吃货后，温家就想方设法寻找顶级食材，再聘请顶级大厨，只为招待好他。那还等什么？宁晨揉了揉肚子，正好他晚饭还没吃。两人结伴走后，蒋颖担忧地对苏婉婉说道：“婉婉，温学姐好像和宁晨吃晚饭去了，他们不会再谈恋爱吧？” 不知道，苏婉婉低下头，眸中有藏不住的难过。温青兰带着宁晨一路来到校外，一台劳斯莱斯幻影停在门口。宁晨上车后，温青兰忽然发现后面站着一个人，她回头一看，吓了一大跳。叶叶少，温青兰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叫我叶同学就好。叶孤楼摆了摆手，你叫什么名字？回叶少，我叫温青兰，我爷爷是温月。温青兰紧抱双拳，九十度鞠躬，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校门口人流量极大。 学生们投来奇怪的眼神。哎，都说了不必拘谨。叶孤楼不耐烦地扶起他。温家貌似有过耳闻，以前在青州名气很大，后来好像就没什么动静了。是的，叶少，哦不，叶同学。温青兰如小鸡啄米般点头，脑子简直乱成一锅粥。欺负世家之首叶家的大少爷怎么会出现在青州大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温小姐，你准备带您前辈去什么地方？叶孤楼又问道。您前辈？宁晨？温青兰愣了一下。 带他去我家吃饭，吃饭啊！太好了，我正好没吃，不知道能不能去你家蹭顿饭。叶孤楼没皮没脸的说道：“什么？温青兰要吓死了！”他赶紧鞠躬，侧身，伸手，一气呵成：“叶少，请上车。”好，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叶孤楼笑容满面的拉开车门，坐了上去。哟，您前辈，这要巧，您也去温家吃饭？我……砰！招呼还没打完，堂堂叶家大少爷直接被一脚从车上踹了下来。 温青兰，第七十五章龙胆生津丸的神效。万万没想到，叶孤楼最终还是去了九溪庄园，不过不是坐劳斯莱斯去的，而是自己打听位置打车过去的。温月得知叶家大少爷来做客，简直又惊又喜，吩咐厨房再多做一些菜肴。舞者的食量普遍都大。酒过三巡，菜温月让温青兰取来一张银行卡，笑眯眯的递给宁晨。叶孤楼品着一杯陈年剑南春，静静的看着宁晨他们，也不出声。这是干什么？ 宁晨扫了一眼银行卡，没有去接。宁先生，这张卡万密码是六个九，您收下吧。温月双手把卡推过去，语气也比以往恭敬许多，甚至带上宁字。宁晨没动。温月继续说：“龙胆生精丸，我那天连夜找人做出来了，药效实在是惊人，我才服用三天便有奇效。”说到奇效，温月老脸微微一红，却没有细讲，只是说：“这样的神药配方，温家不敢独吞，除了这六千万，以后龙胆生精丸无论销量多少，都得分红打到宁先生账上。” 宁晨这才接过银行卡，收进袖子里，还算老实。我以为你们会敲星号星号星号，吞下这张药方。温月赶忙摇头，岂敢岂敢。宁晨点点头，先看看龙胆生精丸卖的好不好吧。若是好的话，我这里还有几张药方，可以一并交给你。真的吗？温月大喜过望，当场拄拐起立。宁晨却没有太多表情。龙胆生精丸不过是他花了一节课时间改良的普通药方，他甚至掌握着批量生产炼气期宗师战力的秘方。 也能让被困炼气期,期多年的修士在一个月内筑基成功，这就是元婴期修士的手段，凡人永远无法想象。那个，这时叶孤楼忽然开口：“温老，龙胆生精丸是何物？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声温老叫得温月心里暖洋洋的。他解释道：“叶少，龙胆生精丸是老夫根据宁先生的一张古药方制作出来的补药，虽然还没有通过临床检验，但根据老夫深耕医药行业多年的经验来看，此药滋阴补肾的效果极强，远远超过市面上的那些凡俗药物。” 老夫才服用三天，就感觉回到了壮年期，嗨嗨！叶少，你懂的。温月有点不好意思的咳嗽一声，温青兰站在一边，脸都红了，只好装作没听懂的样子。真的假的？叶孤楼瞪大眼睛。温月都八十岁了，吃药三天回到壮年期，他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压榨人潜力的毒药，副作用极大。但联系到宁晨可怕的修为，又看了看温月红润的脸色，他慢慢镇静了下来，思考了一番后说道：“温老，能不能给我一些龙胆生精丸？” 温月一愣：“叶少，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需要吃这种药了？”噗！叶孤楼差点喷饭。身为男人的他拼命辩解道：“别胡说八道，我只是想试试药效。若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叶家可以投资这个项目。”什么？温月大吃一惊，再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温青兰也瞪大美眸，甚至比听见宁晨手里还有几张古药方更惊喜。如果是真的，我温家未必不能重回青州第一家族的宝座。温青兰激动的娇躯轻轻颤抖。温月行事谨慎。 忙去问宁晨的意见，宁先生，您看这，我没意见。宁晨直接说道：“反正我就负责出药方，怎么卖，那是你们的事，记得给我分红就成。”好，温月一张老脸笑成了菊花，叶孤楼也在心里比了个耶，胜利的手势终于和宁前辈拉近一点距离了。至于龙胆生精丸，其实他没怎么放在心上，古药方他们叶家也很多。青兰爷爷今天高兴，让厨房再加点菜，爷爷要和宁先生、叶少不醉不归。 温月容光焕发，笑着吩咐孙女儿：“爷爷，您别忘了那件事啊。”温青兰小声说道，又偷瞄了宁晨一眼，这才走开。天渐渐黑了，宁晨也吃得差不多了，正打算走的时候，温月说道：“宁先生，叶少，如果不嫌弃，今晚就在我这住下吧。”叶孤楼无所谓，用眼神请示宁晨，宁晨没理他，对着温月说道：“温老头，你要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别拐弯抹角，我最讨厌的就是谜语人了。”啊、呃，好。 温月没想到宁晨已经看出来了，于是尴尬的说道：“宁先生听说过我儿温华吗？”宁晨摇头，没听说过。温青兰站在一边，沉默不语，轻俏脸蛋带着些许悲伤。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也是青兰的父亲。温月讲述道：“花儿是万中无一的商武奇才，既有惊人的经商天赋，又极具武道根骨，不惑之年便修成内境，笑傲青州武道界。我曾以为他会带领温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变成了植物人。”等等，叶孤楼忽然很没礼貌的打断。 内劲武者出车祸，还被撞成植物人，闹呢？内劲武者的神经反应接近音速，能轻松躲避子弹。温家大少爷难道是被战斗机撞了？温月醉醺醺的面庞上渐渐爆出几根青筋，只听他咬牙切齿的说道：“叶少说的不错，画儿其实不是出车祸，而是被高手所伤。那个人用很残忍的武功折断他的四肢，重创他的大脑，把他变成一个植物人。”温青兰听到这些话，摇鼻开始发酸，泪水开始在眼圈里打转。原来如此，是仇家寻仇吗？ 叶孤楼问道：“不知道。”温月摇摇头。这么多年来，为了搜寻凶手和给画治疗，温家几乎散尽家财，股价也是一跌再跌。所以，你想请我出手治好你儿子？宁晨也不墨迹了，直接挑明主题。没错。温月点头承认。温青兰也鼓起希望，用一双闪烁着泪光的俏眸看着宁晨：“让我先看看情况吧。”很快，温月带着宁晨来到九溪庄园后院一间宽敞的竹屋内，宁晨和叶孤楼见到了温家大少爷。 有佣人悉心照料，温华虽然躺了四年，但仪容十分得体，相貌也是十分英俊，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at 第七十六章，我不告诉你，师傅能治好吗？叶孤楼凑过来问。滚一边去！谁是你师傅？宁晨瞪了他一眼，然后就把他赶了出去。宁晨坐在床边，仔细观察了一会儿温华的情况后，吐出两个字：能治。什么？温家野女瞪大眼睛。我说我能治好你儿子，不过龙胆生精丸包括以后药物项目的分红，我要拿七成。 宁晨说道：“行，没问题。”温月不假思索：“宁先生，您您真的能治好我爸吗？”温青兰哭了，大颗大颗的眼泪已经溢红了眼眶。等他醒了，你再哭不迟。”宁晨说道：“你们出去吧，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也不准偷窥，万一耽误了治疗，后果自负。”“是，是是是。”温月满口答应。临到门边，宁晨又想起了什么：“对了，给我拿个手机充电器。”不一会儿，竹屋的门从里面反锁了。 温月派了二十多个保镖看守，自己还亲自盯梢，甚至还找来一大群私人医生和护士，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温老，恕我直言，里面的人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您千万不要上当！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生气地说道：“我从事神经内科工作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哪个植物人病患说治好就能治好的。”没错，温老，我百分百确定您被骗了。又一位康复理疗专家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您还是把门打开，让我看看里面那个人的行医资格证吧。我们这也是为了温总的安全着想。” 不必了，温月很相信宁晨，你们老实待着就行。一群专家面面相觑，温老这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呀！一位主张亲情疗法的女专家叹了口气，温老毕竟八十多岁了，儿子怎么治都治不好，可想而知心里有多着急。这时候冒出一个江湖骗子，抱着某个民间土方大肆吹嘘，还顺带踩他们这些专家们一脚，温老受骗也能理解，等着打脸吧你们。叶孤楼抱着双臂坐在后院石桌上，笑着这新号新号新号,号投机耳的饭桶专家。 此刻，竹屋内，double kill，triple kill，, kill 宁晨正躺在柔软的大床上，捧着手机打游戏，手机还连着充电线。病患温华被他扔在沙发上。温月和温青兰要是走进来看见这一幕，估计会当场气死过去。第二天中午，宁晨伸了个懒腰，从床上爬起来，连打了几个哈欠。他把温华抱回床上，接着他敞开温华的衣衫，双指往他胸口一戳，噗的一声，手指刺进皮肉骨缝间，鲜血流淌而出。 一秒后，宁晨拔出手指，指尖竟夹着一只叽喳乱叫的虫子。这是什么？温月被宁晨叫进来，震惊地看着桌子上那只怪虫被玻璃杯罩住，十分狰狞恐怖，到处乱撞。这是苗疆的蛊虫。宁晨还没说话，叶孤楼率先开口了：“师傅，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谁他妈是你师傅？”宁晨又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在温华身体里抓到的，抓了一晚上，累死我了。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一天他随时可能醒来。这也多亏了你们这些年来的悉心照料。” 此言一出，周遭大惊。温月老眼瞪得滚圆，冲上去紧紧握住宁晨的手：“真的吗，宁先生？花儿他一天内就能醒？”宁晨把手抽出来：“差不多。”温青兰瞬间泪目：“太好了，爸！”这时，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疗专家看不下去了：“小伙子，没有行医资格证，随便给人治病，这是犯法的，知道吗？”有一个男医生开口训斥道：“温老八十多了，你骗骗他还可以，骗我们你还早着呢。你谁啊？”宁晨厌恶的扫了他一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说什么？男医生大怒，然后就开始摆资历。我是市医院的神经内科主治专家，美国梅奥医疗中心毕业，也是温家顾聘的医疗专家之一。你说有没有我说话的份儿？宁晨听笑了，这么多头衔有什么用？你治好温老儿子吗？拿钱不办事，要是我早把你们都轰走了。你！十几个专家勃然大怒，纷纷朝宁晨投来愤怒的目光，恨不得活撕了他。搞得你能治好一样？男医生冷哼道。或许是屋里太吵了。 在床上躺了四年的温华，意识一点一点被唤醒。他睁开朦胧的眼睛，迷茫地望着四周。接着，他张开嘴唇，试了好几次，才虚弱地喊出一声“爸”。这一声让吵闹的屋子鸦雀无声。所有人转过头，呆愣愣地看着床上已经苏醒的男子。爸，青兰。温华脸色苍白，胸口包扎着纱布，脸上挂着笑，两行泪水却从眼眶流淌下来。下一秒，温月和温青兰扑到床边，哭成了泪人。画儿，爸。 呜呼！Uh huh. 一家三口哭成一片。叶孤楼站在宁晨身边，笑着说道：“师傅厉害啊！”宁晨依旧不给他好脸色，滚！这这怎么可能、啊？刚才那个摆资历的男医生，此刻抱着头，一脸震惊的看了看温华，又看了看宁晨：“你，你你，你是怎么做到的？不告诉你！”宁晨很欠揍的一笑，转身离去。师傅，等等我！叶孤楼紧随其后。屋内一群专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瞬间都有点怀疑人生和自己的职业能力。随后，温青兰留下裴文华，温月来到前厅，老眼红肿，不停地向宁晨道谢：“宁先生，谢谢您，谢谢您！从今以后，温家就是您家，您就是我们温家最大的恩人。”老人几乎要给宁晨跪下了。在他眼里，宁晨花了一整个晚上，彻夜未眠，帮他儿子治病，这份恩情溢于言表。不过是耗费了一些精力罢了。宁晨摆摆手：“你要是真想谢我，就帮我搜集一些灵药吧。”温月目光一亮：“灵药？” 宁晨点头，对，越高级的灵药越好。不过最差也要是千年人参，再低级的就没用了。温月马上说道：“我们温家有一块祖传的灵芝，是从西周传下来的。宁先生要不要随我去药房看看？”第七十七章凤脑芝，西周传下来的灵芝。宁晨愣了一下，真的假的？不会是上周的吧？上周，温月哭笑不得。宁先生放心，我敢保证，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就告诉我，这是我们温家的传家宝。那也没几代人啊。算了，带我去看看吧。 宁晨没抱太大希望，随后他跟着温月来到九溪庄园后院的地窖，地窖有好几层，常年灯火通明。顺着楼梯往下走，宁晨发现地窖墙壁上嵌着许多玻璃保险柜，里面存放着一件件古董。这些古董宁晨在庄园大厅里都见过，不用想，地窖里的这些才是真品，大厅里陈列的都是假货，防止贼来偷。很快，温月把宁晨带到一间库房内，库房墙壁上有很多小抽屉，温月搬来梯子。 亲手从最上面一层的某个抽屉里取出一只锦盒，宁先生，这就是我们温家的传家宝。随手接过，打开，一块通体血红、形似大脑的灵芝躺在黄色的绸缎中，散发着古老而奇异的清香。宁晨眼底瞬间掀起一抹惊喜，这是千年份的凤脑汁，扑通扑通，宁晨的心脏悄然跳动了起来。回地球这小半年来，他从未如此激动过，因为这块名为凤脑汁的灵芝对他的伤势有帮助。宁先生。 我们温家祖上是大夫，这块怪灵芝是先祖在山中偶然所得。这么多年来，我翻遍医书，请教过很多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灵芝。温月在旁边说道：“这是凤脑芝。”宁晨心中虽然惊喜万分，但伪装的很好，脸色平静无澜。世俗之中很难见到这种药材。你先祖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这个我爷爷没跟我说过。温月回答：“宁先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翻翻族志。”行，那你去吧。宁晨将锦盒盖子合上。温月哑然苦笑。 他还以为宁晨是随口一问呢。温家历代的族志浩如烟海，他不知道得翻到什么时候去。不过既然恩人有需要，他自然义不容辞。以后还有灵药，记得联系我。出去的时候，宁晨嘱托道：“只要你们能找到凤脑汁这种级别的，我可以满足你们温家一个心愿。”满足心愿？温月愣了愣。宁晨现在的语气就像神话中的阿拉丁神灯一样，仿佛真的可以实现他的所有愿望。事实上也八九不离十了。元婴期修士对于一个凡人来说， 和神灵又有什么区别？好，宁先生，我接下来会动用温家所有资源，搜寻您需要的灵药。温月点头答应，接着又问：“关于画儿体内的那只蛊虫，您有什么看法吗？”蛊虫这种东西，一般不会自己往人体里钻，八成是仇家种下的。宁晨捧着锦盒说道：“想想你们温家都招惹过什么人吧。”仇家？温月眼中既有愤怒，也有迷茫。我温家在生意场上从来都是以和为贵，很少与人起冲突。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恶毒？宁晨耸耸肩。 这他就爱莫能助了。随后，温月派了一辆车送他回去，还表示等温华养好身体后，他们一家人就登门道谢。宁晨不在乎这个。回家后，他先把装凤脑汁的锦盒塞在床底，想了想后又觉得不安全，于是他在院子里挖了个二十米的深坑，把锦盒埋了进去。黑龙直愣愣的看着，不知道主人在干什么。埋完后，他坐在秋千上思考人生。地球灵气这么贫瘠，按理来说不可能孕育得出凤脑汁这种灵药。难道古代的地球灵气很充沛？ 宁晨想起一种可能性：华国历史上记载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多岁，张三丰羽化成仙，项羽有过顶之力，就是抓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张飞在长坂坡一声大吼，吓死曹将夏侯杰。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荒谬，但如果古代真的灵气充沛，未必不可孕育出这些传说。即便如此，炼制出补神丹也还需要七种灵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齐啊！宁晨感慨道。晚上，许书言和江棠回来，没有发现院子里的异样。 因为上次的事，许书言依旧不搭理宁晨，宁晨也乐得清闲。第二天照常去上课，走进教室，叶孤楼就拎着一袋小笼包，笑嘻嘻地凑上来：“是，你再叫一声我师傅，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信吗？”宁晨威胁道：“嗯、呃，老老大，早饭吃了吗？我特地给你买的蟹粉小笼。”叶孤楼有点害怕的把塑料袋递过去。宁晨虽然在食堂吃过了，但不介意再吃一顿，他伸手接过来，坐到后排位置上吃了起来。叶孤楼悄悄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离拜师又近了一步。下午有一节体育课，临床二班的学生们成群结队往体育场走去。婉婉，你听说了吗？关小曼爸爸坐牢了。蒋颖惊讶的声音传来：“什么？”苏婉婉愣在原地。关小曼的爸爸不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吗？连学校的新体育馆都是他资助盖起来的，怎么突然坐牢了？真的，你看论坛上都在传。蒋颖把手机递给苏婉婉，苏婉婉一看，清大的校园论坛上果然有很多人在讨论关小曼的爸爸关伟明。 甚至一份判决书不知道被谁挖了出来，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关伟明故意杀人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我遭！故意杀人？牛皮！父女俩都是狠角色呀、啊，怪不得关小曼这么恶毒，三陷害我们医学系的系花，原来有个杀人犯爸爸！垃圾妇女，赶紧去死吧！一个呕吐的表情，评论一边倒的叫好。苏婉婉心里虽然也出了一口恶气，但总觉得事情不太对，于是转头看了一眼宁晨，宁晨和方小胖、张大春。 还有新的转校生叶孤楼走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件事不会和他有关系吧？苏婉婉秀眉暗蹙。嘶，一想到要在杀人犯资助盖起来的体育馆里上体育课，我就有点害怕。蒋颖把手机收起来，打了个寒战。苏婉婉露出苦笑，和两个闺蜜往体育馆大门走去，突然撞上了两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第七十八章，虽然不会打篮球，但虐你跟玩似的。其中一个身高在一米七以上，有着一头令人羡慕的香槟色大波浪长发，精致的挑不出毛病，格外明媚动人。 另一个身材稍矮，但俏皮可爱，身材更是火爆，与长相极度不符。是他，许书言。苏婉婉脚步微滞，眸光定格在了那个明媚女孩身上。许书言看见她，微微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书言，你看，是大力哥耶，大力哥。身边的江糖在看见宁晨后，很兴奋地摆起了手。许书言立刻埋怨道：“小唐，你怎么每次看见他都这么激动，能不能矜持点？”哦。江糖左耳进右耳出，蹦蹦跳跳的来到宁晨身边。 大力哥，你们这节课也在体育馆上？是啊，篮球课。宁晨忍不住摸了摸姜糖的小脑袋，立刻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尤其副班长是黎炫明，嫉妒的眼睛直冒火。小唐走了，许淑妍走过来，把姜糖带走了，还故意丢给宁晨一个哼的白眼。是，哦不，老大，看不出来您这么厉害，嘿嘿。叶孤楼猥琐的笑声从旁边传来。以我多年泡妞把妹的经验来看，这两个妹子都是极品，一个七分，一个八分。 宁晨一脚把他踹开，滚！上课后，体育馆内聚集了不少学生，除了宁晨和许淑言所在的两个班级，还有很多没课的学生特地跑过来看校花许淑言，大二大三的都有。真烦人！许淑言没带轻拧，站在队伍里都有点不自在。观众席上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看她，还评头论足，时不时发出一阵猥琐的笑声。也许这就是美女的烦恼吧。呜、哦，我也想要这种烦恼。校花果然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啊！同班的女生。 相互讨论着，随后一筐筐篮球被体育课代表抬过来，体育老师让学生们进行投篮练习，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舒言，你看，大力哥今天穿了你买的球鞋耶！江棠指着临床二班所在的球场，宁晨捧着一个篮球，百无聊赖的拍着，脚上果然穿着流川枫联名款的 AJ 球鞋。哼，这个暴力狂，早知道就不给他买了。许舒言不高兴的说道，他还是原谅不了宁晨在温老爷子寿宴上的所作所为。不过这个家伙虽说很暴力，但也算有本事。 居然能让温老爷子那么维护他。另一边，叶孤楼发现宁晨脚上的球鞋，笑道：“老大，没想到你也喜欢穿球鞋，我还以为像你这种大佬平时都穿布鞋呢。”呵呵。宁晨随口说道：“别人送的，不是我买的。”这时，黎炫明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一边很风骚的运球，一边很鄙视的看着宁晨脚上，说道：“假鞋也好意思穿出来？”假鞋？叶孤楼听到黎炫明的声音，愣了一下。他仔细看了一眼宁晨脚上的鞋子，笃定的对黎炫明说道：“瞎说什么呢，老……” 宁晨同学脚上的鞋子绝对是正品，屁的正品！黎炫明停止运球，很牛逼的指了指自己脚上，我这才是正品，他那双百分百假的！你胡说八道！江糖的声音忽然传来，这妮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宁晨他们班来了，对黎炫明说道：“大力哥的这双球鞋是在青州大厦买的，花了八万多呢，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看你的才是假的！”黎炫明脚上穿着和宁晨同款的球鞋，黎炫明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看着江糖道：“大力哥是谁？” 大力哥就是宁晨喽，我们是好朋友。江棠站在宁晨身边，顿时引来一片艳羡。黎炫明嘴角抽搐两下，别提有多嫉妒了。你不信是吧？等着呀！江棠拿起手机给许淑妍发了条消息，让他把前段时间买鞋的付款记录截图发过来。诺，看见了吧？青州大厦专柜 Nike 专柜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九，难不成青州大厦专柜会卖假货？江棠举着手机得胜般的看着黎炫明，这黎炫明脸色一僵，他没想到。 宁晨脚上穿的竟然是真鞋！奶奶的，八原来江校花是个富二代，太有钱了吧！真羡慕，他们是情侣吧？朋友间送这么贵的鞋也太离谱了。临床二班的学生们看着手机上的付款记录，一个个羡慕的眼睛发紫。喂，你的呢？江棠把手机收回来，瞟了黎炫明一眼：“是，什么我的？”黎炫明慌了：“你的付款记录啊，拿给我看看。”江棠小手叉腰：“拿不出来，你穿的就是假鞋。”“我上次不小心删了。” 黎炫明老脸通红，呵呵，删了。江棠冷笑道：“没事儿，删付款记录完。我”我我真不小心删了。黎炫明还试图狡辩，但通红的脸颊已经出卖了他。顿时，一道道鄙视的目光投来。黎炫明又羞又恼，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敢欺负我家大力哥，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江棠把手搭在宁晨肩膀上，但因为身高不够，只好踮起脚。这时，黎炫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用一种酸溜溜的鄙视眼神看着宁晨。 哼，球鞋穿的再贵，不会打篮球有什么用？江棠没想到这家伙还来劲了，气得说道：“谁说大力哥不会打篮球？”宁晨苦涩一笑：“这个小唐，我确实不怎么会打。”哈哈，我就说吧。李炫明脸上露出得意之色，他故意拿来一个球，然后花里胡哨的在胯下运了起来，还边说道：“不会打球，穿这么好的篮球鞋干什么？不糟蹋了吗？我们大力哥穿什么鞋子，关你屁事？”江棠挽住宁晨胳膊，气愤地道。 大力哥，别理这种柠檬精，咱们走。黎炫明正笑着呢，忽然听到宁晨说道：“我虽然不会打篮球，但虐你就跟玩似的。”啥？黎炫明指了指自己：“你在跟我说话，不然呢？”宁晨面泛笑意：“虐我跟玩似的，牛逼呀、啊！”黎炫明讥笑不已：“你知不知道我是校篮球队的？”第七十九章，把衣服还给我。你就是 NBA 的，我也能虐你。宁晨微微笑道：“哈哈哈，宁晨可真能吹牛。” 周围传来一片哄笑声，黎炫明也是忍俊不禁，心想老子可算找着机会报仇了。于是便说道：“好啊，既然你这样牛逼，敢不敢跟我打几个？”噗，叶孤楼实在忍不住了，笑喷了出来。一个大学生挑战武王，尼玛笑死他了！人家挥挥手都能把体育馆拆了。打可以，不过要加点赌注，不然没意思。宁晨笑眯眯的说道：“这小子这么自信，难道他很强？”黎炫明犹豫了一秒，但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连校花许淑妍都走了过来，他顿感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马德，挑战是他发起的，怎么能退缩？好，赌什么？黎炫明一拍胸脯，输的人裸奔。宁晨笑道。叶孤楼努力憋笑，老大这也太狠了，打算直接让这小子丧失大学四年的择偶权啊！赌，黎炫明也上头了，大胆应战，他还就不信了。宁晨短跑厉害，扔铅球厉害，做俯卧撑厉,厉害，打篮球还能强上天。 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圈呢？当你是都市爽文男主角呢？打几个球？黎炫明接过朋友传过来的球，边运边问道：“随你。”宁晨无所谓，那就吧，你先来，我先来。黎炫明又问：“你先吧，待会儿输了别不认账就行。”宁晨很大度的说道：“不，你自己先把这句话记好吧。”黎炫明嗤笑一声，持球来到三分线外，看着面前防守的宁晨，他心中暗笑，决定先砸个头，戏耍他一下。 结果他刚把球扔出去，想砸宁晨的额头，后者顺势抬手把球接了过来，然后很自然的走到三分线外。黎炫明一脸懵逼，尼玛<妈>，反应这么快的吗？噗，叶孤楼没忍住，再一次笑喷。小唐，宁晨在干嘛？这时许舒言也走了过来，好奇的看向被一群人围观的宁晨。舒言，你来了，大力哥在和他同学单挑。江唐把事情讲了一遍。许舒言听到输了的人要裸奔，立马很感兴趣的看了起来，心里巴不得宁晨输。 他好见见这家伙出丑的样子。马德，这时黎炫明变成了防守一方，脸色难看的很。让他没想到的是，宁晨第一个球居然原地投篮，球一脱手，径直朝篮筐飞去。尽管投篮的姿势不太标准，但丝毫不影响进球。胯擦，清脆的入网声传来，掀起一片叫好声。好球，好准啊！黎炫明脸色更难看了。接下来的四个球，他简直是被宁成各种戏耍，被打穿胯，三分。 最后甚至来了一个扣篮，轰！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篮板爆出一片白花花的玻璃渣子倾泻而下。我操<糟>！他把篮板扣碎了，牛逼呀呀！整个室内体育馆都沸腾了。观众席上原本来看校花的男生们一个个起立，眼中写满了震惊和羡慕。黎炫明也彻底傻眼了，一个球没进的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仿佛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哇！大力哥好帅啊！姜糖直接放声尖叫。 眼中填满了崇拜的小星星，这家伙，许淑妍也很吃惊，目不转睛地看着宁晨、方小胖、张大春、张欣然，还有苏婉婉、蒋颖等临床二班的学生们，统统都是目瞪口呆。只有叶孤楼十分平静，似乎早就料到会出现这一幕。履行诺言吧，黎同学。宁晨捧着篮球，笑眯眯地走过来。是什么啊？黎炫明从地上爬起来，脸黑的跟炭似的。别装傻，输了裸奔。宁晨说道。喂，开玩笑罢了。 你还当真了、啊？黎炫明压根没想过这件事，光天化日之下裸奔，这书他还读不读了？但宁晨可不打算惯着他，正准备动手，叶孤楼忽然窜了过来，指着黎炫明就骂：“马德，老子最讨厌出尔反尔的人了！今天你奔也得奔，不奔也得奔。”说着，他三二扒光了黎炫明的衣服，只给他留下一双球鞋。黎炫明虽然拼命反抗，但叶孤楼可是内劲武者，拿捏他不跟拿捏小鸡崽子一样。把衣服还给我！把衣服还给我！ 黎炫明，新号新号新号，抱着身子，弓着腰，抬头怒喊：“想要衣服？好啊，给你！”叶孤楼贱兮兮的笑道。只见他走到栏架下面，右手一抛，竟然把黎炫明的衣服挂了上去。尼玛<嘛>！黎炫明差点气吐血。衣服挂得那么高，他不跳起来怎么拿得到？但跳起来不就全部露光了吗？最要命的是，下面还铺满了玻璃渣子。宁晨，叶孤楼，我跟你们没完！黎炫明气得眼睛发红，泪光闪烁。不一会儿。 竟然流出了眼泪，at，气哭了。老大，我表现的怎么样？叶孤楼笑嘻嘻的走过来，还凑合吧。宁晨依旧面无表情，不过态度已经没那么凶了。说实话，这人性格倒是挺对他胃口的。Yes，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叶孤楼暗暗欣喜，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感动宁晨。随后，两个体育老师赶来，满脸懵逼的看着被扣碎的篮板、挂在上面的衣服以及一个星号星号星号抱头痛哭的男生。两个老师起初很生气。 要把宁晨和叶孤楼扭送至教导处，叶孤楼只是笑眯眯的打了个电话，很快便有人出面解决了这件事情。哇，大力哥，你这个朋友好厉害，不会是校长的亲戚吧？江棠站在宁晨身边，好奇的问道：“可能吧？”宁晨装傻，走到哪里破坏到哪里，果然是个暴力狂。许淑妍走过来，瞪了宁晨一眼，然后挽过江棠，小唐，我们走。”大力哥再见江白白，江唐摆摆手。嗯，宁晨也摆摆手。第八十章。 我从来不去酒吧这种地方。许许同学，二女刚出体育馆，正商量着下午没课要去哪里玩，忽然一道怯懦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是医学系的系花？”许舒妍一眼认出：“不，我不是什么系花。”苏婉婉哪敢在许舒妍面前自认什么花，赶紧红着脸摆手：“哈哈，你太可爱了，我早就想认识你了。”许舒妍捂嘴轻笑：“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有点事。”苏婉婉看了一眼江糖：“小唐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许书言说道。“哦。”苏婉婉犹豫了一下，又鼓起勇气，“我想问你，你觉得宁晨怎么样？”宁晨？许书言眉带一皱，“怎么好端端的说起这个暴力狂了？”啊！苏婉婉听得一愣。“苏同学，宁晨是不是在班里欺负你了？”许书言忽然板起脸色，“不不，没有，没有。”苏婉婉连,连连摇头，“真的没有吗？”许书言像侦探一样紧盯着他那双水灵眸子。 宁晨这个变态闷骚暴力狂，看起来老实，其实骨子里很好色的。苏同学，你长得这么好看，平时真的要小心一点。好色怎么会呢？苏婉婉愕然，她觉得这个词和宁晨毫不相干。大力哥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啊？舒言，你就使劲儿黑他吧。江棠笑道：“我说的是实话。”许舒言冷哼道：“这么说，许同学，你很讨厌宁晨了？”苏婉婉又问道：“当然。”许舒言不假思索：“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 听到不喜欢这三个字，苏婉婉浅浅的笑了。你笑什么？江糖奇怪的问道。因为我喜欢宁晨，苏婉婉竟也不隐瞒，大大方方的说道。所以听到许同学不喜欢宁晨，我很开心。啊！二女都是一愣。许淑妍刚想劝苏婉婉不要误入歧途，忽然又觉得哪里不对劲。苏同学，我很好奇，你为什么特地来问我这个问题？她蹙眉问道。因为宁晨喜欢你啊！苏婉婉眨了眨水灵的大眼睛，你不知道吗？许淑妍俏脸上满是错愕。 江棠的樱桃小嘴也是张成了 O 型，又聊了一会儿，苏婉婉终于离开。嘻嘻，舒言，怪不得大力哥老是和你斗嘴，惹你不开心，原来他对你有意思啊！江棠推了推许舒言，嬉笑道：“哼，谁让他喜欢？”许舒言柳臂一抱，表情有些不自然的说道：“反正我和他是不可能的。”江棠笑道：“我觉得大力哥挺好的呀、啊，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安全感呢、啊。”许舒言瞥了闺蜜一眼，一口一个大力哥，你这么喜欢，干嘛不去追他？哎呦，江棠小手捂着脸蛋。 女追男隔层纱，我先开口多不好意思啊！你还真喜欢他？许舒言翻了个白眼，我觉得他比林骄阳差远了，不对，几乎是没有可比性。哪有那么夸张？at 江糖撇撇嘴，然后又说，对了，舒言，我和大力哥都觉得林骄阳有点问题，你和他交往要小心点，千万别被他骗了。放心吧，许舒言抬起天鹅颈，骄傲的说道，林骄阳虽然优秀，但我许舒言也不差，在完全考察清楚他的情况前，我连手都不会让他碰。嘻嘻，那就好。江糖巧笑倩兮。 以后我和大力哥在一起，你就和林骄阳在一起。那你可是有一个强力竞争对手。许书言望了一眼苏婉婉的背影，弯眉笑道：“我会努力的。”江棠小拳头一攥。许书言看见闺蜜的样子，就知道她是真的喜欢宁晨，但想起后者和林骄阳之间的关系，她不禁一阵头疼。思索片刻后，她掏出手机给林骄阳发去一条微信：“骄阳，晚上出来玩呀、啊。”此时，什么都不知道的宁晨正在学校超市买冰淇淋，叶孤楼抢着付完钱，对他说道：“老大。” 晚上有空吗？宁晨，干嘛？叶孤楼嘿嘿笑道：“就我一朋友，晚上喊我去酒吧玩，一起呗。”宁晨，我从来不去酒吧这种地方，不感兴趣。叶孤楼知道自己不可能勉强宁晨，只好叹了口气：“好吧，看来满包厢的漂亮妹妹，只能我自己享受了。”宁晨不为所动，元婴期修士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些庸脂俗粉？十个小时后，青州大厦 O T 酒吧，劲爆的音乐震耳欲聋。舞池边，叶孤楼一脸懵逼的看着面前的宁晨老大。 你不是说你从来不去酒吧吗？我来不来你管得着吗？宁晨也是服了，青州这么多家酒吧，偏偏在这里撞上这货。大力哥，舒颜在等我们呢，我们走吧。江棠拽了拽宁晨的袖子，嗯。宁晨点点头，便任由江棠牵着他往二楼包厢走去。看来老大也是性情中人啊，说一套做一套，嘿嘿嘿。叶孤楼笑笑便走开了。修仙之人都喜清静，宁晨是真的不喜欢酒吧这种环境，怎奈江棠一直缠着他。 对于这个性格很像小师妹的女生，宁晨还是比较有好感的，于是就来了。推开包厢大门，宁晨看见一对俊男靓女正坐在沙发上聊天，正是许舒颜和林骄阳。林骄阳一看见他，脸色马上拉了下来。舒颜，他怎么来了？没事儿，都是朋友。许舒颜先安抚林骄阳，然后起身走了过去，顺手关门的时候，他特地对宁晨儿语道：“别吵架，不然我以后都不理你了。”宁晨听得满头雾水，心想你理不理我关我屁事。 他拉开包厢门，正准备走，江棠忽然死命拽住他：“大力哥，不准走！干嘛？”宁晨不悦地皱起眉头。江棠叫他过来的时候，可没说林骄阳也在这儿。我我想听你唱歌。江棠又使出魔人大法，抱住宁晨大腿不放。宁晨拿他有点没办法，索性坐了下来。但唱歌是不可能唱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林骄阳倒是现唱好几首，他唱功很好，明显学过声乐，几首歌下来让二女连连鼓掌。江棠还挤眉弄眼，示意他也鼓掌。 宁晨算是看出来了，姐妹俩攒这个局，八成是想让他和林骄阳并起前嫌，成为朋友。就在这时，包厢大门被推开，一群年轻男女走了进来。第八十一章握手言和。这群人推门进来的时候，许书言都是傻眼的，他今晚只叫了宁晨和林骄阳，没叫别人啊？难道是走错包厢了？陈志豪，你来干什么？很快，许书言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立刻皱眉起身。除了陈志豪，还有六七个年轻男女，都是圈子里有名的富二代。 许舒妍和他们并无太多交集。舒妍，我喊几个朋友一起来玩，没问题吧？这时，林骄阳起身笑道：“是你叫来的？”许舒妍没带微醋，显然有点不开心。那你也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抱歉，待会儿我来买单。林骄阳歉意一笑：“不是钱的问题。”许舒妍眸光闪烁，用眼角余光示意了一下陈志豪。几天前，陈志豪才被宁晨揍过，这俩人凑一起能有什么好？他甚至怀疑林骄阳是不是故意的。我也纳闷呢，志豪。 我也没叫你啊，你怎么来了？林骄阳摆出一副困惑的模样，不是故意的吗？许舒妍看着林骄阳紧锁的黛眉舒展了一些。宁晨看着这俩人演戏，笑而不语。嘿嘿，林少，我今晚正好和几个朋友在这边玩，结果碰到李少了。陈志豪穿一件皮夹克，染着黄毛，左脸的肿还没消，缺了两只门牙，看起来颇为滑稽。他拍了拍身边一个戴骷髅头项链青年的肩膀。许舒妍见过这个李少，原名李泽，他爸是青州临江区一家银行的，权力很大。 很多企业都拼命笼络，光收礼每年都好几千万。是我把志豪叫上的。李泽叼着一根烟，咧嘴笑道：“林少，这我可就要说你两句了。叫兄弟们出来玩，怎么能单独抛下志豪呢？”李少，志豪，这我真不是故意的。”林骄阳说着，扫了坐在沙发上的宁晨一眼。在场的富二代们大多都参加了温月的八十大寿，知道宁晨和陈志豪之间的恩怨。李泽那天没去，但也听说了宁晨。他吐出一个烟圈，笑着说道：“宁少是吧？牛逼啊，连志豪都敢打。”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宁晨没搭理他。李泽哈哈大笑：“行，有性格，我喜欢。”现场气氛有点尴尬。江棠看了看许书言，许书言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让林骄阳把他的兄弟们赶走吗？貌似不太好吧。这样吧，宁晨、志豪，今天我做东，你们两个握手言和，冰释前嫌，怎么样？这时，林骄阳倒了两杯酒一杯，一杯递给宁晨，一杯递给陈志豪。他语气真挚，劝道：“大家以后都在青州上流社会混。”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闹得这么僵，多没意思，是不是？舒言，小唐，许舒言，轻手轻点。是啊，我也希望大家和和气气的。江棠没说话，只是看着宁晨。宁晨起先没动，许舒言用手肘捅了他两下，他这才微微一笑，握手言和可以，不过他要先给我道歉。什么？富二代们都震惊了。宁晨让陈志豪给他道歉。宁少，你说反了吧？李泽嘴角肌肉抽搐了两下。你打了志豪，应该是你给他道歉。宁晨直言不讳。 他不配，陈志豪气的眼里直冒火。令晨，你，志豪，林骄阳呵斥，对他使了好几个眼色，似乎在示意他不要冲动。狗东西，真够嚣张的。陈志豪快气死了。不过林少都计划好了，今晚之后，这个狗东西就会被青州富二代圈子孤立。我就再忍忍吧，看看林少有什么妙招。这时，许书言也对宁臣使了好几个眼色，都被后者无视。行，陈志豪一咬牙，接过林骄阳手里的酒，一饮而尽。宁少。 我给你道歉，我不该说你是乡下来的，行了吧？乡下来的李泽和几个漂亮妹子听到这话，都是皱了皱眉。宁晨看着陈志豪，就知道他不是真心的，于是也没喝酒，嗯了一声就没了后文。这人怎么这样？就是人家都认错了，真不识抬举，零情商吧？几个富二代都对宁晨投来厌恶的目光。林骄阳却是打起了圆场，好了，既然误会已经解开，那大家就坐下唱歌吧，我去拿点酒，大家今晚玩的尽兴，所有的消费都算在。 我林骄阳头上，画出包厢内一片欢呼、尖叫，还有吹口哨的声音。林少大气。许书言看着和大家格格不入的宁晨，很无语的叹了口气。不一会儿，各种名贵的酒水拿上来，还有果盘、小吃。玩游戏的玩游戏，唱歌的唱歌，气氛很融洽。林骄阳和许书言坐在一起，时而附耳攀谈，时而打情骂俏，像极了一对情侣。李泽和陈志豪他们也不停起哄：“大力哥，你是不是心里很难受？”江糖玩了一会儿游戏就退了出来。 坐到宁晨身边，宁晨正玩着手机，很奇怪的扭过头：“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有些事我和舒妍都知道了。江棠看了一眼许舒妍和林骄阳，心里很不是滋味。宁晨怎么都没想到，苏婉婉今天去找了许舒妍还把自己为了拒绝他瞎鸡博扯的理由告诉了许舒妍他挠挠头：“什么事啊，小唐？你在说啥？我怎么听不懂？”江棠动动嘴，最后还是没有挑明：“反正你还是放弃吧，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说完这句话，他红着脸低头喝了一杯酒。 莫名其妙，宁晨反手打开王者荣耀，女孩子的心思不用读心术还真猜不透。宁少，一起来玩两把桌游呗。就在这时，林骄阳走过来喊宁晨一起去玩游戏，态度十分真诚。李泽、陈志豪等人脸色都有些不快，宁晨太闷骚，太不合群了，叫这种人来玩游戏很扫兴。许书言却很开心，他是很希望宁晨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的，大家都是朋友嘛。没兴趣，宁晨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拒绝。 包厢内的气氛马上变得尴尬。第八十二章，给小唐道歉。一个人坐着多无聊，一起来玩两把。你要是不会，我可以教你。林骄阳继续发出邀请。宁晨干脆不搭理他了。一个对林骄阳很有好感的白富美看不下去了，出声道：“林少，既然人家不给面子，我们自己玩就好了呀。”“就是，人家说不定有大生意要谈呢，别打扰人家了。”李泽讥讽道。但谁都知道，宁晨一直在刷抖音。好吧，林骄阳摆出失望的样子，转身回去了。 许书言有点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宁晨一眼，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出来玩的？夜里十点多，地上摆满了空酒瓶子。这群富二代的酒量极好，都还没有醉。他们聊着吹牛，聊着聊着，忽然聊到温月八十大寿那天。林骄阳趁许书言去上卫生间，再次向宁晨发去邀请，主动搭话道：“宁少，听说你医术很厉害，帮过温老爷子大忙，是温家做上宾，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这医术是怎么学的呀？”宁晨依旧没搭理。他之所以留在这儿。 一半是因为姜糖，一半是想看看林骄阳和陈志豪这俩人到底能整出什么花样来。温家坐上宾，啧啧，怪不得这样牛逼呢。李泽故作惊讶：“温家，哼，温家早就不行了，既是药园的股价前几年就腰斩了。”之前说话的那个白富美又说道：“悠悠，别瞎说，温家以前可是青州第一大家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泽告诫道：“切，好汉不提当年勇，温家现在就是不行了。”名叫悠悠的女孩。 语气里充满不屑。这时，宁晨突然开口：“温家再不行，温老爷子过八十大寿，青州有头有脸的人物全部到齐，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敢贬低温家？”此话一出，包厢内顿时安静了下来。谁也没想到，一直默默不出声的宁晨，这个时候为温家鸣起了不平。林骄阳心中暗笑，导火索这不就点着了吗？你说什么？悠悠从小娇生惯养，脾气火爆，一拍桌子就站了起来。你说我算什么东西？又算什么东西？你一个乡下来的！ 好了，悠悠姐，他这人就这样，你别跟他一般计较。江棠赶紧起身安抚。我凭什么不跟他一般计较？悠悠很生气。要是林骄阳、李泽说他，他还可以忍一忍，毕竟背景比他硬多了。但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凭什么嘲讽他？温家很快会重回青州第一家族的宝座。宁晨突然说道：“到时候你会被自己说过的话打脸。”包厢内又是一静，紧接着悠悠的骂声炸响：“姓宁的，你新号新号新号吧！温家都没落成什么样子了。” 还重回青州第一家族，我看你是在做梦。江糖有点听不下去了，喂，你说话别太过分了。悠悠正在气头上，端起一杯酒就泼向江糖，关你屁事，滚！啊！江糖下意识地抬手护脸，好在宁晨及时把他拉开，酒水泼到了沙发上。不知为何，见江糖受了委屈，他心中冒出一丝火气，迈步走向悠悠。悠悠被他的眼神吓到了，后退了几步。喂，你干什么？李泽挺身而出，挡在悠悠面前。 你该不会想动手吧，李泽？我劝你别惹我。宁晨喊出李泽的名字，声音带着冷意。我操，哪敢啊！您老人家多牛逼啊，温家坐上宾，见谁不爽就抽谁，我哪敢惹您老人家啊！李泽开始阴阳怪气起来。宁晨心里有火，也不忍他，直接一个大臂兜子就甩了出去。啪！李泽直接飞出去三米多远，把麦克风都撞翻了，几颗碎牙齿蹦到茶几上，又弹到地毯上。包厢内死一般的寂静，谁也没想到。 宁晨敢出手打李泽，李泽的老爹可是银行的，在整个青州人脉极广，他怎么敢的？林少，你还管不要管了？陈志豪突然喊了林骄阳一声。其实今晚就是林骄阳叫他过来的，他原本不敢来，因为宁晨太能打了，但林骄阳称自己练过武，会保护好他，他才敢过来。而这时，林骄阳脸色也是差到极点。宁晨，当着我的面打我朋友，你找死是吗？林骄阳说着，一拳捶在包厢墙壁上，只听砰。 的一声，墙纸炸裂，水泥墙壁竟被生生轰出一个洞来，混凝土四溅。天哪！悠悠、江棠等女生都吓了一跳，没想到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林骄阳竟然这么厉害，一拳能把水泥墙砸出洞。宁晨在看见林骄阳的第一眼起就知道他练过舞，所以并不惊讶，甚至都没理他，给小唐道歉。他走到悠悠面前，语气冷冽的说道：“悠悠，被他的眼神吓到了，赶紧朝林骄阳投去求救的目光。”宁晨。 星号星号星号敢不把我放在眼里？林骄阳终于忍不住了，一个箭步上前，抡起拳头砸向宁晨后脑勺。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击，实则狠毒无比。后脑勺内部是小脑，与脑干相邻，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一旦受损，重则毙命，轻则变成植物人。大力哥小心啊！江棠的尖叫传来，刹那之间，众人只听啪的一声爆响，林骄阳左脸被一抹黑影抽中，当场横飞了出去，把显示器都砸爆了，电火花四溅。道歉。 宁晨看都没看林骄阳一眼，狠狠瞪着悠悠。区区淬体一重巅峰，外境巅峰，敢偷袭他，也真是不知死活。众人都傻眼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林骄阳怎么自己飞出去，把显示屏砸爆了？陈志豪彻底无语了。尼玛，说好的练过武，能把宁晨摁在地上暴锤呢？对，对不起，悠悠吓坏了，跑到江棠面前，不停的鞠躬道歉。我不该拿酒泼你，真的对不起，我错了。a 特，大力哥，我们快走吧。 江棠看见林骄阳躺在地上，连吐好几口血，就知道事情闹大发了，得赶紧离开才行。他刚牵起宁晨的手，包厢大门被推开，许舒妍拿着果盘，笑容灿烂的走进来，然后就傻眼了。第八十三章，你喜不喜欢我，关我屁事？骄阳，骄阳，你怎么样？许舒妍看见林骄阳躺在地上吐血，吓得把果盘都扔了，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林骄阳话都说不出来，吐了好几口血，才举着手指，摇摇颤颤的指向宁晨，谁动的手？ 不言而喻，许淑妍范而起身，冲到宁晨面前就想扇他，啪！手腕被宁晨抓住，伸手一推，推到沙发上。宁晨，你混蛋！你为什么这么爱打人？为什么？许淑妍又冲过来，对着宁晨一顿拳打脚踢，哭得梨花带雨。江棠试着解释是林娇阳先动的手，可他根本不信。宁晨再一次把他推到沙发上，冷冰冰地说道：“要不是看在乔姨的份上，我连你一起打。好，你打，你动我一个试试。” 许书言扬起挂满银泪的俏脸，凑到宁晨跟前：“大力哥，不要啊！”姜糖站在他们中间，拼命把他们分开。宁晨最终还是没动手，转身欲走。宁晨，我看透你了，你就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神经病！”许书言一边抹眼泪，一边喊道：“我今天攒这个局，就是想消除你和骄阳的矛盾，融入我们这个圈子。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可你倒好，趁我不在就把骄阳给打了！”许书言越说越气，什么都不顾了。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收拾东西。 从我家滚蛋！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我也永远不会喜欢你这种人。宁晨听得简直莫名其妙，你喜不喜欢我关我屁事！不可理喻，他懒得解释，双手插兜就走出了包厢。看来那个计划还是有必要的。大力哥，江棠急得直跺脚，但他没有追上去，而是对许舒颜解释道：“舒颜，你误会大力哥了，真的是林骄阳先动的手。怎么可能？”许舒颜不信，林骄阳那么斯文，那么有风度，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打架的人。 江棠，姜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吧？明明就是宁晨先动的手，你看这给我打的！李泽把自己的脸凑过来，上红印还没消，疼死我了！老子迟早要搞死他！小唐，我知道你喜欢宁晨，但你也不能黑白不分啊！许淑妍埋怨道：“听我的，以后别跟他来往了，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哎呀，淑妍，我说的是大力哥和林骄阳之间，是林骄阳先动的手。江棠试图再解释，但许淑妍已经听不进去了，在他眼里，宁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成功了。 值了，呵呵。林骄阳躺在沙发上，淌满鲜血的嘴角微微上勾了一下。他早就查清楚，宁晨和许淑言、江棠住在同一幢别墅里，自己的准女友和别的男人同居，这他能忍？必须要赶走，而且还要让他们反目成仇。唯一出乎他意料的是，宁晨居然是内禁武者，这小子的背景不简单啊！林骄阳暗暗思考着。话说，宁晨离开包厢后，来到大厅散台，随便点了一杯酒，喝完后，他掏出手机打给叶孤楼。 喂，老大，叶孤楼反应很激动。你还在 O T 酒吧吗？宁晨问。在，在的。叶孤楼回答。我在散台，过来一趟。宁晨说完就挂了。没一会儿，叶孤楼领着一个朋友过来了。宁晨在桃花源酒店见过秦奋，滨海秦家的大少爷，叶孤楼的小弟。老大，叶孤楼喊了一声，兴冲冲的跑过来。老老大，秦奋也跟着喊了一声，有点不好意思。宁晨点点头，然后对叶孤楼说道。 传你一门拳法，要不要？叶孤楼目光大亮，拳法？什么样的拳法？要要要要！宁晨打量了他一眼，你现在的实力是淬体二重，也就你们所说的内劲。练了我这门拳法，保你两年内突破宗师。什么？叶孤楼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两两年内突破宗师？老大，你你不是在逗我吧？宁晨冷哼一声，我看起来很有空吗？叶孤楼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一个亿。宁晨弹出一根手指，轻飘飘的说道。 再帮我教训三个人，好，没问题。在秦奋震惊的目光中，叶孤楼几乎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下来。喂，叶叶少，秦奋站在后面，小声提醒：“小心被骗啊！”叶孤楼没理他，拿到宁晨的银行卡号后，直接让人转了一亿现金过去，搞定了。明早八点前肯定能到账。叶孤楼笑着道：“对了，老大，惹你的那两个人什么来路啊？一个叫陈志豪，一个叫李泽，一个叫悠悠，都是青州的富二代。具体的，你自己去查吧。” 让他们家族破产就行，宁晨说道。得嘞，叶孤楼笑着又拨通一个电话。喂，少爷，对面传来一个深沉的男人声音。于秘书，我爸在吗？叶孤楼问道。家主在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谈判，少爷有什么事吩咐我即可。男人说道。好吧，那你帮我整三个人。叶孤楼报出三个名字，又补充道，让他们家族破产，再欠上一大笔债，十辈子都还不完的那种。好的，少爷。男人也没问原因。 直接答应下来，老大就三个吗？还有没有？叶孤楼挂断电话，笑呵呵地道：“在江南地界，只要不是欺负世家，我们叶家让他死他就得死。”还有一个，宁晨微微一笑，不过我想自己留着玩。秦奋在后面听得直哆嗦，他们秦家可千万不要招惹到这尊煞神了。好嘞，嘿嘿。叶孤楼脸上堆满笑容，搓了搓手，老大那门拳法，急什么？周三来教室，我给你。宁晨说完就走了。 叶孤楼一直把他送上车。秦奋问道：“叶少，一个亿的买卖啊，你就这么信任他？”叶孤楼瞥了他一眼：“你懂什么？别说一个亿，就是十个亿，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秦奋，他真是越来越好奇宁晨的身份了。第八十四章飞灵断骨拳。而宁晨前脚刚走，一辆救护车便驶来酒吧门口，把林骄阳拉走了。许淑妍眼睛都哭红了，心里更是恨透了宁晨。小唐，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宁晨赶走。 从今以后，这个家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回到玫瑰园别墅，许舒妍一脚踹开宁晨卧室的门，发现他并不在里面。哼，算他识相，自己走了。许舒妍冷哼道：“大力哥，你就这么走了吗？”江棠望着空落落的房间，心里也空落落的。翌日，他瞒着许舒妍来临床二班找宁晨。苏婉婉告诉他，宁晨没来上课，这可把江棠急坏了。微信不回，电话不接，他生怕宁晨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于是脑子一热，就把事情告诉了乔静。 乔静听说后差点气死，冲到别墅里就臭骂了许书言一顿。正准备报警的时候，宁晨终于接电话了。喂，乔姨，小陈，你你没事吧？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乔静关心地问道。我在酒店啊。宁晨回答。你在酒店干什么？乔姨纳闷。睡觉。宁晨回答。其实他是在改良功法，除了要传授给叶孤楼的拳法，还有其他的法术、秘术、武学，甚至神通。 这些东西放在地球修炼界，妥妥的硬通货。听到宁晨没事，乔静这才松了口气，然后劝道：“小陈，前天晚上发生的事，乔姨都知道了。你现在赶紧回来，就住在这儿，谁也赶不走你。”乔姨说的。刚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许淑妍不满的声音：“她要是再敢住进来，我就搬出去。反正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搬，你赶紧搬！”乔静转身教训起女儿：“死丫头，翅膀硬了！我告诉你，那个林骄阳不是什么好东西，搞虚拟币，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 以后不准你和他来往，妈，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宁晨懒得听母女俩吵嘴，不知何时已经挂断电话。随后他在手机上查了一下银行卡余额，总计一亿六三十万现金。普通人手握这么大一笔钱，估计能激动死，但在宁晨眼里，这就是一串数字。他又拨通了一个房产经纪人的电话：“你好，张经理，我看上了一套房子，希望你能帮我去谈谈价格。”周三一早，叶孤楼看见宁晨走进教室，拎着早餐，一溜烟冲了上去，老大。 蟹粉小龙，趁热吃啊！宁晨嗯了一声，伸手接过，坐到位置上开吃。吃完后，叶孤楼又主动把垃圾扔了，笑眯眯的凑过来：“老大，你打算什么时候传我拳法呀？”宁晨说道：“发你微信上了。”微信。叶孤楼一脸懵逼的掏出手机，果然看见置顶聊天有一条未读消息，是一份文件，文件名是《飞灵断骨拳》。啊！叶孤楼的第一反应就是宁晨在耍他。老大，你好歹整一部线装古籍。 上面写满高深莫测的口诀，再画一些小人穴位经脉图，哪有这样发文件的呀？叶孤楼表示很无语，这不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吗？其实宁晨也挺无奈，他以前受人工法神通，都是一点额头记忆就直接灌输过去了，怎奈现在身负重伤，灵力用一点就少一点，只好用这种原始的办法了。我录了视频，你自己照着学吧，有不懂的再来问我。宁晨说道。好吧，叶孤楼感觉自己被坑了，不过他眼珠子一转，又笑道：“老大。” 既然你都传授我拳法了，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口叫你师傅了？大早上的就合适吧。宁晨瞥了他一眼，区区淬体期就想做我徒弟，起码也要是个练气期才行。叶孤楼不解，练气期？宁晨摆摆手，也就是你们凡人口中的宗师。凡人？叶孤楼撇撇嘴，心想老大你也太能装了，搞得你是神仙一样。这节课，叶孤楼直接翘掉，不知道跑到哪里钻研飞灵断骨拳去了。下课后，班长张欣然找到宁晨，红着脸说道。 宁晨同学，我能求你件事吗？什么事？宁晨问。张欣然也是个白富美，但比悠悠那种要乖巧一点，家教比较好，所以宁晨乐意搭理。张欣然脸蛋扑红，小声问道：“你有叶孤楼同学的微信吗？我我想要一个。”宁晨掏出手机：“好，我给你。”真的吗？张欣然眸光一亮：“谢谢，宁晨，你人真好。”两人加上微信，宁晨把叶孤楼推了过去。可连这几天叶孤楼都没有通过，搞得班长同学很忧伤。 甚至怀疑宁晨是不是在耍他。这几天宁晨没回玫瑰园，而是住在九溪庄园。温老头听说宁晨没地方住，直接把庄园最大的一间卧室收拾出来，让他想住就住，当成自己家一样。除此之外，温家每天都山珍海味的招待他，光吃每天都能吃掉十几万。在温老头紧锣密鼓的布局下，龙胆生精丸也通过药监局审核，正式投向了市场。中药和西药不同，无需通过漫长且成本高昂的临床试验，只需拿出古代经典名方作为依据，便可上架售卖。 龙胆生精丸的药效惊世骇俗，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在中医界掀起一场风暴。这天，宁晨和温青兰一起放学回来，走在庄园大道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温月站在六楼露台上，看着这一幕，笑道：“画，你说宁先生要是我孙女婿，该多好。”“爸，你想太多了。”温华苦涩一笑：“宁先生可是连叶家都不敢得罪的存在，我们温家哪敢奢求？这要是放在早些年，青兰能嫁给他做妾，我这个当爹的都认了。”“是啊，人老了就喜欢做梦。” 温月笑着摇摇手，随后他接了一个电话，脸色骤然大变。什么东西被劫了？怎么会这样？温华皱眉上前：“爸，出什么事了？”温月一言不发，马上找到宁晨，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你的意思是，你们在岭南采购的千年灵药被人劫走了？宁晨眉头暗皱。第八十五章许氏集团的危机，不止我们温家，还有滨海孙家、姑苏汤家、金陵兰家医药世家联手采购的这批药材全没了。温月急得火烧眉毛。 爷爷，到底怎么回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温青兰端来茶，担忧的问道。哎，肯定是黑武林那些亡命之徒。除了他们，还有谁敢杀武邪的人？温月连连叹气。这次我花费重金从岭南一个老朋友手里买来两株千年灵药，本来想送给宁先生的，结果……哎，什么样的千年灵药？宁晨问道。具体我也不清楚，总之和那凤脑汁一样，世俗罕见。温月说道。有照片没有？宁晨又问。没。温月摇摇头。 宁晨陷入了沉思，要不要出手调查？如果是炼制补神丹所需要的药材，那他无论如何也要弄到手。虽说希望很渺茫，但也值得他试试。药材可不会长腿，自己跑上门来。除了我温家、孙家、汤家和蓝家都损失惨重，黑武林的这帮畜生，温月气死了。爸，黑武林的盟主鬼见愁不是被六大名捕抓进五狱了吗？这个组织也早就偃旗息鼓了，怎么现在又出来了？温华皱眉说道：“我也只是猜测，谁知道是谁干的？”温月摇摇头。 宁晨没打听这个黑武林，他在意的是江南许多家族的药材都被抢了，里面会不会有他需要的药材呢？温老头，宁晨缓缓开口：“这件事有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我打算亲自去查查。”好。晚些时候，宁晨受不了乔姨的唠叨，去了玫瑰园别墅一趟，顺便给黑龙喂泻四丸。自从吃了这种药丸，普通狗粮再难填饱他的肚子。小陈，来、哎、吃这个，这是乔姨亲手做的。饭桌上，乔静不停地给宁晨夹菜。 简直把他当成了亲儿子，许书言却是可以冷落。到底谁是亲生的？许书言拿筷子除碗，很不开心地瞪着宁晨。小陈，书言被乔姨宠坏了，有点小脾气。你这个当哥哥让着他点。乔静试图恢复宁晨和许书言的关系，宁晨也很有礼貌地应和着。不多时，徐景山来了，风尘仆仆的进门，似乎有点匆忙。老公，你怎么来了？乔静诧异地看着他，不是说公司有个会要开到很晚吗？我去帮许叔叔拿碗。江棠很懂事地站了起来。 没想到徐景山摆了摆手，笑道：“不用了小，小唐叔叔吃过了。舒言，你出来一下。”哦，许舒言把碗筷放下，跟着徐景山来到院子里。“爹爹，怎么了呀？”许舒言坐在秋千上晃呀晃，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脚下十米处还埋着两个杀手。舒言，有件事，爸爸有点难开口。徐景山坐在一张藤椅上，双手交叉，满脸难色。“爹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许舒言停止了荡秋千。集团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 爸爸打算卖掉这套房子，徐景山艰难的说道：“卖卖房。”许淑妍愣了一下，他养尊处优十八年，从未想过家里会出现经济危机，甚至到了变卖家产的地步。爸，到底怎么了？咱们家要破产了吗？许淑妍来到父亲膝前，难以置信的问道：“具体情况你就不要多问了，总之现在急，团集缺一笔资金。”at 徐景山牵起女儿的手，很自责的说道：“对不起，书妍，是爸爸没用。”爸，没事啊。 大不了我回校住宿舍。许舒妍这个时候也说了一些作为儿女该说的话，她紧紧握住徐景山的手。但是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钱没了还可以再赚的。傻女儿，还没到让你住宿舍的地步呢。徐景山宽慰的笑了笑，爸爸打算在附近小区给你买一套小户型，先住两年，等情况好转了，爸爸再把这套买回来。爸、啊，不用，真的不用，我住宿舍可以的，还能和同学打好关系呢。许舒妍露出甜甜的笑容，又问道，对了，什么时候搬啊？我好跟小唐说一声。可能。 就这两天，徐景山面露苦涩。这么急，许淑妍愣了一下，心里多少有点不舍。他已经在这里住习惯了，搬进学校宿舍要共用卫生间、共用洗漱台，还没有保姆做饭打扫，晚上还要忍受室友们的各种声音。他真的能习惯吗？说来也怪，这个卖家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报价很高，张口就是一亿两千万。徐景山透露道。这么多，许淑妍面露欣喜。那咱们不还赚了两千万？太棒了！是啊，所以我才亲自过来找你商量。 徐景山感慨道：“没事的，我会努力习惯的。”许书言攥紧小拳头，努力表现的自然。这时，徐景山换了个话题，有点不好意思的问道：“对了，书言，你和林骄阳最近怎么样？没怎么样啊，就是正常交往啊。”许书言撇撇嘴：“爸，你该不会为了集团资金链，想把我卖给林家吧？我可知道林骄阳手里有几十亿。”胡说八道什么？徐景山眉头一皱：“我徐景山就是穷死饿死，也不可能卖我的宝贝女儿。”嘻嘻，我就知道。 爹爹对我最好了。随后，徐景山还有一个会议，匆匆离开了别墅。许舒妍找到江棠，把事情告诉了他。怎么会这样？江棠很吃惊。舒妍，许叔叔不要紧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许舒妍摇摇头，眸光泛起一丝坚定。如果这一亿两千万还不够，小唐，我可能真的要主动追求林骄阳了。这，江棠脸色很难看。他还是从头一次从闺蜜嘴里听到这种话。这么多年来，许舒妍别说追男孩子，甚至都没有一个男孩子能入得了他的眼。 另一边，乔静把宁晨送出别墅大门，也跟他讲了这件事。奇怪的是，宁晨一点都不惊讶，说完再见就走了。这孩子真是看不透啊！乔静摇摇头。第八十六章，难道这就是缘分？同一时间，某商业大厦顶层办公室，白石建材集团的董事长陈志彪跪在一个青衣中年男子面前，不停的磕头。at 于秘书，求你给条活路啊！我从来没惹过你，你为什么要卡我的资金？为什么啊？ 陈志彪几乎崩溃，眼前这个男人来自欺负世家之首的叶家，虽然只是一个董秘，但权力极大，一句话就能让他们这种小集团破产。于秘书戴着眼睛，神情冷漠，仿佛见惯了这种场景。他淡淡开口：“抱歉，不是我要故意整你们，是你儿子惹到了我们家少爷，让你们家破产，不冤枉。”陈志彪满脸震惊：“志志豪，志豪惹了叶少，自己回去问你儿子吧。”走。于秘书让保镖拍摄了一段视频后，潇洒离去。 陈志彪从地上爬起来，赶紧打了个电话给陈志豪：“喂，爸，小狗崽子，十分钟内不滚回家里，老子活剐了你！”陈志彪吼完这句话就挂了。酒吧中，陈志豪搂着两个漂亮妹妹坐在卡座上，一脸的懵逼。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李泽家里和悠悠家里，没有任何征兆。叶家一句话，直接把李泽的老爹从支行长的位置上撸了下来。悠悠的老爸公司资金链直接断裂，所有工厂终止合作，一夜白头。 而他们的父母均被告知，他们惹了滨海叶家的大少爷。三个人哪怕快被打断气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惹到叶家大少了。他们明明连认都不认识啊！一个学期的生活很快结束，不知不觉寒假临近。宁晨参加完期末考试后，打算回老家了。放心吧，爸妈，我一个人没问题。大概晚上七点到家吧，你们不用等我，先吃，先吃。宁晨坐在高铁座位上，和老妈陈兰通了电话，脸上都是带着笑的。半年来，他好几次想回去，都被老妈拒绝了。 青州离东阳县四百多公里，即便坐高铁回一趟家也要大半天功夫。父母平时也都比较忙。陈兰是个女强人，在餐馆端过盘子，开过出租车，做过婚庆，现在貌似在做服装生意，一年能挣个二十万，在县城已经很不错了。相比较下，老爸宁昌茂就比较佛系了，因为年轻时做生意失败，导致他一蹶不振，现在包了些田地，雇人务农，种点西瓜和小番茄，也乐得自在。小陈，在你乔一家住的怎么样？陈兰带着笑意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 舒言那孩子从小养尊处优，不好相处吧？还行，乔姨对我还是很照顾的。宁晨没有向母亲抱怨什么，反正马上就要和许舒言分开了。小陈，其实我和你乔姨挺希望能结个亲家的。陈兰笑眯眯的暗示：“拉倒吧。”宁晨翻了个白眼，心想：就许舒言的性格，就算全天下女人都死光了，自己也不会找他。咱们家条件确实差了点，算了，你和舒言的事情以后再说。你首先要把书读好，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母子俩一周通一次电话。 陈兰又问了不少事情才挂断。宁晨戴上耳机，刚准备玩会儿游戏，突然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温月。喂，温老头。宁晨有点不耐烦的接通。宁先生，事情有眉目了。温月的声音透着急促。说。宁晨目光一亮，我拜托武协那边的老朋友，查到劫走这批灵药的人就在咱们江南省境内。温月说道。具体在哪里？宁晨追问。东阳县。温月答道，又补充道，而且我拿到灵药的清单了。 宁先生要不要过目？好啊，你让青兰发我微信上吧。”宁晨说道。他最近几个月和温青兰一起上下学，关系不像之前那么僵硬了。宁先生，您人不在青州？温月听到电话那边传来高铁的广播声：“对啊，寒假了，回家过年。”宁晨说道：“宁先生，您您怎么不说一声，我也好派人送您回去啊？”温月苦笑道：“别废话了，快把灵药清单发过来。”宁晨直接挂断。几分钟后，温青兰发来失踪灵药的清单。 宁晨在手机上点开后，粗略扫了一眼，好家伙，三十多种灵药，事情闹得够大的。百年人参、黄金果、紫樱花，视线一行行扫过，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位名为“地狱叶”的药材上。百年人参、黄金果、紫樱花，这些地球上的罕见灵药，小南天界都有，唯独这个地狱叶，他竟然从未听说过。想到某种可能性，他向温青兰打听起来：“宁先生，这个地狱叶是滨海孙家斥巨资采购的药材。” 据说是从一个很深的矿井里找到的，质地是一种相当浓稠的乳白色浆液。温青兰查清楚后，给宁晨打来电话。矿井，浓稠乳液。宁晨精神一振，他脑中猛地闪过一味药材——地乳。正所谓天有天露，地有地乳。地乳是地下灵脉经过多年发酵、孕育出来的一种神奇乳液，同时它也是炼制补神丹的必备药材。虽然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地狱液就是地乳，但我总得试试。宁晨目光凝重，据温老头所说。 灵药劫匪在江南武协总部的追捕下，已经逃窜至他老家东阳县。难道这就是缘分？第八十七章，爸，要不我给你换辆库里南吧？经过大半天的跋涉，宁晨循着记忆来到东阳县某普通小区，敲响了四零六室的防盗大门。儿子回来了，母亲陈兰正在家里。开门后，略带沧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妈，宁晨也是一笑，老妈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微胖的脸颊，披肩的头发，腰间系着围裙，厨房飘来饭菜的香味。 小陈回来了呀！一个两鬓微白的老男人走出来，就要帮宁晨拎行李箱，手里还捧着一把瓜子在嗑着。不用了，爸，我自己来。宁晨轻轻一提，把行李箱拎进家门。好小子，小半年不见，力气见长啊！老爸宁昌茂拍了拍宁晨的肩膀，在学校怎么样？就那样呗，该上课上课，该吃饭吃饭。宁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目光在屋中环视一圈，颇有感触，然后扭头就和宁昌茂聊了起来。你们爷俩聊，我去做饭。 陈兰笑呵呵地走回厨房。过了一会儿，正在吃饭的时候，又一阵敲门声响起。“二姐，二姐夫，你们怎么来了？”陈兰开门一看，门外站在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妻，脸色当时就有点不自然。宁昌茂脸色也不太好。陈兰，昌茂，吃饭呢？一个躺着时髦卷发的中年妇女走进来，手里拎着两箱牛奶，脸上带着浓郁的笑意。这是宁晨的二姨妈陈雅，小陈回来了。又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手里还拎着两瓶好酒。 看见宁晨后，笑着打招呼：“他是宁晨的二姨夫宋伟，二姨妈、二姨夫，好久不见了。”宁晨起身打招呼：“吃了没？要不一起吃点？”哎呦，小陈真是越来越懂事了。宋伟面露笑意：“吃就算了，我们吃过了。”陈兰也是朝宁晨投去一个惊讶的眼神：“臭小子，读了个大学还懂事了不少。”见宋伟和陈雅把东西放到地上，陈兰赶紧拒绝：“哎呀，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家里都有的。”陈兰：“这可是好酒。”二姨妈陈雅带着一丝不悦。 说道：“一千块钱一瓶呢，给昌茂喝的。”二姐真不用这么好的酒，给我喝浪费了。”宁昌茂有点憨厚的说道，然后把泡好的两杯茶端过来，举手投足间透着一种人微言轻的自卑感。“没事，昌茂，就是路上顺手买的，你喝。”宋伟摆摆手，好像几千块钱对他们家来说一点不在意。那“那那就谢谢了。”宁昌茂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宁晨看在眼里，无奈的一叹：“在这个年代，你要是挣不着钱，不用别人嘲讽。” 你自己就会自卑。昌茂，不是二姐说你务农能挣几个钱，要不然你跟着阿伟干吧，大家都是亲戚，我们保你一年最少也能拿十万块钱，就是累了点。陈雅和宋伟捧着茶坐下来，便开始聊了起来。宋伟是包工头，要到处跑工程，往往两三个月不着家，人还晒得黝黑的。不了，不了，我现在挺好的，种点东西，一年也有块钱。宁昌茂摇着手拒绝。宁晨知道，老爸以前创业的时候，被合伙人连裤衩子都骗去了。 后来在人手底下打工，又吃了不少苦头，甚至是羞辱。所以这些年，他十分抗拒给人打工，宁愿被亲戚朋友们瞧不起。昌茂，现在块钱能干什么？我们一家过年去海南玩一趟都要三四万。宋伟也开始教训起宁昌茂来。再说，小陈考上了青州大学，以后肯定想留在青州吧？车子不谈，青州买房子首付最少要一百万，你和陈兰干多少年才能攒够一百万？你不为你自己想，也要为小陈想想啊！宋伟在说话的时候。 宁昌茂一直憋着火，但他不好发作，只好憨笑道：“小陈才读大一，不急不急的。青州买不起房子，以后回东阳也挺好的。”哎，妹夫哟，陈雅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道：“东阳巴掌大的地方有什么好的？能和青州比吗？青州可是一线城市，我们已经在青州给宋兵买好房子了。小陈成绩这么好，以后肯定是要留在青州发展，是不是啊，小陈？”宋兵是宁晨的堂哥，两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长大后就很少联系了。 陈兰听到二姐家已经在青州买了房子，眼中不由流露出一抹羡慕。她其实也很想让儿子留在青州，所以才想撮合儿子和闺蜜的女儿。可惜两家人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想到这里，陈兰不由得瞪了宁昌茂一眼。二姨妈，我其实无所谓的。这时，宁晨终于开口了，笑着说道：“青州也就那样吧。东阳地方虽小，但生活气息浓厚啊，还有很多认识的人，以后办事都方便。”小陈这话说的对，老爸宁昌茂赶紧搭腔：“年轻人不一定非要往大城市跑，多累啊！” 咱们就是小老百姓，过过平淡的日子也挺好的。陈雅听得暗暗摇头，没出息。哎，昌茂，我看你啊，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四十多岁的人了，连辆像样的车都没有。宋伟叹了口气，呵呵。宁昌茂心里感到很窝火。宋伟开大奔，他开二手捷达，两人确实没有可比性。逢年过节的时候，宋伟经常拿这个嘲讽他，他其实很不爽，但亲戚总归是亲戚，不好撕破脸皮。听到这里，宁晨便知道自己要出手帮老爸挽回面子了，于是。 他扭头问道：“爸，你那辆破捷达开了那么多年，也是时候该换一辆车了。再说吧，再说吧。”宁长茂没想到连儿子都开始针对他，心里越发不爽，索性起身准备出去遛弯。就在这时，宁晨忽然提议：“爸，要不换辆库里南吧？”噗<破>！宋伟正在喝茶，直接喷了一茶几。他是个车迷，听到库里南差点没忍住笑。小陈，你知道库里南是什么车吗？不懂别瞎说。陈雅也笑了，他这个外甥也太可爱了，八成从哪里听来这个车型。 当成是和捷达一个等级的车了吧？知道啊，劳斯莱斯吗？宁晨很自然的说道。第八十八章天降横财。劳斯莱斯？陈兰吓了一跳，赶紧瞪了宁晨一眼：“臭小子，还劳斯莱斯？咱把这房子卖了也买不起啊！”谁说要你们掏钱了？宁晨笑着说道：“我帮我爸买。”陈兰和宁昌茂各自赏了宁晨一个白眼。哈哈，小陈，我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还没坐过劳斯莱斯呢。到时候买过来，记得通知我一声，我过来看。宋伟也开起了玩笑。 宁晨接着道：“不用，过年的时候我让我爸开过去给二姨夫、二姨妈拜年。”呵呵呵呵呵，宋伟简直无语了，这父子俩简直一个德行，实力没有，嘴皮子一张。好了，陈兰，我们还有点事，就不多做了。陈雅看时间差不多了，于是起身。陈兰一家笑着把他们送出去。回来的时候，夫妻俩看见宁晨坐在沙发上，正在打电话：“喂，温老头，你帮我问问青州现在有库里南的现车吗？帮我搞一台，我发地址给你。” 你明天让人开一台过来，不是我开，给我爸买的。陈兰听到一半，扭过头：“你儿子什么时候疯的？”宁昌茂用手挤了几经明穴，宁成菊花的表情里满是对生活的无奈。夫妻俩没把宁晨的话放在心上，连一丝丝期待都没有的那种。一个普通的大学生，生活费还得靠家里给呢，别说库里南，买条牛仔裤都困难。一夜无语。第二天一早起来，陈兰下楼买菜，忽然发现自家楼下熙熙攘攘，围了一堆人。满芳，怎么回事？ 陈兰随便拉了个邻居问道：“豪车呀，陈兰，你快去看看，不然一会儿开走了。”穿着花棉袄的中年妇女脸上满是兴奋，她指着人群中那台深橄榄色的豪车，旁边还有两个保镖一样的黑西装男子守在那里，不允许他们靠近拍照。但有一个中年妇女直接不顾劝阻，扑到车头前，照着自己和双二车标就来了一张自拍。不好意思，女士，这是私人座驾，不允许拍照。保镖赶紧把她拉开。哼，就拍一张，还能给你拍坏了呀？得逞的大妈。 骂骂咧咧的走了。陈兰，你经常在外面做生意，这是什么车啊？一旁邻居牛满芳问道。这这是陈兰有点傻眼，他以前做过婚庆，哪能不认识这个双二车标呢？联想到儿子昨晚说的话，他心中一惊，然后又摇摇头，怎么可能呢？就在这时，宁晨接到温月的电话，便把宁昌茂从房间里拉了出来。干什么啊？这大清早的。宁昌茂还打着哈欠。啊，昨晚说好了给你买车，诺，这就是。 宁晨指着停在自家商品房下面的劳斯莱斯，是你个头饰！是宁昌茂直接扇了宁晨脑袋一下。大清早不睡觉，拉老子下来开涮是吧？你二姨夫说我也就算了，你小子也敢说我？正骂着呢，劳斯莱斯车门打开，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清俏女孩从车里下来。宁先生，清俏女孩来到宁晨身后，你怎么来了？宁晨转过身，发现是温青兰。爷爷比较忙，就派我来了，希望宁先生不要责怪。温青兰含笑道。 青州目前没有库里南的现车，所以爷爷就让我把家里的车拿出来，先送给宁先生，以后再换过来。嗯，辛苦你跑一趟了。宁晨点点头，从温青兰手里接过车钥匙，然后塞进一脸蒙圈的宁昌茂手里。小陈，这位是……陈兰快步走过来，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儿子怎么会认识这么漂亮的姑娘，而且还是从劳斯莱斯里走下来的？阿姨、叔叔，你们好，我姓温，我叫温青兰。温青兰很有礼貌，自我介绍了一番后，递过去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叔叔阿姨，如果对这台车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找我。什么意思？陈兰还没明白过来，宁昌茂却是咽了口唾沫，然后努力甩甩头，一把揪住宁晨的耳朵，骂道：“小兔崽子，还敢演戏！说这车哪儿租的？还有这个姑娘是你同学吧？”哎，爸，你误会了，这车真是给你买的。宁晨哭笑不得，叔叔，你快放手！温青兰赶紧上去劝架，说道：“这车不是租的，真的是宁先生买来孝敬你的，我可以对天发誓。” 劝了好一会儿，温青兰表示可以随时办理车辆过户，宁昌茂这才勉强信了。老天爷啊！宁昌茂望着面前的库里南，站都有点站不稳了。陈兰却着急地问道：“小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儿子现在在外面混得很好，赚大钱了，就这么简单？”宁晨解释道：“赚大钱。”陈兰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和全天下的母亲都一样，觉得儿子的钱来路不正。你老实讲，你是不是在搞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又经过一番解释。 宁晨告诉爹妈，自己卖给温家一张古药方，帮他们赚了很多钱。至于这张古药方，是他某天逛古董市场的时候无意捡漏的。对于这个说法，夫妻俩显然不太信，但宁晨一口咬定就是这样。再加上温青兰的帮忙，夫妻俩就不得不信了。小陈，你那张药方到底卖了多少钱？客厅沙发上，宁昌茂试探性的问道。陈兰则是给温青兰端来一杯茶，目光不停的在她身上打量着。谢谢阿姨。温青兰知道这是宁晨的母亲，不敢怠慢，起身迎接。 几千万吧，宁晨随口说道。几千万，夫妻俩吓得头晕眼花，要不然怎么买得起八百万的车呢？宁晨笑了笑。对了，妈，你等会儿去买菜，顺便查查你工行的那张卡，我往里面打了一千万。你和我爸想买什么就买，花光了再找我拿。夫妻俩大脑直接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这笔天降横财砸得他们不知所措，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第八十九章临时搜查。嗨嗨，这是温青兰出生了，宁先生。 叔叔阿姨，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回青州了。说着，他慢慢抬起身子。陈兰果然叫住了他：“姑娘，留下来吃个午饭吧，我现在就去买菜。”啊，阿姨，这不太好吧？温青兰推辞道：“确实不好。”宁晨看出了温家的那点小心思，直言道：“妈，青兰可是集团大小姐，又要读书，又要打理公司，忙着呢。”这样啊。陈兰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看得出来，她还挺喜欢温青兰的。是啊，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温青兰听出了宁晨语气中的送客意思，便也不多留，客套几句就下楼了。大小姐，两个保镖上前来。走吧。温青兰无力的一叹：“爷爷一心想撮合我们，但宁先生貌似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啊。”随后，陈兰出去买菜，一路上都是晕晕乎乎的，还差点让电瓶车撞到。儿子挣钱了，而且一挣就是好几千万。随后的几天，在宁晨不屑的解释下，陈兰和宁昌茂夫妻二人终于相信他是捡漏了一张失传已久的古药方，和温家进行了商业合作。 除了一次性支付的几千万，每年还有数百万的分红，他们一家人下半辈子不用愁了。当然，这是忽悠爹娘的。龙胆生精丸的年分红是以亿为单位，真是祖坟冒了青烟，这简直比中了彩票还走运啊！夫妻俩热泪盈眶，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辞职享福，而是继续小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一个梦，醒了就没了。宁晨没过几天安生日子，一个高中同学打来电话，喊他出去玩，唐瑶，高中死党之一。 两人初中就认识了，在网吧无数个日日夜夜一起打魔兽 F，打 DNF，建立了友谊。可惜后来唐瑶没考上青州的大学，转而去了金陵，两人联系渐渐少了。喂，晨儿，明天万达有个同学聚会，一起出来玩啊？唐瑶在电话里大大咧咧地喊道。明天我可能有点事。宁晨委婉地想拒绝。有什么事儿，比老同学联络感情还重要？唐瑶不悦地道。偷偷告诉你，顾西瑶也去哦。顾西瑶，宁晨先是一愣。 然后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一张明媚动人的绝美脸蛋，他差点忘记这个女孩了。东阳一中的校花，曾经的暗恋对象，他还写过情书表白，可惜被无情拒绝了。想起两千年前自己做过的那些傻事，宁晨不由得笑了。对了，晨儿，顾西瑶不也是清大的吗？你俩就没联系过？唐瑶又问。不清楚，要不是唐瑶提醒，宁晨根本想不起来这个女孩。哦，我想起来了，顾校花是人文学院的，你是医学院的。唉，可惜啊。唐瑶颇为感慨。 然后又说：“晨儿，你要是不去，钱家乐那个兔崽子肯定又要缠着顾校花不放了。你忍心？”钱家乐是他们班里的一个高富丑，家中在东阳县很有势力。从初三追顾西瑶，追到高三，和宁晨、唐瑶这种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不对付，相互看不顺眼。这些名字都埋在记忆很深处了。宁晨想起来也只是笑笑作罢。阿瑶、哎，我明天真的有事，就不去了。下回咱俩单独约一顿。宁晨再次拒绝，又扯了几句，才挂断电话。嘿，这小子！ 拉他一起打 L O L 都不来，高中明明影比我还大。唐瑶悻悻挂断，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高中死党，如今已经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了。经过几天的考虑，宁晨打算动用灵石搜查那批灵药的下落。虽然会消耗体内不多的灵力，但如果能找到地主，距离炼制补神丹、修复元神就又近了一步。赌一把吧！宁晨赤脚盘坐在床上，双目闭合。下一秒，尘封小半年的灵石如奔涌的海水，朝着四面八方弥漫过去。刹那间。 整座枫溪苑小区便被浸泡在内，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宁晨生活的青浦镇的每一条街道、商铺，每一栋高楼大厦，每一处荒地野郊都被临时渗透，甚至深藏地下的私人地窖和防空洞都不能幸免。at，轰！很快，庞杂的信息铺天盖地涌来，填塞宁晨的脑海。宁晨元神受损了，微微一皱眉。但好在东阳县只是个小地方，负担并不重。他深吸一口气，开始缓缓推进，慢慢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 他看见隔壁的爸妈坐在床头聊天，看见邻居家的婶婶正在打骂孩子，看见几公里外的唐瑶正在打英雄联盟，看见高富丑钱家乐问老爸借车开，看见曾经欺负过他的高中校霸，看见高中女神顾西瑶在一栋私人别墅里喝茶，还有许许多多的亲戚、同学、朋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映入眼帘，但他都没有在意。他拉高灵石，深入夜空，如一位神灵俯瞰大地。在他的视野里，四十多万东阳县人化为一粒粒火种，在夜幕中摇曳排列，这是生命之火。 年轻人的生活之火很旺盛，老人和小孩很微弱，但有一种人的生命之火异常炽烈，熊熊燃烧，一眼就能看见，那就是舞者，气血充沛，阳火旺盛。东阳县居然有这么多舞者！宁晨望着那数十团炽烈的生命之火，愣了一下。东阳县毫无疑问是小地方，连购物商城和电影院都没有几家，但这种犄角旮旯的小地方居然有六十多个舞者，其中甚至不乏宗师的存在。难道这些舞者和我一样，也是来寻找灵药的？ 宁晨，心中有了猜测。整个后半夜，他都在监视这些舞者，尤其是内境舞者和宗师。终于，第二天傍晚，某个住在酒店里的刀疤脸舞者打的一通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哼，百年人参算什么？我手里的药材资源多得你无法想象。这样吧，三亿，三亿，我就卖你一株百年人参。明天，逢记酒楼，好，不见不散。刀疤脸舞者挂断电话，脸上露出一抹阴狠的笑容。殊不知，他已经被死神盯上了。 而且，死神根据手机发射出去的无线电波，顺藤摸瓜追查到了和刀疤脸舞者通话的人，正是在东阳县境内一栋豪华私人别墅里面。怎么是他？宁晨暗暗皱眉。第九十章高中女神顾西瑶。当他收回大部分零食，睁开眼睛的时候，两张好奇的面孔正打量着他。a 特，啊，爸妈，你们干嘛？宁晨愣了一下。小陈，你，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没事吧？别吓我们啊！陈兰担心地道。 他生怕自己儿子接触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放心，没事。宁昌茂笑着直起腰，估计是小说看多了，打坐练功呢。呵呵，宁晨很配合的讪笑两声。他没在家里吃晚饭，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出门了，直奔冯记酒楼。冯记酒楼是青浦镇比较有排面的一家饭店。刀疤脸舞者此刻订了一间包厢，正在里面大吃大喝。身为内劲舞者，他食量很大，看的服务员们目瞪口呆。但让宁晨没想到的是，唐瑶、钱家乐等高中同学聚会的地方也在冯记酒楼。 宁晨和唐瑶在门口撞了个满怀，双方都有点懵逼。靠，你不是说你有事吗？唐瑶看着宁晨，一拳捶在他胸口上。我这呵呵，事情处理完了呗。宁晨有点尴尬的笑了笑，他刚才注意力全放在刀疤脸舞者身上，还真没看到这帮同学。你小子，我还不知道你，你就是放心不下顾校花。唐瑶给了宁晨一个鄙视的眼神，然后转身吆喝道：“哥几个，看看谁来了。哟，这不宁晨吗？不会是特地来见顾校花的吧？哈哈。” 宁晨在高中班里人缘还不错，很多同学愿意和他打招呼，但有几个人却看不惯他。哟，宁晨，大中午的来蹭饭了？一个脸上坑坑洼洼的男生甩着奔驰车钥匙走上前来，他就是钱嘉乐，宁晨在高中的死敌之一。两人成为敌人的起因是一场考试，钱嘉乐家里很有钱，打小就无心学习，一场考试中让宁晨帮忙作弊，遭到后者拒绝后，他便从此记恨上了宁晨，甚至还找人在寝室堵过他。 宁晨的目光从钱嘉乐身上扫过，并未理会，而是直接望向了一道高挑窈窕的倩影——顾西瑶。高中时期暗恋的女神，许久不见，她比高中时更漂亮了。鹅蛋脸明媚动人，笑容更是灿烂好看，在寒冷的冬日宛如一束阳光照入心扉。身上一件米色针织上衣，再搭配黑色长筒靴，衬托着她那姣好的身材，引得男同学们和路过的土大款频频,频侧目。顾西瑶俏脸泛出红霞，她自己也感觉有点难为情，早知道会招惹这么多的目光。 他今天就不这样穿了。唯一感到意外的是，宁晨并没有偷看他，那双眼睛清澈无比，在不远处注视着他，这让顾夕瑶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并投去一个友好的眼神。这一幕被钱嘉乐看在眼里，十分不爽。喂，宁晨，我特么和你说话呢，你聋了？钱嘉乐上去想推宁晨，可宁晨捉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拧，就疼得他嗷嗷直叫。放，放手！啊，你要死了呀！钱嘉乐赶紧把手抽了回来，满脸惊恐的看着宁晨。 才一年不见，这小子力气怎么变得这么大？宁晨仍旧没理他，他看着顾西瑶，嘴唇动了动，目光带着犹豫。几个女生见状，偷笑着和顾西瑶开玩笑：“西瑶，快看，宁晨又想跟你表白了。”“别瞎说！”顾西瑶没好气的瞪了他们一眼，然后看着宁晨的目光有些无奈。以他的身份，注定是没办法和普通男生谈恋爱的。开饭了，大家别站在这里了，进去吧。这时，唐瑶招呼起来，这帮老同学才有说有笑的往二楼走去。可以啊，晨儿。 读了一年大学，敢对钱家乐动手了，不怕他找王庆搞你？唐瑶走过来，和宁晨勾肩搭背。他口中的王庆是他们班的一个混子，高三辍学，听说现在在酒吧给人看场子。钱家乐当初就是找王庆在寝室欺负了宁晨一顿。王庆，宁晨笑而不语。他连青州的地下帮派都收服了一个，还在乎区区一个县城的小混子？身后不远处，钱家乐揉着手腕，没有进去，他在等一个人。不多时，一个身高马大、嘴里叼着烟的男生走进酒楼大门。 钱嘉乐看见了，马上迎上去。阿庆，你可算来了呀！钱嘉乐上去捶了男生胸口一拳。钱哥，怎么回事？听说宁晨那小子读了个大学，现在很拽啊，还敢对你动手？王庆皮肤较黑，但十分壮实，脖子上全是纹身。等会儿帮我搞他。钱嘉乐拍了拍王庆肩膀，晚上请你去英伦国际潇洒一下。好说。王庆嬉皮笑脸，在他看来，宁晨就是一个老实敦厚的学生，以前能欺负他，现在照样能。不一会儿，两人来到包厢。 砰的一声，王庆一脚把门踹开，笑嘻嘻的进来了。包厢内顿时烟雾缭绕，几个闻不了烟味的女生都是皱了皱眉。王庆随便挑了个位置，大大咧咧的坐下来，一边抽烟一边对着顾西瑶说道：“哟，顾校花越来越漂亮了，交男朋友了吗？”顾西瑶很讨厌抽烟的男生，凭着没回答，没有。不科学啊，你这么漂亮，不应该没人追。王庆随手把旁边一个男生的茶杯拿过来当烟灰缸，后者也是敢怒不敢言。他继续嬉皮笑脸。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啊？不知为何，顾西瑶在这一刻鬼使神差地望了宁晨一眼。王庆知道宁晨喜欢顾西瑶，所以故意这么说刺激他。唐瑶和钱家乐等同学也都看向宁晨，把烟掐了。突然，宁晨淡淡出声：“啊！”王庆先是一愣，然后不可思议地问宁晨：“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让你把烟掐了。”宁晨说道。包厢内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毕业后进入大城市求学的宁晨，胆子也变大了。 当年的他可不敢和王庆这种混混犟嘴。第九十一章：十五分钟内让钱家破产。晨儿，唐瑶扯了扯宁晨的袖子，示意他别招惹王庆这种混子。这小子死定了！嘿嘿，钱家乐笑着看起戏来。宁晨，顾西瑶也没想到宁晨肯为他出面。哈哈哈哈！宁晨，一年不见，变得这样牛逼喽？你是不是以为去大城市读了个大学就是大城市人了？王庆一点也没有掐烟的意思，反而放声大笑，让我掐烟。 你小子是不是忘了一年前在寝室的那一巴掌？宁晨没再说什么，直接起身走过去。包厢内二十多个同学都是一惊，看这架势是要动手。晨儿，别冲动！唐瑶赶紧去拦宁晨。唐瑶，你别拦！钱家乐满脸戏谑，借他仨胆，他敢动手吗？钱家乐，你别唯恐天下不乱！顾西瑶骂道。哟，还真厉害了！来来来，往这儿来！王清一点起来的意思都没有，指着自己的脸。来想宁晨走过来，直接攥住他的后衣领。 单臂一提，竟然把他一个大活人从座位上给提了起来！我操<走>！所有同学都看傻了。单臂提起一个人，这需要多大的力气？宁晨这是吃了大力丸？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放我下来！王庆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但为时已晚。宁晨拎着他走到窗边，拉开窗户，直接把他从二楼扔了下去。啊！包厢内一片尖叫，大家大眼瞪小眼，互相望着宁晨。等过了数秒，他们才冲到窗边去查看王庆的情况。只见王庆摔在一辆宝马七系的车顶上。 车顶凹陷了下去，风挡玻璃都碎了不少。他又从车上滚下来，疼得嗷嗷惨叫，凝成了一朵菊花。酒店保安冲过来，一脸惊恐地朝二楼望去。我操，我的车啊！钱嘉乐突然发出惨叫，瞪着宁晨说：“你，你赔我的车！你要赔我的车！你也想下去是吧？”宁晨看着他，咕噜。钱嘉乐咽了口唾沫，畏畏缩缩地道：“车，车是我爸的，你肯定要赔。你爸的。”有女生问：“钱嘉乐，你不是说这是你爸给你买的吗？” 哪有大学生买宝马七系？神经病啊！早就知道你是把家里的车开出来装逼。唐瑶冷哼，因为王庆受伤不重，所以大家紧张的心理都松懈了下来。这货人缘太差，没有一个同学下去看他，连钱家乐都只关心车。让我赔？你确定？宁晨已经坐回了座位，看着钱家乐，似笑非笑地说道：“你不赔怎么办？王庆是你扔下去，你不光要赔我车，还要赔王庆的医药费。”钱家乐觉得宁晨死定了，冷冷地道：“总之这饭你也别吃了。” 赶紧回去，让你爸妈准备好三十万吧。好啊，宁晨微微一笑，推门而去。一年不见，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冲动了、啊？还有他的力气。顾西瑶打量着宁晨，美眸充斥着怀疑，这还是他那个高中同学吗？没一会儿，电话打通，老大，我练成了，我练成飞灵断骨拳第一重了。叶孤楼兴奋的声音传来，这门拳法果然神妙，我感觉我的实力提升了好多啊。哈哈，宁晨有些无语，是我打给你，还是你打给我？ 叶孤楼赶紧按下激动之情，老大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跟上次一样，有个叫钱家乐的东阳县人，他爸应该是开建筑公司的，其他的不用我多说了吧。宁晨说道：“懂得，懂得，不就是把他搞得倾家荡产吗？”叶孤楼毫不在乎。东阳县钱家乐家里开建筑公司的是吧？我会让他知道招惹我老大会是什么样一个下场。嗯，忙去吧。宁晨随手挂断电话。以叶孤楼的身份地位，搞垮一个县城里的富二代。 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打个电话就行了。而这一次，宁晨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叶家的厉害。他把王庆从二楼扔下去，没过多久，便有几个执法人员赶来了解情况。刚开始，他们表示要把宁晨带走询问，但接了一个电话后，事情便不了了之。宁晨甚至连钱都没赔。中后，他重回包厢，钱家乐正满头大汗的接着父亲的电话，一股股吼骂声从话筒里传出来：“混账东西，你怎么会得罪叶家的人？通商银行刚刚打来电话，最近这笔贷款批不下来了。” 还让我们提前偿还债务，否则就要申请法院冻结我们公司的账户。狗东西，你在什么地方？马上把车开回来！老子今天不打断你狗腿，以后就是你儿子！钱家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脸懵逼的坐在位置上挨训。家里有点事，先先走了。钱家乐匆匆起身，脸色难看的要死。恰逢宁晨开门进来，问道：“这么慌慌张张，出什么事了？”钱家乐瞪着他，宁晨，我现在有点急事，回头再找你陪车。宁晨笑道：“你回去也于事无补。” 反正你们家肯定要破产，哼，你家想破产还破不了呢。钱嘉乐丢下一句话，黑着脸就走了。晨儿，什么情况？唐瑶凑过来问我，听说钱嘉乐家里挺有钱的，怎么还要破产了呢？可能是资金链出了问题吧。宁晨耸耸肩，便招呼服务员上菜。吃饭期间，顾西瑶不止一次偷看宁晨，似乎留意到了什么细节。宁晨出去了一趟，钱家就要破产了，这其中有因果关系吗？怎么可能呢？顾西瑶摇摇,摇,摇头，就算是我们顾家。 也不可能在中之内就让钱家面临破产危机，不可能的。心里虽然不断否定，但他越来越觉得宁晨不对劲。光是把一个一百六七十斤的男人单臂提起来，就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难道他是武者？顾西瑶心头蹦出来一个念头。作为县城名列前茅的豪门，顾西瑶已然能接触到一点修炼界的事情。不过顾家很低调，连她这个大小姐出门都不带保镖，就像普通女孩一样。第九十二章百年人参。由于讨厌的人都走了，这顿饭吃的还算愉快。 随后，一群精力充沛的学生又商量着去唱歌。顾西瑶却表示他还有点事，不能去了。众男生直呼失望。过了一会儿，一个刀疤脸男子从九楼三楼走下来，四处张望，眉宇间带着戾气。顾西瑶鼓起勇气上前问道：“你好，你是演员吗？”演员是刀疤脸男子在鼓舞论坛上注册的网名。他昨晚按捺不住寂寞，在论坛上和人炫耀，称自己有百年人参。没想到一个小姑娘主动联系他，称愿意花三亿买他手里的人参。 两人聊了聊，发现他们都在东阳县，于是便约了晚上七点半在冯记酒楼碰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是你，刀疤脸男子指着顾西瑶，眼底的炽热一闪而逝，然后咧嘴轻笑：“小姑娘，你真的有三亿？该不会是在骗我吧？”顾西瑶微微低头：“我确实没钱。”刀疤脸男子脸色一拉：“你耍我？不，我没钱，不代表我家里没钱。”顾西瑶扬起清美小脸，急切地说道：“我奶奶病危，只要你拿着人参跟我回去，爸爸他一定会花钱买下来的。” 刀疤脸男子心中升起一丝警惕。那你爸怎么不来？顾西瑶一对水眸泛起泪光。我爸他他不相信我能找到百年人参，我是自己偷偷联系你的。原来如此，刀疤脸男子恍然点头。考虑了一会儿后，他伸手拍了拍顾西瑶肩膀，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行，我跟你走。谢谢谢。顾西瑶娇躯轻轻一颤，闪躲开来。他感觉这个刀疤脸男子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怎么去你家？刀疤脸男子笑着收回手，将眼底的一抹凶光藏起。 我开车来的，带你去。顾西瑶把刀疤脸男子带到地下车库，走在前面的时候，他心中忐忑不安，总感觉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盯着他。上车后，他刚系好安全带，往后视镜里一瞥，刀疤脸男子果然不怀好意地在偷瞄他，嘴角勾着淡淡的邪笑。双手握住方向盘，顾西瑶突然有点害怕，也有点后悔。就在这时，有人敲响车窗，顾西瑶吓了一跳，扭头看去，却发现是他的同学宁晨。他赶紧放下车窗，惊喜地道：“宁晨。” 你不是去唱歌了吗？怎么在这儿啊？宁晨指了指自己喉咙，我嗓子有点不舒服，想回家了。你能捎我一程吗？顾西瑶愣了一下，他家住在云雾山，和宁晨家顺路吗？那你上车吧。顾西瑶没多想，就让宁晨坐上来了。除了帮同学的忙，他觉得刀疤脸男子看他的眼神很不对劲。车上坐着一个男生，至少还能有点安全感。谢了。宁晨拉开车门，直接坐到副驾驶上，还四下打量一圈。特斯拉豪车呀、啊！顾西瑶摆,摆摆手，得了吧。 特斯拉算什么豪车，代步罢了。呃，这位是宁晨，看见了后座上的刀疤脸男子，顾西瑶赶忙解释：“这是我一个叔叔，去我家有点事。”宁晨赶忙笑着喊了一声：“叔叔你好，我是顾西瑶的高中同学，我叫宁晨。”嗯，你好。刀疤脸男子好像有点不高兴，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普通学生一个，算你倒霉。车子上路，宁晨和顾西瑶有说有笑，聊了不少高中的事。半小时后，顾西瑶表情变得些古怪，宁晨。 你家还没到吗？这都快到凤凰南路了，再往前就是我家了。宁晨望了望窗外，一拍脑袋，刚才光顾着和你聊天，忘记我要下车了。顾西瑶先生啊，了一声，然后呃呃呃的笑了。回家都能忘，你也太逗了吧！宁晨装傻挠头，其实他就是打算跟着八脸男去顾家。那要不去我家坐会儿，晚点我让人送你回去。顾西瑶侧,侧脸一笑，不知为何，他觉得和宁晨聊天很愉快。好，宁晨点点头。又过了十分钟。 车子驶过凤凰南路，来到青浦当地很有名的云雾山风景区。顾家的豪宅就位于云雾山的山脚下，占地足有万平。顾西瑶本以为宁晨会张大嘴巴，露出十分震惊的表情，但后者并没有，反倒是刀疤脸男子嘴角却是掀起一抹淡淡的狞笑，让他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不一会儿，车子在豪宅大门前停下。顾西瑶把车钥匙扔给保安，然后把宁晨和刀疤脸男子带进了一高的豪华别墅。一楼客厅内有两个旋转楼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正好走下来。 看见顾西瑶带人回来，气得训斥道：“西瑶，你胡闹！修炼界的事情是你能参与的吗？爸爸花了那么多钱，都买不到一株百年人参。”顾西瑶赶紧迎上去，翘眸带着担忧：“爸，我真的把人带来了，不信您自己去问。”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刀疤脸男子，然后又指着宁晨说：“这个是我同学，来玩的。”顾宏凯彻底无语，都什么时候了，还邀请同学来玩？不过他没有不给女儿面子，马上把宁晨轰走，而是走到那个刀疤脸男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道。 就是你联系我女儿，说你手里有百年人参。纠正一下，不是我联系你女儿，是你女儿主动联系的我。刀疤脸男子冷冽一笑，直接越过顾宏凯，一屁股坐在他们家昂贵的沙发上。顾宏凯微微蹙眉，但没有发作。东西呢？只要你拿得出来，我们就买。给你。刀疤脸男子从怀里摸出一个塑料袋，随手扔给顾宏凯。顾宏凯伸手接过，拆开，里面确实是一株人参。不过他不会鉴别药材年份，只好让刀疤脸男子稍等片刻，自己去找懂行的。 仆人端上茶点，宁晨也沾了光。闲着无聊，他就问顾西瑶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需要用到百年人参？要知道，真正足年份的百年人参可是超脱世俗之外的灵药，世俗罕见。当初林骄阳花了八百万买来，在寿宴上送给温老头的那株人参，便号称百年人参。但宁晨后来鉴定过，狗屁的百年人参撑死六十年。真正的百年份野人参十分罕见，价值最少也在三个亿以上。第九十三章八面圆原野。 是我奶奶，顾西瑶表情悲伤，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原来是顾西瑶九十高龄的奶奶快不行了，家中请遍名医，只有一个老中医有把握为顾奶奶延寿，不过前提是要先找到一株足年份的百年人参。顾鸿凯动用了所有关系，前前后后花了几百万，连百年人参上面的一根须子都买不到。at 这种级别的药材早就被南方的一道巨头们垄断了。宁晨本想劝顾西瑶生死有命，想开点，但话到了嘴边却变成放心，奶奶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顾西瑶已经哭红了眼，轻轻点头。不知道为什么，看见顾西瑶哭，他心里也不好受。自己活了两千年，见惯生离死别，心境应该相当坚韧了才对。难道是因为他？宁晨凝视着在面前落泪的美人，不得不承认，顾西瑶的眉眼和他师父瑶光上人有一丝相似，性格也有点像，都是看似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冷，实则内心温柔、善良又单纯。而且，顾西瑶名字里也有一个“瑶”，所以自己才会对她有莫名的好感。 想起师傅，宁晨内心暗暗触动，思绪也回到了一年前那个奇妙的夜晚。就在这时，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好汉，刚才多有冒犯，请多担待，请多担待啊！是顾洪凯。他回到一楼客厅，隔着老远就对刀疤脸男子抱拳行礼，脸上写满了愧疚和激动。身后还跟着一个拄拐杖的老者，由数个家丁搀扶着。哟，想不到你们这儿还有识货的。刀疤脸男子起身，上下扫了一眼那位拄拐杖的老者，怎么称呼？ 老夫楚连海，拄拐杖的老者先是自报来历，然后眼神警惕地问道：“敢问好汉是在哪里找到的这株百年人参？”刀疤脸男子冷冷一哼：“这个你也要管？”楚连海继续说道：“据老夫所知，一个月前，金陵兰家在岭南某个拍卖会上以四亿八千万拍下一株百年人参，但在运送途中遭贼人劫掠。”顾家妇女听得面面相觑，刀疤脸男子脸色阴沉了下来：“老头，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株人参是我亲手在湘南采的，湘南。” 楚连海想了想，哑然一笑：“那应该是我多想了。不过好汉手里这株确实是百年人参无疑。老夫有一方剂，可将百年人参的药力发挥出来三成，最少也能为顾老太延寿三年。”楚连海伸出三根手指，傲然一笑：“才三年。”顾西瑶被齿咬薄唇：“三年已经不错了，奶奶毕竟久。”顾宏凯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可是我舍不得奶奶。”顾西瑶抱住父亲，轻声抽泣了起来。哎，顾宏凯摸了摸女儿的脑袋，然后对刀疤脸男子道。 好汉，开个价吧！这人参我们顾家要了。刀疤脸男子笑眯眯的弹出三根手指，三亿。顾洪凯有些惊喜的问道：“后面再加一个零。”刀疤脸男子补充：“三三十亿。”顾洪凯懵了：“咱咱们明明说好的三亿，你,你怎么能坐地起价呢？”顾西瑶要急哭了：“三十亿，几乎相当于他们顾家所有的资产，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东西是老子，老子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刀疤脸男子冷冷一笑。 眼神变得凶狠，听好喽，小妞儿，除了三十，一我还要你当我的女人，你找死！顾洪凯大怒，指着他斥喝：“你说什么呢？”可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清脆的骨折声，响彻一楼大厅。顾洪凯的手指竟被冲至面前的刀疤脸男子一把抓住，生生折断。啊！顾洪凯疼得跪倒在地，不住的惨叫，脑门瞬间细汗密布。啊！爸！顾西瑶吓坏了，他没想到这个人会突然动手。 他到底想干什么？小顾楚连海也是大吃一惊，赶紧对几个家丁说道：“快，快上去帮忙！”不用他说，四个家丁已经冲了上去。说是家丁，其实这四个人是顾鸿凯高薪雇佣的保镖，每一个都是武者。四个外境，哈哈哈！四个外境也敢在我原野面前嚣张？刀疤脸男子发出狂笑，整个人往前猛冲。他也不抡拳出腿，只是双臂展开，这么一撞，砰！四个武者保镖如同被火车撞上，吐出大口的鲜血，倒飞出去。 咚咚咚咚四声，全部砸穿了厚厚的墙壁，不省人事。顾西瑶看傻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杨叔、李叔、曹叔、赵叔怎怎么可能？他不敢相信。杨准、李坤、曹磊、赵全这四人可是父亲从武协雇佣来的武者啊，每人每年拿上百万的工资，一下子就给打趴下了。这时，那个老中医楚连海猛地反应了过来，指着刀疤脸男子说道：“原野，你你是八面猿原,原野武传志的徒弟？不错。” 我就是黑武林的原野，原野满脸狰狞，表情一动，脸上的刀疤如蜈蚣扭曲，看起来十分恐怖。他弯腰把百年人参从地上捡起来，轻轻拍去灰尘，收入怀里。这百年人参可是师傅分给我的宝贝，怎么可能卖？你们这些世俗的蠢猪，还真是够天真的！哈哈哈！哈。顾宏凯跪在地上，心如深渊。他没听过八面猿，但听过武传志这个名字，据说是黑武林的一位宗师级人物，连武邪追捕他多年都无果。 这个原也是宗师之徒，实力想必有内境的层次，不然也不可能一招就秒掉杨准四个外境内境武者。完了，彻底完了呀！顾鸿凯连逃跑的心思都没有了，他望向顾西瑶，女儿，爸爸对不起你。不，爸，是我的错。顾西瑶已经哭成了泪人，内心自责万分。如果不是他擅作主张在鼓舞论坛上求药，也不可能引狼入室。而且除了自家人，连同学也被他连累了，他真是该死。第九十四章搜魂术，宁晨。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顾西瑶扭头望了宁晨一眼，眼中充满自责。黑武林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怎么可能放过宁晨这个目击者？果然，原野循着顾西瑶的视线，笑嘻嘻的看向宁晨：“小鬼，你我之间本无仇，可是你命不好，算了，不说了，送你下去吧，早死早投胎。”在原野眼里，宁晨就是一个可怜的路人，玩游戏时顺手补掉的小兵。别恨我！原野一闪而来，大手携狂风掐向宁晨脖子。宁晨。 顾西瑶哭得梨花带雨，右手紧捂花唇。顾洪凯和楚连海两个长辈也知道宁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而且接下来就是他们。但下一秒，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宁晨闪电般出手，抓住原野的左手腕。顾西瑶捂住脸，不敢去看。顾洪凯也是撤开目光，不忍再看。啊！原野的惨叫声却传了过来，让三人感到震惊和错愕。定睛看去，原野的左手腕已经废了。宁晨面容冷漠，像看弱智一样看着他。 区区内劲也敢在我面前动手，谁给你的胆量？你，你不是普通学生。原野往后退去，左手腕被生生废掉，疼得他满头大汗，但他一声不吭。你错了，我是学生。宁晨面无表情，不过谁告诉你学生就一定好欺负？走！原野没有任何犹豫，转头就跑。一招废掉他的左手，这个小孩的实力绝对在内劲大成以上。但几乎就在他产生逃跑念头的刹那，宁晨身影掠至，一腿扫来，原野整个人失去重心。 一头撞进堆满上等木柴的壁炉之中，这一次原野再也忍不住了，扯着嗓子惨叫起来：“啊，疼，疼死我了！”有佣人听到声音赶过来，被顾鸿凯喝退。顾西瑶一脸懵逼地看着宁晨，久久反应不过来：“你是谁？你究竟是谁？”原野一边惨嚎，一边惊恐万状地瞪着宁晨：“你别管我是谁！”宁晨走过来，与泰森寒和之前简直是两个人。我问，你答，敢不说或者扯谎，我就打爆你的狗头，懂？懂？ 懂懂懂，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原野看出宁晨没开玩笑，赶紧点头。南方世家在岭南采购了一批药材，现在失踪了，是不是你和你那个师傅干的？宁晨问道。是，是我师傅武传志。原野咬牙承认了。很好，那批药材里面有没有一种叫地狱叶的东西？宁晨又问。地狱叶？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师傅只赐我一株百年人参，其他的看都没让我看。原野怕宁晨不相信，拼命摇头。 那你师傅现在在什么地方？宁晨再问。这，原野犹豫了一刹，继续摇头。我也不知道，我和师傅在鹰潭分别，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啊！地狱夜的那个问题，你确实不知道，但你师傅，你却知道他人在何处？宁晨面色平静，想骗我，你可还嫩了点，少侠，我真的不知道啊！师傅劫走药材，已是犯了死罪，怎么会告诉我他在哪里？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啊！原野还不肯松口，惨叫声。 听得顾西瑶头皮发麻，他怔怔的看着宁晨，这还是他那个高中同学吗？去青州的这半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死也不会告诉你师傅的藏身之地。原野还是个硬汉，无论宁晨怎么折磨，他就是不说。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办法了？宁晨收回脚，语气平静，杀了我吧。原野绝望的闭上双眼，我会杀了你，但不是现在。宁晨右手一伸。 一丝丝物流般的青色气劲从他体内涌出，朝原野天灵盖涌去。那是什么？顾洪凯父女俩瞪大眼睛，还以为出现了幻觉。内镜外放，大师，化境大师！楚连海激动得浑身颤抖。什么？化境？顾洪凯吓坏了。女儿的这个同学是化境，那可是介于内境和宗师之间的境界。这样的武者，万中无一，被修炼界尊称为大师。什么内镜？我这明明是灵力。宁晨没好气的瞥了老中医楚连海一眼，却也懒得解释。 爸，你看那个坏蛋怎么了？顾西瑶惊讶地指着原野。顾鸿凯定睛一看，发现原野翻着眼白，脑壳震荡，嘴唇也泛着波浪，整个人就像发了羊癫疯一样。搜魂术，仙家常用的法术，凡人体魄太弱，所以才会如此。等搜完魂，人也废了。这种法术太过歹毒，有损阴德，所以两千年来，宁晨使用过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在干什么？三人看不明白。不一会儿，原野的记忆如电影胶片一样呈现在宁晨面前。 宁晨可以随意快进、倒退、暂停进行查阅。大概十分钟后，他找到了想要的内容。武传志，黑武林中响当当的人物，出身武协的老牌宗师。十年前被武邪高层栽赃陷,陷害，逼上梁山。他靠着武邪内部线报，和徒弟原野一起策划了这场劫镖。现在想把这批灵药卖给外国人。武传志，让我看看你在哪儿呢？宁晨紧闭双眼，终于在原野神志崩溃前找到了一个地名。扑通，原野斜着倒在地上。 浑身气息微弱，修为尽失。宁晨也睁开了眼睛。黑瞎子山，第九十五章黑瞎子山，叫人来打扫一下吧。宁晨转过身对顾宏凯说道。接着他掏出手机，打开缺德地图，搜索黑瞎子山，结果根本搜不到。换成其他的也是徒劳无功。该死啊！宁晨眉头紧锁，动用灵石，再加上施展搜魂术，已然消耗了一些灵力。若是这些功夫都打了水漂，岂不血亏？不一会儿，顾宏凯找来管家。 把原野的尸体处理掉了，管家是他心腹，倒不担心出事。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宁晨身边，躬身问道：“大大师，您怎么了？没怎么。”宁晨气愤转身，本欲离开，但转念一想，让顾家、温家帮忙调查不就好了吗？自己还救了他们全家一命呢。顾叔叔，宁晨忽然开口，悠悠地看着他：“不敢当，不敢当。”顾宏凯吓了一跳，赶紧摆手：“您可是化境大师，好了，我要让你帮我一个忙。”宁晨摆摆手。 懒得在这种问题上纠结，宁大师请说。顾洪凯大喜，画境大师找他帮忙，简直给足了他们顾家脸。帮我查一个地名，叫黑瞎子山，越快越好。宁晨说道。黑瞎子山，好。顾洪凯连连点头，拔腿就往外跑，激动的连纸上的伤都忘了。随后，宁晨又打了两个电话给温月、叶孤楼，让他们也帮忙调查，人多力量大。老夫金陵楚连海，见过宁大师。这时，楚连海上前来想套近乎。 不认识，宁晨扫了他一眼，楚连海微微愣住，他可是江南十大名医之一，在南方多少有点名头。他苦涩一笑，多谢大师救命之恩。宁晨嗯了一声。楚连海见对方这么不想搭理他，也不热脸贴冷屁股，乖乖走开，上楼去了。偌大的一楼客厅只剩下顾西瑶和宁晨两个人。时间不早了，顾校花，我就先回去了。宁晨起身，不料顾西瑶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把攥住他的左手，用一种楚楚可怜的目光看着他：“你干嘛？” 宁晨不喜欢别人碰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对，对不起，顾西瑶赶紧撒开手，把头低下。宁晨知道他吓坏了，于是出声安慰：“已经没事了。”那人手上沾了不少人命，杀他是为民除害。谢谢你，宁晨。顾西瑶扬起鹅蛋脸，眸子还有些红，然后问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宁晨吗？”是也不是。宁晨也给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穿越到小南天界，摸爬滚打两千年，他早就不是当初的宁晨了。接下来。 他回家等了三天，叶家、温家和顾家发动全部能量调查黑瞎子山的所在，最后还是叶家在北方某个地级市里找到了一座同名荒山。宁晨去都没去，直接说不对。根据原野最后的记忆，黑瞎子山应该在南方，哎，找不到啊。顾家豪宅三楼某个房间，顾家人坐在床头聊天，床上躺着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妪，正是顾西瑶的奶奶顾桂英。顾桂英服下楚连海熬制的汤剂，安然入睡。顾鸿凯却愁容满面。 小声说道：“宁大师让我们找的黑瞎子山，我让人翻遍了南方的地图也找不到。哎，事情办砸了。任大师怎么看我们顾家，连个山头都找不到？老夫游历过江南众多名山大川，从未听过黑瞎子山。”楚连海苦涩一笑：“也许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山小岭，所以才这么难找。或许吧。”顾鸿凯叹了口气：“爸，我怎么感觉这座山的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呢？”顾西瑶紧颦柳眉说道：“好像在哪里听过。”顾鸿凯问道：“真的吗？” 西瑶，那你好好想想，到底在哪里听到过？我想起来了。突然，顾西瑶眸光大亮，看向在床上躺着的老妪。奶奶小时候给我讲过的故事里就有黑瞎子山。宁晨没想到，第一个找到黑瞎子山的不是叶家，也不是温家，而是势力最弱的顾家。而从顾老太太口中吐露的真相，让他十分无语。原来黑瞎子山就在隔壁的松台市，这个名字是几十年前的叫法，现在早就改了。地图上叫元宝山。奶奶的，没事瞎改什么山名？ 真是醉了，宁晨打听清楚情况，起身欲走。宁大师，要不我们送您一程吧？从东阳赶到松台，有一百多公里呢。顾洪凯起身提议，也好。宁晨点点头，飞行很消耗灵力。顾洪凯大喜，连忙安排一台七座的商务越野车送宁晨去松台市。顾洪凯和顾西瑶父女俩随行。路上，顾西瑶觉得气氛有些压抑，于是问道：“宁大师，叫我宁晨就行。”宁晨正在闭目养神。好，宁晨。 你现在还在青大读书吗？顾西瑶好奇的问道。在呀、啊，那你是哪个学院的？医学院。我是人文学院的，离你们那边有点远。确实。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虽然都是顾西瑶在问问题，不过宁晨都会作答。顾鸿凯在前面开车，不时通过后视镜观察二人，嘴角掀起一抹期待的笑容。说不定我顾家能招个画境大师做女婿呢，想想就激动。一个多小时后，奔驰商务车驶入松台市，来到竹县，黑瞎子山就在竹县。 刚下高速，准备上盘山公路的时候，一伙人将他们拦停。不好意思，这套路封了，你们掉头吧。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壮汉走过来，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你们是武协的人？”顾宏凯扫了一眼壮汉胸,胸口的刺绣，是一个醒目的“武”字。知道我们是武协的人，还不快走？武协成员的态度十分霸道，赶紧走。这，顾宏凯从后视镜里看了宁晨一眼：“先走吧。”宁晨说道，眉头暗暗皱起。看来武协的人已经找到武传志了。 不过看这情况，双方应该还在山里拉锯战，不然也没必要封山。自己来的正是时候。第九十六章找到灵药。随后，奔驰商务车绕着黑瞎子山开了很久，到处都是武协的人，还有大量的执法人员在维持秩序，对外说是抓逃犯。天啊，前面还能看见武协的车，他们是把这座山围起来了吗？顾夕瑶感到不可思议，武协的势力实在是太恐怖了，连当地执法机构都只能配合他们。宁大师，现在怎么办？能上山的地方基本都被封了。 顾鸿凯一边开车一边问道：“宁大师。”转身看去，后座不知何时竟只剩下顾西瑶一个人了。宁晨什么时候离开的？顾西瑶就坐在旁边，居然丝毫没有察觉到。此时，宁晨已经抄小路进山，身影快速穿梭在密林之间，衣服划过枝杈和杂草，沙沙作响。黑瞎子山山势极为陡峭，内境武者赶起路来都很吃力，但对于一个元婴期老怪来说，只要有一片树叶借力就够了。半炷香的功夫。 他横穿半座山，很快听到了远处传来一阵打斗声。武传志，为了你，坐镇青州、松台、金陵、姑苏的四位宗师都到齐了，你今天是插翅难飞，快把药材交出来！交出药材，自废武功，再随我们去滨海总部向叶会长请罪。山中一片空地，成片的树木倒塌折断，硕大的山石四，地面上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大坑，每个都有数米之深，好像是被炸弹炸出来的。这样可怕的情形，一路从山顶延伸过来，足有几十里路。 一个倚着松树的黑衣武者，浑身浴血，咬牙切齿地瞪着附近一群武协精英，四个宗师，十个化境大师，还有六个内境武将，成何为之势？封死了他的所有退路。难道我武传志今天就要陨落此地了吗？黑衣武者大多岁，正值壮年，身上皮开肉绽，伤痕累累。武兄，以一敌四，你不可能逃得了。一个蓄着八字胡的中年宗师，背负双手，神情肃穆，还是把药材交出来吧，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哼，想要药材，做梦。 武传志狞笑着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小心点，文龙，别让他自觉心脉。一个女宗师出生，她看起来很年轻，才四十多，一双丹凤眼死死盯着武传志。叶会长要活的，他们口中的叶会长是江南武协的总会长，坐镇滨海，放眼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叶青山那个老王八蛋，老子迟早弄死他！武传志斥骂道。放肆<死>！女宗师一拳打出，真气外放，凝聚成拳，砰的一声闷响。 武传志硬扛宗师拳劲，后退数步，一口鲜血吐在满地枯叶上。他受伤太重，不然这一拳是可以躲开的。黑武林的乱臣贼子也敢直呼叶会长的名号？女宗师冷笑：“你们懂个屁！叶青山他就是个畜生！”武传志叫骂不止：“找死！”女宗师脸色阴冷，竟从腰间抽出一柄软剑，横劈出一道剑气，朝他大腿斩去。叶会长说要活的，却没说要四肢健全的。糟了，这一剑要躲不开了！武传志心如深渊。 这时，突然一道身影闪来，弹指一挥，轻松弹开女宗师的剑气。什么人？女宗师震惊之余，再劈一剑，来人又张开，竟将足以切割钢板的剑气握于手中，一用力捏炸开来。女宗师瞳孔缩了缩，一脸震惊地看着宁晨：“你是谁？”八字胡宗师和其他两个宗师，以及一群化境大师和内境武者们，全都如临大敌，气沉丹田，死死瞪着来敌。谁会来救我？武传志不可思议地看着拦在面前的人。 身材瘦高，相貌稚嫩，穿着运动休闲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学生。但就刚才这两招，少说也有宗师境修为。来人自然是及时赶到的宁晨。走！宁晨没有废话，单臂扛起武传志，转身就跑。想走？女宗师挥剑斥喝，第一个追了上去。是黑武林的人！该死，不能让他们跑了，否则叶会长非得骂死我们不可！别说了，快追！一群人火急火燎朝宁晨追去。可宁晨的脚力远非他们能及，不一会儿。 就甩得他们车尾灯都看不见，一路奔走，来到一个小山村里。宁晨随便找了片小树林，就把武传志扔了进去，动作十分粗暴。咳，嗨嗨嗨嗨！嗨嗨嗨武传志在地上滚了十几圈，翻身坐起，不停的咳嗽。他看着宁晨，咧嘴一笑：“我知道了，你也是为了那批药材而来。你知道就好。”宁晨眼神冷漠：“药材在哪里？我要是不说呢？”武传志捂着胸口，脸色苍白无比：“你会死得很惨。”宁晨直截了当。 横竖都是死，我还是说吧，至少能留个全尸。况且给黑武林的兄弟总好过给武协的那帮人。嘿嘿，武传志哑然失笑，还挺乐观。宁晨没说话，静候下文。药材被我藏在在松台武协总部的通风管道里。武传志说道。武协总部，宁晨挑了挑眉毛，冷笑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这手灯下黑玩的漂亮啊！”哈哈哈！武传志放声大笑，似乎在嘲讽松台市的那位女宗师。他处心积虑想得到的东西。 其实就藏在自己的地盘上，我现在就去找你，最好不要骗我。宁晨上前点了武传志的穴道，然后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小树林里。好快的速度，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武传志惊出一身的汗。两个小时后，宁晨找到松台市的武协总部，避开摄像头和巡视人员的视线，轻松摸了进去。临时一扫，大楼顶层的某段通风管道内果然放着一个黑色的耐克旅行包。他取出旅行包，拿到天台上打开，里面果然是一堆灵药，有人参。 有灵芝，还有莲花和灵果，以及一些妖兽的内胆和脏器。一股股浓烈的药香味涌入鼻腔，将近二十种灵药，闭着眼睛摸，随便拿起来一个，价值都是三亿起步。在他焦急的搜寻中，很快一只玉瓶映入眼帘。第九十七章，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只蚂蚱。瓶身滚烫，里面仿佛盛着开水。拔掉木塞后，一种略微刺鼻的硫磺气味立刻散发出来。宁晨往里一望，大毫升的乳白色浓浆在玉瓶中晃荡，真的是地乳，太好了。 宁晨很兴奋，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灵气贫瘠的地球，居然有炼制补神丹的灵药，而且已经被他找到两种。他看见了修复元神的可能性。再次回到小树林，武传志将坐在地上，动弹不得。无论他怎么调动真气，冲击穴道，都冲不破宁晨点的穴。看见宁晨提着熟悉的旅行包回来，武传志既震惊又绝望。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唉声一叹，索性闭上眼睛，动手吧，给我一个痛快。宁晨头上冒出一个问号。 满脸懵逼地看着武传志，我说过我要杀你吗？武传志惊讶地睁开眼睛，宁晨却已经走过来解开了他的穴道。你走吧。宁晨说完，转身也准备走。等等！武传志叫住他，一脸不解：“你，你真的不杀我？星号星号星号吗？要杀你？我和你有仇吗？”宁晨觉得这人脑子有毛病。谢，谢谢。武传志满头大汗，冲宁晨道谢，然后又忍不住说道：“如果是一般的黑武林人士，他们为了保密，百分之百会杀了我。” 我不是黑武林的人。”宁晨说完，转身离去。扑通，武传志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劫后余生的庆幸，自己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当天夜里，当顾西瑶拨通宁晨电话的时候，后者已经回到了东阳县。顾家没问宁晨去黑瞎子山干什么，宁晨当然也不会透露，随便聊了几句就挂断了。还药材，不知道能不能在地球找齐？唉，愁啊！宁晨晃悠到枫溪苑小区，来到自家楼下的时候，他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小年轻。 正坐在花坛边抽烟聊天，虽然是夜里，但宁晨一眼就看见其中一个人是王庆，白天在冯记酒楼收拾过的那个高中校霸。庆哥，咱们真要对那小子爹妈下手？江湖规矩，互不及家人啊！几个小混混的声音从夜色中传来。啪！王庆扇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后脑勺一下，然后用夹着香烟的左手指了指打石膏的右臂，骂道：“看见没？那个兔崽子把我从二楼扔下来，差点把老子摔死。老子要是不报复他，以后还怎么在东阳混？” 又有人问庆哥，但那小子一直不回来，咋整啊？有人分析，估计是畏罪潜逃了，怕了吧？王庆冷冷一笑，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家就住这儿。钉子，你现在上去，先把四百零六的门锁灌满胶水。说着，王庆从口袋里掏出一瓶五百零二胶水，递给一个尖嘴猴腮的小混混。好嘞，庆哥。绰号钉子的混混一起身就撞上了宁晨，我遭，要死啊！你吓老子一跳。你们要给四百零六门锁灌胶水。 宁晨拎着旅行包，脸色冷漠。宁晨，你小子还敢回来？王庆立刻怪叫起来，把烟头扔向宁晨的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烟头即将砸到宁晨面庞之时，忽然被一股无形气劲弹开，落入花坛。由于夜幕昏暗，王庆也没放在心上，以为是出现错觉了。接着他大声咆哮起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上啊，弄死他！”但下一秒，人就都飞了出去，脸上同时出现一只红彤彤的掌印，碎牙齿和鲜血从他们口中喷出。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你、你！王庆一脸惊恐地瞪着宁晨，半天说不出话。他忽然觉得今晚来找宁晨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王庆，宁晨一步步走来，身后趴在地上哀嚎的小混混。他踏着月色，神情如般幽灵般冷冽。高中你打我的那一巴掌，我没忘。我之所以不找你报仇，是因为如今我们的段位差的太多了。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只喜欢蹦跶的蚂蚱。但你错就错在不该来找我爸妈的麻烦。说着。 宁晨自然垂落的右手屈指一弹，咻<秀>！一缕细不可见的真气长针穿过王庆的羽绒服，刺进他体内。王庆起初没感觉，就是肋下轻轻一刺，好像被蚊子叮了。陈陈哥，你误会了，我怎么敢来找你爸妈麻烦？祸不及家人，这点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王庆看见宁晨现在这么厉害，哪敢硬碰硬，赶紧道歉。就在他准备挨一顿毒打的时候，宁晨却道：“你走吧。”啊！王庆愣了一下，然后欣喜若狂：“哦、嗯，好好！” 我走，谢谢陈哥不杀之恩。他也不管自己那些小弟，掉头就跑了。看看，这就是你们的大哥！宁晨扫了这些小瘪犊子一眼，嘲弄道：“都什么年代了，还混社会？读点书，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小混混们看着仓皇逃窜的王庆，集体陷入了沉思。宁晨却是眸光冷冽，他就这么放跑了王庆？怎么可能？他埋进王庆体内的那根真气长针，会在未来三天慢慢分解，从而破坏掉王庆的左肾，让他下半辈子只剩一个肾过日子。 就算他去医院检查，也什么都查不出来。一个肾也能活，就是活得很累，从此不能再进行剧烈运动，比如打架斗殴，烟酒也必须戒了。宁晨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随后，小混混捂着肿成猪头的脸离开。他没有立刻上楼，而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华国有这么多舞者，万一他们查到我对爸妈出手，想着宁晨掏出手机打给顾西瑶，顾家父女还在返程途中。顾西瑶看见打来电话，十分惊喜的接通。喂，宁晨，顾校花。 你爸在旁边吗？让他接个电话，我有件事请他帮忙。宁晨说道。哦，oh. 顾西瑶的语气透着一丝失望，转而打开免提模式。爸，宁晨找你呢。宁大师，顾宏凯正在开车。顾叔叔，你们顾家请的那四个保镖，能不能分两个给我？宁晨开门见山。开学我就回校了，我爸妈那边想请人照看一下。没问题。顾宏凯一口答应下来，语气甚至还有点激动。能帮一个化境大师的忙，这是他们顾家的荣幸。更何况。 宁晨现在还这么年轻，未来很有可能成就宗师。第九十八章走亲访友。宗师，提到这两个字，顾洪凯心神都有些恍惚。顾叔叔，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宁晨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你们家那两个外境保镖年薪多少？我打给你。不不不，不用。顾洪凯连连摇头拒绝。大师说的什么话？不就是派两个保镖过去，小事一桩。这笔钱我顾家出了，这不太好吧？宁晨假装客套，没什么不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顾洪凯说道：“行吧。”宁晨也没客气，毕竟自己救了顾家父女一命，又寒暄几句，他便挂断电话上楼去了。陈兰和宁昌茂还没睡，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商量着要不要在青州买一套房子。宁晨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然后也加入讨论队伍，帮他们分析各个豪宅楼盘的利弊。数日后，过年了，陈兰做了一桌子好菜：大闸蟹、澳龙、鲍鱼、大黄鱼、东星斑、神户牛肉宴、茅台。晚上，一家人又坐在一起看春晚。 度过了一个幸福的除夕夜。二姨妈家，陈雅正在泡脚，一边看着无聊的春晚，一边刷朋友圈，刷到陈兰发的年夜饭，她猛地吃了一惊：“我的妈呀，老公，你快来看！”陈雅赶紧把老公宋伟喊过来：“怎么了？”宋伟走过来：“老公，你看，陈兰家吃这么好，的夜茅台都喝起来了。”陈雅很吃惊，在她眼里，自己一家才是亲戚里过得最好的，一桌年夜饭吃多，但陈兰一家光两瓶酒加起来就不止这个数。哈哈。 宋伟放大图片，看了两眼后直接笑了。我说：“陈兰，你这个妹妹可够虚荣的呀，年夜饭还要盗图？盗图？”陈雅皱了皱眉：“好像是哦，上次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家桌布是黄色的，这次怎么换成白色的了？”这个陈兰也真是的，攀比心这么重，也不对比一下自己家里的条件，他们吃得起这么好的吗？陈雅简直无语了。这时，儿子宋斌也走了过来，看了看后说道：“嚯，三姨一,一家吃的可够好的呀，澳洲龙虾、东星斑、鲍鱼、生蚝。” 还有这么大一条黄鱼，就算是人工养殖的，也得七八万吧？宋伟不屑地笑了，这算什么？你表弟还说给你二姨夫买台劳斯莱斯呢。宋兵噗的一声就笑了出来，哈哈哈！劳斯莱斯，宁晨这臭小子，把他卖了也买不起劳斯莱斯的一个车轱辘啊！第二天，宋伟、宋兵父子看着停在自家门口的劳斯莱斯库里南，陷入了懵逼。宁晨一家从车上下来，手里提着礼品。二姨夫、二姨妈、小兵表哥，宁晨叫了一声，眼底藏着一丝好笑的情绪。 小陈、昌茂，你、你们这是中彩票了！陈雅彻底傻眼了，伸手指着那台劳斯莱斯。附近围观的小区居民越来越多，不少都拿着手机拍照。走进屋说：“宁昌茂左手提着两瓶茅台，右手提着六条黄鹤楼，整个人容光焕发，一扫往日的自卑和郁闷。他身上穿的衣服一看质感就是高档货，特别是皮鞋锃光瓦亮，貌似是一个外国的奢侈品牌子，宋伟想不太起来了，依稀记得几个月前在商场里见过，但价格太高，他没舍得买。” 进屋后，陈兰一家把宁晨挣钱的事情如实相告。其实和中彩票也没区别，我和昌茂都是沾了小陈的光，儿子出息了。以往每次过年，他都是听二姐陈雅炫耀，今年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古药方和青州大药企合作，每年有几百万分红。陈雅对这些话保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宋伟却始终是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用一种淡淡的戏谑表情打量着这家人。劳斯莱斯租一天一两万呢、啊，这家人为了装逼，还真舍得下血本。 拍了拍宁昌茂肩膀，他说道：“昌茂，既然你们家现在这么有钱了，怎么不给小陈在青州买房子？车子是不断贬值的，只有房子是升值的。我们前段时间给小兵在青州临江区买了套房子，两百平，七百多万，我们出首付，让他还月供。那块楼盘位置不错，要不你们也给小陈买一套，以后他们哥俩也好做个邻居嘛。<laughs> ”宋斌在旁边听着，暗暗观察陈兰一家人的反应。他也不信表弟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古董市场随便捡漏一张古药方，能卖这么多钱。 既世要原他听说过，那可是青州的大企业。小陈，你觉得呢？陈兰和宁昌茂扭过头来看向宁晨。算了吧。宁晨笑了笑。怎么算了呢？小陈。宋伟语气带着一丝讥讽问道：“你挣这么多钱，以后不会打算待在东阳吧？那可太没出息了。”小陈，上华府这个楼盘的位置真的很不错，虽然不是学区房，但旁边地铁和商场都有，以后升值空间很大。宋斌也继续试探：“你要是在那边买了房，我可以经常带你出去玩。”不是的。 小兵表哥，宁晨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我已经买房了，已经买房了。宋家父子一愣，宋兵赶紧问：“哪个楼盘？”“绿城玫瑰园。”宁晨说道。“别墅。”宋兵一愣，“哪里的？”“就在清大附近，离学校近，来回方便。”宁晨回答。“清大的绿城玫瑰园。”宋兵吓了一跳。前段时间买房子，他把所有楼盘研究了个遍。清大附近的绿城玫瑰园，那可是相当高档的小区，均价接近十万，住在那里的人。 非富即贵，宁晨能在那里买房子，打死他都不信。小陈厉害啊！回头表哥带你嫂子过去玩，你不会不欢迎吧？宋兵拍着宁晨的肩膀，故意说道：“怎么会呢？随意欢迎你们来玩。”宁晨说道。陈兰脸色有一点尴尬，儿子说的那套别墅其实是他那个好闺蜜乔静的房子，儿子只是借住，怎么能说成是自己的房子呢？这要是被揭穿，多丢人啊！到时候小兵真过去了，看他怎么圆。宋伟瞥见陈兰脸上的尴尬，呵呵一笑。 第九十九章顾西瑶的表哥。这个年是陈兰和宁昌茂两口子过得最开心的一个年，因为不用为钱发愁，开着劳斯莱斯上门送礼，亲戚见了无一不震惊。宁昌茂一家发财的消息很快在亲友间传开。出事后，许多常年不来往的亲戚都携礼登门拜访，有嘘寒问暖的，有打算合伙做生意的，当然也少不了借钱的。要不是这个年，宁晨根本不知道自己家原来有这么多亲戚，门槛都快被踩烂了。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 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兵朋。老郭的这句话，宁晨算是体会到了。寒假很快过去，宁晨正准备返回青州，顾家忽然打来电话。宁大师，曹磊和赵全的伤好的差不多了，最近准备出院。顾鸿凯请示道：“曹磊、赵全就是顾家高薪从武协雇聘的两个保镖，一个外境大成，一个外境巅峰。好，你让他们住到我家对门，那套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宁晨说着，又补充：“让他们不要打扰我爸妈的生活。” 但只要我爸妈出门，他们必须跟踪保护。明白？顾洪凯点头。双方约在小区外的一间茶室见面。宁晨对曹赵二人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面试，通过读心术窥得二人并无心术不正，也就放下心来。宁大师，您在想什么？顾洪凯见宁晨陷入沉思，出声问道：“外境的实力终究太低了点。”宁晨摇摇头。这件事他本来想找温家，但想到顾家是本地人，办什么事都方便，他便没有联系温老头。曹赵二人惭愧地低下头。 这样吧，我传你们一门功法，你们平时在家就照着练，半年内突破内境不是问题。”宁晨说道。什么？曹赵二人大惊失色。内境，半年踏入内境，要不是知道宁晨的身份，他们会以为这个年轻人疯了。见宁晨不像开玩笑，曹磊说道：“若大师所言不虚，我曹磊愿意免费给令尊当保镖，不要一分钱工资。”俺也一样。”另一个湘西汉子赵全激动的说道。“随你们。”宁晨无所谓的摆摆手。 他给的是改良版上古强身术，水月帮的那些人练的就是这个，就算资质再愚钝，一年半载的也能踏入内境了。随后，曹磊、赵全二人便住进了风熙苑二幢四零六的对门。宁晨和爸妈打了声招呼后，也准备返校了。小陈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学业别落下来啊。陈兰和宁昌茂把宁晨送到楼下，意外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正站在楼下等他，却不是上次那个温家大小姐，模样要再青涩稚嫩一些。 乌黑浓密的发丝，甜美娇俏的鹅蛋脸，处处透着少女的青春气息。顾校花，你怎么还没走？宁晨诧异的问道。宁晨，你不是也要返校吗？一起吧。顾希瑶指了指身后的商务奔驰车，露出很甜美的笑容，然后又冲陈岚和宁昌茂一笑：“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宁晨的高中同学，我叫顾希瑶，我和宁晨都在青大读书，同学啊。”夫妻俩愣了愣，眉眼间都透出笑意。小王八蛋还挺花心，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宁昌茂心中笑骂，既然是同学。 那就一块走嘛，路上也好有个照应。”陈兰说道。那“那行吧。”宁晨点点头，随后他再一次坐上顾家的商务奔驰车，驶离东阳县。对了，你奶奶身体怎么样了？路上无聊，宁晨随口提问。小姑娘坐在他身边，好像很紧张。挺挺好的。”顾西瑶红着小脸，抢答似的说：“楚爷爷把那株人参制成了汤剂，奶奶服用后，气色明显好了许多，今天已经能下床走路了。”嗯。宁晨动了动嘴。 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其实那株百年人参让他炼成丹药的话，起码能为顾家老太太延寿六年以上。不过顾家没来请他，他也懒得多事。想到旅行包里的那批灵药，还是不可能还的。天才地宝有能者得知，宁晨打算把他们当成临时的灵气源使用。他虽然无法炼化这批灵药，但他懂得一门上古神通，可以临时将灵气提炼成灵力。一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车子驶入青州，来到百鸟湖校区。顾西瑶刚下车，一个捧着粉玫瑰。 穿着白西装的青年走上来，笑道：“夕瑶，等你好久了，表哥，你怎么在这里？”顾夕瑶刚下车，直愣愣地看见这个帅气多金的青年。欢迎你回来清大啊！白西装青年刚准备把玫瑰递过去，就看见奔驰车窗里有一张熟悉的脸庞。宁晨，他失声叫了出来。宁晨也恰好看见了他，眼底划过一丝戏谑。他坐在车里冷笑道：“林骄阳够花心的，同时追求清大的两位校花，也不怕身败名裂。”白西装青年正是林骄阳。 宁晨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这货，而且还是当着顾西瑶的面。你怎么会坐在我表妹的车里？林骄阳瞪着宁晨，眼含怒火。表哥，你你和宁晨认识？顾西瑶也很吃惊。岂止是认识？哼！林骄阳磨牙了磨牙齿，又问西瑶：“你和这家伙什么关系？你们不会再谈恋爱吧？”表哥，你误会了，宁晨是我高中同学，搭个便车而已。顾西瑶赶紧澄清。妈的，软饭男一个！林骄阳在心中骂道。住许书言的房子。 搭顾西瑶的便车，这软饭吃的，他也是无语了。关键是这两个都是他的妹子，他有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他本想嘲讽宁晨一两句，但又怕后者去许书言那里告状，于是他压下怒火，解释道：“宁晨，西瑶是我表妹，你要是想去书言那里告状，随你。到时候看书言相信你还是相信我。他有自信解释清楚。许书言不止一次告诉他自己很讨厌宁晨。第一百章：青州郑文龙，你想多了。”宁晨满脸不屑。 我才没功夫找许淑妍告状，她在我眼里就是个屁。不过西瑶，我得告诫你一句，告诫什么？顾西瑶不解，你这个表哥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最好少跟他来往。”宁晨说道。这顾西瑶一脸尴尬。林家可是青州豪门世家，顾家这些年全靠林家支撑，才能成为东阳县巨富。宁晨，你别太过分了！星号星号星号说谁不是好东西呢？林娇阳气炸了，指着宁晨骂道：“怎么不服？” 想动手，宁晨笑道：“你来啊，我。”林骄阳气得肝疼，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宁晨的对手，只好忍气吞声，接着发出冷笑：“哼，你以为我表妹会听你的？”西瑶，表哥，老实告诉你，宁晨这小子就是个吃女人、住女人的软饭男，你赶紧把他从车上赶下来。本以为顾西瑶会向着他，不料女孩却是小声说道：“表哥，你以后还是少来找我吧。”西瑶，你说什么？林骄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瞪着大眼睛。 顾西瑶被齿咬唇，艰难地说道：“我们毕竟是表兄妹，你哥三我玩，同情的姐妹都以为我们是男女朋友，这这不太好。”“畜生！”车里传来宁晨的声音，带着悲痛，连自己的表妹都想泡，真是个畜生。好，林骄阳也是一个骄傲的人，被妹子这样拒绝，直接气炸。他把玫瑰花往地上一砸，怒喝道：“顾西瑶，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你表哥？你你记住你说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说完，他大步离开。 百鸟湖校区大门口，很多学生投来诧异的目光。顾西瑶被吼了一顿，脸色不太好看。宁晨，我送你去你们校区吧。顾西瑶拉开车门，重新坐了上来，让司机开车。宁晨瞥了他一眼，说道：“别以为我刚才那是气话。林骄阳这人我见过好几次，绝对不是善茬。你不要和他走得太近。”知道了。顾西瑶轻轻颔首，又说：“其实我知道林骄阳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不过我不喜欢他。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我又不得不见他。这些年……” 林家帮顾家在东阳县站稳脚跟，爸爸也让我在青州多和林家来往，所以宁晨沉默。顾西瑶思考数秒，忽然冲他灿烂一笑。不过我还是会听你的，以后尽量远离林骄阳，真乖。宁晨心想，比许书言那个蠢逼懂事多了。论姿色，许书言或许胜过顾西瑶一筹，毕竟是清大校花榜第一。但二女的性格简直天差地别，前者被宠坏了，一身的大小姐脾气；后者是先贫后富，为人低调又成熟。宁晨。 突然，顾西瑶喊了他一声，香颊浮现朵朵红云。咋？宁晨看着他，心想这妹子该不会要告白吧？这个周末，我能来你们校区找你玩吗？顾西瑶说完，脸更红了。这样说，感觉好明显啊，会不会被拒绝呢？好尴尬，还是第一次约男孩子出去玩。随便，宁晨出乎意料的答应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真的吗？那就这么说定了，周末我来找你。顾西瑶很开心。行，宁晨。 你敢抢我表妹，老子跟你势不两立！百鸟湖校区外，林骄阳开着他的阿斯顿马丁跑车，气得一拳捶在方向盘上。他喜欢顾夕瑶，从第一眼看见就爱上了。虽然是表兄妹，但只要不生孩子，还是能在一起的。但宁晨这个狗东西又来横插一脚，见鬼的是表妹还很信任他。先是许书言，再是顾夕瑶，宁晨，我他妈不整死你，我就不是血刃酒馆江南区的业务代理人！林骄阳掏出手机，气愤地拨通了一个号码。喂，剃刀。 帮我弄一个人，宁晨没回玫瑰园别墅，而是让司机把他送到九溪庄园。和顾西瑶互道再见后，他拨通了房产经纪人的电话。喂，张经理，我回来了。嗯，房子该腾了，我近期打算搬进去。得到四天内解决的回复后，宁晨满意的挂断了电话。四天后正好也开学了。走进九溪庄园，本来想去餐厅吃点东西，结果却在一楼客厅碰见十几个穿着舞服的人员。舞鞋的人果然找过来了吗？宁晨很冷静。 武协队伍以一个八字胡男人为首，副会长梁永志、防暴队长王琦、督导队长霍欧都在。温月正对八字胡男人竭力解释着什么，卑躬屈膝的样子，管家和佣人们见了都心疼。嗯，八字胡男人第一个发现宁晨，双目金光猛长。宁先生，温月看见了救星，赶紧跑过来。宁先生，您快和郑会长解释解释吧，他们说说你是黑武林的人。会长，他就是宁晨。梁永志指着宁晨，眼中浮现恨意。上次趁着您老人家不在。 就是他在咱们总部撒野，打伤咱们好多兄弟。会长不能放过这小子。霍欧也是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宁晨抓进监狱，大刑伺候。而宁晨通过温月的介绍，也是得知了这个八字胡男人就是青州武协的会长郑文龙，此人便是坐镇青州的宗师。宗师当前还能面不改色，看来宁先生背后也站着一位宗师。温月心中暗想，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了，出去等着。郑文龙沉吟少许，忽然对梁永志等人道：“是青州武协里。” 没人敢违抗郑文龙的命令，他就是青州鼓舞界的天。这小子死定了！怀着这样的念头，梁永志、霍欧等人陆陆续,续续出去，还把大门带上。温月也让管家和所有佣人出去。宁小友又见面了。郑文龙看着宁晨，忽然冷冽一笑。哟，温月诧异的看着宁晨，他们认识？宁晨没说话。小友难道忘了？一个多星期前，松台元宝山，你当着我们四位宗师的面就走了。武传志，郑文龙冷笑，怎么？ 敢做不敢当吗？第一百零一章，我的名号你不配打听。什么？温月吓傻了，蹭蹭蹭连退三大步，像见鬼了一样瞪着宁晨。最近古武圈盛传的新闻，江南四大宗师联手抓捕黑武林宗师武传志，即将成功之时，却被另一位黑武林高手救走。这个高手是宁晨。即便这个消息从青州武协会长的嘴里说出，温月也不敢相信。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宁晨当然不会承认，古武协会毕竟是华国的顶级势力。 一旦被纠缠上，他只能含泪灭掉，那样会很麻烦，损失也很大。早料到你会这么说，郑文龙盯着宁晨说道：“叶家的藤铁山是你打伤的吧？”宁晨没说话，温月却已经下结巴了。藤铁山，藤宗师，宁晨，你不承认也没用。郑文龙眯起眼睛：“你偷袭藤铁山的时候，旁边有人证，这一点你赖不掉。”宁晨面色无澜，所以呢？郑文龙继续说：“江南省的所有宗师我都认识，宁晨，我很好奇。” 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除了黑武林，似乎没有别的解释。宁晨听笑了，这么说，只要不是你们武协登记在册的武者，都属于黑武林人士，都是有罪的，侠以武犯禁。郑文龙硬气道，武者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必须登记备案，必须得到管控，这是武律。任何挑战武律的人都将付出代价。宁晨，我也不和你废话了，把武传志和药材交出来，否则下一次来的可就不止我一个人了。正说着，见宁晨身体有动作，他赶忙沉下重心，如临大敌的说道。 你也不要想着跑，就算天涯海角，我们也会找到你。谁说我要跑了？宁晨坐在沙发上，神态悠闲。郑会长，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们武协天下无敌了？其实，在我眼里，你们这个狗屁协会根本就不值一提。扑通！宁晨的话没吓到郑文龙，反倒把温月吓了个大跟头。当着青州武协会长的面骂武协是狗屁，疯了，真是疯了！好，年轻人，今天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敢这样大言不惭？接招！ 郑文龙又一抓，手背上青筋暴突，如条条蜈蚣般狰狞，一缕缕肉眼可见的气劲在指尖缭绕。吼、哦！温月还没反应过来，一声猛虎咆哮袭来。郑文龙右手成爪，气劲凝聚成虎手，尖牙毕露，咆哮嘶耳，攻势位置，光是那恐怖的虎啸之声就已经震得温月肝胆俱裂。虎爪功，正宗师的看家本领。温月心头跳起这个念头：华国武术博大精深，每一门武术都有代表性的宗师。 虎爪功脱胎于武当派，传为祖师张三丰依黑虎之势演化而成。一爪之威，可以开杯裂石，加持真气，甚至可以生死虎豹。虎爪，我看猫爪还差不多。at，宁晨坐在沙发上，动都不动，一声嘲笑后，拳头直接砸出，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就是一拳。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客厅里传来一道闷哼。温月定睛看去，只见宗师郑文龙右手手指全部呈现不规则的扭曲断裂，如同麻花。 受此重伤，他只是闷哼一声，左手又成虎爪，猛地掏出，直击宁晨肋下。太慢了！宁晨再出一拳，先郑文龙一步打在他小腹上。郑文龙厚实的腹肌深深凹陷了下去，与之相反的是眼珠子往外暴突，透着震惊。下一刹，郑文龙整个人就跟个大肉包子一样倒飞了出去。不过他没有撞墙，而是凌空几个后翻，稳稳落在地上。噗，喉咙滚动数下，最后还是吐出一大口鲜血，将昂贵的地毯染红。 温月瘫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郑文龙没打过宁晨，郑文龙可是武道宗师啊！你究竟是谁？郑文龙半跪起身，用右手将左手弯折的手指一根根掰正，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除了眼角略微抽搐两下外，并无痛苦的表情。我的名号你不配打听。宁晨坐在沙发上，一动未曾动过。你只需要知道，我打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蚱那么简单就够了。郑文龙嘴角狠命扯动两下，你好大的！唰，刚吐出四个字。 一股真气劈炼擦着他脖子，射进他背后的墙壁，脖梗被刮破。而这一切，郑文龙根本反应不过来。他木讷地抬起手，摸了摸脖梗上的伤，摊开一看，掌心竟全是血迹。怎么可能？郑文龙瞳孔骤缩至针孔大小。一山更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不要以为宗师就是武道的重点，恰恰相反，他其实是。宁晨给自己倒了杯茶，慢慢品了起来。在我们那边，你这种不叫宗师，叫练气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练气期。 郑文龙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开始遍体生寒。你，你是从天门？天门是什么？宁晨发问。没，没什么。郑文龙脸色难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郑会长，你卡在现在的境界上有年头了吧？宁晨忽然又道。郑文龙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我可以教你怎么筑基。宁晨把玩着紫砂茶杯，笑道。筑基。郑文龙目露疑惑。也就是你们眼中宗师之上的境界。宁晨说道。宗师之上。 郑文龙双目爆瞪，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起来。大宗师？难道是武王？我不清楚，可能是武王吧。宁晨道。我不信。郑文龙坚决的摇摇头。整个华国数百万武者，武王仅仅四位，每一位都是天纵之才，怎么可能教出来？尽管宁晨实力很强，比他强上很多，但他不信对方能帮他突破武王境，这实在太离谱了。不识抬举。宁晨冷哼一声，起身掠至郑文龙身后。郑文龙还没反应过来。 宁晨便一指点中他后脊某个穴道，顿时一股巨大的刺痛感传来。第一百零二章，十年后我为你筑基。啊！郑文龙以为自己要被杀了，温月也是这样想的，赶紧劝道：“宁先生，手下留人啊！”宁晨没说话，连出二十四指击打郑文龙浑身的穴道。郑文龙堂堂宗师，却如同一只布娃娃在宁晨手中把玩，毫无还手之力。难不成宁先生是武王？温月上下两排牙齿吓得直打架，脑子一团浆糊。 很快，随着郑文龙一声长啸，他体内经脉颤动，穴窍之中竟喷射出滚滚真气，整个人更是跪在地上，大汗淋漓。会长，发生什么事情了？会长，会长，我们来了！梁永志、王琦、霍欧等人在外面听到动静，鱼贯而入。郑文龙爬起身，却是怒喝一声：“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众人不得不退走。郑文龙的脸红滚滚的，身上的五福被汗水浸透，有丝丝白烟冒起。他望了望自己的双手，又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 双目渐渐瞪大，宗师进大成，我突破大成了。郑文龙难以自制地说道。纠正一下，是我帮你突破的，凭你自己，起码还要苦修三个甲子。宁晨又坐回沙发上，淡淡地道。这、这、这……郑文龙连退数步，脑子一片空白。在踏进九溪庄园前，他还是宗师进小城，并且已经在这个境界上卡了十年。宁晨只花了一炷香的时间，就助他晋升大成。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华国古武界会发生十八级大地震。 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宁晨嘲讽的声音传过来。我只是随便打通了你身上的几个穴道，便让你突破。若再传授仨瓜俩枣，助你成为华国武王，你觉得会有难度吗？郑文龙身体开始颤抖，膝盖阵阵发软，几乎要给宁晨跪下，但他没有，生生忍住了内心的冲动。你想怎么样？郑文龙死死盯着宁晨。今天好像是你来找我麻烦的吧？宁晨回答。郑某有眼不识泰山，还请武王恕罪。郑文龙深深行了个礼。 又道：“多谢武王替郑某提升境界，郑某感激不尽。今后少来找我麻烦就行了。”宁晨冷哼道：“一定，一定。”郑文龙连连点头。自己一个宗师找武王的麻烦，这不疯了吗？这件事看来要禀报给上面，让上面定夺。他暗暗流汗。宁晨看出他内心的想法，又道：“此事保密，十年后我为你筑基。”什么？郑文龙瞳孔地震。他知道宁晨口中的筑基就是武王境，只要将这件事保密十年。 自己就能成武王？胡吃！他呼吸开始变得炙热，犹豫数秒后，他猛地一点头：“好，我答应你。”孺子可教。宁晨微微一笑。他活了两千年，今一岁的郑文龙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稚童。小郑，你放心，我不是什么恶人，只是厌倦了修炼界的勾心斗角，想要回归平静的生活。”宁晨说道。郑文龙听到宁晨叫他小郑，脸上不由浮现一抹怪异。难道这个少年的身体里住着一只老怪物的灵魂？他听过一些上古秘闻。 传闻修炼到一定境界，灵魂足够强大，便可以强行占据他人肉身。这个现象被称为夺舍。既然如此，前辈为何要救武传志？又为何要抢夺那批药材？郑文龙壮着胆子问道。我受了伤，需要灵药治疗。不过我并没有抢夺你口中的那批药材，也不认识什么武传志。宁晨淡淡地道。这位前辈可真够不要脸的。郑文龙心中暗骂。宁晨的话翻译一下就是：药材我拿了，不服憋着。郑文龙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后，最终一泄气，说道。 那应该是我误会前辈了，叨扰了，告辞。宁晨淡淡笑道：“温老头，替我送送小郑。”是。温月赶紧点头，然后突然想起，这特么不是我家吗？很快，郑文龙愁眉苦脸地走出九溪庄园，脸上写满了心事。会长，怎么样？副会长梁永志第一个跑上来。会长，姓宁的那小子认罪没有？咱们什么时候抓他？督导队长霍欧也凑过来。特么的，抓什么抓？郑文龙一个大臂兜子甩霍欧,欧脸上。 直接把他大牙都抽碎三颗，狠狠摔进一座人工喷泉，围栏都给撞碎了。会长，你这是？防暴队长王琦震惊地看着郑文龙，只见这位青州武协的老大一脸严肃地说道：“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宁晨与此事无关。以后谁敢找他的麻烦，我就找你的麻烦。听清楚没有？”“听，听清楚了。”梁永志、王琦等武协干部望了一眼霍殴的惨状，纷纷咽唾沫点头。走，郑文龙带人离开，温月送了一路。马德，怪不得连武协总部都敢砸。 原来是背后有人啊！梁永志想起那天的事，后怕不已。幸亏自己没跟宁晨死磕，而是等会长回来，不然倒霉的肯定是他。温月回到客厅的时候，宁晨已经不见了。望着满地狼藉，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一位武王暂住在他家，这究竟是福是祸，温月也不敢确定。此时，宁晨提着装有二十多株灵药的旅行包，从九溪庄园的小门出去了，打了辆出租，直奔绿城玫瑰园。来到幺四零三号独栋别墅。 里面竟然传来一阵烤肉的香味儿和很多人聊天的嘈杂声。推门进去，家里竟然在开派对，规模不算大，来了十几个人，有的在前院露天烧烤，有的在客厅聊天，还有的在后院斗黑龙。这是谁？不认识，有点眼熟，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宁晨路过前院和客厅，引来不少目光。他参加校运会的时候很出名，每天去食堂吃饭都有人指指点点。可惜长相平凡无奇，新学期就泯然众人了。大力哥，江糖端着几杯鸡尾酒从厨房出来，正好撞上宁晨。 惊喜地道：“我刚想给你打电话，你来的也太巧了。”宁晨嘴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不过马上就被从二楼走下来的许书言打断了：“你怎么来了？”第一百零三章卷铺盖滚蛋。许书言今天没穿居家服，而是一套小香风连衣裙，裙摆很短，两条纤细修长的美腿上裹着白色长筒袜，看起来极为养眼。一头海藻般的长发不知道什么时候染成了浅紫色，为她精致平添了一抹诱惑的风情。许书言对今天的打扮很满意，她还喷了香水。 下楼的时候带来一阵沁人的香风，肯定能把宁晨迷得神魂颠倒。可事实却与他想象的大相庭径。谁允许你们进我房间的？宁晨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走向楼梯下的卧室，质问从里面走出来的一对情侣。这对情侣明显刚刚亲热过，衣衫凌乱，遭到宁晨冷不丁的质问，顿时愣在原地。其中一个涂着红色指甲油、染着红色头发、长得很漂亮的女孩，诧异的看向许舒言：“舒言，这不是你家吗？怎么还有租客？”海燕，他不是租客。 许淑妍顶着同学们的奇怪目光，快步下楼。路过宁晨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是我妈妈闺蜜的儿子，暂时借住在我家。许淑妍对红发女孩解释：“这是她新交的一个朋友，叫吴海英，人长得漂亮，家境也很殷实。”真尼玛走了狗屎运！吴海英的男朋友叫石云辉。听完许淑妍的解释后，石云辉跟吃了八百个柠檬一样，酸的要死，用杀人般的目光瞪着宁晨。吴海英虽然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和许淑妍还是没法比。他追求吴海英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接近许淑妍。 滚出去！宁晨看着吴海英和石云辉，吴海英很无语的翻了个白眼，这又不是你家，你有什么权利让我们滚出去啊？星号星号星号！石云辉直接骂道。宁晨不喜欢废话，刚要动手，江糖从后面抱住了他，大力哥别冲动了。宁晨，你有病吧？许淑妍气死了，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看着他，我拜托你搞清楚一点，这是我家，我家，你确定？宁晨忽然一笑，据我所知。 许叔叔和乔姨已经把这套房子卖了了。什么？吴海英、石云辉等同学都是投来诧异的目光。完蛋了，江棠心里叫苦，这两人真是八字不合呀，见面就吵架。要你管！许淑妍气坏了，指着大门呵斥：“宁晨，你走，我不想见到你。”应该走的是你。宁晨神态恢复冷静，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们今天把房子搞得很乱，让我很不爽，我也不想给你留面子了。许淑妍，你听好了，这套房子已经被我买下来，从今天起。 我是这里的主人，静。客厅里一片安静。许舒妍邀请来的同学和朋友面面相觑。舒妍，到底什么情况、啊？吴海英又问。海英，别理他，他就是一个神经病。许舒妍嫌弃的看着宁晨。噗！石云辉直接笑喷了，对宁晨道：“就凭你买这套房子，哈哈，笑死我了！你知道这里的房子有多贵吗？这套房子少说也要一个亿，准确的说是一亿两万。”宁晨纠正道：“行了，哥们。” 别装了，看你这身行头就知道你没什么钱，要不然也不会借住在别人家里。切！石云辉冲宁晨摆摆手，其实心里很嫉妒他。大力哥，你说什么呢？江糖也有点哭笑不得。宁晨来自东阳县一个普通的小康家庭，怎么可能买得起绿城玫瑰园的房子？这里的一个厕所都要几百万，他怎么知道具体的价格？这时，许淑妍惊讶的看了宁晨一眼，然后马上就反应过来，估计是妈咪告诉他的。妈咪也真是的，这么私密的事怎么能告诉一个外人呢？ 许书言暗暗生气，宁晨懒得跟这群人打嘴炮，直接一个电话打给房产经纪人：“喂，张经理，一个小时内把合同拿过来，我要签字。”“对，我现在就在这里。”石云辉在旁边听得快笑死了，装继续装，估计电话都没拨通吧？给我看看。说着，他伸手去抢手机，想揭穿宁晨，不料宁晨力气很大，伸手把他推了个大跟头，脑袋咣当一声撞在墙上，摔得七荤八素。云辉，吴海英赶紧去扶男朋友。 宁晨头也不回地拎着旅行包进了卧室，并重重关上门。关门前，他依稀听见了许书言的骂声：“一个小时后就让他卷铺盖滚蛋。”宁晨把旅行包塞进床底，然后席地而坐，开始打坐静心。许书言抱着柳臂，闷闷不乐地坐上沙发，心中暗道：“宁晨不彻底把你赶出这个家，我就不姓许。”四十分钟后，徐景山、乔静夫妇和一个穿西装的女房产经纪人，还有几个小助理匆匆赶来：“老公，你慢点，跑那么快干嘛？” 乔静穿着高跟鞋，有点跟不上，埋怨道：“任老板不是说了一个小时内赶到就成，还有二十分钟呢，早点到，给人家老板一个好印象总没错的。”徐景山在前面健步如飞，还分析道：“老婆，我跟你说，一亿两万一次性付清，这个老板肯定不简单。等会儿我一定要认识他，最好再请他吃顿饭。”张经理听到后笑着说：“徐董，你说对了，我卖房子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豪爽的买主。听他那个语气，买房就跟买菜一样，上来就全款。我说的吧。” 徐景山心中暗暗期待，许氏集团目前的资金链很紧张，任何拉资金的机会他都不会错过。怀着紧张的心情，徐景山来到幺四零三号独栋别墅，看见一群人在院子里芭比 Q，纸巾、酒瓶、果皮等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他双手抱头，整个人有点炸裂。许淑妍，你到底在干什么？徐景山生平第一次吼女儿。许淑妍慌慌张张地从客厅里跑出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第一百零四章，他是宁老板，淑妍。 你怎么回事？打你电话也不接。乔静走过来，妈，我手机在充电呢。许舒颜解释。别说了，舒颜，快让你的朋友走。张经理，你打个电话给买主，让他尽量晚点过来。静静，你赶紧找个保姆，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一下。许景山急疯了，一顿发号施令。爸，到底怎么了呀？许舒颜很懵逼。江唐、吴海英、石云辉等朋友听到动静都赶过来了，有人还在撸串，满嘴是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 你这孩子，让我怎么说你好？徐景山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女儿，人家老板马上就要过来收房了，你，你把这里搞得这么乱，让我怎么交代？哎，at 什么收房？许淑妍心里咯噔一下，他不是想到宁晨打的那通电话，事实上他根本没把宁晨说的话放在心上。爸，那现在怎么办？许淑妍也急了，还能怎么办？赶紧先把垃圾捡一捡啊！哎，你这孩子，徐景山气的都不知道说什么。老公，这事儿不能怪淑妍。 谁让那个老板不事先通知？乔静为女儿打抱不平起来，许舒妍也感觉有点委屈，眼圈微微泛红。先是宁晨惹她生气，爸爸又吼她，还要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丢面子，最后又要和住了半年的别墅说再见。呜、哦，呜呜，各种情绪的叠加下，她哭了，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下来。舒妍，你怎么了？江棠和吴海英赶紧过来，石云辉等男生也都围观过来。乖女儿，都是爹爹不好，爹爹不该凶你。徐景山赶紧过来道歉，爸。 我我不想搬了，求求你，我想继续住在这里。许淑妍蹲在草地上，抱着膝盖，哭得眼睛通红。啊！这许景山顿时很为难，他没想到女儿对这套房子的感情这么深。他和乔静对视一眼，夫妻俩脸色都有点难看。这时，张经理在一旁打电话：“什么？您已经到了？您在哪儿呢？我怎么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宁晨举着手机走到张经理面前。啊！张经理有点傻眼，上上下下打量了宁晨一眼。您。 您就是宁先生，对我就是宁晨，在众目睽睽之下点了点头，又说：“合同带来了吗？”“带来了，带来了。”老板张经理赶紧从小助理手里接过合同，十分恭敬的递到宁晨面前，心里嘀咕个不停：“竟然这么年轻！”接着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周围的人，包括徐景山、乔静夫妇在内，全都满脸错愕，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看着宁晨。张经理不能理解，这位宁老板确实很年轻，但也没必要这么震惊吧？张经理。 这时，徐景山走了上来，瞪着宁晨说道：“你，你确定他就是买下这套房子的宁老板？”宁晨，宁老板，是的，没错。张经理接过宁晨的身份证，看了一眼，很肯定的说道。徐景山当场无语，用一种难以理解的目光看着宁晨。小陈，你不好意思，许叔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宁晨说道。徐董，原来你们认识？”张经理吃惊的看着他们。徐景山大脑有点转不过来了。 据他所知，宁晨的家庭条件很一般，以前还要他们家时常接济呢，怎么可能买得起这套房子？许舒妍和江棠他们已经彻底傻眼了。小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乔静上前问讯，脸上也是写满震撼。我中彩票了！宁晨早就想好了对策。中彩票？众人呆滞。中了多少？徐景山呼吸急促，眼中开始闪光。一个多亿！宁晨随口爆出一个数字。死！ 现场传来一片道抽凉气的声音，许淑妍下巴差点掉地上去。刚刚嘲讽过宁晨的石云辉脸色也是极其难看。一个多亿，尼玛，开玩笑的吧？天呐！吴海英玉手掩住红唇，尽量不让自己失态，但那双媚眸却是死死瞪着宁晨，仿佛在看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子。哎，糟蹋，真是糟蹋了。这时，徐景山却是说道：“现在青州房价横盘了，未来十年都不会大涨，买房子亏大发了，存银行定期。” 一年有两百万利息呢。听到这话，宁晨笑了笑道：“可是许叔，我听说许氏集团最近不是有困难吗？”徐景山身躯一正，宁晨继续说道：“小时候乔姨经常接济我们家，我宁晨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而且我也很喜欢这套房子，所以就做了这个决定。希望许叔叔不要拒绝。”我，徐景山欲言又止，拳头缓缓攥紧。他怎么敢拒绝？别看他现在每天出入豪车，潇洒依旧，但实际上集团已经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这么说吧。 一周内没有三亿资金到账，许氏就凉了。好，小陈，你有心了。许叔代表我们一家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徐景山上前重重拍了拍宁晨的肩膀，神情充满感激。去客厅签合同吧。宁晨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转身的刹那，他用余光瞥了一眼许淑妍，女孩的视线已经离不开他了。宁晨，你现在是什么表情？嘲讽、不屑，还是可怜？许淑妍俏脸浮现一抹自嘲，整个人瘫坐在草地上，自言自语道。 很快，合同签完，买卖生效，一亿两千万的资金也到账了。徐景山接到财务打过来的电话，紧锁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但资金还是有很大缺口。于是他咬着牙开口：“小陈，晚上来许叔家里吃饭吧，让你乔姨做几个拿手好菜。对了，许叔还有一件事情想和你商量。”“我没钱了。”明晨知道对方想跟他借钱，两手一摊，直接实话实说。徐景山顿时无语，这孩子说话也太直接了，完全不给他留脸啊！嗨嗨。 徐景山咳嗽两声，赶紧转移话题：“小陈，你误会了。许叔想说的是，你舒言妹妹很喜欢这套房子，能不能给她留个房间啊？当然，房子毕竟是你的，以后你住楼上，让舒言住楼下。”第一百零五章，许舒言有办法筹钱。宁晨马上皱起了眉，让许舒言继续住在这里？开什么玩笑！他全款买下这套房子，一是为了地底深处的灵脉，二就是为了赶走许舒言。他实在是受够这个女人了。碍于乔姨在场，他没有直言拒绝。 而是看向站在客厅角落里的许书言，希望这女人能识相一点。好在许书言读懂了她的眼神，她擦了擦眼泪，坚定地道：“不用了，爸，我以后就住学校寝室。你从小到大都没住过寝室，怎么可能住得惯？”听话！”许景山训斥道。“我已经决定了。”许书言说完，直接噔噔噔上楼去了，跑得飞快，因为她不想让宁晨看见她哭。书言<妍>，江糖，赶快追上去！哎，乔静看见两个孩子根本合不来，只能无奈叹息。楼上。 许舒颜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她一秒钟都不想在宁晨家里多待了。江棠看见闺蜜这副样子，心疼地道：“舒颜，你就跟大力哥说几句软话吧，他肯定会同意你留下来住的。”“他才不会呢，他就是一个混蛋。”许舒颜哭得梨花带雨，她想忍住，但眼泪很不争气，不停的往下流，手也不停地擦。叮咚，这时江棠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宁晨发来的微信：“宁晨，小唐，你可以留下来住。”刷。 江糖可爱的小圆脸，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一下子就红了。他飞快摁灭手机，揣进兜里，然后转身做深呼吸。是宁晨的消息吧？他留你下来住？许舒言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里面充满了委屈和哽咽。啊，没有没有。江糖转过身，连连摆手，小脸却红成了大苹果。你每次说谎脸都会红。许舒言很了解自己这个闺蜜，她无力的一叹，看来他对你有意思，小唐，要不你就留下来吧。舒言，你说什么呢？ 咱们可是好姐妹，发过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我和你一起回学校住寝室。江棠走过来，很坚定的说道：“小唐，许淑言，穷鼻一酸，又哭了。两个女生的东西很多，收拾了整整一天。徐景山和乔静夫妇也帮了忙。期间，乔静还给陈兰打去电话，得知宁晨并不是中彩票，而是在古董界捡漏一张古药方，卖给了青州大药企。古药方什么样的古药方？兰兰，你说清楚一点。乔静猛地想起一件事，具体我也不清楚。” 好像叫什么龙胆什么丸。陈兰在电话里咕哝：“那是不是卖给温家的济世药园了？”乔静追问：“对对对，就是这个温家。”陈兰正在美容院做头发，躺在按摩椅上笑着说道：“上次那个温家大小姐还亲自过来送车呢。静静，你还没看过我家的劳斯莱斯吧？下回我和昌茂到青州找你玩去。你说你过年也不登我家的门，还当不当我是闺蜜？”陈兰在电话里数落了乔静一顿：“哥以前她肯定不敢，现在家里有钱了，她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说话都有底气了。最近比较忙，下次你和昌茂来青州，我做东。乔静在尴尬中挂断电话，轻轻叹了口气。他哪里是不去啊？近两个月他都在想办法筹钱呢。身边，徐景山渐渐瞪大眼睛。古药方，难道是温老八十大寿那天小陈送的那张古药方？应该是。乔静颔首，他想起那天的寿宴上，宁晨拿出一张古药方送给温老爷子当寿礼，被满桌的人嘲笑。而林骄阳送出的价值八百万的长白山野人参，荣获最贵寿礼头衔。 现在看来，八百万在一个多亿面前算得了什么呢？那小陈为什么说谎？徐景山脸色复杂，不想借我钱吗？他可以直说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陈这也属于中彩票。乔静解释道：“真是走运。”徐景山露出一个无奈又自嘲的笑容，打拼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要向一个晚辈借钱，哎，造孽啊！不过说实在的，静静，我觉得宁晨这小子手里应该还有钱，你再问问你闺蜜，让他儿子再借点给我们，大不了算利息，我们又不是不还。 at，这，乔静脸上透出难色，她有点开不了口，但为了许氏集团，她又不得不开口。就在这时，偷听了很久的许淑妍突然冲进卧室，红着眼睛说道：“妈，别借了，我有办法筹到钱。”你，夫妻俩对视一眼，谁也不信。许淑妍就是个大学生，吞金兽，能怎么筹钱？而且还是短期内？难道女儿想？许景山想到某种可能性，倏然起身：“淑妍，你不要乱做决定，爸爸还没有困难到那一步。” 爸，你，你你瞎想什么呢？许淑妍反应过来，闹了个大脸红。我是想问林家借钱。林家？徐景山一怔。林骄阳？嗯。许淑妍骄傲的扬起天鹅颈。林骄阳正在追求我，只要我答应当他女朋友，不怕他不借给我。这，徐景山又犹豫了。这能行吗？乖女儿，你可别为了爸爸太委屈自己。集团的资金缺口还有整整一个亿呢。林骄阳他能借吗？你们只是谈恋爱，又没结婚。放心吧，爸，林骄阳可喜欢我了。 他说愿意为了我做一切事。从未谈过恋爱的许书言认为自己碰到了童话中的白马王子，他眼眸中带着期盼和一点点骄傲，说道：“我上次试探了一下，他说可以借，他可有钱了，手上几十亿闲散资金，借一亿给我们没问题的。大不了我先和他订婚，等毕业了再和他结婚。”徐景山大喜，激动地抱住女儿，泪眼朦胧：“真的吗？乖女儿，你太棒了！”乔静却在一旁暗暗担忧，女儿的恋情进展的太快了，而且还掺杂了金钱的佟秀伟。 以及一丝报复宁晨的意思，她本能的觉得不靠谱，但丈夫为了集团，已经把身边能借的都借了个遍，私人资产卖的卖，抵押的抵押，这最后一个亿已经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一百零六章樱花国宗师。许淑妍和江糖的东西很多，搬了一个下午才搬完。由于学校寝室不能养狗，她只能把黑龙留下来。坐在小货车的副驾驶上，望着心爱的幺四零三号别墅，许淑妍强忍泪水，粉拳紧攥，在心底狠狠骂了一声宁晨。 你这个混蛋！接着，他打了个电话给林骄阳，把今天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怪不得温家的济世堂最近生意很火爆，原来是因为那张古药方——龙胆生精丸。哼，这小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林骄阳的语气很不爽。谁能想到，那天寿宴上的一张破药方，居然有如此高的价值，直接碾压了他的长白山野人参。他买走我的别墅，就是故意在气我。许舒妍越想越气，声音带着哭腔：“舒妍，你别哭，我会帮你报复他的。”林骄阳保证道。 不用，许舒言含泪摇摇头。骄阳，你只要肯帮爹爹渡过难关，我就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林骄阳并没有许舒言想象中那么激动，而是一本正经地道：“舒言，我不希望咱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交易。我既然在追求你，自然会帮你们家渡过难关。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许舒言听完，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坐在旁边的江糖却觉得林骄阳太会花言巧语了，似乎经历过无数女人一样。舒言，资金缺口大概有多少？林骄阳又问。一个亿。 一个亿就够了，许舒言忙道：“一个亿，没问题。”林骄阳满口答应。不过还没等许舒言开心，林骄阳又说：“不过，舒言，我手上暂时没钱啊。”许舒言一愣：“怎么会？你上次不是还说你炒币赚了三十多个亿吗？”林骄阳解释：“是啊，但这笔钱我肯定不会存手上，哪怕放银行吃利息，一天也有十几万呢。”许舒言点点头，说的也是，哪有人会把三十个亿的现金存手上？肯定是拿出去投资。林骄阳又道。 不过，既然是你有困难，那我肯定要帮。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会想办法收回来一个亿，不，两个亿。许淑妍心中颇为感动，太好了，骄阳，谢谢你。林骄阳笑了笑：“咱俩谁跟谁啊？” at 又聊了一会儿，两人才依依不舍的挂断。宁晨，敢欺负我的女人，你简直就是在找死！林骄阳坐在某豪华公寓的沙发上，左手摇曳着红酒杯，眼中凶光毕露。他再次拨通一个号码：“喂，剃刀，调查的怎么样？他老家在东阳县，很好。”随后。 许淑妍把消息告诉徐景山，一家人都很开心。徐景山没想到林骄阳不仅肯借钱，而且一借就是两个亿，两个亿帮集团渡过难关绰绰有余了。徐景山用手松了松领带，把自己扔在沙发上，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林骄阳无论是家世、学历、事业、外形，无一不符合他心中最佳女婿的人选。女儿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自己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宁晨叫来几个保洁，把房子打扫了一遍，然后穿着拖鞋出门去买菜。 许书言一走，终于没人烦他了。走在路上，他心情越发美丽，甚至哼起歌来。不多时，他来到经常买菜的小河农贸市场，在各个摊位前转悠起来。嗯，练气期两个。忽然，宁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注意到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的气血十分强大，普通人是小火苗，他们就是冲天烈焰，修为已经达到武道宗师的级别。两个宗师各占据菜市场一个角落，目如刀锋，在人群中扫视，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宁晨当没看见。 自顾自的买菜，这时他兜里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叶孤楼打来的。老大，你在哪儿呢？叶孤楼的声音传来。我练功遇到瓶颈了，求指点。我在菜市场买菜。宁晨回答。啥？叶孤楼有点懵逼。就老大这身份，这实力，还用得着亲自买菜？或许高处不胜寒，强者偶尔也喜欢过过普通人的日子吧。叶孤楼想着，又说，老大，微信上发个定位给我，我来帮你拎包吧。行。宁晨挂断电话。 随手发了个定位过去，等会儿随便糊弄这小子几下就行。叶孤楼人就在清大，马上驱车赶来，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一圈，很快发现宁晨的身影。老大，叶孤楼招了招手，身影在人堆里穿梭，很快来到宁晨身边。内境巅峰，宁晨扫了这小子一眼，点点头，不错，你快突破炼气了。叶孤楼知道宁晨口中的炼气就是武道宗师，于是很兴奋。老大，多亏了你的飞灵断骨拳，这门拳法实在太精妙，太神奇了，我真是爱了爱了。 呵呵，宁 <laughs> 晨敷衍一笑。飞灵断骨拳不过是他掌握的数千门武学中最下等的一种。叶孤楼能在两三个月时间里领悟到其中的精要，并突破一个小境界，天资算得上是不错了。可惜他手上没有测灵杯，无法检测叶孤楼的灵根。叶家大少，叶孤楼！就在这时，一直在菜市场角落暗中观察的两个神秘宗师猛地盯住了叶孤楼，眼中齐齐露出震惊之色。真的是叶家大少爷，叶孤楼！他居然会出现在这里！要不要动手？ 先看看再说。经过上次的事情，叶家应该会给叶孤楼派保镖。两个神秘宗师用一门秘法相互交谈，但说的不是中文，而是樱花语。这赫然是两名樱花国宗师。逛了大概四十分钟，宁晨买了一堆菜，带着叶孤楼回到玫瑰园别墅。老大，这是你的房子。叶孤楼四处看了看，脸上并无太多惊讶。绿城玫瑰园在他们叶家的私人庄园面前，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嗯，刚买。宁晨指挥叶孤楼把菜拎进厨房。这里多少钱一瓶啊？ 回头我也买套，叶孤楼随口问道：“十几万吧，好像。”宁晨回答：“这么便宜，那我明天就搞一套，和老大做个邻居。”叶孤楼笑呵呵地道：“他主要是想跟宁晨拉近关系，方便随时请教武学。先别做邻居了，院子里那两个好像是来找你的吧？跟了一路了。”宁晨指了指客厅的落地窗外。第一百零七章，我们来自晋国武士会。啥？叶孤楼扭头一看，院子里果然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黑龙正冲着他们狂吠。 汪汪汪的叫个不停。男人身材修长，穿着黑色风衣，衣领一直遮到鼻梁，枯草似的密发下露出一双刀锋般的眼睛。女人就要性感多了，穿着露脐皮夹克，一头凌厉的短发，尽显飒爽。两个人身上的气血十分浓烈，隔着十多米远的距离和一扇厚厚的落地窗，叶孤楼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敌意。黑龙叫了一阵，被风衣男狠狠瞪了一眼，吓得缩进狗屋，连狗头都不敢伸出来。宗师，两个。叶孤楼紧盯着两个人，眼神凝重。老大。 什么情况？宁晨一摊手，你问我，我问谁去？要不是他在这儿，叶孤楼早就溜之大吉了。但见识过宁晨用一根大葱斩杀樱花国剑圣，叶孤楼就有了底气。他走进院子，对两个宗师说道：“你们是谁？想干什么？”风衣男和短发女对视一眼，眼神颇为惊奇。随后，风衣男操着一口蹩脚的中文赞叹道：“不愧是叶家大少，胆量过人，面对我们两位 S 级强者，还能保持风度。”S 级是国际上对修炼者的划分标准。 绝大多数地区都这么叫，只有华国自成一脉，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我有个屁的胆量！要不是老大在这儿，我早就溜了。叶孤楼心中暗想，又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来自晋国武士会。”风衣男沉声说道。“鄙人黑木斋。”方鹤性子。”短发女冷冷地道：“是你们。”叶孤楼咬牙切齿，脑中瞬间回想起了晋国武士会的诸多黑料。这个组织在地下世界很针对华国修炼者，数十年来死在他们手上的宗师都有好几个。 自己也是在一次行动中杀死了德川家族的少主，才引来剑圣德川一郎的亲自追杀。叶少爷，关于德川先生的死，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走一趟？风衣男黑木斋笑眯眯的说道：“德川一郎都死了，你们还敢来华国调查，不怕死吗？”叶孤楼问：“我们跟了一路，并没有发现任何强者的踪迹。如果我猜得不错，叶少爷现在是孤身一人吧？”黑木斋继续道：“宁晨倚着院门，端着一杯茶正在喝，听到这句话有点无语，啥意思？” 我不是人，叶孤楼强忍笑意。叶少爷，我们只有一个问题。黑木斋语气变得严肃。德川先生究竟是不是死于侠魁之手？闻言，叶孤楼先是一笑，然后回头望了一眼宁晨。如果我告诉你们，德川一郎是被他杀死的，你们信吗？黑木斋和方鹤性子同时望了宁晨一眼，又同时移开。叶少爷，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黑木斋语气变得森冷。德川先生的死已经彻底惊动了武士会全体高层，就算是侠魁出的手，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真相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信不信由你们，叶孤楼干脆两手一摊，无语的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只好将你带走了。”方鹤性子失去了耐心，一步踏前，宗师气势汹涌而出，朝叶孤楼压去。宗师毕竟是宗师，战力绝非内劲能抗衡。叶孤楼险些跪倒在地，但他又怎么可能给樱花国人下跪？他四肢撑地，咬牙扭过头，艰难的说道：“老老大，他们动手了，动手就动手呗。”宁晨似乎不打算管闲事，边喝茶边说：“他们找你。” 又不是找我，尼玛<马>！叶孤楼心神大骇，以为自己被坑了。扩到的虫子，西奈方鹤信子身影一闪，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掠至宁晨背后，一记手刀往他脖颈上砍去。只听砰的一声，方鹤信子的手刀结结实实的砍在宁晨脖子上，但后者的身体没有动摇哪怕一丝一毫，连杯子里的茶水都没有晃两下。怎么可能？方鹤信子愣了一下，他可是 S 级强者，媲美华国宗师，一记手刀。 应该能把这个毫无修为的普通华国年轻人消手才对啊！呼、哦，看见方鹤信子对宁晨出手，叶孤楼松了口气，他知道这俩鬼子要没了。上一次在菜市场，宁晨本来也不打算救他，是德川一郎手贱连劈宁晨两根大葱，后者才出手将其斩杀。果然，受此一击，宁晨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非要闯进来。信子，快退！黑木斋的声音传来。方鹤信子好歹是万中无一的 S 级强者。 本身就是有傲气的，一击不成，他心生恼火，猛地从袖口甩出两只手里剑，杀向宁晨面门。西奈，他破口大骂。啪！宁晨抬手就是一个大臂兜子，恐怖的劲风裹挟手里剑，狠狠扇在方鹤性子脸上。随着一声惨叫，方鹤性子的脸被自己的手里剑撕裂。紧接着，恐怖的力量袭来，瞬间打断他的脊椎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方鹤性子的身子在原地旋转了十几圈，拧成了麻花，整个人也失去了生命气息。 一头栽在地上，死不瞑目。院内死寂一片，一切发生的太快，连一秒钟都不到。性性子黑木斋下巴差点砸地上，一巴掌抽死了一个 S 级强者，这怎么可能？S 级强者可是连炮弹都轰不死，在战场上能徒手拆坦克，甚至投石打飞机。你你是什么人？黑木斋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宁晨，冷汗瞬间浸湿后背。回想起叶孤楼刚才的话，他的脸瞬间惨白。难道杀死德川先生的人？ 真的是这个一脸稚嫩的华国小屁孩，不行，我一定得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告诉许辉小姐。华国居然诞生出了这样的妖孽，樱花国要不妙了。走，黑木斋高高抬手，将两颗特制的烟雾弹砸在地上。吃，这是组织研发的超级烟雾弹，一颗价万美金，烟雾中含有神经毒素，足以麻痹一群 S 级强者的感官。黑木斋脑中闪过这个念头，转身想溜，不料周围的彩色烟雾突然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消失。不，不是消失。 而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黑木斋扭头一看，吓得亡魂皆冒，嘴里蹦出一句母语：“纳尼？”只见宁晨步入院中，胸膛高高挺起，只一口气便将所有毒烟全部吸入肺中。叶孤楼也看呆了，这毒烟他吸一小口就头昏脑胀，老大这直接抽起来了。第一百零八章父母出事。呼！突然，宁晨张嘴一吐，一缕彩烟如箭矢般飙射出去。黑木斋身在半空，被烟气一剑洞穿心脏，落地横尸。 又一位宗师死了，这这这土气杀人！夜孤楼瞪大眼睛，像是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画面。媲美宗师的 S 级强者，被一个大臂兜抡死也就算了，被一口气吐死也太过分了吧！但偏偏这样的事实就呈现在面前，由不得他不信。现在能百分之百确定，老大是武王了。夜孤楼望向宁晨的目光充满了向往和渴求。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变得这么强大，杀宗师如土狗呢？黑龙，过来。这时。 宁晨对院子角落里的狗屋吹了声口哨，一条缺了只耳朵的德牧犬钻出来。宁晨说了几句什么，他把两具尸体拖到角落，然后开始疯狂刨坑，最后竟然把两个樱花国宗师的尸体就地掩埋了。老大，你你这是？叶孤楼差点石化。一天天的这么多事儿，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混日子吗？哎，宁晨负手叹息，走回客厅。叶孤楼看着用狗腿在夯土的黑龙，打了个冷战，忙跟了上去。老、哦、老大，你就把他们埋自家院子里。 晚上睡觉不害怕吗？夜孤楼讪笑的问道。怕？有什么好怕的？就他们这点修为，就算变成冤魂、厉鬼、僵尸也没多厉害，大不了再杀他们一遍。宁晨语气平淡。牛批！夜孤楼苦笑，这就是强者的自信吗？他不知道，其实是宁晨太懒了，懒得处理，就地埋了多方便。对了，老大，这个禁古武师会，夜孤楼正想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宁晨却摆了摆手，别跟我说这些破事，我不感兴趣。 叶孤楼只得苦笑。宁晨又补充道：“今天的事，你要是敢传出去给我惹麻烦，我把你也埋了。”晚上，叶孤楼蹭了顿饭，差点没把舌头吞下去。他从来不知道宁晨的厨艺这么好，能秒杀所集酒店的掌勺厨师，连他们叶家的御用大厨都比不上。就是院子里埋着的两人，让叶孤楼有点膈应。饭后，宁晨闲着无聊，就稍微指点了一下叶孤楼的修行。这小子悟性也高，一点就通，怪不得这么年轻就修成了内境。 在整个南方年轻一辈中都是赫赫有名的天才。大半夜的，宁晨起来煮夜宵，发现叶孤楼还在院子里练功，不由暗暗点头：如此可教也。叮叮叮，这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宁晨拿起来一看，是顾宏凯。喂，顾叔叔，宁宁先生，大事不好了！顾宏凯的声音透着颤抖和害怕。怎么了？宁晨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如果不是急事，顾宏凯不敢深更半夜打给他。刚才有杀手去去了风息院二幢四零六。 顾宏凯支支吾吾，方溪苑二幢四零六，这是他老家。没等宁晨回话，顾宏凯又道：“您放心，您父母没事，他们只是受了惊吓。我马上过来。”宁晨挂断电话，脸色冷漠的可怕。老大，怎么了？叶孤楼发现宁晨脸色不对劲，从院子里跑了过来。有事，出去一趟，你在这里练功。宁晨说完，身子居然凭空浮起，迟疑了半秒后，便以一个恐怖绝伦的速度冲出别墅，直入夜空。扑通。 叶孤楼一屁股坐在地上，扬起脖子望向夜空，嘴巴大张：“飞！我遭！老大能飞！哇！省略一百个我遭！”青州离东阳县四百多公里，开车最快也要三个多小时。宁晨怕爸妈出事，所以即便消耗灵力，也要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大量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以及武协成员，还有看热闹的小区居民，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警戒线拉了好几道。宁晨挑了个隐蔽角落落下，然后快步跑进去。 顾洪凯正和几个领导说话，焦头烂额。宁昌茂和陈兰也站在旁边，眼中写满了忧愁和害怕。小陈，宁昌茂看见儿子走过来，还以为大晚上的眼花了。儿子，你怎么回来了？陈兰快步迎上去，引得顾洪凯也看过来。宁先生，顾洪凯满脸的匪夷所思。宁先生怎么会在东阳？他不是和西瑶一起回青州了吗？爸妈，你们没事吧？宁晨走过来，临时一涌而出，扫视亲爹亲妈的身体状况。 发现没有大碍后，才松了口气。到底怎么回事？他望向顾洪凯，顾洪凯吓了个机灵，身后的执法人员和武协的领导十分吃惊地看着宁晨。顾总可是东阳县首富，这个小毛孩子是谁？竟敢吼首富？接着，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对不起，宁先生。顾洪凯走到宁晨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是我没有保护好您父母，都是我的错。”领导高层们，这时，三个人躺在担架上，从居民楼里被抬了出来。 正是曹磊和赵全，顾家雇聘的两个保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黑衣人，身边有两个持枪执法人员随行。死，流了这么多血，人不会死了吧？怎么会有杀手跑到我们小区了？我在风西苑住了十年，还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怪事情。还不是宁昌茂他们一家一夜暴富，有两个臭钱天天嘚瑟，遭报应了吧？人群议论纷纷。宁晨一边听顾宏凯的解释，一边动用灵石朝那三个人身上扫去。曹磊重伤，但还有一口气；赵全命脉已断。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另外一个黑衣人似乎就是顾鸿凯口中的杀手，杀手是半步内劲的修为，比曹磊、赵全强上不少，所以才把他们打得一死一伤。但由于二人练了宁晨传授的上古强身术，近期武功大进，搏命之下把他也打成了重伤。很快，三个浑身是血的人被救护车送走。宁晨从兜里摸出两张纸符，递给宁昌茂和陈兰：“爸妈，这个你们拿着。第章”第一百零九章宁晨的逆鳞。小陈，这是。 宁昌茂和陈岚茫然地接过纸符，发现是普通的黄纸符，上面有一道道红纹，不知是朱砂还是鸡血。这是我重金求来的护身符，爸妈，你们以后就贴身佩戴，能保平安的。宁晨一本正经地说道。好，好。陈兰连连点头。小陈有心了。宁昌茂也笑了。其实这是宁晨在路上绘制的符箓，以自身鲜血为引，施加两个护身咒在上面。一旦有危险降临，符箓会自动激活，挡住一群筑基期修士的围攻都不成问题。 他自己也会瞬间感应到，什么年代了，还有人信这个？旁边的一些领导们都是嗤笑摇头，连顾洪凯也没有在意。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宁晨对他们顾家有看法，不再信任他们家。顾叔叔，能不能把那个杀手交给我审问？这时，宁晨忽然提出一个要求。什么？顾洪凯愣了一下，然后看向身边的两位领导秦局、孙常务。这小兄弟，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和你的父母一个交代。 至于把凶手交给你审，这就有点天方夜谭了，肯定不行的。秦局大多岁，穿着一身制服，双鬓微白，眼神犀利，处理这种事十分老练。另一位四十多岁的武协孙常务也说道：“审问犯人是我们武协和执法人员的工作，小兄弟，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等消息吧。你们等我打个电话。”宁晨说完，转身拨通了一个电话。啊，还打起电话来了！秦局给了孙常务和顾宏凯一个无奈的眼神，让他打吧。孙常务摆摆手。 如果我父母遭遇暗杀，我也一定会动用各种关系参与到调查当中去。哼，就算是人之常情，也不能乱插手我们的工作。”秦局冷哼道。另一边，宁晨拨通了青州武协会长郑文龙的电话，把暗杀事件跟他讲了一遍，希望能得到凶手的审问权。没有问题，前辈，给中时间。郑文龙挂断后不到三分钟，几辆白牌车停在丰溪苑小区门口，一堆人下车后跑步前进，来到两幢楼下。冯会长，孙长务正在和秦局聊案情。 忽然看见自己的领导，赶紧迎上去。at，滚一边去！冯会长将他推开，甚至看都没看一眼，径直来到宁晨面前，恭恭敬敬地道：“您是您前辈，是我。”宁晨点点头。这个时候，宁昌茂和陈兰已经被送上了楼，他也不再隐藏，直接散发出强大气场。我和小郑打过招呼了，凶手的审问权现在给我，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冯会长听到小郑这个称呼，吓得嘴角抽搐了几下。 满脸堆笑，身子弓成九十度。宁前辈，我现在就派人去医院，把凶手拉到我们东洋武协总部，交给你审问。宁晨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跟随武协队伍离开，只留下面面相觑的孙长务和秦菊。宁先生路子果然广，东洋武协的冯会长亲自来接，还对他毕恭毕敬的。顾宏凯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心中不断猜测宁晨的背景。宁晨没把这几个小人物放在心上，他现在迫切的想知道是谁在报复他，竟敢雇佣杀手暗杀他的父母。 这几乎触动了他的逆鳞。自从回到地球，宁晨还是第一次这么生气，这么想把一个人碎尸万段。很快，凶手在医院只接受了最简单的医疗处理，就被武协的人带走，送到东洋武协总部的审讯室。一针强心剂打进他的心间，将他从昏迷中唤醒。呼，杀手倒吸一口凉气，猛地睁开双眼，茫然地看着四周环境。他拼命挣扎，却发现自己被绑在铁椅子上，动弹不得。老实点。 冯会长就站在旁边，抬手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子，骂道：“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知道你今晚暗杀的人是谁吗？老实交代，你是哪个组织的？背后金主是谁？”哈哈哈！杀手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于是咧嘴笑道：“干我们这行都是有职业道德的，绝对不会供出金主。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套出一句话，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他妈的！冯会长气得一脚把他踹倒，小喽啰一个，你说不说？说不说？啪啪啪！冯会长上去就是一阵狂踹。 踹得他不停地吐血哀嚎，但这个杀手显然是受过残酷训练的，尽管被打得很惨，但始终咬紧牙关，不透露半个字。够了，宁晨坐在对面看了半天，突然出声。冯会长这才停下来，脸色有点难看。宁前辈，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撬开他的嘴。就算撬开他的嘴，你能保证他说的就是实话吗？宁晨斜了他一眼。这，冯会长面露难堪，心中却是有点不屑。地下世界的杀手都是硬骨头，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宁晨没再理他，起身走向杀手。杀手支撑着身体，靠住墙壁，浑身是血，狞笑道：“别做梦了，我什么都不会说，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不用你说，我自己找。”宁晨说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大手一抓，灵力涌动，搜魂术。这是他第二次施展搜魂术，因为动了真火，所以力度很大，直接粗暴地将杀手的魂魄从脑域扯出进行搜刮。杀手很快发起了羊癫疯，死命泛着眼白，四肢抽搐，嘴里发出“呃呃呃”“呀呀”的声音。 宁前辈，您这是在干什么？冯会长看呆了，严刑逼供，屈打成招，这不好吧？可能是单纯的报复。四，好狠的手段！小小年纪，几个东洋武协的高层管理看得胆战心惊。那是什么？突然，有人指着杀手的天灵盖上，那里有一缕缕蓝色烟雾般的物质被吸出来，汇聚到宁晨掌心。每吸出来一点，杀手的身体就狠狠抽搐一下。这一幕像极了金庸小说里的吸星大法，但他们错了，宁晨吸收的不是功力，而是灵魂。 第幺幺零章大开杀戒，此子不是凡人啊！冯会长抹了把脑门上的冷汗。过了一会儿，宁晨终于收手，嘴里吐出四个森冷的字眼：“血刃酒馆。”杀手像只软虾滑倒在地，四肢扭曲，时不时的抽搐一下，口中只剩出的气没了劲的气。血刃酒馆。冯会长听到这四个字，吃了一惊。杀手组织榜排名第十的血刃酒馆，宁前辈，您是怎么查出来的？你不需要知道。宁晨扫了已成废人的杀手一眼，转身离去。 出了审讯室，黑暗的走廊上，他再次拨通郑文龙的电话。前辈，怎么样了？郑文龙声音放得很低。是血刃酒馆。宁晨冷冷说道。是他们。郑文龙皱了皱眉。前辈可是哪里惹到了他们？不是他们惹到了我。宁晨的声音听不出任何人类的情感。小郑，帮我一个忙。前辈。郑文龙的声音明显带上一丝情绪和慎重。血刃酒馆是国际性的杀手组织，成员加起来有数万，分散在世界各地。我一个青州武协的分会长。 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能帮到您的地方实在有限。况且上次那批药材的事情，您的身份还很敏感，万一暴露，连着我也要受牵连。宁晨听他说完，才解释道：“你误会了，我不是要让你帮我对付血刃酒馆。”郑文龙愣了：“那是？”宁晨道：“接下来几天，江南省会出一点小动荡。”郑文龙眉头猛皱：“前辈，你说什么？”宁晨继续说：“放心，出事情的都是血刃酒馆的人。你帮我把消息扩散出去，我要让地下世界知道。” 华国的江南省有一个他们惹不起的人。话毕，宁晨直接挂断。郑文龙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您前辈动真火了。”青州某家电影院，不好意思，舒言，我接个电话。林骄阳摁灭手机屏幕，对身边的家人说道：“去吧，去吧。”许舒言往嘴里扔了粒爆米花，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林骄阳来到无人角落，接通电话：“喂，剃刀，任务完成了？林少出了点意外。”对面传来可惜的声音：“什么意思？” 林骄阳眉头一皱，那对老夫妻有两级巅峰的保镖，剃刀说道：“什么？哪儿来的？”林骄阳吃了一惊，不清楚，但任务已经失败了，而且已经惊动地方武协。剃刀顿了顿，又道：“要不要再派个杀手过去？暂时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去滨海避避风头先。”林骄阳很烦躁的挂断电话，面容阴狠毒辣：“姓宁的，没想到你还挺有势力，居然给你爸妈找了保镖。不过你在明，我在暗，你被我玩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同一时间，宁晨把父母接到东阳武协总部来住。冯会长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照顾好他们。陪了父母一夜，第二天一早，宁晨便返回青州。叶孤楼还在玫瑰园别墅练功，看见宁晨回来，他兴奋地跑过来：“老大，你你会飞？你是怎么做到的？对了，你昨晚干什么去了？”宁晨没理他，径直来到二楼，打开保险柜，从里面取灵药。他懂得一门上古神通，无需炼化，可直接将灵药中的灵气提炼成灵力，当成充电宝使用。 啊！黄金果、龙涎草、子汁，这么多灵药。叶孤楼看见宁晨从二楼下来，身边漂浮灵药，不由大吃一惊。他摇摇颤颤的伸出手指，指着宁晨：“老大，江南武协押运的那批药材，是你劫走的？”滚蛋！宁晨一脚把他踹开，不耐烦的骂了句。接着他掐了个剑指，念动口诀，身边漂浮灵药绕着他开始旋转，速度越来越快，一股股青色气流注入宁晨眉心。 不一会儿，药材灰飞烟灭，宁晨也仿佛重获新生，身体散发出微微绿芒，眼神深邃，气场宛若神明。老大这是在干什么？叶孤楼瘫坐在地上，完全看呆了。这些灵力虽然维持七天就会消散，但也足够了。开始吧。宁晨闭上眼睛，灵石如潮汐向四面八方蔓延过去。因为这是免费灵力，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使用。一眨眼的功夫，整座青州市都被灵石覆盖。这只是个开始，灵石潮汐继续向外蔓延，鹿城、明州。 合城、湖城、会稽、荆州等等地级市，乃至紧贴着江南省的滨海市，整整十万平方公里、六万人口都被笼罩在一张灵石巨网之下。和上次覆盖东阳县相比，这一次的手笔大了太多。宁晨恐怖的灵石从无数男女老少身上扫过。半小时后，青州市境内一个人引起了宁晨的注意。这个人的脑子里埋设了一枚芯片，里面安装有起爆装置。房间枕头下面还有一把枪。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之火十分阴暗，手上显然沾了不少人命。 宁晨很快化作一阵狂风，消失在别墅里。老大叶孤楼也想跟着去，但他完全跟不上宁晨的速度。数秒后，即酒店顶层套房，一个壮年男子正在锻炼，忽然发现阳台上出现一个人。他想也不想，立刻滚到床边，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瞄准宁晨，砰砰砰,砰就是三枪。宁晨从阳台走进卧室，右掌一挥，将子弹全部扇开。这不可能！杀手看得目瞪口呆。死！宁晨没有废话。 一拳打出，对方只发出了“噗”的一声，便当场暴毙。宁晨再次施展搜魂术，查阅杀手的记忆，结果发现他并不是血刃酒馆的成员。没过多久，保洁员来打扫卫生，进门一看，吓得失声尖叫。而这时，宁晨已经找到了第二个杀手。这个杀手正在房间里睡觉，被突然闯入的宁晨当场击杀，却依旧不是血刃酒馆成员。第一百一十一章幕后真凶。第三个杀手在郊外悠闲地钓鱼，结果为了鱼浮尸河面。 第四个在温泉会所蒸桑拿，结果服务人员进来后发现客人已经横死。在打高尔夫，球童把球捡回来的时候，发现客人被球杆洞穿胸口，死的不能再死。第六个，就这样一整天的时间，宁晨干掉了十三个杀手，其中有一个是血刃酒馆成员。宁晨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搜魂，结果却不尽人意。血刃酒馆的保密制度做得很好，一级杀手为组织工作十年，赚取了上千万的报酬，但从来没见过他的上级，接收和汇报任务都是通过加密暗网联络。没办法。 宁晨只能一个个杀，一个个找。当天夜里，青州武协收到执法人员的求助。青州出大事了，一夜之间十三个人被杀。尽管郑文龙早就知道宁晨会出手，但没想到这么快。望着摆在面前的血淋淋的照片，郑文龙陷入了沉默。他想象不到宁前辈是怎么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找到这些杀手，而且每一个杀手的大脑都遭到严重破坏。这十三个杀手的身份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更多的死亡数字已经涌来。第二天，十八人。 第三天二十人，第四天二十一人，郑文龙急得满头大汗，每天都打电话联系宁晨，劝他收手。这样做是在向地下世界的所有杀手组织宣战，即便是武王也要掂量掂量后果。宁晨不予理会，依然每天清空一座城市里的杀手，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追寻血刃酒馆的成员。到了死亡数字开始骤降，一天只死了九人，不是宁晨灵力不足，而是有杀手收到秘密线报，连夜跑路。太恐怖了，到底是谁？ 短短几天竟然杀了这么多人，蝰蛇、壁虎、魔术师这些老级杀手全部死了，还有 B 级杀手，甚至 A 级杀手暴君都被生生撕成两半，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剃刀提着行李箱，匆匆赶往普西机场，准备去国外待一段日子。刚下计程车，一只手便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剃刀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居然不受控制，跟着一个陌生人往隐蔽的地方走去。来到厕所隔间，陌生人脸庞一阵扭曲，变成了宁晨的模样。是你。 剃刀一眼认出宁晨，吓得魂飞魄散。你认识我？宁晨感觉自己终于找对人了。不不，我不认识你，放我走，放我走！剃刀开始拼命挣扎，但他的身体根本不受他控制，想扯着嗓子喊救命，他也提不上来力气。希望你是最后一个。宁晨屈指一弹，噗的一声轻响，一缕真气洞穿剃刀的眉心，送这个 B 级杀手去见了佛祖。搜魂术再度施展，所剩不多的灵力缓缓消耗。这一次。 他从这个杀手的记忆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林骄阳。呵呵，找了一大圈，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让我看看，你表面上是币圈人士，青州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其实真实身份是血刃酒馆驻江南区的业务代理人。在灵力耗尽的前一秒，宁晨掐断搜魂术，剃刀一头栽进马桶，溅起大片水花。得知林骄阳是幕后真凶后，宁晨也不着急回去报复。这几天，在外人眼里，他的确很疯狂，一连杀死上百名杀手。 惹恼数大杀手组织，可以说半个地下世界都在追查他的身份，连华国武协的总部都在调查他。宁晨自己却没什么感觉，打了辆网约车，慢悠悠的从滨海回到青州。此时，林骄阳也收到了来自上级的警告：妖孽，最近江南很不太平，有个疯子到处杀人，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你最好去东南亚避一避风头。这位血刃酒馆的上级，代号屠夫，是华区负责人之一，地位很高。林骄阳的代号是妖孽，深受他的器重。屠夫老大。 这个疯子到底是谁？我新招募的三个杀手都被他干掉了，气死我了！酒店套房里，林骄阳破口大骂：“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我就去领黑暗泰坦的八百万美元赏金了。”屠夫冷哼道：“黑暗泰坦？”林骄阳不解：“黑暗泰坦在杀手组织榜排名第三，实力远超血刃酒馆，据说有 S S S 级的超级强者坐镇。那个疯子怎么还跟黑暗泰坦扯上关系了？”“黑暗泰坦一位高层的子嗣来江南历练，死了。”屠夫解释道。 那个疯子干的，哈哈哈哈！有这种事？林骄阳大笑。黑暗泰坦比我们血刃酒馆强多了，那个疯子一定会付出代价。我们有热闹看了。别看热闹了，你先离开江南再说，小心那个疯子找上你。屠夫再次叮嘱。应该不会吧？我只是一个代理人，只负责招募和管理杀手。林骄阳讪笑。干我们这行，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屠夫又道。知道了，老大，我今晚、明晚就出国。林骄阳说道。嗯。屠夫挂断。 马德，真麻烦！到底是哪个信号？信号？信号在搞事！林骄阳一拳砸在墙上，自言自语道：“看来只能这样了。”随后，他拨通许淑妍的电话：“喂，淑妍，晚上有空吗？来 OT 酒吧玩啊！”哎，资金的事你别急，过来我再和你讲。就这样，先挂了。到了晚上，许淑妍如约而至，还带来了姜糖。两姐妹都打扮得很漂亮。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林骄阳还叫了其他朋友，一直喝到后半夜，只字不提那两亿资金的事。凌晨三点半。 林骄阳和许书言叫来的朋友都走光了，偌大的包厢里只剩下他、许书言、江糖。江糖喝得半醉，忍着胃里的不是陪闺蜜。许书言经常出来玩，酒量很好。骄阳，我爹爹真的撑不住了，你答应我的两亿资金究竟什么时候到账啊？第幺幺二章林骄阳的真面目。书言，你问了一晚上了，不累吗？林骄阳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好像知道只要资金没到位，许书言就不会轻易离开。要不我帮你按摩一下肩膀，放松放松吧。 趁着酒劲，林骄阳胆子也大了起来。他绕到许舒言背后，试图触摸她雪白的脖颈、光滑的香肩。林骄阳，你想干什么？这时，江棠一个机灵，赶紧跑过来推开林骄阳。林骄阳被推得有点不爽，皱眉道：“什么干什么？我帮我女朋友按摩放松一下，这你也要管？不对吧？舒言好像还没答应正式当你女朋友，你就这么动手动脚，合适吗？”江棠常来酒吧玩，也算是阅男无数，一眼就看出林骄阳心怀不轨，眼睛里色星号星号星号的。 显然是喝了酒，本性暴露了。还有林公子，你说好的借钱给许叔，一直拖了这么久，你到底什么意思？江棠早就想质问他了。小唐，你别这么说啊！焦阳也一直在努力，只是资金被套住了。许舒妍帮忙辩解。舒妍，你太天真了！江棠气愤地说道。如果他真的爱你，早就去银行贷款帮许叔了，怎么会拖这么久？哈哈，贷款。闻言，林娇阳忽然发笑，说得轻巧，万一许家日后经营不善，真的破产了。 这两个亿你替他们家还，你什么意思？啊？江棠美眸渐渐瞪大，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借钱给许叔？小唐，你别乱说，焦阳不是这样的人。许淑妍生怕惹恼,恼了林娇阳，赶紧拉住闺蜜。林娇阳却是玩味儿一笑，说道：“啧啧，还是你聪明啊，小唐和许淑妍这个蠢女人完全不同。”轰！这句夸奖宛如晴天霹雳劈在许淑妍上。骄阳，你！许淑妍脸都白了，指着他：“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啊？哼，我还想问你什么意思呢！林骄阳瞪着他，天天跟老子出来吃饭、看电影、买衣服，既不承认是我女朋友，又不让我碰，牵个手都要犹豫半天。你这样的渣女，还指望看老子借你钱做新号、新号、新号春秋大梦去吧？一通暴骂，差点把许淑妍骂晕。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平日里温柔体贴的林骄阳，喝醉了居然是这样一个人。两行清泪从他美丽的脸颊上流下来。小唐，我们走。许淑妍牵着江唐，扭头就要走。 走吧，走了，你们许氏就真的破产了。林骄阳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据我所知，银行给你老子的最后期限是明天上午八点，八点前资金不到账，银行就会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到时候你们许氏集团就彻底完蛋了。哈哈！说完，他还大肆嘲笑起来。许舒言的脚步在包厢门口止住，他仿佛已经预测到了什么，粉拳攥紧，咬牙问道：“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借我钱？”很简单，做我的女人。 林骄阳把脚翘在桌子上，点着一根烟，然后开始吞云吐雾。你无耻！江糖抄起桌上的半杯酒，气愤的泼向朝林骄阳。林骄阳也是练过的，怎么可能被他泼中？他身影一闪，避开酒水，然后狠狠给了江糖一耳光，把他扇倒在沙发上。小唐<堂>，别打小唐！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行吗？许舒颜跑过来护住闺蜜，泪流不止，唇瓣都被咬破了，渗出嫣红的血丝。舒颜不要，不要啊！江糖被打得晕晕乎乎的。 强忍着痛苦说道：“许舒妍被齿咬唇，恨恨地瞪着林骄阳。你先给我爸爸打两千万，稳住银行那边，否则我死也不从你。”“没问题。”林骄阳嘴角一勾，马上拨通公司财务的电话，并打开免提。“喂，小张，给许氏那边打两千万。”“好的，林总。”闻言，许舒妍眼睛更红了，死死瞪着林骄阳，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所以你手里有钱，你一直在骗我。”女孩崩溃地说道。“总算聪明一次了。”林骄阳走过来。 挑起他雪白精致的下巴，眼中尽是得逞的邪笑。混蛋！许书言抬手扇了他一耳光，泪珠溅出眼眶。at 这个杀千刀的混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借钱，他算计的只有自己的身体。他都想通了，可惜已经太晚了。许氏集团浪费了最后一点宝贵时间，已经是穷途末路。想起父亲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想起母亲眼里的血丝，许书言决定牺牲自己。他坐在沙发上，闭上流泪的美眸，说道：“麻烦你快点。” 我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呵呵，开什么玩笑！林骄阳挨了一巴掌，非但不生气，反而很兴奋。许舒妍，你好歹是我碰见过最漂亮的女人，虽说最终还是没逃过我的魔掌，但咱们两个人不该在这种地方。走吧，洲际酒店总统套房我早就订好了。耶，yeah, 还长着呢，我们可以慢慢玩。听到“慢慢玩”三个字，许舒妍娇躯猛烈一颤，心如死灰。舒妍，别去！江糖挣扎着站起来，拉住闺蜜的手。许舒妍抱住她，哭成了泪人。对不起。 小唐，真的对不起，我必须要帮爸爸，我不能看着许氏破产。有完没完啊？林骄阳站在门口抽烟，有点不耐烦了。小唐，别报警，别告诉我爸妈，更不要告诉宁晨。许舒妍流泪起身，这一刻不知为何，她满脑子都是宁晨当初的告诫，离那个林骄阳远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宁晨，对不起，我应该听你的，真的对不起，许舒妍真的好后悔。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她必须要跟林骄阳走。但就在开门的刹那，脑海中的脸。 映入眼帘，宁晨、许书言正在原地，还以为是在做梦。大力哥、江棠也愣住了，大力哥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来救书言呢？宁晨，你他妈怎么会在这？哦，林娇阳话还没说完，就被宁晨一拳砸在脸上，直接就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墙上，吐出一大口血。宁晨面无表情的走进来，顺手关上包厢的门。宁晨，你是来救我？许书言感动的望着宁晨，可后者直接无视他，大步走向江棠。 他轻抚着姜糖肿成包子的左脸，指了指林骄阳，他打的。